族人团结一心，力求上进，严谨家风，可挡不住衰败，分崩离析边缘。离家三年的他归来，弱小身躯撑起家族一片天，力挽狂澜，拯救出泥潭，步步为营，逐步走向兴盛，打造第一仙族荆棘崛起路。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不无脑送死，知进退。这是一个弱小修仙家族一步步发展壮大的故事，没有狗血剧情，精彩纷呈，错过可惜。第一章：强者恒强，弱者越弱。慢一点。 才能持久。一个看起来二十来岁的青年蹲坐在杂铺门口，眉头紧锁，望着人来人往的人群。青年叫陈子墨，陈氏修仙家族一名普通弟子。脑海中忍不住回想起每次发放修炼资源时，家族长老语重心长对家族子弟说的话。陈氏家族修炼资源越来越少，慢慢炼化才能坚持到下一次领修炼资源的日子。陈氏家族身处大荒域，大荒域根据记载，在偌大的修真界也属于最贫瘠的地域之一。 大荒域灵气稀薄，注定了此地无法诞生强大势力。据陈子墨所知，大荒域最强势力中，修为最高也不过是结丹期。结丹期对于陈子墨来说，比登天还难。能突破筑基期，陈子墨恐怕做梦都能笑醒。筑基期对陈子墨来说，只能望洋兴叹。以他的灵根资质，想要突破筑基期是遥不可及的梦。更何况家族修炼资源在渐渐枯竭,竭，更是无法支撑。陈氏家族在大荒域，家族实力处在最底层之一。 大荒域被四大家族势力把持，叶氏家族、林氏家族、萧氏家族，还有楚氏家族，四大家族都有结丹期真人镇守，在大荒域地位无可撼动。洞天福地被四大家族占据，大荒域绝大多数修炼资源流入到他们手中。四大家族越来越强，其他势力连维持目前的现状都极其艰难。四大家族不仅霸占修炼资源，更是牢牢把控修炼心法、结丹期功法。除了四大家族以外，其他势力想要拥有。 只有在做梦时能实现吧，这又是他们长久维持强大的因素之一。以为就这些？不，四大家族还有一项举措：一旦出现资质绝佳的弟子，都要被其收入囊中，培养成他们的族人，永远处于鼎盛之势，无任何人或势力可以对他们形成挑战。强者恒强，弱者越弱。目前大荒域的现状就是如此。如果四大家族出现争斗，他们之下的势力可能还有机会，但在过去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。 从未发生过，难道他们不想成为大荒域的唯一霸主，独霸大荒域的修炼资源？不可能。只不过他们也知道，一旦出现争斗，目前的局面可能难以维持，给了其他势力机会。在没有绝对实力前，他们相互制衡，相互提防，相安无事。陈子墨所在的陈氏家族，初代老祖是一位散修，筑基初期修为，在突破无望后，建立陈氏家族。从此，所有的心思都在家族上。筑基期修士。 对很多家族来说，连做梦都无法达到。陈氏家族因为陈氏老祖一人，一跃成为筑基家族势力。只是在陈氏老祖先逝后，陈氏家族再无一人突破至筑基期，之前控制的修炼领地被一步步挤压。此代陈氏家族族长在两年前突破炼气九层，面对摇摇欲坠的家族，算是得到些许缓解。可危机依然没有解除。此代陈氏家族族长寿元无多，只能再维持几年。等这代族长离世后。 谁能带领陈氏家族继续留存在大荒域？三年前，陈子墨申请得到一次外出历练的机会，管理身后这家店铺。店铺名霸气恢宏，仙宝商铺，出自陈氏老祖之手。起初，在各地有着十间店铺，每年都能为家族带来丰厚的修炼资源。可到目前为止，只剩下三间。就算是这三间店铺，能不能再维持住，还是个问题。众多势力都在虎视眈眈。还剩一个月就到三年期满，必须返回家族。 第一年时收成还不错，陈子墨因为管理得当，奖励不少修炼资源，但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，往后越来越差。归根结底还是家族出现问题。陈氏家族唯一一位炼丹师在两年前寿元耗尽，离开人世。在一年前，家族唯一的炼器师也意外身亡。这间店铺本来依靠出售低阶丹药和法器，效益还不错，可也再次中断。陈子墨得到的修炼资源是越来越少。 本身灵根资质一般，又没有修炼资源的情况下，可想而知，想要提升修为成为奢望。家族灵根测试时，陈子墨只是中品灵根。中品灵根看起来以为还可以，可知道真实情况会是大相径庭。在修仙世界，有天灵根、地灵根、上品灵根、中品灵根、下品灵根以及特殊灵根。下品灵根身怀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，乃是杂灵根，公认的废灵根，想要修炼极其困难。 中品灵根，身怀四种属性灵根，比下品灵根稍微好点，可也好不了太多。现在知道为何中品灵根极差了吧？上品灵根有三种属性，在大荒域来说，修炼资质已经算是非常不错。地灵根两种属性，修炼天赋绝佳。如果在大荒域出现这样一位灵根资质的弟子，四大家族恐怕就算是毁去，也绝对不会让对方得到。天灵根只有一种属性，只能用绝世妖孽来形容。至于特殊灵根，有很多种，冰灵根、雷灵根等等。 他们的修炼资质乃是得上天眷顾，恐怖至极。陈子墨没那么好运，身怀四种属性灵根，木、金、水、火，以木灵根为主。灵根不佳，又没有充足的修炼资源，三年间几乎无所寸进。离开家族时，乃是炼气四层修为，此刻散发的气息没有什么不同。陈子墨蹲坐在店铺门口，心中那个愁啊！在无法得到足够的修炼资源，提升修为的话，将错过最佳的突破时机。年龄越大，往后想要突破越发艰难。 何况他是中品灵根资质，这三年期间，陈子墨几乎将所有的修炼资源都积累下来，准备三年期满返回家族后闭关突破。可是目前的修炼资源依然不足，还剩一个月，如何在这一个月内得到修炼资源，成为陈子墨的头等大事。正在苦恼的陈子墨突然站起，愁容的脸庞露出灿烂般笑容，迎接迎面来的一位修士。可就在此时，陈子墨的笑容戛然而止，眼神冒出怒火。第二章来啊！ 打我呀，道友，你可千万别去！后方有人突然喊道。走向仙宝商铺的修士微微犹豫，可还是准备继续向其迈去。道友，你刚来碧云城吧？难道不知前段时间，由于仙宝商铺的丹药，造成一位修士突破失败？最后查出就是那枚丹药，由于杂质太多，丹毒太重，突破失败，经脉损伤严重不说，差点丹田被毁。想要继续修炼，难啊！此修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，好像真的为那位突破失败的修士。 感到痛惜似的，道友，刘某没有其他优点，但有一点不是刘某自夸。碧云城的修士几乎都称赞不已。此修终于转身问道：“道友啥优点？助人为乐。道友，我是为你好啊，千万别去。”刘云，你给我闭嘴！陈子墨怒火冲天，气势汹汹来到刘云面前，一副要动手的架势。欺人太甚！因为此人店铺不仅效益越来越差，声誉更是跌到了谷底。刘云不甘示弱。 说道：“陈子墨，你们仙宝商铺以毒丹出售，害惨一位位道友，对于你们的行径早已是怨声载道。我绝不允许再有一位道友受害，仙徒道毁。你们出手毒丹，迟早要遭报应。”陈子墨哪里忍得住，就要出手。刘云不但不怕，还刺激陈子墨说道：“来、哎、啊，打我呀！”可就在此时，陈子墨的怒火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刘云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刘云。” 你是什么目的？碧云城哪个修士不知晓？想要逼迫我出手，到时将我们仙宝商铺赶出碧云城？做梦！刘云不过是炼气三层修为，在陈子墨炼气四层修为面前根本不够看。可刘云依然敢挑衅陈子墨，挑衅陈氏家族，必然是有其原因。陈子墨望向那位修士，说道：“道友，你可千万别听信他的话，绝对是子虚乌有，故意污蔑。什么一位修士服用我仙宝店铺的丹药，突破失败，经脉受损严重。” 不可能的事，就是有人在栽赃。虽然我们没有查到是何人所为，但不用想也知道，就是他们刘氏家族故意陷害，为的就是将我们赶出碧云城，修士前往刘氏商铺购买宝物。你看，在我们仙宝商铺对面，不就是刘氏商铺吗？刘氏商铺内的东西才是一堆破铜烂铁，全是最低阶的废渣。道友，如果我不来的话，他的下一句肯定是劝你前往刘氏商铺。道友别不信啊，只要在碧云城待上一段时间的修士都知晓。 你也可以去打听打听，就知道实情。刘云怒不可遏，陈子墨放肆。陈子墨讥讽的说道：“怎么想动手？来啊，来啊！你以为我不敢？”刘云回来。就在刘云忍不住准备动手时，一道声音传来。在刘氏商铺门口站着一道身影，散发着练气五层的气息。他正是管理刘氏商铺家族之人，刘宽。一年前接任这间店铺，自从此人到来后，处处针对仙宝商铺。 想要将仙宝商铺的声誉尽毁。听到这道声音，刘云忍住了动手的冲动，恶狠狠的说道：“陈子墨，你给我等着！”转头笑眯眯的望向那个修士，说道：“道友，刘某之前的话千真万确，想要购买宝物的话，可以前往刘氏商铺，保证让你满意。道友，请。”说着，也不征求那个修士是否同意，眼神直盯着此修，让他前往刘氏商铺。陈子墨却说道：“道友，你可要当心啊，不过可以货比三家。” 到时来我仙宝商铺，保证给你一个最优的价钱。你放心，仙宝商铺的宝物没有任何问题，童叟无欺。陈子墨不想和刘云一样咄咄逼人，给予此修充分的选择，相信他自有判断。转身向着仙宝商铺返回，在转身的刹那，眼神中的寒芒一闪而逝，处处针对仙宝商铺，诋毁仙宝商铺，让仙宝商铺在碧云城无立足之地。虽然有家族的原因，仙宝商铺的宝物确实不尽如人意。 可也有刘氏家族很大的因素，就是他们到处恶意诋毁，让仙宝商铺的处境越发艰难。可陈氏家族却无可奈何，谁让他们现在的处境不如人呢？只有族长一人是炼气九层修为，刘氏家族却有两位，实力在他们家族之上。更关键是刘氏家族蒸蒸日上，处在上升阶段。听说刘氏族长有可能突破筑基期，而陈子墨的家族每况愈下，家族哪里敢反击，只能忍气吞声。仙宝商铺。 名字叫的响亮，可走入店铺内却是空空荡荡，只有几个架子上摆放着几件品质不佳的宝物。唉，如果有充足、品质极佳的宝物，就算他们如何诋毁，只会是自取其辱而已。陈子墨叹息着。陈子墨也尝试过改变现状，不依靠家族提供宝物，想要从其他修士手中收购进行售卖，可手中的灵石有限，想要大量收购根本不可能。何况以他们仙宝商铺的能力，也很难收购到品质优良的宝物，想要捡漏。 更是不可能。望向店铺外，那个修士最终还是跟着刘云走进了刘氏商铺。没有多久，陈子墨看到那个修士从刘氏商铺走出，后面跟着的刘云脸色难看。陈子墨笑了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失败了，没有从刘氏商铺购买任何宝物。不管是不是他的话起了作用，反正心情极其舒畅。道友，不再考虑考虑？刘云还是不甘心。刘道友放心，在下会认真考虑。先告辞。子修望了望方向。 看向了仙宝商铺，眼神犹豫不定，迈动脚步向着一处方向走去。陈子墨期待的眼神中绽放光芒，可是有一道身影却是如此的刺眼，刘云居然跟在了身后，准备一同来到仙宝商铺。那个修士迈动的方向正是朝着仙宝商铺而来。第三章，银石动手。陈子墨迅速拿出一张牌匾，放置在店铺门口旁，笑脸迎接道友，请。此修微笑点头，迈入店铺内。就在此时。 刘云也准备顺势进入，陈子墨拦在身前，指了指牌匾，说道：“难道你眼瞎？或者刘氏家族内出了你这个文盲？”陈子墨用可怜眼神望着刘云，继续说道：“那我勉为其难的给你讲一遍。”刘云顺着陈子墨指着的方向望去，怒火腾的窜起。牌匾上写着：“刘云与畜生不准入内。”瞬间出手，法器轰击在牌匾上，牌匾四分五裂，紧接着轰击成粉末，一阵风过，随风飘散。 陈子墨并没有阻止，扬了扬手中玉符，慢悠悠说道：“刘云，这可是上等灵木紫檀，如此大的分量，至少一千枚下品灵石。今日不送到我手中，明日上报城主府，你看着办。”刘云恶狠狠的说道：“陈子墨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一块最普通不过的木匾，想要一千枚灵石，尽管去告。”陈子墨笑眯眯的说道：“没问题，今日未送到，绝对满足你。”说着，不再理会刘云，走入店铺中，说道：“道友。” 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不知道有需要购买什么宝物？此修在进入店铺的瞬间，见到店铺中的场景，眼神中难免露出失望，不过并没有让陈子墨看到，说道：“店家可有破金石？”陈子墨一愣，开口就是破金石，这可是三阶器材，极其珍贵，仙宝商铺不可能有此等宝物。陈子墨摇摇头，抱歉的说道：“道友，不好意思，这等贵重之物，仙宝商铺暂时没有。道友可留下传音符。” 如果仙宝商铺到时得到此物，第一时间通知道友。此修并没流露出失望神情。进入店铺后，已经有了预期，问道：“店家，那你可知碧云城内哪里可以购买到？当然，如果店家能提供线索，在下也会付相应的酬劳。”此修并没有回应陈子墨的话，更不提留下什么传音符之类。以仙宝商铺的状况，以后有破金石的可能性极低。陈子墨沉思半晌，仔细回忆，最后摇摇头说道：“道友，抱歉。” 在下也没有任何线索，多谢店家，在下告辞。说着，此修也不再浪费时间，转身走出店铺。刘云快速迎接上来，说道：“道友，刘某早就说了，碧云城内不可能有这等贵重之物，我们刘氏商铺内的石铁完全可以满足。等他人买去后，再后悔就晚了。”不过，此修只是道了一声谢，头也不会离开了。陈子墨站在店铺门口，微笑的看着刘云。刘云恶狠狠的瞪了陈子墨一眼，转身向刘氏商铺走去。就在这时， 一道声音响起：“刘云，一千枚灵石，今日为限。”说完，陈子墨转身进入店铺内，等待着下一位顾客光临。可直到天色快要暗淡下去，店铺内除了陈子墨以外，没有再出现一个身影。看来今日又是颗粒无收的一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胖子也是二十来岁的模样，急匆匆的走进仙宝商铺。貂蝉，这么猴急干嘛？貂蝉，碧云城一位散修，无父无母，孤身一人。 在碧云城内，乃是陈子墨唯一能聊得来的修士，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。貂蝉望了望四周，陈子墨说道：“看什么看？难道你不知道仙宝商铺除了我以外，就是一只蚊子都见不到？说吧，到底什么事？”貂蝉小声的说道：“陈师兄，师弟得到消息，秦氏家族要对王氏家族动手。”陈子墨眼神一凝，说道：“貂蝉，你那里听来的道听途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两族间的关系，根本不可能。” 貂蝉却是脸色严肃，说道：“陈师兄，绝对千真万确，这可是我们一个机会啊，说不定能浑水摸鱼，得到一些宝物。”陈子墨完全相反，十分谨慎，说道：“貂蝉，就算他们两族大战，我们混入其中，以我们的修为上去找死啊！”貂蝉与陈子墨一样，都是炼气四层的修为，不过从两人散发的气息来看，陈子墨明显要强一些。其实貂蝉的灵根可比陈子墨要好上很多，乃是上品灵根，三种属性土、水、木。 不然的话，以貂蝉散修的身份，根本得不到太多的修炼资源，想要修炼至炼气四层，不可能的事。不过，如果有充足的修炼资源，恐怕此时的修为，陈子墨是比不上。貂蝉胖乎乎的脸庞却是十分认真，说道：“陈师兄，现在知道这件消息的修士应该极少极少，我们可以躲在远处。他们两族大战，肯定有着死伤，到时肯定有捡便宜的机会。错过这个机会，以后再想得到修炼资源，可就难喽。”师弟也知道。 师兄，你在积累修炼资源，为突破炼气五层做准备。难道你真的甘心错过？陈子墨本来是不准备前去，因为太过危险。可修炼道路上，想要不断提升修为，哪有一帆风顺呢？必然会面对众多生死危机，富贵险中求。干了！如果有幸得到不少宝物的话，差不多能积累接下来突破的修炼资源。说不定炼气六层的修炼资源也不用再发愁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貂蝉，他们何时动手？” 见陈子墨答应，貂蝉松了一口气。两人前去，至少能相互照应。说道：“秦氏家族会在银石动手，时间紧急，赶紧打样。我们现在就要动身前往。”陈子墨问道：“貂蝉，你到底从何处得来的消息？怎么如此精确？”陈子墨不得不有所怀疑，这必定是秦氏家族最机密之事，怎么可能流传出来？貂蝉说道：“陈师兄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难道师弟还会害你不成？具体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，师弟不方便透露。” 但绝对可靠，陈师兄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虽然有着一些疑虑，可对于刁蝉，他还是比较信任。不过也没有放松警惕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关闭店铺，陈子墨两人从后门出发。在关上店铺不久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仙宝商铺门口，敲了敲门。第四章一粒种子。陈师兄，给刁蝉拿出两张玉符，隐身符与敛息符。陈子墨犹豫，没有立马接过，说道。 貂蝉给了我，你怎么办？貂蝉笑着说道：“陈师兄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说着，只见又有两张玉符出现在手中，同样是隐身符和敛息符。陈师兄别担心，师弟还有一份，你拿着便是，到时也能预防发生未知危险。陈子墨这才接过，说道：“貂蝉，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。放心，这两枚玉符的灵石，返回碧云城后，到时会给到你。”陈子墨也知道貂蝉灵石不多。 这两张符箓比较贵重，至少需要一百枚下品灵石，可不能就这样白白拿走。貂蝉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陈师兄，你和师弟客气作甚？这几枚符箓，师弟走运，化缘得来。嘿嘿。”说到此处，貂蝉别说有多得意。陈子墨和貂蝉相处如此长时间，自然知晓他口中化缘是何意，没有再多说。不过陈子墨记住貂蝉对他的这份好意。黑暗中有两道身影在山林中快速穿梭，正是陈子墨两人。 此时，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目的地——王氏家族领地。随着接近，两人逐步将移动的速度放缓，躲藏在一处隐蔽的位置，视线刚好可以看到王氏家族所在地，守卫极其森严。传言中，王氏家族领地诞生一条二阶下品灵脉，二阶灵脉可是筑基修士突破的关键。陈氏家族此前也有一条二阶灵脉，可陈氏老祖先世后根本守不住，如果继续坚持，离灭族不远了。现在只有一条一阶上品灵脉而已。 可以供陈氏家族之人修炼至炼气九层，王氏家族二阶灵脉的消息不胫而走。陈子墨小声问道：“貂蝉，秦氏家族对王氏动手，难道是对那条传言中的二阶灵脉有所企图？”王氏家族修为最强的修士也只不过是炼气九层，不过有着三位炼气九层的修士，如果真的诞生出一条二阶灵脉的话，王氏家族在未来很有可能诞生一位筑基修士，一跃成为筑基家族。貂蝉摇摇头，答道：“师弟也不太清楚。” 不过很有可能，那你可知他们从何处动手？如果从阵法入口突破，需要的时间可不短。可不从这里动手，其他位置也在阵法的覆盖范围之内。貂蝉依然摇头。此时李银时还有两个时辰，秦氏族人可能很快就要来到，甚至有些人已经提前埋伏在此，也说不定。两人耐心等待，一个时辰很快过去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，也没有看到秦氏族人的身影。又快过去一个时辰，差不多两个时辰。 两人隐藏在那一动不动，生怕引起动静。就在此时，两人同时感受到有动静从另一个方向传来，不约而同望向那个方向。他们知道秦氏家族之人终于来了。渐渐的，一道道黑影出现在两人的视线中。果然如貂蝉说的那样，银石一道动手，几乎是分毫不差。此刻守卫稀松，不可避免出现松懈，是动手的最佳时机。一道道身影小心翼翼向着阵法入口移动。嗯，此刻。 在守卫阵法入口的两个王氏家族弟子，突然有一人寒光一闪，偷袭另一个弟子，将其斩杀在血泊之中。打开阵法入口，一道道黑影顺势闯入。片刻间，王氏家族惨叫声传来，一道道怒吼声传出。貂蝉说道：“陈师兄，差不多了，该我们行动了。”说着，将隐身符开启，貂蝉的人影从陈子墨的眼前消失不见，很快气息也消失全无。陈子墨没有犹豫，同样开启隐身符和敛息符。 两张符箓只能维持一炷香，必须在一炷香内退离出来，不然一旦隐身符失效，暴露身形，他们必死无疑。还好，阵法入口打开后没有再开启，他们还能从此处进入。使用隐身符和敛息符后，陈子墨都不知晓貂蝉的位置，貂蝉自然也不清楚陈子墨已经约定好，在隐身符散去前退离出来，回到碧云城聚合。陈子墨进入阵法后，双方已经大战连天，有不少修士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两族之人都有。 不过，更多的是王氏家族弟子。王氏家族没有任何防备，被偷袭，反应不及时，瞬间被秦氏家族杀死不少族人。虽然有着隐身符和敛息符，可陈子墨依然不敢迅速移动，生怕暴露痕迹，到时可就惨了。来到一个修士旁，是一位王氏家族的弟子，生机全无。陈子墨望了望四周，并没有人注意此处，他们在大战，哪里还有精力关注其他位置？陈子墨伸手将他们身上的储物袋拿在手中，嘿嘿。 陈子墨内心嘿嘿一笑，看来今晚要发财了。望向另外一个方向，只不过陈子墨直接愣在那。那个修士身上的储物袋刚刚从眼前消失，不用想也知道是何人所为。陈子墨加快了一点速度，倒下的尸体身上的储物袋再一个接着一个消失。还好大战中的两族之人不敢分心，处于你死我活之势，不然的话，他们的行动就算看不到他们的身影，也必然已经有所察觉。两人乐此不疲，一只只储物袋被他们收入怀中。 此刻，他们希望两族之人加快速度，不然的话，隐身符的效果可能坚持不到那个时候。躺在地上的尸体越来越少，陈子墨知晓，后面再继续的话，暴露的可能性很大，还不如前往其他位置，说不定有着收获。陈子墨望着一个方向，绕过大战中的两族之人，偷偷的前往。陈子墨来到一处后山，在很远处就已经闻到了灵药的香味，不用想也知道，此处位置必然栽种了灵药，又是一大笔横财。 炼气五层的修炼资源有了，秦红，为什么？一道怒吼声传来，正是正在闭关突破的王氏族长王世清。秦红冷冷地说道：“只要将那件至宝给我，我族立刻退离。”王世清怒道：“秦红，我王氏家族什么底细？难道你还不清楚？怎么可能会有至宝？一粒种子。”第五章，世世代代不死不休。王世清内心狂变，不过脸色如常，一派胡言：“什么一粒种子？” 随便找一个对我族出手的理由，也不动动脑子。秦红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王世清，别装了，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不然我怎么知道有一粒种子？”王世清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将那奸细揪出，必将其碎尸万段。肯定是有奸细隐藏在王氏家族内部，不然的话，如此机密之事怎么可能会流露出去？不拿出那粒种子，就杀到你们拿出为止！欺人太甚，给我死！王世清怒火中烧。 全力施展攻击向秦红，在向着后山而去的陈子墨自然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们的声响几乎传遍了王氏家族领地。陈子墨心中暗道：一粒种子到底是什么？让秦氏家族大开杀戒也要得到此物。此刻，陈子墨也终于知道秦氏家族对王氏动手的原因，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二阶灵脉。陈子墨突然想到：难道王氏家族之所以诞生二阶灵脉，是由于那粒种子的缘故？陈子墨怦然心动。 如果这就是真相，他能得到的话，到时陈氏家族也诞生一条二阶灵脉，族人突破将更加容易。说不定族长在最后几年的寿元中有那么一丝几率突破筑基期，到时陈氏家族的困境自然解除，他也可以利用家族之力更快提升修为。可是想要得到那粒种子，就必须知晓其在何处。陈子墨望向大战中的那个方向，那粒种子很大几率恐怕在王氏族长身上，想要从其身上得到，没有丝毫可能性。唉。 陈子墨心中一叹，看来和他是无缘了。算了，还是赶紧得到药园中的灵药要紧，别到时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什么也没捞着。呃，已经得到了不少储物袋。陈子墨继续朝着药园而去，来到药园前，可是药园却有阵法守护。虽然是一阶阵法，想要攻破不引起注意是不可能的事，可对陈子墨来说，并不是完全失去希望。手中遗物出现，有点残缺，如果有人看到，一定会惊呼，居然会是此物。 二阶破阵符虽然残缺，可破解一阶法阵已经足够了。陈子墨望着手中的破阵符，来到碧云城后，无意之间得到这枚符录一直珍藏，希望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用到。只剩一次机会，虽然有点心疼，使用之后这枚破阵符就将报废。陈子墨没有丝毫犹豫，开启破阵符，按在阵法上，渐渐的，要元阵法出现一道缺口。陈子墨顺势进入，必须加快速度，不然等破阵符失效后，要元阵法缺口关闭。 就要困死在其内，隐身符可是有着时间限制，一旦暴露，可想而知其后果。进入药园的瞬间，看到药园中的灵药，陈子墨的脸上露出狂喜。一枚破阵符值了。只见药园内有着数百株灵药，如果兑换成灵石，可是一大笔。陈子墨估计，不要说炼气五层，就算是六层、七层的修炼资源也足够了。如果是一位修炼资质不错的修士，恐怕一直到炼气九层的修炼资源也没有任何问题。 陈子墨争分夺秒，也不管会不会破坏灵药，迅速将其收入到储物袋中。如果是一位灵药师或者炼丹师见到，绝对痛骂不已。如此糟蹋灵药，人神共愤，必须遭上苍惩罚。药田中的灵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株株消失。般若谷草，一阶上品灵药，三十枚灵石到手。陈子墨满意的收入储物袋中。空蝉真枝，二阶下品灵药。陈子墨在看到空蝉真枝的瞬间，激动之色再也难以抑制，狂喜不已。 这可是炼制筑基丹主要之一呀、啊，极其贵重。如果兑换成灵石的话，至少一千枚灵石以上。就算是如此高昂的价格，也不一定能买到。真有空蝉真枝出现的话，价钱一定会不断攀升。这一次，陈子墨没有胡乱将其摘下，小心翼翼将其移入到储物袋中，并拿出了一枚玉符封印在其上，防止药效流失。药园中的灵药是越来越少，离破阵符失效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。陈子墨时刻在关注，绝不能因为药田中的灵药。 而失去了理智，见到破阵符快要失效，陈子墨加快了速度，将最后几株灵药快速放入储物袋中。在破阵符失效的瞬间，身影闪动，从缺口离开。在离开的刹那，破阵符破碎，药源阵法缺口恢复。陈子墨松了一口气，庆幸不已，还好最后一刻及时退离开来。不过，陈子墨此时回想起，还是心有余悸，太过惊险。为了最后几株灵药，差点让自身身陷险境。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。 以后绝对不能再如此冒险，下一次可没有如此好运。突然，有一道修士的气息正在快速向着此处位置接近。陈子墨一惊，难道被人发现了？他们大战的位置离这里有一段距离，又被阻挡视线，很难发现。陈子墨利用隐身符朝着另一个方向移动，在移动的瞬间，那道身影出现在视线中，快速来到此处，散发着炼气九层的气息。陈子墨本来想继续移动，想了想，停了下来。 虽然有着隐身符和敛息符，可在炼气九层的修士面前有暴露的危险。陈子墨可不敢冒险。看着此人穿着王氏家族的服饰，应该是王氏家族之人，但此人肯定不是王世清。陈子墨在碧云城见过王氏族长。王氏家族有着三位炼气九层的修士，不知这是另外两人中的哪位。此修在来到药园前后，并没有发现异常，也没有发现隐藏在暗处的陈子墨。拿出一枚玉符，打开药园阵法，在那修进入药园的瞬间。 啊！一声怒吼声传出，秦氏家族，我王氏与你们的生死仇怨，世世代代不死不休，直到将你们斩杀殆尽。如未完成，天诛地灭。陈子墨暗道：糟糕。第六章惊险万分，意外发生。在那修进入药园后，陈子墨抓住机会，迅速离开。在逃离的的途中，听到了此话，陈子墨生怕出现变故，必须尽快离开王氏家族领地。此次已经收获颇丰。 没有再犯险的必要，及时收手才是上策。贪得无厌只会自取灭亡。陈子墨利用隐身符和脸息符，绕过还在大战不休的两族修士，迅速朝着大阵出口而去。至于貂蝉，陈子墨不知道此时的他身处在何处，有没有离开陈氏领地，还是说还在继续浑水摸鱼？只是一炷香快要到了，就算貂蝉想要继续，也知道必须离开。希望他保持理智，适可而止。不过。 陈子墨对于貂蝉还是比较了解，应该不会犯险。开启大阵，今日必须将秦氏恶贼全部斩杀在此，必须让他们血债血偿。那修怒火到了极点，杀意沸腾。陈子墨内心一惊，开启王氏家族大阵，一旦深陷在此，必将暴露。此刻，陈子墨已经顾不得是否会暴露目标，将自身的速度提升至极限，疯狂地朝着阵法出口而去。还好，在说出那番话时，陈子墨离那处位置已经很近了。 可就是想到达到这个距离，还是需要时间。大阵入口关闭时间太过短暂，眼看就要全部关闭，在陈子墨紧张万分中，将自身的潜能完全释放开来。轰！在这刹那间，从缝隙中穿过，离开了大阵。呼<哼>！陈子墨长松一口气，最后一刻得幸离开，否则此处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他死了不要紧，必会连累家族之人。王氏家族的实力，陈氏家族可比不上。 身处困境中的陈氏家族，如果遭到王氏家族的围攻，必定雪上加霜。能不能度过，只能听天由命。幸好，幸好，陈子墨十分侥幸。嗯，那修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望向出口的方向。陈子墨本来想要动身离开，可此刻心中一惊，他感受到有一道目光投来，心中的压力剧增。这道目光威压强绝，炼气九层的修为对于陈子墨来说强大至极。陈子墨紧张万分。 难道暴露痕迹被此修注意到？陈子墨祈祷没有暴露，只是引起了那修的疑虑，不会真正过来查探。而且他们两族还在大战中，想要过来查探，耽误时间的同时，王氏家族的弟子会越来越多的倒在血泊中。陈子墨忐忑不安的驻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此刻时间流逝对陈子墨来说是如此的漫长，煎熬无比。更糟糕的是，离一炷香是越来越近，一旦隐身符失效，不用那修过来探查，他就自动浮出身形。 终于，那修没有再将视线投射过来。陈子墨趁此机会，一点点离开，逃离了半里之远。陈子墨不再保留，将自身的速度提升至极限。大概离开三里后，隐身符与敛息符同时失效，陈子墨的身形暴露在外，再也无法隐藏住。虽然远离王氏家族领地三里之远，可还是不保险。陈子墨并没有减缓离开的速度，望了望四周的环境，陈子墨看准一个方向，急忙朝着那个方向逃离而去。直到逃离出王氏领地三十多里后， 陈子墨才将速度放缓下来。陈子墨也想继续啊，可是炼气四层的修为，丹田中的灵气必定有限，根本无法再支撑下去。陈子墨在思考，是继续直接返回碧云城，还是选择一处隐蔽之地，选择恢复调整。陈子墨拿出了一枚传音符：“貂蝉，你在哪？”之前太过惊心动魄，陈子墨无法顾及貂蝉。此刻终于有机会联系，不知他是否离开王氏家族。陈子墨焦急地等待回应，可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。 貂蝉很可能会拖到最后一刻才会选择离开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貂蝉想要逃离，恐怕已经来不及。陈子墨祈祷这一次貂蝉提前收手。陈师兄，你可离开王室？终于在焦急的等待中，传音符闪动起来。陈子墨听到了貂蝉的回音，只不过并没有回答他的话。貂蝉，我已经离开了王室，你现在在哪？陈子墨继续追问。等了一会，传音符才闪动。陈师兄。 你先返回碧云城，师弟暂时无法离开。不过你放心，师弟不会有事，已经找好了一处隐蔽之地，不会有任何人发现。陈子墨的心情跌落到谷底，心中不好的预感还是发生了。一早陈子墨就有预感，貂蝉离开的可能性极其渺茫。以貂蝉的个性，见到宝物，见到修炼资源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撒手。现在怎么办？陈师兄，为了减少暴露的风险，师弟暂时中断传音，你赶紧返回碧云城。 师弟返回碧云城后，第一时间去找你。陈子墨在传音时已无任何回应。陈子墨望向王氏家族领地的方向，此时就算他想要返回营救貂蝉，也没有任何可能。不仅是送死行为，还会将貂蝉暴露。唉，本来以为这次会极其顺利，没有想到还是发生了变故。希望貂蝉吉人自有天相，能安然度过这场危机，顺利返回碧云城。再待在此地也无济于事。陈子墨也没有选择先恢复，再返回碧云城。 身影穿梭在山林中，直奔碧云城而去。一路怀着沉痛的心情，来到了城门口。此刻天色大亮，碧云城入城口已经打开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断在城门口穿梭。大家都听说了吗？秦氏家族对王氏家族动手了。众人都点点头。秦王两氏看似交好，没有想到却是自相残杀。陈子墨来到城门口，对于秦氏两族大战，不少修士在议论纷纷。看来消息已经传开。此时离秦王两氏开始大战。 已经过去不短的时间，进入城门后，议论的修士越来越多。有些修士和陈子墨有着同样的心思，也想前往王室领地，有着捡便宜的心理。通过他们的谈话，对于两族大战的结局，陈子墨也知道了一些大概。第七章，千枚灵石，一枚不让。后面遭到王氏族人疯狂的反扑，秦氏只有几人逃出王室领地。这场大战要论是否有赢家，可以肯定的说没有。对两族来说，经过这场大战。 两族的实力遭到极大削弱，想要恢复至以往需要不短的岁月。可他们想要休养生息，有机会吗？王氏家族发下重誓，必须将秦氏家族斩杀殆尽，不死不休的未来已无可能。说不定王氏已经有所行动，必定要疯狂报复秦氏家族。对于他们两族的结局，陈子墨并不关心，心中唯一的担忧还在貂蝉身上。不知道他现在如何了。之后在返回碧云城途中，陈子墨又尝试传音联系貂蝉，可始终未得到回应。 怀着沉重的心情，陈子墨从仙宝商铺后门而入，进入房内，开启法阵，盘坐下来。就在他准备检查这次的收获时，听到店铺外有敲门声，陈子墨只能先抑制住想要查探此次收获的欲望，将其放置在安全区域，整理了一番，走出了房门。阵法依然没有关闭。虽然仙宝商铺极其安全，可这里面事关重大，陈子墨可不放心。陈子墨打开仙宝商铺的大门，笑着望向来人，说道：“刘云。” 我正要前往城主府，难道也想与我一起？也好，这样无需来回多次，一次性解决。走吧。说着，陈子墨就要迈出大门，可刘云恒挡在陈子墨身前，脸色阴郁无比。陈子墨面色一冷，说道：“怎么，今日想要在我仙宝商铺继续闹事？”陈子墨，你可别栽赃污蔑，此次过来就是为了解决昨日之事。陈子墨冷色的脸庞露出迷人般的微笑，伸手来到刘云面前，既然想通了。 拿来吧，陈子墨也没有想到，竟然如此顺利。刘云主动将一千枚灵石给到，那可是一千枚灵石啊，可不是十枚或百枚。就算刘氏商铺想要获取一千枚灵石的收益，需要的时间恐怕也不短。从昨天到今天，真乃气运当头，上苍开眼了，接二连三的惊喜到来，前二十多年可从来没有过。希望接下来依然是如此，说不定筑基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。陈子墨笑眯眯的直视着刘云，等待他将一千枚灵石。 交到他手中，刘云说道：“灵石的事情先等等，咱们先谈谈赔偿的金额。昨日所说一千枚灵石，这是在恶意敲诈。如果前往城主府，不仅不会得到城主府的支持，反而会被城主府惩罚。你可要想清楚。那块牌匾是最普通不过的木材，一枚灵石可以得到无数块，但我刘云吃点亏，就以一枚灵石偿还。”说着，刘云拿出了一枚灵石，递给陈子墨。随着刘云的话，陈子墨脸上的笑色逐渐开始阴沉。 陈子墨还以为真的走大运，可以轻而易举得到一千枚灵石呢，一枚灵石就将事情了结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让开！陈子墨冷冷地说道：“陈子墨，你可不要不识抬举，不然的话，你可知道后果？更重要的是，别给你族遭祸。”陈子墨脸色越发阴冷，居然威胁家族，此人必杀。滚！陈子墨不想和他有一句废话，走出店铺，准备关上店门，准备前往城主府。刘云却是急了。 说道：“陈子墨，一枚灵石不够，可以再商量，十枚总可以了吧？”可陈子墨关上店门后，哪里会理他，就要前往城主府，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呢？刘云拦在了陈子墨身前，说道：“陈子墨，那你说需要多少？一千枚是不可能。让开！”只是刘云寸步不让，他可不想陈子墨真的前往城主府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，还会连累了刘氏商铺。刘宽可不会放过他，看来需要我请城主府护卫过来。” 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？就在此时，身后一道声音传来。陈子墨转身，说话之人正是刘氏商铺管理者刘宽。陈子墨冷冷的笑道：“你还知道有事情做绝这回事？何况我乃是正当诉求，何来事情做绝一说？”这还是刘宽来到碧云城后第一次和陈子墨开口说话。刘宽并没有因为陈子墨的话而动怒，可身后的刘云却是怒喝道：“大胆，陈子墨，你可是在和谁说话？滚！” 陈子墨冷冷回应，说着就要转身离开。已经有修士看到了此处的动静，正要围上来。既然你想要一千枚灵石给你，那枚玉符给我。说完，刘宽手中出现一只储物袋，直接扔向陈子墨。陈子墨顺势接过，查看之后，静静躺在储物袋中的灵石，差点亮瞎他的眼。足足一千枚灵石啊！陈子墨满意至极，拿出一枚玉符扔向了刘宽。刘宽只是看了一眼，玉符在其手中粉碎开来，只怕是有命德。 无命享用，刘宽面无表情的说完，转身向着刘氏商铺而去。刘云快步跟随，不过脸色表情极其沉重。是吗？陈子墨心中冷冷一笑，是吗？两字也没有说出来，只是心中所想罢了。得了便宜，陈子墨不想与其再做口舌之利。不过陈子墨也极其警惕，一千枚灵石对于他们这种修为的修士而言可不是小数目。因为一件普通牌匾损失一千枚灵石，任谁都不可能甘心。可只要在碧云城内。 他刘宽就不敢动手。陈子墨满意至极，迈向仙宝商铺。爹，听说仙宝商铺的陈子墨又和刘氏商铺的刘云起了冲突。在一位中年人面前站着一位容颜极美、冰肌玉骨的女子，而中年人正是碧云城城主，威势一方的碧云城城主。在见到此女子时，露出和蔼的微笑，说道：“雪儿，你不好好修炼，怎么每天对八卦之事极为上心？”身前女子正是碧云城城,城主之女罗子轩。罗子轩说道。 爹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女儿遇到了瓶颈，闭关又有何用？还不如放松心态，说不定能有所感悟。爹，你知道吗？说完，罗子轩好奇的问道：“爹，如果陈子墨真的来到城主府告状，你会如何处理？”第八章机缘巧合四要四术。碧云城城主笑着说道：“轩儿，想要知道？”罗子轩期待的点了点头：“想要知道，没有问题。不过前提是修为突破炼气七层时，为父就告知你答案。” 罗子轩气羞，跺了跺脚，说道：“爹，萱儿再也不理你了。”说完，跑了出去。爹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”一道声音传来，碧云城城主笑着摇了摇头。在房内，陈子墨盘坐下来，终于可以解开谜底。昨晚的收获到底有几何？不过，在打开之前，陈子墨又拿出了传音符联系貂蝉，不知道此刻的貂蝉现在怎么样了。可遗憾的是，依然没有得到貂蝉的回应。陈子墨只能暂时放下此事。 拿起第一只储物袋，三十五枚灵石，还有一些不值钱的宝物，加起来兑换成灵石的话，也就百来枚。不过陈子墨已经很满意，这只是第一只储物袋，还有不少呢。第二只储物袋灵石更少，只有十八枚。不过这其中有一些低阶丹药，三枚聚气丹，十枚辟谷丹，还有几块低阶炼器材料。更可喜的是，居然还有二张火焰符。这样算下来，收获也不错了。接着不断打开储物袋，直到将最后一只捡来的储物袋整理完毕。 陈子墨脸上的笑容再也抑制不住。单凭这些资源，不要说炼气五层，就算是炼气六层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灵石合计一千六百三十二枚，还有不少其他的资源。如果全部兑换成灵石的话，恐怕要超过五千枚灵石。再加上从刘云身上得到的一千枚灵石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陈子墨身怀一笔巨款。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，再也不用为修炼资源而感到苦恼。陈子墨如何不兴奋？更关键是，还有药园中的灵药没有算上去啊！ 加上药园中得到的灵药，陈氏家族内恐怕无一人能比得上。此刻，陈子墨身上拥有的修炼资源，陈子墨拿起装有灵药的储物袋，一株株灵药呈现在眼前，特别是空蝉真枝更是极其显眼。陈子墨爱不释手的将其捧在手中。筑基丹可是能否筑基的关键。据陈子墨所知，家族之中炼制筑基丹的灵药就缺少两种，其中有一种就是空蝉真枝，还有一种更为珍贵，筑基果。现在得到空蝉真枝，就差筑基果了。 如果能炼制出筑基丹，族长还真有可能有那么一丝的几率突破筑基丹。只是想要得到筑基果，希望太过渺茫。更何况家族之中已经没有了炼丹师，就算得到筑基丹所需的全部灵药，难道交给其他势力或丹师炼制？以家族目前的处境，一旦暴露，极其凶险。陈子墨小心翼翼地收起空蝉真枝，绝不能有失，更不会将它出售兑换成灵石。至于其他的灵药，陈子墨也不敢出售，一旦他将大量的资源售卖， 肯定会暴露，这不是在自找死路吗？在药园时，陈子墨没有时间整理，此刻一株株灵药开始小心翼翼封印，尽可能防止药效流失。嗯，当将所有的灵药封印移入储物袋后，在地面上有一粒微小的种子。陈子墨将其拿在手中，仔细查探，并没有看出有任何端倪。这粒种子从何而来？肯定不是原本就在房间内，应该是在移出储物袋中的灵药时一同移送出来。可是。 之前储物袋中空空如也，为的就是方便存储灵药。陈子墨仔细回想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将储物袋中的灵药又一一拿出，直到全部确认，居然少了一株灵药。陈子墨记得，在王氏家族药园内有一株灵药有些特殊，四药四树，可是这株灵药居然消失不见。难道？陈子墨望向手中的那粒种子，内心逐渐激动不已。难道这粒种子就是那株灵药？或者这粒种子就是秦红口中所说之物？ 又联想到那修的反应，陈子墨有了九成的把握，手心中的种子就是秦鸿口中之物。怪不得，怪不得那修如此大怒，他们肯定是知晓那粒种子就在药园内，不用怀疑，也知道是秦氏家族所为，才会下如此重视。从其反应也可以看出，这粒种子有多么重要，乃是大机缘。陈子墨的心情再也难以抑制，如果不是为了防止外泄，此刻都想大声放笑，释放心中的情绪。那时已经不抱以任何希望。 没有想到误打误撞被他收入囊中，陈子墨像是珍宝之物，小心翼翼将其捧在手心。这粒种子绝对不能暴露，不然他必死无疑，陈氏家族也将因他所灭。不仅是王氏家族，就算是秦氏家族都不可能放过。他们两族损失极大，可王氏依然没有保住这粒种子，秦氏更是没有得到，反而要面临王氏永无休止的仇杀，心中更是惊怒不已，激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。时间流逝，终于。 陈子墨激动之色缓慢平复下来，视线还一直停留在手心中的种子上。此刻在思考，明明是一株灵药，一入储物袋后为何会变成一粒种子？可是不管陈子墨如何查探，始终无法知其缘由。陈子墨摇摇头，看来想要弄清楚，除非是请教王氏家族，否则的话是没有任何希望。可陈子墨怎么可能会自找死路？得到宝藏，陈子墨不知该如何利用，郁闷不已。陈子墨想到这粒种子。 能否认主？可陈子墨摇了摇头。如果能认主的话，王氏家族早已成功。他就算得到，只要拿出储物袋，恐怕就已经暴露。不，应该是说，在他将其移入储物袋中时，就已经暴露了。可是那个时候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应，直到进入药园后，才发现种子已经被盗。可如果不尝试的话，陈子墨又不甘心。以他的资质，就算得到不少修炼资源，可想要提升，依然无比的艰难。陈子墨时刻希望。 能突破目前资质的瓶颈，能帮到家族。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，如果不抓住的话，恐怕这粒种子就算是得到，也会离他而去。第九章，成功认主，异变升起。可如何才能认主？陈子墨想到了滴血认主，或者丹田温养炼化。陈子墨拿出一柄匕首，乃是一件下阶法器，割破手指，逼出一滴鲜血，滴落在种子上。滴答，滴答，滴答，三滴鲜血落入种子上。 可那粒种子没有任何反应，滴入其上的鲜血直接划过，没有半点被沾染。陈子墨没有放弃，逼出了一滴精血，脸庞煞白。精血对修士太过重要，逼出一滴精血损耗极大。陈子墨的眼神异常坚定，没有丝毫动摇之色，期待的眼神望着掉落下的这滴精血。滴入的过程对陈子墨来说是如此的漫长，又是如此的迅速。滴答，终于，精血滴入那粒种子上。此刻是紧张万分。 如果精血也无法成功的话，那只剩下一条路了，收入丹田之中。可是如果没有炼化之物，以现在的修为，根本无法将外物移入丹田。这粒种子已然与他无缘。陈子墨露出欣喜的表情，那滴精血滴入种子上后，没有与之前的鲜血一样直接划过，依然停留在上面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陈子墨的表情逐渐露出失望。虽然停留在其上，可并没有被种子吸收，依然没法成功。唉，陈子墨叹声。 他已经认命了，哪有这么幸运？精血炼化，王氏家族之人肯定进行尝试过。如果能成功的话，哪里还轮得到他？陈子墨准备将其收起，可就在此时，陈子墨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那滴精血居然在融入这粒种子之中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明明已经不可能成功，可为何有了如此大的转变？陈子墨来不及多想，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那粒种子上面。直到那滴精血被种子吸收，全然吸收。陈子墨有了感应。 像是在说精血还不够，陈子墨急忙又逼出了一滴精血，这一次没有停留，精血滴入种子上后立刻被种子吸收。可直到第二滴精血被吸收完成，依然还不够，损耗两滴精血对陈子墨的亏空极其巨大，脸色变得苍白无比。不过陈子墨没有任何犹豫，又一次逼出一滴精血，看着精血被一点点吸收，陈子墨既兴奋又担忧，他生怕还不够，继续再逼出精血的话，可就要损耗根基。 本来就修炼资质不足，根基再损的话，就算是已经聚齐了修炼资源，想要突破炼气五层，恐怕很难很难了。当第三滴精血完全吸收后，惨白无比的脸色终于露出了笑色，但看起来是如此的瘆人。终于，终于不再传出那种感应，三滴精血已经满足了需求。此刻，陈子墨终于与那粒种子建立了微弱的联系，虽然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程度，可陈子墨已经十分满意了，将其收入丹田之中温养。只要建立了联系。 就不用担心无法收入丹田，那是丹田中的那粒种子，心情极其复杂。希望这粒种子能给他的修炼带来帮助，不然的话，三滴精血的损耗损失实在太过巨大。意识退出丹田，一阵眩晕。陈子墨赶紧拿出一粒低阶丹药，吞入腹中，准备炼化弥补消耗。可就在此时，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：本来陈子墨准备炼化那粒丹药，可是那粒丹药直接出现在丹田内，丹药被那粒种子吸收。陈子墨急忙想要阻止。 这可是用来恢复的丹药，被种子吸收了，拿什么来恢复？想要靠自身一点点恢复，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可陈子墨的阻止乃是徒劳，那粒丹药根本不受他的控制，没有多久就已经消失在丹田中，化为了虚无，完全被那粒种子吸收。陈子墨心痛不已，这哪是得到大机缘，分明是请了一尊祖宗过来。以后再想炼化丹药，恐怕都要被这粒种子抢劫一空。修士之路，没有哪个能离开丹药的支持。陈子墨本来灵根不佳。 又无法再炼化丹药，困境更加艰难。陈子墨心情沉到了谷底，内视着种子，无可奈何。唉，又是一声长叹，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我特莫到底得罪谁了？自怨自艾也解决不了当前的困局，只能如此，还能怎么样呢？本来头脑眩晕着的陈子墨突然脸色狂变，眼神中冒出怒火。住手！此刻再也忍不住，怒吼出声。丹田中的那粒种子不仅将他的丹药吸收，更可恶的是。 居然在吸收他丹田中的灵气，一旦丹田枯竭，他如何维持目前的修为？虽然获得不少灵石，可是这些灵石如何能维持种子时刻不停的吸收？一旦灵石中断，最后的结局依然无法改变。这不是请了一尊祖宗，而是一尊恶魔，这是要他的命啊！此刻，陈子墨终于后悔为何要炼化他，恐惧神色，怒吼的声响，阻止不了那粒种子。在那粒种子的吸收下，丹田中的灵气在逐步消耗。 陈子墨万念俱灰，想要将种子移送出丹田，可那粒种子死死的扎在丹田中。陈子墨颓废到极点，在丹田中的灵气快要完全消耗时，陈子墨不得不从储物袋中拿出了灵石，开始吸收炼化，运转青木诀。陈子墨在与时间赛跑，希望能维持住丹田灵气的供应，祈祷那粒种子吸收灵气有其限度，当饱满之后不再继续吸收丹田中的灵气。陈子墨将青木诀运转至极致。 全力炼化手中的灵石，进入丹田内。陈子墨四种属性灵根以木灵根为主，选择修炼青木诀。陈氏家族一部炼气级功法。陈氏家族有一部筑基期功法，出自陈氏老祖之手，是陈氏家族镇族功法。只不过那部功法适合火属性灵根为主的修士。几任家主都是火属性灵根为主，自然而然都是修炼此部功法。只可惜除了陈氏老祖外，再无一人修炼至筑基期。在紧张的氛围下，时间流逝着，只是。 陈子墨的脸庞是越发的绝望，灵气吸收的速度根本无法维持种子的消耗。炼气四层，炼气三层，第十章，喋喋不休，大起大落。以陈子墨的灵根，还是一部最普通不过的修炼心法，吸收灵气的速度哪能比得上种子的消耗？丹田灵气耗竭，更恐怖的是修为不断下滑，喋喋不休。炼气一层，陈子墨双眸透露出绝望，更关键是炼气一层的修为都无法保住，还在继续下跌。 轰！陈子墨瘫软在地，眼神呆滞。将近二十年的修炼化为泡影，彻底成为一名废人。如果按部就班，此生突然到炼气六层，陈子墨有着很强的自信。绝望的氛围在房内弥漫，心若死灰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就在陈子墨心无声望时，异状突变。轰！本来陈子墨已无丝毫修为气息，居然爆发出波动，从肉身散发而出，并在持续增强。炼气一层很快达成。 陈子墨的眼眸在不可思议中闪烁着金芒，这没有想到结局会是如此，更没有想到原来这粒种子不是祖宗，更不是恶魔。陈子墨更是感觉到此刻丹田中的灵气品质明显要强上之前。虽然没有在二阶灵脉中修炼过，可陈子墨觉得此时丹田中的灵气似乎能与之媲美。陈子墨狂喜不已，捡到宝了，真的捡到宝了，老天终于开眼了。不过，陈子墨心中依然有着担忧。 这粒种子先是让他绝望，然后给一粒糖，到时又扇他一巴掌，让他失去希望，跌入深渊吧。呸呸呸，乌鸦嘴！陈子墨逐渐冷静下来，祈祷着不要朝着那个方向发展。陈子墨那是丹田，只见那粒种子在逐渐释放灵气，果然其灵气的精纯度提高了很多，根本无需炼化。青木诀运转开来，炼气一层很快达到顶峰，没有丝毫瓶颈。轰！炼气二层的气息爆发，陈子墨明显感觉到。 此时炼气二层的修为明显要比在得到种子前雄厚很多，炼气一层也是一样，气息增长依然没有停止，还在继续提升。炼气三层很快达到，只不过势头开始减缓。陈子墨期待着能否突破炼气四层，在此之前，他可是炼气四层的修为，就差修炼资源的积累突破炼气五层的瓶颈。可直到炼气三层巅峰时，后继乏力，就此终止。陈子墨虽然有点失望，可还是极其庆幸。 此时炼气三层与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不过陈子墨的注意力始终在丹田中的种子上，祈祷着不要发生他所想之事。忐忑之心，时间流逝，一炷香后，种子并没有动静。陈子墨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应该是不会有异变再发生了。此刻，陈子墨终于露出笑色，虽然还是原来的资质，可是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炼气三层的丹田居然比炼气四层时还要大上不少，意味着能容纳的灵气更多。 更关键是灵气的质量更强，根基明显增强了很多很多。虽然未恢复修为，不过陈子墨没有丝毫紧张，只要闭关修炼，恢复修为是迟早的事情。陈子墨没有离开房间，依然盘坐在地，拿出灵石，运转青木诀，开始炼化。可就在此时，异变再生，吸入丹田中的灵气居然直接被种子吸收。陈子墨紧张万分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又来！陈子墨是真的经不起这种大起大落。 千万不要再和他开玩笑，不要再折磨他了。陈子墨紧张地望着，还好，还好，种子只是吸收了炼化灵石中的灵气，并没有再吸收原本丹田中的灵气。手中的灵石化为粉末，陈子墨再一次拿出了灵石，继续吸收炼化。之后，这种场面反复出现，陈子墨也渐渐摸清楚一些规律，悬着的心彻底放下。时间流逝，陈子墨一直在闭关之中，仙宝商铺的店铺大门始终紧闭着。 一道身影，好几次来到，但见到仙宝商铺紧闭的大门，失望而去。仙宝商铺的陈掌柜怎么了？好像快有一个月没有见到他的身影，在此期间也未见到仙宝商铺再打开过。难道他离开了碧云城？应该不可能。诸位道友也知道，陈掌柜需要三年期满才能返回陈氏家族，就算是提前返回，也是要等到陈氏家族交接之人来到后再离开。快一月之久，仙宝商铺虽然近年效益不佳，不过也能赚取一些零食。 陈氏家族不可能会放弃，那你们说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不少修士的视线纷纷望向了刘氏商铺。诸位道友可知道，在仙宝商铺关门之前发生了一事：陈掌柜因为一件普通牌匾被刘氏商铺的刘云轰碎，敲诈了刘氏商铺一千枚灵石之事。不少修士都点点头。这件事情在碧云城传开，虽然过去差不多一月之久，可大家还是没有忘记。如果陈子墨真的出事，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一块普通牌匾，敲诈一千枚灵石。 任谁都不会甘心，何况他们两族摩擦不断，啊、呃，应该是刘氏商铺一直在找仙宝商铺的麻烦，更不会就此罢休。说不定陈子墨已经被刘氏商铺之人暗杀了。刘云满脸笑色，站在店铺门口，见到众修视线望来，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他陈子墨如果出事，我敢对天发誓，和我们刘氏没有丝毫关系。”刘云这段时间都在愁苦中度过，一千枚灵石可不是刘宽出手。 最终还是要算到他的头上，一千枚灵石啊，对他来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下来。接下来很长时间内，别想再提升修为了。对陈子墨自然是恨之入骨，只是没有想到，自从那天后，陈子墨像是消失了一般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也想到了陈子墨可能逃出了碧云城，可是通过城门守卫，并没有见到陈子墨的身影从城门口离开。可众人的眼神只有一种，睁着眼说瞎话。不过也没有一人揭穿。 和他们又无关，何必招惹是非？就在众人想要离去时，众人惊奇的同时望向一个方向。第十一章，狗皮膏药，烦不胜烦。咔！仙宝商铺的大门竟然在此刻打开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，正是陈子墨。陈子墨见到众人，先是一愣，不过很快恢复如常，紧接着面露笑色：“诸位道友，可是来仙宝商铺选购宝物？”众人愣神，紧接着一哄而散，再无一个修士的踪影。 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刘云灿烂般的脸色，在见到陈子墨的刹那变成猪肝色，紧接着阴云密布，恶狠狠地瞪了陈子墨一眼，转身进入刘氏商铺，不想见到陈子墨得意的嘴脸。陈子墨望了望四周，重新关闭店铺，向着一处方向走去。没有多久，来到一座恢宏的建筑面前，碧云宝轩，人来人往的人群在碧云宝轩进进出出，好不热闹。碧云宝轩，城主府开设，碧云城最大的宝物交易地。 正如所见到的场景那般，来到碧云城的修士，如果想要购买宝物的话，第一选择会来到此处。陈子墨每次来此，除了羡慕还是羡慕。如果仙宝商铺能有如此盛景，陈氏家族何愁不兴？唉，陈子墨心中长叹一声。除非陈氏家族有修士能达到碧云城城主那般修为。不过，陈子墨并没有气馁，反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帮家族达到。此时的陈子墨有了这样的底气，并不是狂妄自大。 那粒种子是他底气的来源。经过差不多一个月闭关修炼，修为已经有了长足进步，不再是炼气三层，也不是炼气四层，而是来到了炼气五层。虽然陈子墨身上散发的气息是炼气四层，毕竟长久在碧云城的修士几乎都知晓陈子墨的修为。炼气五层的修为之所以散发炼气四层的气息，因为陈子墨耗费了一张封印符箓，封印了部分修为。陈子墨并不想让人知晓他已经突破成功，特别是刘氏商铺的修士。 此次来到碧云宝轩，求购一部修炼功法，以功法来封印修为。福禄封印毕竟有着时间限制，不可能一直使用，不然的话需要耗费太多的灵石，而功法就能一劳永逸。本来陈氏家族有这样的功法，可是那个时候的修为哪里会用得到？自然不会去兑换。马上就要返回家族，在此之前，修为绝对不能暴露。陈子墨踏入碧云宝轩，人声鼎沸，又是一番羡慕。这不是仙宝商铺的陈掌柜吗？快一月不见。 还以为返回家族呢。陈掌柜又来碧云宝轩取经验了。不少修士都知晓陈子墨视线投射过来，有修士还取笑，笑他只看不买。陈子墨点头示意。如果是其他修士进入碧云宝轩，碧云宝轩的小二肯定会第一时间过来接待，争抢顾客。但陈子墨来到，却是无一人前来。那些小二知晓陈子墨不可能在碧云宝轩购买任何宝物，哪里会浪费这个时间？陈子墨也见怪不怪，谁让他每次过来？ 从来没有购买过任何宝物呢，只是这一次，陈子墨望向其中一个小二，那个小二脸露愁苦笑色，紧接着急忙眼神闪躲，见到一个修士进来，像是有了救星。客官需要购买，陈子墨也没有在意，再次投向其他的小二，可他们像是躲瘟神一般，想要立即消失在陈子墨的眼前。就在此时，多位小二像是看到了财神爷，急忙涌向一个方向。刘道友，小二愿意为你效劳。陈子墨见状，望向那个方向。 看到了一张丑恶的嘴脸，正是那刘云，甩不掉的狗皮膏药，防不胜防。陈子墨眼不见心不烦，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，说道：“浩二，购买宝物。”碧云宝轩的小二陈子墨几乎都认识，此人也不例外。浩二来到碧云宝轩已经有两年时间，浩二瞪大着双眼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客气的说道：“陈掌柜，你就不要拿小的开玩笑了。”陈掌柜来到碧云宝轩。 你随意观察即可，小的先失陪了。陈子墨拦在了浩二离去的方向，郑重其事的说道：“浩二，陈某这次绝对是过来购买宝物。”哈哈，一声嘲笑声传来，陈子墨不用转头就能知道出自谁人之口。陈子墨打肿脸充胖子会显露原形的，你也不看看碧云宝轩是什么地方，岂会让你胡闹？陈子墨转身，手中出现一物，扬了扬，一副欠抽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哎，谁让有条狗送了我一千枚灵石呢？” 这段时间一直在苦恼该怎么使用，经过快一个月的苦思冥想，觉得碧云宝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见到刘云怒火喷发之时，陈子墨像是突然意识到，说道：“我记起来了，好像那条狗刘云，多谢你如此慷慨啊！此次来到碧云宝轩，你还有没有零食购买宝物？”陈子墨，你……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怎么还想给我送零食？那我先谢了。”那些小二在此刻急忙涌向了陈子墨，可是被那个浩二拦住，说道。 你们可不能坏了碧云宝轩的规矩。陈掌柜可是我的顾客，如果你们敢争抢的话，小的必会告知管事。浩二此刻哪里还会将陈子墨往外推？陈子墨储物袋中那一千枚灵石可是大顾客呀，如果能将其榨干的话，他也能从中分得不少灵石，绝不容有失。浩二，尽管去告，你不去告，我们还会去揭发你呢。陈掌柜主动找你购买宝物，你却将顾客拒绝。你来到碧云宝轩也有两年了，难道不知晓其中的后果？ 你们，浩二有苦说不出啊！难道他们不是也是如此？只不过陈子墨第一个找上的人是他罢了。而他已经说出了口，浩二期望的眼神望向了陈子墨，希望陈子墨还能选择他。陈子墨不想浪费时间，反正这些人都是一样，说道：“浩二，选择一安静之处交易。”浩二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，狂喜的脸色，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陈掌柜，请跟小的往这边走。”第十二章无声无息绝。陈掌柜，你需要购买点什么？ 陈子墨说道：“浩二，可有木属性的筑基修炼功法？虽然此次过来主要是购买隐秘修为的功法，可木属性修炼功法也是陈子墨急需。如果有机会从碧云宝轩求得，也能解决后续的修炼问题。陈氏家族的青木诀只是练气级功法，修炼到练气九层之后就无法再修炼，此时购买也是未雨绸缪。不过，陈子墨也知道筑基修炼功法需要的灵石数量庞大。”浩二微笑着说道：“陈掌柜，实在抱歉。” 没有你想要的木属性筑基功法，小的也无能为力。虽然面带微笑，可浩二的内心可不是这么想的，只有鄙夷，眼高手低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灵根资质，还筑基功法，能突破炼气六层，算你厉害。不过，浩二可不会和那一千枚灵石过不去。陈子墨作为仙宝商铺的掌柜，肯定知道一千枚灵石不可能兑换筑基功法，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。陈子墨叹息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浩二更是鄙夷不已。 怎么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不过如果脸皮不厚，也得不到那一千枚灵石。说道：“陈掌柜，虽然没有筑基功法，可碧云宝轩练气期功法齐全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小的为你推荐一二。”陈子墨说道：“那可有隐藏修为的功法？”浩二快要无语了，就你那练气四层的修为，还需隐藏？依然面带微笑，不榨干陈子墨，绝不能让他出交易室。说道：“陈掌柜，有的，小的给你推荐几部气息术，针对练气四层以下的修士有效。” 陈子墨摇头，蛇息诀针对练气六层的修士有效，可陈子墨依然摇头。其实蛇息诀确实能满足目前所需，不过还是太过低级，很快就要丢弃。他还是想要得到一部更高级的功法，无需经常更换，更希望对高阶修士也能有效。他们也无法看透他的修为。之后，浩二又说了几部隐藏修为的功法，不过都差不多都被陈子墨否定。此刻，浩二都在怀疑陈子墨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，特意来探查他们碧云宝轩的功法。 不过，虽然有所怀疑，浩二并没有多少意见。碧云宝轩开门做买卖，这些本来就公之于众，没有什么好隐瞒。最后，浩二说道：“陈掌柜，只剩下最后一步功法，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，小的也无能为力了。”无声无息诀针对筑基修士有效，这部功法不仅能隐藏修为，还能收敛气息。陈子墨终于露出满意之色。他本来购买一部隐藏修为的功法后，还想购买一部敛息功法，没有想到居然有一部功法，两者兼具，自然十分欣喜。 陈子墨笑容满面说道：“浩二无声无息绝陈某要了，需要多少灵石？”浩二见陈子墨终于松口，松了一口气：“千枚灵石，这是成功的第一步。”浩二说道：“陈掌柜，为了感谢你替小的解围，更感谢你坚持选择小的为你服务，给你一个最优的价钱，五百枚灵石。”陈子墨一惊，暗道：“五百枚灵石，现在自己可拿不出来。这次闭关耗费了太多的灵石，身下就剩下不到四百枚。不过……” 浩二爆出此价，陈子墨当然不会认为浩二在坑他，反而是有点意外。这可是针对筑基修士都有效的功法，甚至还有敛息的功效，价格远远高于此，他都不会感到意外。多谢浩二道友，虽然拿不出五百枚灵石，不过陈子墨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身上还有不少宝物可以兑换给碧云宝轩。从王氏家族得到的宝物，有些是修士间极其普遍之物，不会引起任何麻烦。浩二高兴的说道：“陈掌柜，既然你没有异议，那小的这就去把那部功法拿过来。” 你先暂时在此等待小的一会，小的去去就来。说完，也不等陈子墨回应，身影快速离开。陈子墨摇摇头，本来想拿出一些宝物兑换呢，算了，等他过来再说。很快，浩二带着笑色匆匆走了进来。陈掌柜，这就是无声无息诀。浩二把手中的玉简递给陈子墨，陈子墨准备接过，浩二突然握在手中。陈子墨不解的看着浩二，等待他给个说法。浩二说道：“陈掌柜，你别误会，再把玉简给你钱，咱提前说好。” 你看过后可不能后悔，必须购买。”陈子墨说道。“浩二，你放心，如果真如你说的那般，陈某肯定不会食言，绝对会买下。现在你放心了吧？何况这里是碧云宝轩城主府之地，陈某不可能在此闹事。”浩二说道。“小的当然相信陈掌柜。至于刚刚小的的描述，其中有一点小的可能忘记了，现在突然想起。”陈子墨眼神一凝，浩二居然没有说实话。如果他真的接过，在看过预检中的内容后，到时反悔的机会都没有。 都已经看过了玉简中的功法口诀，在碧云宝轩不可能不购买，怪不得陈子墨觉得奇怪，如此功法却只需五百枚灵石，就算浩二有着优惠的权限，也不可能浩二自己补贴给他。至于浩二所说，为了感谢他才给了他优惠价，听听就好，陈子墨可不会当着，管理仙宝商铺也有三年了，什么没见过。浩二，你可要把事情说清楚，不然到时陈某后悔，也是你隐瞒在先，可不能怪陈某。浩二说道。 陈掌柜，小的句句属实，绝无欺骗之意。小的也是拿到玉简时才突然想起，无声无息诀确实如小的所说，修炼成功，筑基修士无法探查。但是在无声无息诀功法完整的情况下，而小的手中的这部无声无息诀有着残缺，修炼成功只能抵挡筑基期以下的修士探查，也就是针对所有的炼气期修士。特莫的，陈子墨真想爆粗口，这可相差大了。不过如果能躲过炼气期修士探查， 陈子墨依然可以接受，毕竟五百枚灵石，想要购得此类功法是不可能的事，其中必然还有猫腻。第十三章，大大方方直面仙女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浩二，你直说吧，还有哪些没有提及？如果到时与你说的有出入，陈某选择放弃，那也是你的责任。里面的套路太多，陈子墨还是先预防比较好。”说着，拿出了一枚玉符，乃是影像符，可以实时记录。之前敲诈刘云的灵石，就是出自此种符箓。 浩二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陈掌柜，还有一点就是这部功法极难修炼，所以……”陈子墨脸色阴沉下来，果然还有套路在其中。虽然他也管理一家商铺，可都是诚信经营，无半点掺假。陈子墨冷冷的说道：“浩二，在那种情况下，陈某替你解围不说，依然选择你，你就这样报答在下。”浩二尴尬的说道：“陈掌柜，这部功法虽有些残缺，有点难以修炼，可毕竟品级摆在那，五百枚灵石，小的真的没有乱开价。” 陈子墨失望地摇摇头，准备起身离开。见此，浩二怎么可能甘心？还没有让陈子墨掏出半枚灵石呢，更不用说他想将陈子墨的口袋榨干。浩二急忙说道：“陈掌柜，如果你想要无声无息诀的话，小的再优惠一点。看不上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商议其他。小的保证让你满意，你看如何？”陈子墨站起身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无声无息诀，你能优惠多少？”浩二见有戏，看来陈子墨是真的相中了这部法诀。 他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告知于陈子墨，到时他无法修炼成功，和他无半毛钱关系。浩二咬咬牙说道：“陈掌柜，为了感谢你的照顾，小的下血本了，再优惠五十枚灵石。”陈子墨没有开口，直接准备离开。陈掌柜，那你说多少？优惠一半，二百五。陈子墨有点尴尬，说道：“为了表示诚意，陈某也愿意做出让步，再加一枚灵石，二百五十一枚灵石，在下就购买这部法诀。”浩二的脑袋。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，陈掌柜绝无可能。就算你与其他小二交易，也不可能拿到这个价。陈掌柜也是行家，小的也不再圈圈绕绕。三百五十枚灵石，如果同意的话，咱们立马成交。浩二算是看明白了，想要从陈子墨口中掏出灵石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还不如赶紧结束，招待其他修士。陈子墨想了想，点点头，接过玉简查看之后，看不出什么问题，不过也能看出确实是一部残缺功法。拿出灵石给到浩二。 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浩二，下次再来碧云宝轩，再再找你。陈某先告辞了。”说完，身影快速消失在交易室内。浩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哎，看来自己的这点小心思早已被他看在了眼里。看了看手中的储物袋，这单买卖他几乎没有得到收成。在碧云宝轩做事也是要看效益，不是以出售价来算提成，而是售价减去成本价的差额来计算，几乎是接近成本价了，哪有赚头？陈子墨回到碧云宝轩大店内。 依然是人声鼎沸，他没有心思停留，直接准备离开。可就在此时，迈门而入的一道人影吸引了众修士的目光。绝美的容颜，清澈的眼眸，如雪的肌肤，赛若天仙，恐怕天仙也无法与之比拟，真乃人间绝色，秀色可餐。走到哪都会成为绝对的焦点，此处也不例外。大小姐，你来碧云宝轩，怎么不先通知云舒？一个中年人匆匆来到。云舒，紫萱只是凑巧路过。 顺便进来看看，本来不想打扰你，就没有先通知，还请云叔不要怪罪。来人正是罗子轩。罗子轩口中的云叔，乃是碧云宝轩管事最大的管事云管事，赶紧说道：“云叔岂敢？”云管事看了看四周，说道：“大小姐，此处人多眼杂，要不安排一处安静的空间？”罗子轩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云叔不必如此麻烦，子轩只是暂时停留，很快就要离开。”陈子墨也在看着罗子轩，来到碧云城三年。 加上这一次是第二次见到，不过这一次是如此之近。罗子轩是他见过最美的女子，第一次见到时惊为天人。不过陈子墨也知道他们两人的身份差距太大，没有多少念想。此刻也是一样。突然，罗子轩的视线朝着陈子墨望来，两人的视线相交在一起。陈子墨没有避讳，大大方方朝着罗子轩点点头，然后移动脚步朝着罗子轩而去。众人都惊呆了，陈子墨想要干嘛？ 罗子轩只不过是事先望向这边而已，陈子墨还真以为碧云城城主之女还会看上你不成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们都在期待着接下来看到陈子墨出丑的画面。云管事面色一冷，敢对大小姐有所企图，必将让你知道其下场。众人的视线此刻都在陈子墨身上，心中不仅只有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这句话，还有一句“胆大包天”，也不怕给陈氏家族招惹灭族之祸。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 此刻，他们有了更深的体会。站住！云管事怒喝出声：“来了，来了，要来了，马上就能见到陈子墨被灭杀的场面。”可陈子墨没有止步，说道：“云管事，在下只是想要从这离开而已，难道不可以？”云管事一愣，众人也目瞪口呆。罗子轩也似乎没有想到，他还以为陈子墨真的如此轻浮呢。在众人错愕的眼神中，陈子墨从罗子轩身边而过，在离开前再次点头示意。 身影渐渐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。高手，众人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，引起了罗子轩的注意，又不失体面。高啊，高啊！没有看出来陈子墨还有这一面。只是，就算引起罗子轩注意，又能如何？他们两人的身份差距太过巨大，不会有任何可能。何况骄傲的罗子轩，怎么可能会对一个灵根废物感兴趣？就算感兴趣，碧云城城主也会将这股燃起的火苗生生掐灭。罗子轩回头，第十四章。 恨铁不成钢，混账不如。陈子墨回到仙宝商铺，继续闭门谢客，反正也没有几个修士进入。此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再过几日，家族派往过来的族人就要达到碧云城，与他进行交接。陈子墨回到房内，拿出了那枚玉简。这几日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，全部精力参悟无声无息绝希望能修炼成功，到时能隐藏自身修为。陈子墨将玉简中的口诀牢牢的记在脑海中，双眸微闭，沉入参悟之中。 时而眉头紧锁，时而脸色舒缓。时间流逝，咚咚咚！突然，在店铺门外听到三声敲门声。盘坐在房内的陈子墨，在此刻双眸睁开，两眼闪过金芒，运转无声无息诀。陈子墨的气息在快速下降，很快从炼气五层的修为气息下降到炼气四层。呼！陈子墨长呼一口气，终于参悟成功，修为得以隐匿。这部功法确实极其难以参悟，不过。 陈子墨感觉，自从得到那粒种子后，好像悟性也有着提升。如此晦涩的法诀，居然真的让他参悟成功，在以前的话是不敢想象的事情。从得到这粒种子后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让陈子墨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咚咚咚，敲门声更加急促。陈子墨急忙起身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几天。陈子墨猜测族人已经到了。陈子墨打开店铺大门，见到一个两鬓斑白的身影，露出焦急之色。陈子墨恭敬叫道。 二叔，陈子墨没有想到家族派德高望重的二叔陈周克到来，看来家族对族中的年轻弟子还是不放心。碧云城的仙宝商铺，如今的局面不能再恶化下去。陈周克见到陈子墨在仙宝商铺内，焦急的脸色缓和下来，不过很快脸色变得十分严肃且阴沉。子墨，你跟二叔过来。陈子墨不敢多言，跟在陈周克身后。为什么不开门迎客？家族将仙宝商铺交给你打理，你就是这样对待？怪不得。 这些年，仙宝商铺越来越差，你对得起家族的栽培和信任吗？陈周克恨铁不成钢，劈头盖脸一顿训斥。如果不是亲眼见到，他绝对不会相信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。家族已经如此艰难，竟然毫不在意，更是将家族最后一点希望都要败光，混账不如！陈子墨怎么解释？如果不拿出实际行动，任何言语都是苍白无比。陈子墨重新关上大门，混账东西，难道还怕丢人现眼不成？ 见到陈子墨如此，陈周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此刻都有动手的冲动。我会将所见告知给家族，你的问题由家族处理。你走吧。陈周克没有动手，心寒无比，失望到极点，不想再看到陈子墨一眼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二叔，请随侄儿来，到时你就明白了。”说着，陈子墨走向了房间的方向。陈周克本来不想理会，可还是跟了上去。陈子墨拿出了几只储物袋，递给陈周克，说道。 二叔，你看看，陈周克接过储物袋，见到其中之物，大惊失色。子墨，你从何处得来？陈周克没有想到，储物袋中居然有如此多宝物，特别是储物袋中的灵药，更是价值连城。那朱空禅真织更是极其显眼。陈周克知道，这些不可能是通过仙宝商铺得来。训斥陈子墨，并不是因为陈子墨管理仙宝商铺没有给家族带来修炼资源，他也明白其中问题出在哪里，根本原因还是在家族上。 不能让陈子墨全部承担，但陈子墨闭门谢客的行径无疑是点燃了要火。此刻见到如此多宝物，自然心惊不已。陈子墨知道这些宝物给到家族，如果随便编一个理由，没有人会相信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二叔，侄儿从王氏家族得来。”陈周克震惊到无以复加，眼神中更是有着惶恐。你你怎么如此大胆？你不知道一旦被王氏发现，家族会是什么下场？陈周克后怕不已，一旦泄露。 不堪设想，没有想到平时看起来老实人的陈子墨如此胆大包天，居然敢打王氏家族的主意。他们没有发现吧？陈子墨摇摇,摇头说道：“二叔，你放心，王氏家族无一人发现。这是什么时候事？”陈子墨将事情的经过几乎都告知了陈周克，不过那粒种子的事情选择了隐瞒。不是不相信陈周克，实在是那粒种子事关重大，更关乎他以后的修炼。陈子墨不想出现任何意外。 陈周克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那貂蝉此刻在哪？”陈子墨眼神一凝，说道：“二叔，你放心，貂蝉绝不会出卖。何况他也参与了此事，一旦泄露，他自身也要陷入其中。”陈子墨一眼就能看出，陈周克要灭口，不想让家族有丝毫的意外。站在陈周克的角度，确实没有任何问题。可陈子墨怎么可能会亲眼看到这种事情发生？貂蝉并没有出事，在结束闭关后，陈子墨就联系了貂蝉。 貂蝉成功离开了王氏家族，此刻正在闭关突破修为。陈周克脸色凝重，说道：“子墨，这关系到家族的命运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意外，必须斩草除根，才能以绝后患。现在可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。”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二叔，其他事情侄儿都听你的安排，但唯独此事，侄儿恕难从命。不管如何逼迫，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”可陈周克也是一样。 他不可能让家族有一点点陷入灭亡危机的可能因素，就这样僵持着。最后还是陈周克率先出口，说道：“子墨，展示一下你的修为给二叔瞧瞧。”对于突破炼气五层之事，陈子墨也没有隐瞒，不然储物袋中的灵石几乎耗尽，怎么解释？陈子墨解除封印，运转功法，炼气五层的气息释放开来。陈周克满意的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气息浑厚。”第十五章。 三年期满，返回家族遭恶战，根基扎实，看来这些年没有偷懒，下了苦功夫。只是内心中有着遗憾，耗费如此多灵石，只提升一层修为，对如今的家族来说，利益最小化了。不过他不能说什么，这些修炼资源都是陈子墨得来，他能将剩余的资源给到家族，已经非常难得。事情得以澄清，接下来几日，陈子墨两人在做着交接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交接。仙宝商铺这两年基本是空空如也。 没有几件像样的宝物。这一日，三年期满，到了陈子墨返回家族的日子。陈周克说道：“子墨，一路要小心，路上尽量不要停留，尽快返回家族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二叔，侄儿明白。你先回去吧，侄儿走了。”陈周克直到送到城门口，才停下来，望着陈子墨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。陈周克眼神中有期待，也有担忧，祈祷着陈子墨能安然返回家族，不要遇到任何意外。 转身返回仙宝商铺，陈子墨离开城门后，按照二叔陈周克的叮嘱，直奔家族的方向而去。从碧云城出发返回家族，正常来说需要一个半月，不过如果马不停蹄的话，还能缩短一些时间。不过想要一直赶路，并且是急速的话，以陈子墨的修为，没有任何可能。稍微慢一点才能持久，所以最快最快也需要一个月多点时间才能赶回家族。陈子墨的身影在一处偏僻之地穿梭。 为了避免遇到修饰，他这次返回家族的路线做出了一些更改，专门选择一些偏僻之处。正常来说，选择熟悉的路线更符合他，只不过这次事关重大，不能出现丁点的闪失。就在此时，陈子墨瞳孔一缩，他感觉到有动静。陈子墨谨慎地向着四周望了望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陈子墨暗道：难道是自己多心了，还是精神太过紧张，造成疑神疑鬼？不过，小心总是没错。 陈子墨继续快速地向着既定好的路线而去，可他越来越感觉到不妙，内心不安越来越严重，心头一股危机在升起。陈子墨明白，绝不是他由于精神高度紧张而生出疑神疑鬼之心。此处位置极其偏僻，如果真的有修士跟踪的话，想要传音给二叔救援已经来不及了。此处已经远离碧云城六百里，陈子墨停了下来，驻足在原地，定了定神，是福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探向四周，说道。 不知是哪位道友在跟随在下，直接现身一见也无妨，也不用再躲了。在下已经知道你的存在。可四周除了陈子墨的声音，再无半点声响，寂静无比，氛围显得越发的凝重。差不多半炷香过去，依然没有见到有任何修士现身。可陈子墨的那种感觉是越来越强烈，心头的危机是越来越强。陈子墨不再停留，准备离开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波动传来，陈子墨猛然转身。 一道身影出现在陈子墨的眼前，陈子墨脸色阴沉下来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刘云，想将我斩杀在此，就凭你的实力？”陈子墨没有想到，竟然是刘云在跟踪他。可是以刘云的修为，怎么可能会带给他如此强烈的危机？陈子墨知道不妙，恐怕还另有其人，就要离开。可刘云因笑道：“陈子墨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晚了。为了隐藏身形，耗费了多少张隐身符？为了追上你的速度，几乎快要耗尽丹田中的灵气。” 不过，也许是天意所为，没有想到你居然停下来，给了我机会，哈哈，这是天要亡你啊！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快速而来，很快出现在两人的视线中。陈子墨瞳孔一缩，居然是刘宽，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下来。如果仅仅是刘宽的话，他倒是不怎么担心。刘宽的修为乃是炼气五层，陈子墨也突破到炼气五层。陈子墨相信，如果处在相同的修为层次，刘宽想要战胜他，哪有那么容易？ 更别说斩杀了。不过陈子墨也没有放松警惕，阴沟里翻船的事情在修真界到处都是，如果大意，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刘宽堂兄，见到刘宽到来，刘云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仿佛看到了将陈子墨碎尸万段的场景。陈子墨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我刘氏家族的一千枚灵石，你以为这么好拿？为了这一天，我们可是等了足足一月之久。今日就送你去阴曹地府。你放心，你陈氏家族。 很快就会和你在阴曹地府相聚。只有刘云知道他这一个月是怎么过来的，对陈子墨是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吃其肉，饮其血，方能解心头之恨。现在唯一担心的是那一千枚灵石还是否在陈子墨身上，千万不要全部耗尽，或者交给了陈周克。对于陈周克接替陈子墨，刘氏商铺的人自然知晓，他们每天都在关注着陈子墨的动静，关注着他什么时候离开碧云城。陈子墨冷笑道：“想要杀我，你们也要卸去一层皮，不信就试试。” 哈哈！啊啊、刘云猖狂大笑，像是听到了最好听的笑话。陈子墨在刘宽堂兄面前，居然敢如此大言不惭。等下你就知道什么是绝望，你恐怕是见不到了。陈子墨的声音清晰的传入两人的耳中，而在说话之际，陈子墨的身影已经消失，施展家族身法青云步，快速朝着刘云杀去。与刘宽的大战已经无法避免，陈子墨希望在此之前先将刘云解决，斩杀他后，可以全力与刘宽对战。 不会有丝毫的顾忌。刘云本来毫不在意，可就在此刻，脸露惶恐之色，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。陈子墨的速度居然提升了一大截，他就是想要躲闪，也已经来不及。刘宽在场的情况下，居然有着性命之危，这是刘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事情，大声求救道：“刘宽堂兄，救我！”晚了。第十六章恶战，住手！刘宽大声怒吼，希望能震慑住陈子墨。 在陈子墨动手的瞬间，刘宽也应声而动，只不过陈子墨离得更近。此刻，陈子墨手中一柄法刀，这是一柄中品法器。陈子墨修炼刀诀，本来只有一件下品法器之刀，不过在离开碧云城前，陈周克不放心，送给了他一柄中品法刀——流云刀，威力强绝，让陈子墨的实力更上一层楼。陈子墨在得到的时候爱不释手，流云刀快要来到刘云身前，斩在其身上。只不过刘宽的攻击也已经到来，如果继续对刘云出手。 就是那么短暂的瞬间，陈子墨可能会被其攻击在身上。陈子墨可不敢大意，刘宽毕竟是有着炼气五层的修为，一旦他的攻击轰击在肉身上，肉身必定有着伤势，极其危险。可让陈子墨放弃如此绝佳的机会是不可能的事。刘云惊恐的眼神在见到刘宽出手的瞬间稍微安定，急忙想要闪躲开来，可下一刻见到陈子墨依然没有放弃，只见一张符箓出现在陈子墨的手中，瞬间向着刘宽的方向抛去。 一道烈焰划过，空间像是要被燃烧了一般，炙热的高温一阵阵袭来。陈子墨释放的符箓乃是一枚一阶火焰符，威力不俗，抵挡住刘宽几个呼吸应该没有问题。刘宽攻击而来的势头在此刻不得不延缓，全力轰击向那枚符箓。陈子墨利用这短暂的瞬间，手中的法刀横劈而过，不，在刘云惊恐绝望的眼神中，刹那间从他的腰部横过，砰！刘云刀威力强绝。 刘云的肉身在他的面前没有丝毫抵挡之力，横劈成两截，倒落在地，极其凄惨。刘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本来是想见到陈子墨碎尸万段的一幕，却是成了他葬身之地。如果能预料到，他绝对不会来找陈子墨的麻烦。惊恐与不甘的眼神，就算气息断绝，肉身被横截，依然在望向着陈子墨。轰！也就在此刻，刘宽轰破火焰符，看着刘云被陈子墨残杀，怒火冲天，死！ 此刻，他的心绪终于无法抑制，炼气五层的修为极致释放，强大的攻击轰击向陈子墨，没有丝毫的保留。陈子墨见到刘宽的气息比较雄厚，没有半点虚浮，看来突破炼气五层已久，修为极其稳固。不过，如果就是这等修为，陈子墨有着极大的把握能将刘宽击退，甚至斩杀。陈子墨挥动着手中的流云刀，流云刀释放的气息越来越强，沧浪刀诀第一式，波涛汹涌，沧浪刀诀。 乃是陈氏家族一部炼气级刀法，威力不俗。只见随着挥动着流云刀，像是有一层层巨浪一样，波涛汹涌而来，瞬间横劈而出，直奔刘宽而去。刘宽虽然怒火极盛，可并没有失去理智，全力轰击向陈子墨的时候，对陈子墨的这道攻击没有丝毫的轻视，手中法器轰然而出，砰，两道攻击碰撞在一起，释放不小的威能，两人都各自后退半步。刘宽脸色凝重。 陈子墨只是炼气四层的修为，却有如此实力，这怎么可能？陈子墨内心也是暗暗吃惊。沧浪刀诀第一式波动汹涌，他没有丝毫的保留。刘宽不仅能接下，而且只后退半步。更关键是他自己也无法稳住，同样后退半步。他可是经过那粒种子重新修炼，不管是根基还是灵气浑厚程度，或者是质量，明显要好过刘宽。之前陈子墨虽然不会轻视刘宽，可也没有太过重视，毕竟对自己有着强大的自信。此刻。 终于明白，还是小瞧了刘宽。看来接下来是一场恶战，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。刘宽直视着陈子墨，说道：“你怎么有如此实力？”陈子墨冷冷的说道：“怎么？难道灵根不足代表实力很差？更何况不是我实力强，而是你实力太差，显得我实力出乎意料。现在让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可惜晚了。杀！就算是死战，陈子墨也不可能放过刘宽，已经与其结怨。” 同时将刘云斩杀。如果让刘宽逃离的话，刘氏家族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对家族发动攻击。以家族目前的处境，很难抵挡下来。刘宽，他必须死！又是波涛汹涌式凶猛的威能，一层层向着刘宽奔袭而去。修为一般，野心不小，居然还想将我灭杀！轰！就在此刻，从刘宽身上爆发的威能更甚，已经来到了炼气五层巅峰。看其气势，随时都有可能突破炼气六层。杀！ 刘宽脸色冷漠，面对汹涌而来的攻击，不仅没有退避，反而主动杀向了陈子墨。陈子墨在见到刘宽气息再次增强的时候，瞳孔一缩。此时他的修为实力明显要强上不少。波涛汹涌是没有停止，一波而出后，接着还在挥舞着流云刀继续施展，横劈而出，不给刘宽任何机会，要将其彻底击杀在其中。砰砰！可在刘宽实力再次增强的基础上，想要击杀哪有那么容易？何况此刻的刘宽。 已经心生警觉，想要出其不意也无可能了。一道道攻击被刘宽化解，一步步逼近陈子墨。陈子墨心中大惊，这样下去，别说击杀刘宽，他可能都有危险。刘云刀没有停止，依然不断在施展波涛汹涌式，手中浮现一枚符箓，瞬间激射而出，空间温度骤减，乃是一枚一阶符兵符。眨眼睛就已经来到了刘宽的身前，即将轰击在他的身上时，就在此刻，刘宽的手中出现一枚盾牌。 横挡在身前，砰！伏兵符在盾牌炸开，盾牌瞬间被冰封，寒气从刘宽握住盾牌的手而入。刘宽瞬间抛向远处。此刻，陈子墨的攻击已经来到，杀！陈子墨将波涛汹涌势施展到了极致，利用这短暂的瞬间，要将刘宽击杀在此。哼！刘宽冷哼一声：“你的死期到了。”第十七章，击杀。就在此刻，陈子墨惊讶的发现刘宽的气息。 还在继续上升，轰！炼气六层的气息从刘宽身上肆无忌惮爆发。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，刘宽居然已经突破到炼气六层，怪不得陈子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原来如此，如果刘宽只是炼气五层的修为，陈子墨有着绝对的把握。怪不得在炼气五层时，刘宽能爆发出如此实力，可以抵挡住他的攻击。原来是以炼气六层的修为为基础。陈子墨的脸色凝重到了极点。刘宽在彻底解封了修为后。 炼气六层的气息终于不再增长，同时陈子墨也看到刘宽炼气六层的气息有些虚浮，可能是刚突破没有多久。刘宽残忍的眼神露出了嗜血的光芒，死！死亡之音传入陈子墨的耳中。陈子墨本来想要继续袭击刘宽，此刻不得不收手。又是一枚符箓出现在手中，准备用来抵挡刘宽的攻击。你以为就你有符箓？说着，从刘宽的手中见到两枚符箓出现，瞬间而出。 陈子墨的脸色凝重到了极点，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手中又出现了几枚符禄，击射而出。砰砰砰，符禄碰撞在一起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，一阵阵辐射开来。他们两人也不敢接近，不断后退。接下来，一枚枚符禄而出，陈子墨是心痛不已，这些符禄都是从秦王两世大战时化缘而来，这次返回家族所得到的资源，并没有留在仙宝商铺，而是将其带回。 二叔陈周克才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要在路上停留，直奔家族返回。刘宽此刻惊诧不已。陈子墨身上有几张符箓，不足为怪，毕竟哪个修士身上没有一点保命的宝物？可是如此多张符箓，他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。要知道，仙宝商铺是什么情况？碧云城的修士哪个不了解？虽然他突破到炼气六层，可对这些符箓的攻击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更何况，此刻炼气六层的修为还没有稳固，极其虚浮。 他真是在不久前才突破修为，本来是准备闭关稳固修为，可为了斩杀陈子墨，不得不选择来此。以他的修为，就算封印到炼气五层，斩杀陈子墨也是轻而易举。可是让他没有想到，意外频出。陈子墨凭借炼气四层的修为，居然抵挡住他的攻击，逼迫他不得不释放封印，以炼气六层的修为来斩杀陈子墨。刘宽憋屈至极，到现在不仅没有斩杀陈子墨不说，还被陈子墨将刘云灭杀。哼，和我比拼福禄？ 我看你有多少，是吗？那咱们就来试试。陈子墨毫不示弱，他也在等待机会。刘宽气息虚浮，说不定被符箓不小心攻击在身上，到时发生意外，修为跌落，就是刘宽的死期。就算没有发生意外，陈子墨也不是没有底牌。一枚枚符箓而出，这处偏僻之地，两人大战的四周已经被爆发的威能轰击的满目疮痍。直到释放了十八枚符箓，陈子墨是真的心痛了。每一枚符箓都是灵石啊，虽然刘宽也耗费了很多。 可是，如果能斩杀刘宽的话，他身上的这些符箓可都是他的呀。陈子墨暗道：不行，必须想办法。另一边的刘宽此刻也是焦急不已，全力施展修为。此刻在担心修为不稳，真的出现跌落，到时后悔不已。可如果不能斩杀陈子墨的话，又十分不甘心。在见到陈子墨停手的瞬间，没有再释放符箓，脸色一喜，抓住这短暂的瞬间，杀！顾不得其他。 将修为施展到极致，猛然间向着陈子墨杀来。眨眼极致，轰！强大的气息在陈子墨身上爆发。你快要杀到陈子墨身前的刘宽，眼神中惊骇欲绝。死！陈子墨冷冷说出，刘云刀横劈而过。刘宽匆忙抵挡，萌生退意。可是两人间的距离实在太过接近，已无可能。刘云刀已经来到刘宽的身前，刘宽挥动法器，全力抵挡。砰！ 一道身影蹭蹭蹭往后退了数十步，正是刘宽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哪里还有交手的意愿？想要退离，可陈子墨怎么可能让他如愿？在他后退之际，攻击已经而来。砰！这一击威力更加强大。砰！刘宽重重跌倒在地，噗！一口鲜血喷出。不仅如此，让他刘宽惊恐的是，虚浮的气息此刻开始在紊乱，炼气六层的修为很可能不保。一旦跌落。 更不是陈子墨的对手，结局只有死路一条。不，刘宽怒吼出声，他不能接受。以他上品灵根资质，在他的这个年纪就已经突破到炼气六层，此生有着很大的希望成为筑基修士，将来成为刘氏族长，带领刘氏走向辉煌。他不甘心死在这里，极致爆发，猛然窜起，手中法器瞬间而出，抵挡来自陈子墨的攻击。接着想要逃离，他知道必须逃，留下来必死无疑。 陈子墨脸色冷漠，流云刀横劈而出，将阻挡来的法器轰飞。同时，一道符箓飞去，直奔逃离的刘宽去。刘宽必须死！身影快速闪动，一刀而下，像是连绵不绝的波浪，从刘宽的头顶冲下。刘宽匆忙抵挡住符箓攻击，可此刻陈子墨的攻击已到。不在刘宽惊恐、不甘、恐慌的眼神中，刘云刀顺势而下。这处空间像是静止了一般，时间停止在此刻。砰！ 砰！几乎是同时，两道倒地的声响为这场恶战画上了句号。刘宽被刘云刀横劈成两半，送他归西。陈子墨双腿虚浮，脸色泛白，全力施展沧浪刀法，对他也是极大的消耗。何况精神时刻处在高度紧绷之中。最后之所以能杀死刘宽，陈子墨没有再保留，解除封印，将修为提升至炼气五层，出其不意，抓住机会才一击得手。陈子墨拿起两人的储物袋。 急忙查看储物袋中有什么宝物，相信刘宽的储物袋不会让他失望。第十八章，回到家族，见到储物袋中之物，陈子墨露出喜色。虽然损失不小，可收获更是惊人。储物袋中有着二千多枚灵石不说，还有不少宝物、丹药、炼器器材。算下来，在刘宽的储物袋中全部换算成灵石的话，至少有三千枚之多。对于刘宽这种修为，三千多枚灵石可谓是很少见了。不过。 和刘宽管理刘氏商铺有关，不少应该是刘氏商铺的收益。至于刘云，储物袋中根本没有几件像样的宝物，换算成灵石的话，估计也就两百枚灵石左右。陈子墨望着手中的两枚钥匙，心中暗暗思量，望向一处方向，再看向刘宽两人的尸身，拿出一枚火焰符，将其焚烧成灰烬。世间再无此二人。陈子墨身影闪动，快速消失。时间流逝，当陈子墨再出现时，隐藏在一处隐蔽之地。 视线望着远处人来人往的人群，在进进出出，乃是一座城门口，正是碧云城。没错，陈子墨没有返回家族，而是回到了碧云城附近。此刻，陈子墨在思量是通知二叔陈周克，还是直接进入其中。可是，不能以真面目从城门入口进入，在碧云城可没有几个修士没有见过他的面孔。但改变身形的话，陈子墨从来没有修炼过这种功法，利用宝物身上也没有。最终。 陈子墨还是拿出了传音符，二叔，侄儿在碧云城外。陈子墨直截了当将他的事情告知了陈周克。大概两炷香后，陈子墨身旁多了一道身影，正是陈周克。只不过此时的陈周克变换了身形。陈周克在见到陈子墨的瞬间，焦急的问道：“子墨，你没事吧？”陈子墨摇摇,摇头，说道：“二叔，侄儿无大碍。不过现在时间紧急，必须快速行动。”陈周克脸色凝重。 没有想到刘宽等人居然偷偷跟随陈子墨准备偷袭，还好陈子墨福大命大，不然的话恐怕已经是天人永隔。不过一旦此事暴露的话，陈氏家族恐怕要面临险境。陈周克说道：“子墨，算了，为了那点宝物不值得。此次陈子墨返回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有一样，那就是将刘氏商铺内的宝物洗劫一空，不要白不要。反正刘宽两人已经被他斩杀，刘氏商铺无人看守。” 而他又得到了钥匙，是绝佳的机会。只要小心谨慎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二叔，你也知道家族资源紧张，而刘氏商铺内的宝物能为家族得到些许的缓解。只要小心谨慎，谁会知晓？”说着，陈子墨拿出了两枚钥匙，给到陈周克，说道：“二叔，快去吧，再晚一会恐怕生变。侄儿就在此处等你，到时将这些资源全部带回家族。想要得到资源，畏首畏尾。” 只会被淘汰。看到陈周克还在犹豫，陈子墨说道：“二叔，难道你想要家族就这样彻底沉沦，不断消逝？”陈周克望着陈子墨异常坚定的眼神，终于下定决心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说的没错，是二叔想的太多，没有一股勇往直前之势。我现在就去，你自己也小心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如果二叔不动手的话，陈子墨就会想其他的办法。无论如何，也不可能错过如此大好机会。 天色渐渐暗淡，又过去三个时辰，终于有一道身影朝着此处而来。陈子墨一喜，看来是得手了。二叔怎么样？在见到陈周克的刹那，陈子墨急忙出声询问。陈周克拿出两只储物袋，递给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刘氏商铺的宝物全部在此，你赶紧带着返回家族，一路上一定要当心。”陈子墨接过储物袋，对修士来说没有任何重量，可是陈子墨却感觉是如此沉甸甸。 之后，两人分开。陈子墨直奔家族而去。怎么样，可有刘宽的消息？在一处洞府内，一个中年人急忙问道：“族长，还是没有任何音讯。”中年人内心一沉，他正是刘氏族长刘吉。一日前，他有事联系刘宽，可杳无音信。刘云也是一样。那个时候，他并没有在意，说不定他们那个时候刚好有事，无法及时回复，耐心等待便可。可是始终未得到回音，渐渐的。 刘吉感觉到不对劲，叫他人联络，还是一样的结果。这一次，他心中有着强烈的预感，刘宽两人恐怕出事了。快，派人前往碧云城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是族长刘吉坐立不安。刘云出事，他不怎么关心，可刘宽就完全不一样。以刘宽的资质，可是有着很大的可能突破练气九层，甚至有那么一丝几率冲击住机器是家族未来族长之选，绝不能出现任何意外。族长。 我亲自前往。就在此时，洞府外传来了一道声音，一个看起来三十来岁的修士走了进来。当然，对于修士来说，面孔很难看出年龄。刘少，我知道你心急，可是，族长，我意已决，求族长成全。此人正是刘宽之父刘吉。最终还是点点头。刘少走出洞府，眼神突然变得极其阴冷。如果我出事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凶手碎尸万段。陈子墨望着前方，脸露笑色。 阔别三年，终于要回到家族。此刻离家族已经不足五里，很快就要到达。激动的心难以抑制。陈子墨身影闪动，快速朝着陈氏家族领地而去。快看，那不是子墨堂兄吗？有一人突然说道。众人的视线纷纷望去，露出了喜色，奔向陈子墨而来。子墨堂兄，子墨表兄，众人纷纷喊道。他们都是陈氏家族的弟子，修为最高的也不过炼气三层，也可以看出。 目前陈氏的处境，陈子墨笑容满面，频频点头说道：“你们这是要去哪？”其中一人说道：“子墨堂兄，我们准备前往第十九章家族困境。我们准备前往天阴山脉外围狩猎。天阴山脉范围之大，陈子墨到现在都不可得知。就算是筑基修士前往其中，也不敢前往深处。天阴山脉中有着天才地宝，更有着众多妖兽，几乎每日都有修士葬身在天阴山脉内。陈氏领地。” 身处在天阴山脉边缘，环境比较恶劣。如果妖兽袭击，他们想要抵挡困难无比。不过好在的是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过妖兽。一般不会主动离开天阴山脉，除非是修士过分侵入他们的领地，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危机，或者修士杀戮惊起妖兽反击。不然的话，妖兽都会待在天阴山脉内。至于臣子弟子口中狩猎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以他们的修为能安然返回，算是不错了。不过陈子墨也知道，他们去外围。 只要不深入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但想要得到宝物，恐怕就别想了。最外围区域不知道有多少修士踏足，如果有宝物，恐怕早已洗劫一空，哪里轮得到他们？可是他们有什么办法？陈氏家族境况越来越糟糕，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让陈子墨改变家族现状的愿望越发强烈。陈子墨说道：“那你们可千万要当心，不要太过深入，及早返回。多谢子墨堂兄，我们知道会小心谨慎。” 堂兄刚返回家族，肯定有事情要处理，我们就不耽误你了。陈子墨点点头，在他的目光中，几人朝着天阴山脉而去。陈子墨来到阵法入口处，虽然陈氏家族日渐式微，不过家族领地护族大阵始终处于开启的状态，为的就是避免意外发生。陈氏家族领地占地并不大，方圆只有一里，对于一个家族来说，真的很小很小了。陈氏老祖在世时，家族领地方圆二十里，有着二阶灵脉，此刻是完全不能相比。 祖地已经被他族占领，只能龟缩在此。甚至这座领地，如果不是环境恶劣，恐怕也很难保住。子墨堂弟，恭喜三年期满，返回家族。家族守阵族人打开阵法，将陈子墨迎入。多谢子权堂兄，只是未能帮到家族，子墨愧疚不已。陈子权摇摇头，家族境况如此，怎么能怪陈子墨？说道：“子墨堂弟，赶紧去交差，有机会咱们再聊。”嗯。 陈子墨向着一处方向而去，还是熟悉的场景，不过变得更加萧瑟。陈子权按辈分算是他的堂兄，在陈氏同属一脉，炼气五层的修为。不过三年过去，似乎气息没有丝毫增长。陈子墨摇摇头，陈子权灵根在家族来说算是最好的几个之一，三年时间就算没有突破炼气六层，修为也到了炼气五层巅峰，随时可以闭关修炼突破修为。可是为了让族长突破炼气九层。 几乎耗尽了家族的修炼资源，其他人想要突破很难很难。陈子墨心情沉重，没有回到家族，还无法深刻体会。此刻更加迫切，希望能改变这一现状。可是以他目前的修为，想要改变谈何容易啊！除非他将修为提升至炼气后期，还有着一定的可能，一点点改变。可想要突破修为，必须拥有足够的修炼资源。他身上携带的资源肯定是要上交，这点资源，家族这么多修士，杯水车薪。 怀着沉重的心情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任务堂。步入任务堂，冷冷清清，没有见到一个族人。陈子墨走向另一处方向，在一张摇椅上躺着一位修士。侄儿子墨拜见五长老。此人正是陈氏家族五长老陈周阙，炼气七层修为，属于家族第三代。第一代陈氏老祖，第二代就轮到族长了。不过他不是第二任族长，而是第三任。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位族长陈德宗，不过寿元耗尽，早已离世。 陈子墨也从未见到过，陈氏家族第二代已经没有几人在世，除了族长陈德松以外，还剩下几位，他们已经全部淡出了族人的视线，更没有手握族中权力。第二代除了族长，都交给了第三代，开始颐养天年，更不想消耗族中资源，等待着寿元终结到来。陈周却转头望向陈子墨，脸露笑色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回来了。嗯，气息增长了不少，继续努力，争取突破。也不用交接什么，我这里没什么事。” 对了，这是灵泉令牌，凭此可以在灵泉中修炼三月。希望你能抓住机会，在这三月内修为突破炼气五层。陈舟却站起身，拿出了一枚令牌，递给陈子墨。陈子墨恭敬接过。在此前，他得到历练的机会，不就是为了得到灵泉修炼的机会吗？只不过机缘巧合，得到那粒种子，修为已经突破炼气五层。但这枚令牌对陈子墨来说依然十分重要。他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，能突破至炼气六层。 到时对家族的帮助更大，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做想要做的事。他是家族中第四代弟子，第四代弟子中到目前为止，据陈子墨知晓，还未有一人能突破练气六层。家族第五代年龄还小，自然是指望不上。多谢五长老，去吧，好好修炼，争取为家族做出贡献。陈子墨重重点头，说道：“侄儿不会辜负五长老的期望，侄儿告退。”说着，陈子墨就要退出去，陈周却突然意识到什么。 说道：“子墨，先等等。”陈子墨急忙停住脚步，问道：“武长老，不知还有什么交代？”侄儿陈周却说道：“子墨，族长交代你返回家族后，前往族长洞府一趟。”陈子墨点头，就算不用武长老提醒，他也会前去。陈子墨知道，二叔陈周客肯定已经传音，将他的事情告知了族长，并将他身上拥有不少资源的事情一并相告。前往族长那，陈子墨准备将资源交出。 侄儿明白。第二十章，误会族长。离开任务堂，陈子墨直奔族长洞府而去。很快来到一处灵峰入口，这是家族重地唯一的一条灵脉，就在灵峰下。族长的洞府设置在此。灵峰叫绿桃峰，在绿桃峰顶有几株桃树，花开绿瓣，因此得名。子墨表弟，你什么时候返回的家族？绿桃峰入口有着族人守卫，见到陈子墨，笑着说道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仁表兄。” 子墨刚回家族，族长有令，返回家族后立马前往族长洞府。哦，那我就不再耽误子墨表弟，面见族长要紧。陈子墨走上绿桃峰，直奔族长洞府而去。族长，侄孙子墨求见。在族长洞府外，陈子墨恭敬叫道：“咔！”话音刚落，洞府石门打开。子墨，进来吧。走进洞府，洞府相对宽敞，灵气也比洞府外浓郁很多。这算是陈族领地最好的洞府之一了。 不过，几个最好的洞府都在绿桃峰上，灵脉就在其下方。一个头须皆白、面色苍老的修士笑着望向陈子墨走来，拜见族长。陈子墨躬身行礼。陈德松在见到陈子墨的瞬间频频点头，可以看出是相当满意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确实如周克长老所说，气息浑厚，根基扎实。来，把封印解除，让我看看，是不是真的如周克长老所说突破炼气五层。是”是族长。 侄孙遵命。陈子墨解除封印，炼气五层的气息显露无疑。哈哈，好！陈德松开怀大笑，甚至愉悦。子墨虽然突破炼气五层，不过要戒骄戒躁，继续努力修炼，争取早点突破炼气六层。陈德松在听到陈子墨突破炼气五层的消息，当时以为是在和他开玩笑，此刻真真切切发现，在眼前依然是不可置信。要知道，陈子墨的灵根可是中品，想要突破哪有这么容易？ 何况，就算是在一月之前得到不少修炼资源，没有合适的修炼洞府，想要突破，不可能这么快达成。如此看来，陈子墨虽然灵根不佳，但修炼天赋却是不凡。如果能加以培养的话，说不定能成为第四代中第一个突破练气六层的族人。陈德松也在愁啊，第三代修为最高的也就练气七层，而且没有任何可能再进一步。他们的寿元都比较大了，错过了突破的最佳时机。一旦他寿元耗尽时，谁能接替族长之位？ 带领家族继续存留，成为了他心头大事。他已经五几年寿元，希望能在这最后几年中，第三代没有指望，只能期待第四代族人看到一丝曙光，将族长之位传承下去。陈子墨重重点头，说道：“族长放心，子墨一定努力修炼，希望能尽早帮到家族，分担家族一份责任。”陈德松越看陈子墨是越发满意，以前对陈子墨几乎是透明的存在，毕竟陈德松他的位置决定必须关注家族灵根资质绝佳的族人。 他们才是家族的希望。陈子墨手中出现几只储物袋，说道：“族长，所有的资源都在储物袋内。”陈子墨将几只储物袋递给陈德松，陈德松没有拒绝。家族资源枯竭，正等着这些资源解决燃眉之急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这些资源基本都是你获得，有多少资源兑换成多少贡献点，到时如果需要资源，你再去兑换。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这三年子墨管理仙宝商铺。” 可未能给家族带来任何收益，算是侄孙的补偿。陈德松摇摇头说道：“子墨，不能怪你。”从洞府离开后，直接前往五长老那领取贡献点即可。我会交代。陈子墨没有再推辞，点点头说道：“多谢族长。”陈德松问道：“子墨，接下来你作何打算？”陈子墨如实说道：“族长，我准备前往灵泉闭关三月。”陈德松手中出现一只药瓶，递给陈子墨说道：“子墨。” 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到你，药瓶内有几粒聚气丹，闭关时可以用到。陈子墨没有拒绝，这可是聚气丹，对修为突破极其有用。顺势接过，多谢族长。到此时，陈子墨知道他该离开了，正准备说告退时，陈德松问道：“子墨，你身上可还有灵石？”陈子墨一愣，这话何意？难道族长不相信他，还私藏灵石了不成？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侄孙已将灵石全部交出。” 已无一枚灵石。本来陈子墨确实需要留下一些灵石，闭关时需要用到。不过看到家族处境，还是全部交了出去。但族长不相信他，让陈子墨的心情有点低落。陈德松拿出一只储物袋递给陈子墨，说道：“留着一些在身上，何况你要闭关，不用全部交出。”陈子墨愣住，原来是他多想了，误会了族长。此刻在埋怨自己，怎么会生起这种念头？虽然家族日渐势微，可族人相对团结，族长更是为家族不遗余力。 如果不是第三代族人无法接任族长之位的话，族长早已将族长大位交给了第三代，哪里还会在寿元快耗尽时还劳心劳力，颐养天年？多好！族长侄孙有错，误会了您的话。他的反应，陈德松怎么会看不出来？就算掩饰很好，在他面前也暴露无遗。陈子墨直接说出这样会更好，免得有所隔阂。哈哈！陈德松大笑出声。子墨，你能如此，老夫甚是欣慰。家族虽然面临困境。 可是家族团结一心，总会突破困境，迎来曙光。去吧，争取早日突破炼气六层。侄孙告退。等等，族长还有何吩咐？修为提升的事情暂时不要暴露，还有在碧云城发生的事情，一个字不准向其他人透露，包括周青和白兰。陈德松笑容消失，苍老的脸庞极其严肃。陈子墨重重点头，他知晓事情的重要性，一旦泄露，以家族目前的处境，只有覆灭，没有其他可能。第二十一章。 见父母，离开前，陈子墨重新封印修为，连陈德松都大为好奇，就是他也无法感应。不过陈德松并没有询问。陈子墨离开族长洞府后，直奔一个方向而去。一座简易的洞府内，灵气与族长的洞府完全是天上地下，很是稀薄。洞府内有两道身影，一男一女，男人中年模样，女人面容相对普通，有几道浅显的皱纹在脸上显现。夫君 <noise>，孩子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中年人正要说话。 石门外传来一道声音，女子直奔而去。娘，石门打开的刹那，一道身影出现在女子的视线中。女子喜极而泣：“我的孩儿终于回到为娘身边了，快让娘看看。”女子将这道身影仔仔细细的打量一遍。三年间瘦了。这道身影正是陈子墨。那女子乃是陈子墨的娘亲白兰，出身白氏家族，当然是白氏家族最普通的族人，灵根比陈子墨还差，乃是下品灵根，五种属性。 白兰如果看其面庞，可能觉得年纪不太大。可是陈子墨知道，娘亲已经过了七十。不过对于修士来说，炼气期已经突破了凡人寿元的禁锢，有着一百五十年的寿元。当然，这是极限的情况，但轻松突破百年寿元没有任何问题。目前，白兰炼气三层的修为，在修炼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什么创伤损耗。如果正常，还有着六七十年的寿元。陈子墨听到娘亲居然说他瘦了，心头一阵无奈，不过也能理解。 这大概是每个父母都期盼自己的孩子过得好，不会有任何困境吧。陈子墨看着娘亲脸上渐显的皱纹，心中一痛。三年前的时候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，仅仅是三年就苍老很多。现在真正体会到，娘亲以修士的寿元看起来不大，可却是真的老了。娘，孩儿让娘亲担心了，以后孩儿不会离开娘亲身边如此长时间。白兰眼泪止不住，这是幸福的眼泪，眼中有着欣慰，孩子懂事了。此时，一道中年身影出现。 爹，陈子墨叫了一声，他正是陈子墨的父亲陈周清。陈周清属于陈氏家族第三代，灵根与陈子墨一样，中品灵根，炼气五层的修为。陈周清看起来比较稳重，脸庞无喜形于色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子墨，进来吧。”“对对对！”乔姨娘高兴的把孩子还晾在外面，孩子赶紧进来。说着，白兰牵起陈子墨的手进入洞府内。“孩子，这一路一定很辛苦吧？为娘去做一顿好吃的。” 为你接风洗尘，陈子墨拉住白兰说道：“娘亲，孩儿不累，不用忙了。三年未见，坐下来话话家常。”陈周青此时说道：“子墨，咱们一家三口，三年未聚在一起，吃上一口饭，趁此机会正好弥补。”陈子墨终于没有拒绝。修士虽然已经不用每日三餐，行饱腹之欲，可练气期修为还是无法做到完全辟谷，一段时间需要进食。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用膳完毕后。 陈子墨几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，当然是和娘亲白兰。从小到大，父亲陈周青在他眼中极其严厉，从来不苟言笑。大了以后，陈子墨依然敬畏。两人的话很少很少。子墨，这三年可发生什么事？爹，没有什么大事。不过孩儿在一月前修为突破练气五层。陈周青疼的站起，不可置信的望着陈子墨，哪里还有稳重的样子？孩子，你你是说突破练气五层？ 一旁的白兰在此刻惊呼不已：“炼气五层啊！陈子墨才多少岁？二十四而已。不过还有三个月就到二十五了。可在这个年龄突破炼气五层，是他们不敢想象的事情。陈子墨是什么灵根？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。陈周清一样的灵根，可依然还是炼气五层。恐怕此生想要突破炼气六层，已经是不可能了。”陈子墨点头，眼神坚定。虽然有些事情无法告知父母，但修为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。 让父母知晓，也能让他们高兴高兴。好,好,好，好，好！陈周清连说三个好字。哪个父母不想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？这是天下父母的心愿。陈子墨在这个年纪能突破炼气五层，那就有很大的希望突破炼气六层，甚至有着那么一丝几率成为炼气后期修士。陈氏家族除了族长、五大长老与陈周克外，还有谁突破炼气后期？没有想到他的孩儿有一日希望实现。可是。 陈周青内心自责，想要继续突破，以他们的灵根需要的修炼资源太过庞大，想要帮到陈子墨，心有余力不足。陈周青疑惑的说道：“子墨，可你的气息为何是炼气四层？难道隐藏了修为？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爹，没错，孩儿确实封印了一层修为。不仅是孩儿想封印，族长也做出了要求，尽量不要暴露。”“对对对，族长说的没错，夫君，孩子突破炼气五层的事，我们可不能暴露出去。” 正常来说，如果没有提醒的话，他们还真的会将此事到处宣扬。这种扬眉吐气的好事，谁不想迎到众人羡慕的目光？但他们也知道这样可能会害了陈子墨。陈周青点头，陈子墨解除封印，尽量控制气息不泄露出去。陈周青见到陈子墨的气息比他厚重不知多少，差点开怀大笑。中品灵根怎么了？一样能超过那些上品灵根的修士，将来的成就他们可比不上。孩子，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杨青。 孩儿得到灵泉令牌，接下来三个月闭关修炼，希望能有所提升。恐怕又要离开娘亲身边一段日子。白兰笑容满面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必牵挂为娘，尽管去闯，累了再回到为娘身边。”陈子墨心中一酸。不久之后，陈子墨离开了洞府，回到自己的洞府中，没有立刻前往灵泉闭关，准备先调整一番。夫君，孩子突破必然需要庞大的资源，可怎么办？要不……第二十二章灵泉。 要不我回白家一趟，看能不能想点办法。白家你还不清楚，别去了，这事交给我便可。陈子墨并不知晓后面的事情，盘坐在洞府内梳理自身，同时恢复到最佳状态。三日后，陈子墨离开洞府，又去了父母的洞府一趟。不过这一次，父亲陈周清不在，娘亲白兰只是说暂时出去了。之后，陈子墨来到了绿桃峰，准备前往灵泉闭关修炼。只有灵脉才能形成灵泉，而灵脉在绿桃峰下。 自然需要来此。沿着绿桃峰，陈子墨来到了一处灵气充沛位置。六长老，侄儿子墨过来申请灵泉修炼。陈子墨对着面前的老者恭敬的说道。老者乃是家族六长老陈周九，炼气六层修为，不过已经来到了巅峰，差一步突破练气七层，成为炼气后期修士。可就是这道瓶颈，生生将陈周九掐断在此。以陈周九的年龄，再想突破，已无可能。老者与陈子墨的父亲一样，都属于家族第三代族人。 不过他们的年纪却是相差很多，对修士来说实属正常。陈周九面带笑色说道：“子墨恐怕需要再等等，目前灵泉都已占满。不过你的运气不错，有一处灵泉今日就会腾出来。”前一句话，陈子墨心中咯噔了一下，他知道如果被占据，修士闭关都是很长时间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利用上灵泉修炼。还好下一句话让陈子墨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多谢长老，侄儿就在此等候。 陈子墨也怕，到时那个族人离开灵泉，又被其他的族人占据。灵泉有限，很多族人都在等待。不过，也不是哪个族人都能享用。那些灵根资质一般的族人，就算他们拥有足够的条件，能兑换令牌，以目前家族的处境，恐怕也不会发放，会留给那些家族中资质较好的族人。陈子墨之所以能拿到，与很多因素有关。陈周九点点头，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如果你对突破炼气五层很有把握的话，老夫倒是建议。” 灵泉的名额不要轻易使用，留到突破炼气六层时再来。炼气五层突破到炼气六层，你还不知道它有多难。不依靠灵泉，只凭你的灵根资质，再加上修炼资源，恐怕……陈周九不想打击陈子墨，可事实就是如此，有必要提醒。多谢六长老，侄儿已经考虑清楚。陈周九点点头，没有再多说。毕竟陈子墨只有中品灵根，想要突破炼气六层，几率很小很小。现在用于突破炼气五层的话，成功的几率更大。 如果陈子墨是上品灵根，他倒是会再劝说。不过，如果真是上品灵根，劝说作甚？家族的处境，想要走出困境，希望都在他们身上。家族的资源都在向他们倾斜，灵泉也不例外。一个时辰过去，终于有一道身影出现，面容娇美，皮肤白皙，一身白衣，清新淡雅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家族第四代族人陈子晴，六长老子墨表弟，你也来了。 陈子晴先是恭敬对着陈周九行礼，紧接着和陈子墨打招呼。子晴表姐，陈子墨回应道。陈子晴的年纪比陈子墨大一点，不过大不了太多，只相差不到一岁而已。但他俩的灵根可相差很多。陈子晴有着上品灵根木土水，以木为主，而且占据主导。两人的修炼资质可谓是天差地别。只不过现实却是，此刻两人的修为却是一样，都是练气五层。 陈周九在见到有人要出现时，脸色极其期待，但见到的瞬间，眼神暗淡下去，说道：“子晴又突破失败。”陈子晴倒是非常看得开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辜负了六长老的期待，子晴心中有愧。”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灵泉突破炼气六层的修为，在所有人看来十拿九稳的事情，却是出现了意外。陈子晴可谓被家族极其看重，是家族的希望，也是家族灵根最好的族人。就算是上品灵根，也有差异。 陈子晴明显比族中其他的上品灵根族人要好上不少。六长老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练气六层拦不住你，相信很快就能突破。”多谢六长老，子晴一定加倍努力。陈子墨在一旁并没有出声，心中腹诽：一边叫人家不要有心理压力，一边又施压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陈子墨还不知道陈子晴在此前失败过一次，不过六长老的话绝对让陈子晴的压力更大。陈子墨也觉得练气六层。 对陈子晴来说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他是第四代族人中最有可能突破炼气后期的人。几人没有再多说，陈子墨也要赶紧闭关修炼。陈子墨将令牌交给六长老后，向着入口深处而去。一直在往下前进，灵泉在绿桃峰下，越往下灵气越浓郁。终于来到了地底，隔出了五间洞府。陈子墨打开阵法，走入其中一间空出的洞府。刚入其内，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，还有一股淡雅之香。 陈子墨一阵清爽，好不舒畅。陈子墨第一次来到灵泉，终于体会到灵泉的妙处，对修士来说绝对是天堂。如果一直能在灵泉中修炼，该多好！不过灵泉毕竟不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需要适度。陈子墨盘坐下来，那是体内丹田内那粒种子比最初的状态要大上一些，恐怕是吸收了灵气的缘故。渐渐的，心绪平复下来，陈子墨运转青木诀，接引灵泉中的灵气，开始修炼。 灵气急速向着陈子墨的肉身涌来，进入到丹田内，还是如之前一样被丹田中的种子吸收。刚开始，陈子墨还小心翼翼、缓慢运转青木诀，怕灵泉中的灵气太过庞大，对自身产生影响。可陈子墨多虑了。首先，青木诀的功法品阶就比较一般，再加上他的灵根资质，就算是将青木诀运转到极致，也没有任何影响。吸收灵气的速度不可能会怎么样。不过，有了那粒种子，还是有着明显的变化。此时吸收灵气的速度。 第二十三章炼气六层，首先吸收灵气的速度快了将近一倍半，这是巨大的飞跃。更关键是灵气的利用率更是提升两倍有余。灵根还是那个灵根，可却能与上品灵根相比了，甚至接近顶级上品灵根。陈子墨的修炼天资变相的提升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上品灵根修士无法与之相比，灵气的质量。吸收的灵气经过那粒种子的转化后，明显提升了一个等级。如此时灵泉中的灵气只是来自一阶灵脉。 与二阶灵脉相比，不仅灵气容量小，灵气质量也不如一阶灵脉，无法支撑一个炼气期修士突破筑基期的要求。筑基期在突破时，不仅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灵气支撑，还需要更高等级的灵气质量。那些炼气期家族想要诞生一位筑基期修士，可想而知有多难了吧？不过，家族中并不是没有二阶灵脉就没有了突破的希望。大荒域有不少洞府出租，提供给修士闭关突破，唯一的难处就是需要花费巨量的灵石。 或者有修士幸运能发现未占据的二阶灵脉，或者得到了天才、地宝等重重机缘，都能满足突破修为的需求。只有三个月期限，陈子墨抓紧时机，全力运转青木诀，希望能有所突破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陈氏家族依旧如常。不过家族天赋出众的族人得到了一些资源，每日来绿桃峰打探，希望能利用灵泉修炼。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，这一日，一道倩影出现，六长老子晴过来申请洞府修炼。陈子晴眼神急切。 望着六长老陈周九，陈周九迟疑的说道：“子晴，这现在灵泉洞府已满，没有多余的名额。陈子晴想要进去修炼，除非将其中一个族人带出。可是每个进入其中的族人机会极其难得，有哪个愿意拱手相让？更何况进入其中的族人都有不短的时间，说不定到了关键时刻，此时打扰前功尽弃不说，更有可能一直受到严重影响，对以后的修炼极为不利。”陈周九说道：“子晴，老夫明白你的急迫心情。” 不过不能操之过急，也无需太大压力。等完全调整过来后，再进入灵泉突破也不迟。陈周九还是没有答应，反而是劝解陈子晴。他也明白，陈子晴肯定是极其想要突破炼气六层，如果无法调整，恐怕要心生心魔，成为他修炼道路上一道极难逾越的坎。陈子晴焦急地说道：“六长老，子晴因为有所感悟，这次肯定没有任何问题，必须抓住这个机会。如果错过，恐怕下次再想领悟突破修为，不知是什么时候。” 陈周九半信半疑，不过以他对陈子晴的了解，应该不会说谎。陈周九十分为难，陈子晴突破对家族来说绝对是大好事，可让其他的族人在此刻退出，会不会心生不满？如果要退出，选择哪个族人？陈周九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陈子墨。此时在灵泉洞府闭关的族人中，陈子墨的灵根修炼天赋最差。见到陈子晴焦急的眼神，陈周九说道：“子晴，你先等等，此事老夫无法一人决定，你也知道。” 灵泉洞府已满，不可能强行将他们带出。说着，陈周九拿出传音符，将事情告知给了族长。在洞府中的陈德松接到传音，得知陈子墨也在里面，明显的意思是要将陈子墨移送出来。陈德松沉默半响，给了回音。陈周九接到族长的传音后，说道：“子晴，族长让你去他洞府一趟。”陈子晴焦急万分，可不得不同意族长的命令。陈氏族人无人敢违背。快去吧，相信你的事情。 组长会解决，陈周九哪里看不出，安慰的说道。虽然组长没有在传音符内说明，不过陈周九也猜测出了大概。陈子晴是家族天之骄女，是家族最大的希望，突破炼气六层这等大事，组长怎么可能会轻视？陈子晴快速向着组长的洞府而去。在灵泉洞府内，一个修士突然睁开双眸，眼神中有着不解，更有着遗憾。灵泉突然灵气消失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每次灵气供应都是绝对充足。 一旦快要见底时，就会暂时关闭灵泉洞府一段时间，等重新充足后再开放。既然他们能来到灵泉中修炼，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。他刚刚修炼到最关键的时刻，突然停止，几个月的修炼化为泡影，如何甘心？可是能怎么办呢？起身站起，打开阵法，走出灵泉洞府。四人望着对方，脸色暗淡，眼露疑惑。子平表弟，你也是被迫中断闭关？陈子平正是那个修士。 陈氏家族第四代族人，炼气五层的修为，上品灵根。陈子平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瑜表兄，相信你也是如此吧？记得你比我还晚进入灵泉洞府修炼，期限应该还未到。唉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灵泉突然枯竭。算了，先将此事汇报给六长老，问下到底是什么原因。”说着，四人朝着上方而去，在离开前看了另一个洞府一眼，不明白为何没有出来。灵泉洞府内突然一阵强大的气势。 从一个修士身上爆发开来，巨量的灵气疯狂的涌入其肉身内，灵泉中的灵气正在快速锐减，直到耗尽前的那一刻，轰，气势突然猛增到了极点，渐渐的缓慢的缓和下来，肉身爆发的气势也在一点点收回体内。呼，盘坐着的身影长长呼出一口气，睁开双眸，两道金光闪过，脸露狂喜之色。此人正是陈子墨，没有想到在灵气耗尽的那一刻突破修为瓶颈。 晋升练气六层，得到那粒种子后，短短半年多时间，改变了太多。练气六层的修为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陈子墨握了握拳，感受到了强大的实力。练气六层果然提升了一大截，这已经是练气中期最后一小节修为，接下来就是练气后期了。陈子墨沉寂,寂在其中之时，阵法外有声音响起。第二十四章，灵脉受损。陈子墨惊醒，看向灵泉，已经完全枯竭，估计要引起动静。 急忙运转无声无息诀，封印修为，脸露愁苦之色，打开了阵法。六长老陈周九见到陈子墨身上散发的气息，依然还是炼气四层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可知晓灵泉为何耗尽？”陈子墨脸上愁苦之色更浓，叹气道：“六长老，侄儿也不清楚，侄儿还准备过去请教长老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灵泉为何突然枯竭？我修炼到最关键的时刻，有着不小的希望突破修为，就此中断。” 下一次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，唉，陈子墨又是叹气一声。陈周九安慰说道：“子墨，不要灰心，相信很快就能突破修为。”他也见到陈子墨练气四层，气息非常浑厚，到达了顶峰。只要有所领悟，足够的灵气资源，突破练气五层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他也为陈子墨感到惋惜，错过如此大好机会，以陈子墨的灵根，真的有可能大受影响。陈子墨点了点头，正要说话时，一道人影出现，拜见族长。 灵泉出世，陈德松当然极其关心，脸色有着焦急。这可是家族根基之一，灵泉关乎灵脉，灵脉一旦出世，陈氏家族恐怕要彻底完蛋。除非再寻一处灵脉之地，可是想要得到灵脉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去抢夺其他占领的灵脉？想什么呢？去寻找未知的灵脉？希望渺茫。陈德松点点头，没有开口，心思都在灵脉上，赶紧查看，眉头紧锁，很快松了一口气。陈周九问道。 族长，怎么样？灵脉受损啊！陈周九震惊不已，焦急的问道：“族长，灵脉还能维持多久？”灵脉受损，如果严重的话，估计灵脉也要渐渐萎缩，逐渐枯竭。到时家族无灵脉支撑，不要说族人修炼，防护大阵也无法再运转。陈子墨在一旁暗暗自责，灵脉受损全是他的责任。如果早知道会如此的话，陈子墨绝不会在灵泉中修炼。虽然突破了炼气六层，可付出的代价。 极其惨重，陈德松说道：“还好不是很严重，不过灵脉从一阶上品掉落到中品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灵脉没有彻底损毁，只是掉落一个品阶，说严重也不严重，但对陈氏家族的未来有着极大的影响。以后陈氏家族的处境会越发的艰难，想要诞生炼气七层的修士越来越难了。可以预见，陈氏家族想要改变目前的困境，希望已经中断，接下来只会是越来越弱。”三人心情极其沉重。 六长老召集众长老来老夫洞府商议要事。子墨，你先跟我过来。是，族长。陈周九通知各个长老前往族长洞府商议灵泉之事。陈子墨跟着陈德松来到他的洞府，陈子墨自责无比，说道：“族长，侄孙有罪。灵泉受损的根源与侄孙有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陈德松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。灵泉正常来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突然发生枯竭，任谁都无法一时承受。而陈子墨在里面闭关，陈德松有种预感，觉得有可能与他有关，才将陈子墨叫到了洞府。没有想到，预感没错。陈子墨解开封印，炼气六层的修为展露无遗。陈德松露出震惊之色，无以复加的表情，久久无法平静。陈子墨突破炼气五层才过去多久？如此短的时间内，修为突破炼气六层，这还是一个灵根中品资质的修炼天赋吗？子墨。 难道你的灵根检测有误？陈德松逐渐平复下来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，说不定是灵根测试时测试有误。实际陈子墨的灵根天赋远高于中品灵根，可是陈子墨父母的灵根极其普通，陈子墨的灵根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。不过这也不是绝对，还是有着微小的几率产生异变，诞生极佳的灵根。陈子墨摇摇,摇头说道：“族长，侄孙也不知晓，不过应该不会有误。此次有所突破，可能与侄孙的顿悟有关。” 进入顿悟的时刻，灵气巨量涌入，侄孙才有机会突破。什么？子墨，你是说你进入悟道之境？陈德松平复的心绪再一次剧烈波动起来，实在是太过震撼。顿悟啊！顿悟对修士来说乃是逆天机缘，可遇不可求。一旦顿悟，说不定悟性大增，就算灵根不佳，对以后的修炼也有着极大的帮助，至少上限提升了很多。陈德松看向陈子墨的眼神已经无法看透。 陈子墨改变了太多太多，与之前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，让他觉得陈子墨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族人。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逝，没有太多的疑问。陈子墨的修炼天赋越高，对家族来说越是一件大好事。子墨，先封印修为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运转无声无息诀，气息快速下降，很快来到炼气四层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如果之后再突破修为，你也不可能一直将修为封印在炼气四层，需要找个机会。” 再提升一些。这话说完之后，洞府外已经有声音响起：“拜见大长老！”陈子墨赶紧行礼。来人正是陈氏家族大长老，第三代族人陈周岩。进入洞府时，陈周岩脸色凝重，忧心忡忡，点了点头。族长想要开口时，陈德松阻止道：“等其他长老来了再商议。”陈周岩点点头。陈子墨站在一旁也没有出声。陈德松也没有再开口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家族长老会议。” 侄孙就先告退了。确实，他一个四代族人，接下来商议之事都是一些长老，还是三代以上的族人。再待在此处有点不合适。主动开口，大长老陈周延没有关心此事。陈子墨一个普通族人，当然不可能参与他们之事。但让他意外的是，第二十五章通婚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你也留下来吧。”陈周延不解的望着陈德松，可陈德松并没有解释。再仔细打量了一眼陈子墨，炼气四层的修为依然没有任何改变。 族长居然开口，让一个家族四代普通资质的族人参与接下来的要义，他实在无法想明白。不过陈周岩也没有多言。没有多久，又有五人来到洞府中，除了陈子墨以外，这七人是陈氏家族绝对的高层，权力基本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分别是族长陈德松，炼气九层修为；大长老陈周岩，炼气七层修为，已经到了顶峰，可想要突破炼气八层，遥遥无期。二长老陈周立，炼气七层修为，负责刑罚殿。 三长老陈周生，炼气七层修为，负责传功殿。四长老陈周武也是一样，炼气七层，负责宫宝殿。五长老陈周雀，炼气七层，负责任务殿。还有一个就是六长老陈周九，炼气六层修为。本来以他的修为，不可能坐上这个位置。在家族之中，还有一位炼气后期的修士，乃是陈子墨的二叔。只不过陈周克主动放弃，甘愿做一位普通长老。以陈周克原本的寿元，不可能出现两鬓斑白。 可是，在突破炼气七层时发生意外，灵根受损不说，寿元大量流逝，造成如此。最后虽然突破成功，可成为了废人，寿元已无多。陈周客在那段时间心灰意冷，沉寂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。众人的脸色显得极其沉重，洞府多达八人，却是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族长陈德松打破沉寂，说道：“灵脉受损的事情，相信诸位长老都已知晓。我族已经到了绝境，老祖开创的祖业绝不能毁在我们手中。”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当前的困难，解决目前的困境。大长老，你可有办法？陈周岩沉默半晌，说道：“族长，当务之急，寻找一处新的灵脉，才能解决家族急需。这众人都知道，可是从何处得到灵脉？抢？以陈氏家族目前的实力，无疑是在找死，加速陈氏家族灭亡的时间。”陈周岩继续说道：“族长，此次商议结束后，我将离开家族，全力寻找未知的灵脉。如未找到，” 绝不回家族，将一直寻找下去。陈周岩抱着誓死的决心，绝不给自己任何退缩的理由。作为陈氏家族大长老，却无法为家族出一份力，分担一份忧，心中惭愧自责无比。此刻更是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，必须当仁不让，身先士卒。大长老，你……陈周岩阻止道：“族长，你不必规劝，我意已决，绝不会退缩。”看到陈周岩心意已定，陈德松也没有再开口，这是最佳的解决方式。 如果真的能找到新的灵脉，对家族来说重新带来了希望。望向二长老，说道：“二长老，你可有办法？”作为刑罚殿掌控者，陈周立摇了摇头，他没有什么对策，说道：“族长，我认为大长老的话言之有理，我也去寻找新的灵脉吧，这样寻找到灵脉的几率更大一些。”三长老陈周生说道：“族长，灵脉虽然极其重要，但族人才是关键。我族之所以到如今这种局面，一是修炼资源不足，但更关键是没有诞生资质绝佳的族人。” 无法支撑家族领地，从而不断散失。接下来，一方面寻找新的灵脉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事情，如何提升家族人的灵根资质？只要诞生一位灵根资质绝佳的族人，灵脉根本不是问题。突破练气六层后，可以到外界租住洞府，攻其修炼，全力培养。如果能晋升至筑基期，那我族还缺少灵脉吗？这才是解决我族目前困境的唯一办法。陈周生作为传功殿长老，有着清醒的认识，看着家族资质平平的族人。 内心早已是担忧不已。其实，陈德松等人也十分清楚。陈德松说道：“三长老，那你说如何才能解决通婚？”陈周生干净利落的说道：“只有通婚才能解决家族灵根不佳的问题。家族第四代族人中，只有子晴的灵根还算可以，可也困在了炼气五层。子平几人的灵根虽然也有着上品灵根，可是却是最低等。接下来，家族连中品灵根的族人都极少，绝大部分是五品灵根。家族的未来极其堪忧。” 只有通过通婚才能解决家族灵根不佳。虽然我族和白家一直保持着通婚状态，可大家也知道，自从老祖先世后，白家提供通婚的女修灵根是越来越差。近一百年，更是连一个中品灵根的女修都没有，全部是下品灵根。我们是该选择其他的家族了。陈子墨的娘亲就是来自白氏家族，灵根五种属性。陈德松沉默，他如何不想？可是以陈家的处境，其他的家族会将资质优良的族人与陈家通婚？ 不可能的事，这等于是一句废话。陈子墨坐在一旁，一直默不作声，只是耐心的听着。陈周岩叹声道：“三长老，通婚谈何容易？如果需要将他族资质绝佳的女修嫁到我族，我族必须以同样的条件对等。可我族中只有子晴一人的灵根尚可，不行。子晴乃是家族的希望，绝不能嫁往他族。”陈周岩的话音刚落，四长老陈周武断然拒绝，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其实陈周岩也没有说。 要将陈子晴嫁到其他家族作为条件，这不是饮鸩止渴吗？陈周丽说道：“以我们现在的条件，想要与其他家族通婚，得到资质优良的女修是没有任何可能。但可以下降一些要求，不要出现与白氏家族一样，都是一些下品灵根，中品灵根也可，一步步改善。通过与我族上品灵根的族人结合，这样诞生上品灵根的希望更大一些。”第四代族人中，上品灵根的几个族人也到了适婚的年龄，其他家族暂时没有什么希望，还得从白氏家族入手。 听说他们家族有一女修，中品灵根，与子平情投意合，说不定能谈成。众人都知晓此事。白灵，第二十六章培养族人。众人不断商议通婚之事，最后定了下来。陈德松说道：“二长老，灵脉的事情就交给大长老负责，通婚之事由你和三长老共同负责。通婚乃是家族头等大事，需要极其重视。”陈德松怕三长老一人无法应对，让其与二长老一同负责。陈周丽点点头。 表示答应。此时，陈德松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也年纪不小了，也该考虑婚姻大事，为家族传承做出一份贡献。可有中意的女子？”陈子墨在头脑中浮现一人的身影。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族长侄孙还不急，当前的任务还是提升修为。至于婚姻大事，也会认真考虑。”陈周生有点不满，说道：“子墨，提升修为虽然重要，但是家族传承更重要。你虽然是中品灵根。” 在家族来说也不算很差，通婚是家族未来重要的大事，你必须全力配合。陈子墨如何回答？难道公然反对？之所以会提出通婚大事，还不是灵脉受损，还不是因为他的原因。可陈子墨心中真的没有通婚的念头，当前所有的心思都在提升修为上。只要修为突破炼气七层，达到炼气后期，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。怎么不满？陈周生见陈子墨沉默不语，脸色难看，能在此处。 旁听他们的谈话已经是荣耀之事，现在却是第一个用行动反对他，如何不气？这可是关乎到家族未来生死存亡的大事，绝不能有丝毫的意见。陈德松说道：“三长老，此事接下来再议。”接着继续说道：“灵脉与通婚是其中的两项举措，可还有其他的办法？”视线望向四长老陈周武与五长老陈周却。陈周武低头沉思，陈周却说道：“族长，家族困境不仅于此，族人资源修炼极少，归根结底。” 没有资源来源。自从家族炼器师和炼丹师离世后，家族越发的艰难。家族需要培养新的炼丹师、灵药师、炼器师、符文师。如果能诞生的话，相信家族缺少修炼资源的困境能得到些许的改善。陈德松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武长老，你说的没错。但这些年，家族一直在培养，本来炼器师还有着一些希望，能培养出一位族人。可是周五长老意外身亡，也在此中断。再加上家族资源本来就不足，想要再全力培养，哪有这个资源？” 家族落败时，百无一顺。五长老说道：“族长，虽然困难，可我们不能坐吃山空。子瑜有着一些练气天赋，而且有着可能炼制出一阶法器，成为炼器师。我们应该全力培养，就算耗费资源，如果能成功，对家族的帮助很大。”陈德松没有立刻回应，而是望向其他长老，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你们是否同意？”众人点点头。大长老说道：“族长，我们之前太过优柔寡断，畏首畏尾，造成如今的困局。是时候壮士断腕。” 破釜沉舟了，好，那就全力培养子瑜，希望他能突破一阶炼气师。既然要破釜沉舟，接下来召集族人，全力挖掘、测试哪些族人有着炼气、炼丹、炼符等天赋，全部全力培养。此刻，陈德松终于拿出了决心。如果家族真的能培养出几位族人，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这事就交给四长老和五长老负责。商定了事宜，选定了负责人，这次的商谈也要结束了。每个人的脸上。 依然是忧心忡忡。虽然提出了很多解决之道，可有哪项行得通呢？培养炼器、炼丹等族人是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局；通婚是为了家族的未来；灵脉作为家族的根基，也是不可或缺，是能否维持上述的关键所在。三者缺一不可。陈子墨暗道：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以家族实力作为基础，不然的话，哪个家族会与一个落败的家族通婚？难道吸收一些资质更差的陈氏族人进入他们家族？怎么可能呢？ 这条路目前来说困难重重，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话，通婚也能解决某些危机。一旦陈氏家族遭到危机，也能向通婚的家族求助。唉，陈子墨心中叹气，很难很难。最后快要结束时，陈德松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有何建议？”其他长老毫不在意，一个中品灵根、炼气四层的族人，他的建议能有什么分量？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？众人都认为陈德松子所以这么问。 作为族长的立场，照顾到在场的每一个族人。陈子墨没有在乎他们的反应，说道：“族长对于通婚之事，侄孙有一些想法。”陈周生脸色难看：“混账！到现在你还要反对？你可知道家族目前的处境有多难？之前陈子墨就没有同意，虽然没有公开反对，可是拒绝通婚已经显露出他的决定。”陈子墨并没有气恼，陈德松说道：“三长老，先听子墨说完。”不仅是陈周生，其他几位长老。 也是十分意外，族长到底是怎么了？对陈子墨的态度改变太大，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。陈德松也没有解释，现在的陈子墨可不是当初。练气六层的修为，在陈氏家族已经是长老级别，第四代族人中更是第一个突破练气六层的族人，他如何能不重视？虽然陈子墨的灵根乃是中品，可陈子墨给他带来的冲击实在太过巨大，说不定能成为练气后期的修士，乃至成为家族的中流砥柱。 一个修士能顿悟，这是多大的机缘啊！陈子墨说道。三长老，子墨没有想要反对，反而极力赞成通婚。陈子墨极力表明态度，确实非常赞成。家族灵根资质问题不解决，以后会越来越差，最终只有一个结局：陈氏家族越来越弱，被其他势力蚕食，覆灭于历史长河。陈周生脸色缓和下来。陈子墨继续说道：“但我们也知道，以家族目前的处境，想要与他族通婚可能性极低。可以这样。” 第二十七章，前往天阴山脉。可以这样：一是寻找那些女散修，如果资质尚可，吸收进入家族；二是联系那些更弱的家族，可以给到一些好处或者一些承诺。不过，上述两条，想要改变家族灵根的希望依然渺茫。对于陈子墨的话，众长老直接无视，特别是陈周生两人，他们本来就计划这样做，还用你废话，浪费大家时间。陈子墨继续说道：“想必就算子墨不说，家族也已经考虑到这些。第三条。” 才是子墨的建议，我们可以前往凡人领地与凡人通婚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陈氏虽然势微，可祖上也是筑基家族，怎么能与凡人通婚？绝对不行！陈周生第一个反对。陈子墨依然很平静说道：“三长老，凡人领地中也有可能有灵根的凡人，虽然几率很小，可只要我们探查，说不定能找到。家族已经是如此境况，此时需要放下成见，这也是通婚最佳的解决途径。可”可三长老。 老夫认为子墨说的有道理，确实可以从凡人中吸纳。此时，陈德松开口：“通婚之事，众人心中都明白，难度极大，几乎是没有希望。凡人领地确实如陈子墨所说，绝对是最佳的解决途径。说不定凡人区域中就有灵根资质不错的凡人，如果吸纳进入陈氏家族，对陈氏家族来说，解决了一大困境；对于那些凡人来说，也是有着极大的好处。如果成功，以后还能源源不断吸纳，不会存在断层的问题。” 大荒虽然是修士主宰的地狱，但凡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修士，可选择的余地太多太多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凡人灵根的事情就交给二长老、三长老负责，其他通婚途径，此事就此决定。”没有多久，众人散去，洞府中只留下两人：陈子墨和陈德松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灵脉受损，无法再提供你突破炼气七层的需求，接下来你如何决定？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不必担心。” 侄孙才突破练气六层，还需要不短的时间积淀，说不定这段时间内已经解决了困境。就算没有的话，也可以前往他处租住洞府修炼。两人在商谈一会，陈子墨离开了。两个多月在离开陈德松洞府后，陈子墨直奔父母洞府而去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在见到白兰的瞬间，陈子墨焦急的问道。只见白兰脸色憔悴，心事重重。白兰欲言又止，陈子墨更加的着急，说道：“娘亲。” 有什么话，赶紧告知孩儿。白兰下定决心说道：“子墨，你爹自从那次离开后，到现在还未返回，也杳无音信，为娘很是担心。”陈子墨一惊，说道：“娘亲，你怎么不早点告知孩儿，爹离开去了哪里？”白兰不敢再隐瞒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爹为了你修炼资源的事，前往天阴山脉。”什么？陈子墨震惊不已，父亲居然为了他修炼资源的事情在操心，同时更是自责不已。 之前就应该和父母说明白，他会有办法，根本无需为他担心。陈子墨急忙问道：“娘亲，那你可知爹去了天阴山脉哪里？”天阴山脉范围太过巨大，如果不知道具体的位置，想要进入寻找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白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爹走的时候也没有说，当时也没有其他去处，前往天阴山脉试试。”娘亲，你怎么不拦着爹？孩儿修炼资源的事情，无需你们操心。你看，说着，陈子墨解开封印。 炼气六层强大的气息展现在白兰面前，白兰震惊到无以复加，感觉像是在做梦一般。两个多月前还是炼气五层，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可思议，现在居然晋升到炼气六层，哪里能反应过来？子墨，你突破炼气六层？陈子墨认真的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娘，所以根本无需为孩儿的修炼资源发愁，孩儿自会解决。孩儿现在就前往天阴山脉寻找爹。”说着，陈子墨就要离开。 子墨，白兰担忧不已。虽然陈子墨修为实力突飞猛进，可进入天阴山脉还是有着很大的危险。如果陈子墨再出事，他恐怕要疯掉。陈子墨握住白兰的手，说道：“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不会有事，会带着爹安然的回到你身边。相信孩儿。”白兰最终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墨，进入天阴山脉后，你要小心。”陈子墨心急如焚，快速离开家族，朝着天阴山脉奔袭而去。没有多久，就来到了天阴山脉最外围。 对于天阴山脉，陈子墨也进入过两次，不过都是在最外围，还有几位族人陪同，没有发生危险。陈子墨眼神坚定，毫不犹豫，身影消失在天阴山脉中。深入五里后，陈子墨犯难了，该从何处去寻找？没有丝毫线索，进入天阴山脉像是一头无头苍蝇，难道到处乱窜？可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只能碰运气了。陈子墨的身影继续在天阴山脉的外围不断的游走，一个人。 就算是想要探寻外围，恐怕都需要数年之久。陈子墨也相信他爹不可能前往天阴山脉深处，以他的实力也到不了那里。三天后，陈子墨的脸色是越发的焦急，也有点憔悴。三天时间，探寻不少范围，可依然没有丝毫的线索。子元，快逃！不，子午堂兄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正在此时，陈子墨听到两声焦急的声响。好！就在此时，一声妖兽的吼声响起。 陈子墨的身影快速消失，直奔声响的位置而去。在出现时，只见两个伤痕累累的修士正在慌张地逃离一头大日焰影狗，一阶初期妖兽散发的气息，差不多对应修士炼气三层的修为，已经快要追击到他们两人。两人眼神绝望，已经不可能再逃离了。可就在此时，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。第二十八章，斩大日焰影狗。两人喜出望外，可紧接着脸色露出焦急：“子墨堂兄，快跑！” 他们也知道陈子墨的修为乃是炼气四层，继续过来的话，也会有着性命之危。大日焰银狗追击到两人不足三丈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朝着两人撕咬过来。陈子墨并没有退离，这两个都是族人，怎么可能放弃？可他的位置离两人还有一些距离，他们两人面对大日焰银狗的攻击，无一击反击之力。刘云刀唤出，奔向大日焰银狗，同时刘云刀率先飞奔而去。强大的威势让大日焰银狗愣住片刻。 好！Oh. 大日焰银狗不甘示弱，怒吼声传出，飞身跃起，前掌向着流云刀拍击而去，是要将其拍成粉碎。也就是这停顿的片刻，陈子墨来到了两人身前。子墨堂兄，别管我们，快跑！两人虽然绝望至极，可依然还在提醒陈子墨。陈子墨暂时无法理会，大日焰银狗已经与流云刀碰撞在一起。哦！好！大日焰银狗惨叫一声，紧接着又是怒吼声传出。 只是一柄奔袭而来的法刀，居然将他击退不说，差一点将他的前掌击伤，如何能承受？继续朝着三人袭杀而来。陈子墨接过法刀，一刀横劈而出，强大的威势直奔大日焰引狗而去。大日焰引狗眼神惊恐，这道威势让他感受到了死亡之威。奔袭而来的动作想要停止，逃离眼前修士，此人不是他所能招惹。只不过他想要逃离，无疑是痴心妄想，做梦罢了。砰！ 陈子墨这一道攻击直接横劈在大日焰银狗的肉身上，就算妖兽肉身了得，可依然抵挡不住他的这道攻击，被横劈成两截。大日焰银狗挣扎几下，彻底不再动弹，气息断绝。陈子武两人惊骇欲绝，愣在了原地。陈子墨的实力居然强大到如此之境，在他们眼中不可一世的大日焰银狗，如此轻易被陈子墨斩杀，呆呆的望着陈子墨，久久无法平静。他们还以为在做梦，一切是如此不真实。 甚至以为已经被大日焰银狗所杀，一时出现幻想。陈子墨来此将他们救出。子午堂殿，你们怎么在这？其他的族人呢、啊？两人正是陈子墨刚回到家族时那几个前往天阴山脉狩猎的族人，只不过只看到了他们两人，其他人不见踪影。陈子武两人才回过神来，脸露沮丧，说道：“子墨堂兄，他们都是被大日焰银狗厮杀，在天阴山脉刚开始还算顺利，可在不久前，我们遇到了几只大日焰银狗。” 这只是其中一只，子墨堂兄，我们快走，说不定另外几只大日焰银狗很快就要过来。吼吼吼！嗷嗷嗷！就在此时，从远处传来了怒吼声。陈子武两人眼神惊恐。子墨堂兄，就是那几只大日焰银狗，我们快走！可陈子墨一动不动，眼中杀意弥漫，盯着声响传来的方向。陈子元说道：“子墨堂兄实力强大，不用怕。那几只大日焰银狗不是对手，他们不来，我们反而要去寻找他们。” 为死去的族人报仇，陈子元倒是平静下来。陈子墨展现的实力哪里还需逃亡，正好报仇雪恨。大日焰银狗很快出现在陈子墨三人的视线中。大日焰银狗见到躺在地上的同伴尸体，吼吼吼！怒吼声更为猛烈，极其愤怒，眼神中的嗜血之光像是要将他们三人彻底吞噬。陈子墨在见到五只大日焰银狗的刹那间，将青云步施展到极致，身影急速朝着大日焰银狗杀去，手中的流云刀不断舞动。 刀身上传来的威势越来越强，沧浪刀诀第一式波涛汹涌，巨浪一浪高过一浪，轰！来到不远处，刀身的威势强大到极点，一刀而出，威势所过之处卷起阵阵狂风，直奔五只大日焰引狗而去。此刻奔袭向陈子墨三人的大日焰引狗哪里还敢继续？见到这道威势如第一只大日焰引狗那般，眼神中惊惧不已，就要逃离。可在陈子墨练气六层的修为面前，只有被屠杀的份。 砰砰砰！刀势威能所过之处，一只只大日焰银狗被横劈，不断倒在血泊之中。轰！又一道攻击而去，最后一只大日焰银狗也在此刻结束了性命。这看似很长，其实只是在转眼之间就已经结束。六只大日焰银狗都是一阶初期，不过有四只散发着炼气三层的气息，另外两只是炼气二层。多谢子墨堂兄为族人报仇雪恨，陈子武两人躬身行礼，大仇得报。 他们心情也不再那么沉重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这几只大日焰银狗，你们收起来吧，到时也能换取一些修炼资源。”陈子武两人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子墨堂兄，大日焰银狗是你所杀，我们不能拿走。不必再推辞，以我目前的实力，这些低阶的妖兽已经看不上。赶紧收起来，不然这里的血腥味会招惹其他的妖兽。”两人点点头，多谢子墨堂兄。说完，两人分别得到三头大日焰银狗，能换取不少修炼资源。 陈子墨说道：“你们伤势不轻，我送你离开天阴山脉，然后你们再返回家族。让他们这样离开，陈子墨着实不放心。在天阴山脉，不仅有妖兽，还有众多的修士，都是危险的来源。此时他们两人如果遇到危险，很难有多少抵抗之力。”将近一天的时间，三人才来到天阴山脉的边缘，中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我就送到这里，你们直接前往家族。多谢子墨堂兄。”陈子武问道：“子墨堂兄，难道你？” 还要进入天音山脉，陈子墨点点头说道：“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必须前往。”说到这里，陈子武等人进入天音山脉不短的时间，问道：“子武堂弟，你们可见到我爹？”在送他们离开天音山脉的途中，陈子墨没有询问此事。陈子武点点头说道：“大概在一个半月前，我们遇到了周青叔父。”陈子墨脸露喜色。第二十九章宝藏，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，急忙问道：“子午堂弟。” 那你们可知，当时我爹准备去哪？陈子武说道：“当时周青叔父与几个散修组队，在天阴山脉内一同前往寻找机缘。遇见时，我们并没有随同前往，毕竟他们的修为都是炼气五层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周青叔父只是叮嘱几句后，很快就和那几人一同离开了。”陈子墨心情沉入到谷底，线索似乎再一次中断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你们可认识那几个散修？现在唯一的线索，只能从那几个散修入手。” 希望能得到有用的信息，陈子武说道。其中一个有着印象，好像是钟安福。陈子墨对此人有一点点印象。作为一个散修，炼气五层的修为还算不错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你们在哪相遇？”陈子武将具体的位置详细的告知了陈子墨。之后几人分开，陈子墨迅速前往。他也知道过去了如此长时间，从那处位置想得到线索几乎没有任何希望。可不去那，又能去哪呢？继续在天阴山脉中大海捞针。 希望更加渺茫。经过两日，陈子墨终于赶到了那处位置。陈子墨站在原地，此地已经是空空如也，哪里还有半个人影？陈子墨心头一股绝望升起，心中极其焦急，可却是一股无力感。家中娘亲还在期盼他的消息，等待着他将父亲安全的带回家族。想到娘亲的那种眼神，陈子墨重新振作起来，就算困难再大，也绝不能放弃。陈子墨将四周仔细查探，见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后，就准备离开。 突然，陈子墨听到在不远处有动静，有几个修士正朝着他的方向而来。对此，陈子墨也不感到奇怪，毕竟天阴山脉内每日有不少修士进入其中探宝，希望能在天阴山脉中得到一些修炼资源。天阴山脉虽然有着众多的妖兽，极其危险，可也是资源极其充沛之地。记载中有着不少修士得到大机缘，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。他们的传说一直被广为流传，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修士进入天阴山脉。 何况天阴山脉中的妖兽何处不是机缘？只要能将妖兽斩杀，这就是修炼资源。如果能生擒活捉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很快，有三个修士出现在陈子墨的视线中。你是陈氏家族族人？见到陈子墨，探查气息，见是炼气四层的修为，其中的一个修士问道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没错，在下来自陈氏家族。”陈子墨见到开口的那个修士，修为炼气五层，其他两人，一个炼气五层。 一个炼气四层，三人的面孔对陈子墨来说极其陌生，此前从未见过。不过见其穿着，应该不是家族势力。炼气五层那个修士笑着说道：“原来是陈氏子弟，你也是来天阴山脉寻宝？”陈子墨又一次点点头。在天阴山脉中，危险不仅来自妖兽，天阴山脉中的修士更是极其危险，经常有修士在天阴山脉中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，特别是那些落单的修士，更是他们的目标。那个修士说道：“道友。” 在下苏庆生，你一人在天阴山脉中行走，想必你也知道极其危险。刚好苏某寻到了一处宝藏，有着一些资源，只不过有妖兽守护，一人无法击杀，特来寻找志同道合的修士，准备一同前往。这两位道友已经答应一起，苏某邀请道友加入，不知意下如何？陈子墨哪里有心情寻宝，寻找到父亲的下落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苏道友，你的好意，陈某心领了。不过在下还有要事。” 就不与诸位一同前往，祝三位道友能在那处宝藏之地得到大机缘。说着就准备离开。陈子墨刚要转身，回头问道：“三位道友可见到过陈氏家族陈周清？”趁此机会，刚好可以询问他们，说不定有着线索。苏庆生三人摇摇头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多谢。”说完，陈子墨离开。可刚走出没有几步，陈子墨再一次转身问道：“苏道友，你的邀请，陈某接受，不知你是否还同意？” 陈子墨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猝不及防，三人一愣。苏庆生笑着说道：“当然欢迎至极，如果加上道友，保证这一次能成功击杀那头妖兽。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赶紧赶到目的地，击杀那头妖兽后，得到那里的宝物，以防有变。”陈子墨几人都没有意见，随着苏庆生向着一个方向而去。路途中，陈子墨问道：“苏道友，可否冒昧问一句，那处宝藏到底有着什么宝物？”陈子墨问完。 另外两人也望向苏庆生，他们到现在也不知晓到底是何物，心中好奇的同时也有着担忧。不过苏庆生只有炼气五层的修为，而他们俩的实力，如果苏庆生有不轨之心的话，也一点不用担心。但就算是如此，两人也不可能贸然答应。最后，苏庆生发誓，如果那处宝藏没有宝物的话，他不得好死。他们才最终相信苏庆生。苏庆生说道：“陈道友，不好意思，在未到宝藏地前，在下无法将那里的详情告知。” 不过，在下保证，如果那里没有宝藏，在下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苏庆生为了打消陈子墨的疑虑，直接发下重誓。这种誓言对修士来说，绝不会轻易许诺。陈子墨点点头，没有再追问。苏庆生带着三人不断在天阴山脉中穿梭，在路途中，其中还邀请了一些低阶修士。不过，他们最终还是忍住了贪欲，没有答应动身前往。毕竟他们的修为和苏庆生几人相比，相差有点大。在经过半日时间。 依然还没有达到目的地。接下来的的路程，苏庆生像是特意避开修士。陈子墨几人终于无法再忍住，问道：“苏道友，到底还有多久才到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在下就不奉陪了。”第三十章，此乃妖兽。苏庆生笑着说道：“三位道友，你们别急，马上就到。苏某之所以如此，相信你们也清楚，尽量避免其他的修士知晓宝藏之地。”陈子墨三人点点头，只能耐着心思。 继续跟随着苏庆生前往，又是半日过去。之前跟着的两人真是没耐心了。他们正要开口时，见到苏庆生突然停了下来，两人欣喜地望着苏庆生，问道：“苏道友，到目的地了？”苏庆生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还未到。你”你两人眼神中冒出怒火，这不是在耍他们玩吗？苏道友，如果你不给我们一个解释，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。苏庆生似乎并不害怕，说道：“两位道友，苏某都发下毒誓。” 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觉得苏某会拿这个开玩笑？宝藏之地肯定存在，接下来是最后一段路程。不过此刻需要三位道友发誓，绝不能将接下来的路程泄露出去。苏某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着想，相信三位道友不会反对。还是那两人说道：“苏道友，难道你连我们都不信任？我两只是散修，身后又没有势力，宝藏对我们来说可是机缘，那是今后的修炼资源，怎么可能会泄露，招惹来修士？”说着。 望向了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倒是陈道友，恐怕需要。陈氏家族就在天阴山脉的边缘，如果传音泄露的话，我们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如此也好，我俩率先发誓。”说完，两人主动发下誓言，绝不会泄露。苏庆生三人望向陈子墨，陈子墨笑着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三位道友，你们放心，陈某绝不会泄露。”说完，也发下誓言。好，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接下来需要共同协作。 获取宝藏，出发！苏庆生带着陈子墨三人直奔一个方向而去。这一次走的路线更加的偏僻，不过不再是之前那般圈圈绕绕。估计之前就是在消磨他们的耐性，目的就是让他们发誓。虽然直奔了目的地，可是经过了一日之久，依然还在前往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苏道友，难道那处宝藏在深处？他们几人一直在深入天阴山脉。如果真的在深处的话，越往深处，妖兽的实力越发强大。” 修士的实力也越来越强，只有那些修为强大的修士才会选择前往深处探宝。苏庆生说道：“陈道友也不能算是天阴山脉深处，还在外围。大家都知道，天阴山脉范围极其广袤，越往深处危险越大。前往山脉深处，我可不想找死。放心吧，已经快到了。”苏庆生说的快到了，又经过了一个时辰，陈子墨倒是没什么，可另外两人此刻是真的没有了耐心。到了。 就在他们快要磨灭最后一丝耐性时，苏庆生开口说道：“包括陈子墨在内，三人都露出了喜色。终于到了，再不到的话，他们都要疯了。”三人急忙四周查探，想要知晓宝藏在何处。前方是一座千丈山峰，苏庆生带着三人走过一段荆棘丛生的路程，扒开了一处隐蔽位置，指向一条狭窄的山缝，说道：“宝藏就在里面。”终于，终于到了。三位道友，你们先进入，我将此处痕迹抹平。 可陈子墨三人没有任何动静，谁知小山缝内是什么情况？此时让他们先进入，不可能。苏庆生说道：“三位道友到了这里，难道还不相信在下？”说着，他率先进入其中，说道：“没问题吧？虽然一路上我们小心谨慎，可为了避免危险，苏某才需要将其痕迹去除。”陈子墨率先进入其中，前方一片漆黑，无法看清前方动静。两人见陈子墨进入，犹豫的神色终于变得坚定，也深入其中。 苏庆生抹平痕迹后，很快进入山缝内，重新掩盖。山缝狭窄，几乎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修士。越往里深入，光线越弱，完全漆黑时，一抹光亮升起。只见苏庆生手中有一颗夜明珠，散发着光亮，将漆黑的山缝变得通透无比。几人脸色凝重，说道：“苏道友，山缝如此狭小，到时想要施展修为对付那只妖兽，根本无法全力施展开来。别急，到了目的地，大家就自然清楚。” 几人不断沿着山缝而入，山缝好像是在渐渐通往下方而去。足足走了半炷香时间，前方无比漆黑中，终于有着光亮传来，恐怕前方就是目的地了。几人的速度提升了一些，加快了脚步，很快来到了一处洞府之中。洞府十分宽亮，只是苏道友，你不是说宝藏之地是妖兽吗？为何还要其他修士的身影？在宽敞的洞府内盘坐着一道身影，这是妖兽。此刻他们明白上当了。 这是故意引诱他们来此，危机升起，就要准备离开此处。可是苏庆生挡在了山缝口，没有任何机会。哈哈，苏某可没有撒谎，此处确实有着宝藏。老大又有三个矿奴，相信我们开采的速度又能提升不少。陈子墨始终保持平静，望向那个盘坐着的修士，只是那修士气息收敛，无法感应他的修为。那修要么是修为高深，超出了他感知的范围，要么是有屏蔽修为的宝物。但不管是哪一种。 陈子墨从此人身上感受到了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。那修起身，转身望向陈子墨三人，满意的点点头。陈子墨见到此人的面孔，却是极其陌生，从来未见过。可另外两人的反应却是大惊失色。袁文德，是你？你你不是在曹家的追杀下已经身亡了吗？两人惊恐不已，此人居然是袁文德！他们本来想要逃离的心思，此刻彻底的断绝。袁文德的修为在二十年前可是练气六层。 就算这些年无所寸进，依然不是他们所能抵挡。一个已经宣布死去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如何不惊恐？更恐怖的是，此人杀人不眨眼。那个时候连曹家都敢得罪，何况是他们？还有第三十一章矿奴，还有他们听说袁文德还是一位毒师。听到这个名字，陈子墨也有着一些印象，脸色终于凝重起来。袁文德阴笑道：“恭喜你答对了，不过曹家那些废物。” 别想斩杀我，我一招金蝉脱壳就能将他们耍得团团转。曹家就等着我的报复吧，必让他们血债血偿。老大不远了，等我们消化此地的资源，老大的修为必定突飞猛进，灭杀一个曹家还不是手到擒来。一旁的苏庆生溜须拍马道。两人听到袁文德的话，更是绝望到极致。袁文德将此话毫无顾忌脱出，还会将他们放走，没有任何希望。老大，他来自陈氏家族。苏庆生指着陈子墨说道。 嗯，带下去吧。扑通！突然，两人跪了下来，颤抖的说道：“袁前辈，求你放过晚辈，晚辈一定将此处的事情保密。如果泄露半字，天打雷劈而死。”他们俩知道，一旦被带离，接来下的命运必然极其凄惨。袁文德虽然轻飘飘的说出对曹家不屑一顾，可谁都知道曹家势力强大，以袁文德的修为实力，想要对付曹家没有任何可能。那只有一种办法，必将是极其疯狂，不顾一切提升修为。 怎么，要老大亲自请你过去？苏庆生冷漠出声。他对袁文德极为了解，求饶有用的话，他就不是袁文德了。此人极度冷血，修士的性命在他的眼中连蚂蚁都不如。到了这里，乖乖听话还不用遭罪。如果表现好的话，说不定得到老大的赏识，那就是你的大机缘。两人见袁文德冷漠的望着，心颤不已。他们知道，如果再开口的话，接下来面临的场面将更加的残酷。颤颤巍巍站起。 将你们的储物袋全部交出，在将陈子墨带离前，苏庆生冷冷地说道：“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。”陈子墨一言不发。如果不是考虑到袁文德的修为还未探查出来的话，早已经动手。更关键是，陈子墨有着预感，父亲陈周清就在此处。有着如此多的疑点，陈子墨依然主动跟随苏庆生来此，当然是发现了什么。当时遇见时，陈子墨询问是否见过他父亲，苏庆生的眼神有着些许的变化，虽然是一闪而逝。 可还是被陈子墨捕捉到。陈子墨控制心绪波动，尽量不露出痕迹，让苏庆生产生怀疑，来到了此处。这个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，都是前往探寻机缘。来到目的地后，如果实力不足的话，没有逃生的机会。何况苏庆生也不会相邀那些实力强大的修士。来到此处，陈子墨还是怕打草惊蛇。通过种种，父亲可能在此处暂时还没有性命之危。毕竟抓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开采此处某种资源，在没有开采完之前不会动手。 将抓来的修士杀害，一旦他动手，无法立刻将袁文德斩杀的话，父亲可就危险了。到时还会以父亲做要挟，他还能动手吗？还是需要见到父亲陈周清后才决定如何行事？陈子墨将身上的储物袋扔向了苏庆生，苏庆生极其满意，顺势接过，打开储物袋，露出欣喜之色，说道：“没有想到你一个练气四层的普通弟子，居然有着六百多枚灵石。不是说陈氏家族落魄潦倒了吗？难道传言为假？” 故意麻痹外界修士，陈子墨叹声道：“陈氏家族确实一日不如一日，储物袋中的灵石只不过是这些年积攒下来，准备用来突破炼气五层修为。这些灵石就送给苏道友了。”苏庆生脸色一喜，不过紧接着冷漠下来，说道：“什么送给我？那都是老大的灵石，连我的性命也是老大的。你们快将储物袋交出，千万别逼我动手。”两人无奈，只能将身上的储物袋交给了苏庆生。身上除了衣物。 其他所有的宝物交出，千万不要私藏。等下我会一一检查。陈子墨三人交出储物袋后，苏庆生继续要求。陈子墨暗自后悔，当时没有及时做好准备，身上还有一件宝物，那就是流云刀。这是他唯一趁手的法器，如果交出的话，对他的实力也是有着影响。可不交出，难道现在动手？陈子墨换出流云刀，递给了苏庆生。不错，中品法器。苏庆生拿着流云刀，满意点头。可还有其他宝物？ 特别是传音符之类，一旦发现私藏，必死无疑。陈子墨摇摇头说道：“除了身上穿着的衣物外，再无其他。”另外两人也交出了身上的法器。苏庆生经过一番检查，确实没有发现其他宝物。突然，苏庆生拿出三张封印玉符，直接将陈子墨三人的修为封印。此刻，真正成了待宰羔羊。陈子墨在见到封印符箓后，差一点动手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走吧。 苏庆生带着陈子墨三人向着一处方向而去，来到洞府的另一端，苏庆生按下一道机关，一道石门缓缓打开。砰砰砰，在石门后方传来了砰砰砰的声响。另外两人脸色更加绝望，进入此处后将彻底和这个世界诀别，此处就是他们的葬身之所。陈子墨三人跟着他进入石门后方，按下机关，石门关闭，一路往下，终于来到了所谓的宝藏之地。苏庆生说道：“接下来你们的任务。” 就是在此开采梅花钢，开采完那一日，就是你们离开此地之时。千万不要懈怠，后果你们可承受不起。说着，继续领着三人前进。前方有着一个修士正在打着瞌睡，听到声响，望向陈子墨四人，急忙站起，笑着说道：“太好了，又增添了矿奴，这样开采的速度又能提升不少。”苏庆生，你现在可是老大身边的红人啊，必定得到不少的好处吧？说着，子修羡慕的望着苏庆生。 苏庆生脸色露出一抹得意，不过很快消失，说道：“易华池，我们可都是为老大做事，只要全身心投入，老大都能见到。这三人就交给你了。”说着，苏庆生转身离开。易华池拿出一只药瓶，倒出。第三十二章，尸虫丹，倒出三粒丹药，不，应该是毒药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丹香，而是散发着一股恶臭味。易华池冷冷地说道：“将他们服下。”陈子墨站立不动。 另外两人已经惊恐到极点，毒丹不用想也知道出自谁人之手，果然还是逃不过宿命。不仅控制了他们的修为，还要他们将毒丹服下，将他们彻底控制，不会出现丝毫意外。怎么需要我亲自动手？易华池变得更加冷漠。陈子墨心中叹气，修为被封，不可能有任何的反抗机会。此时如果不吞服的话，下场必将极其凄惨。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陈子墨来到易华池身边，接过了手中的一粒毒丹，没有丝毫犹豫。 吞入腹中，另外两人颤颤巍巍，移动速度极其缓慢，抬起颤抖的手臂接过了毒丹。可是望着手中的毒丹，没有勇气将其吞服。看来，听到易华池的话，两人也是一狠心，迅速吞入腹中。啊啊！两道惨叫声传出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惨叫声是越来越强烈。两人根本站立不住，砰然倒地，不断的翻滚，修为封印现在犹如凡人，面对毒丹的侵蚀，根本无法对抗。 极致的疼痛几乎要昏迷过去，可是想要昏迷也是一种奢望。两人的脸色惨白无比，冷汗浸透了衣物。易华池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是唯一一个面对尸虫丹面不改色之人，如此心性实属罕见。接下来努力开采梅花钢，说不定能得到老大的赏识，如我这般有着摆脱命运的机会。”多谢易道友。”陈子墨说道。陈子墨吞服尸虫丹后，没有如另外两个人那般。 折磨的死去活来，反而是面不改色。是陈子墨意志坚定，能忍受尸虫丹的折磨。只有一人知晓真实情况，那就是陈子墨自己。其实，陈子墨在吞服尸虫丹时，真的无比绝望，可还是抱着一丝希望。丹田中的那粒种子能够吸收丹药，不知是否可能将毒丹也吸收。陈子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那粒种子身上。还好，还好，那粒种子没有让他失望。在服下尸虫丹的瞬间。 陈子墨确实感受到了一股极致的疼痛，准备升起，可就在此时，那粒尸虫丹直接被那粒种子吸收，没有多久，彻底消散。陈子墨根本就没有受到尸虫丹的任何影响。陈子墨内心狂喜，真是捡到宝了！有了这粒种子以后，那些所谓的毒丹根本影响不到他。正在此刻，炼化完尸虫丹的种子，释放丝丝缕缕的灵气进入丹田中，灵气极其精纯，不过只是一粒，不可能产生太多的灵气。陈子墨暗道。 如果多来几粒的话，修为就算封印也在不断提升，到时有希望冲破封印。陈子墨一点点看到了希望。大概半炷香，两人终于缓和了很多。可此时两人已经是精疲力竭，想要站起都非常困难。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跟我走！尸虫丹发作，你们也感受到了。如果在发作前无法拿到缓解的解药的话，接下来会越来越甚，发作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。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开采出梅花缸一百斤梅花缸。 兑换一枚尸虫丹的缓解药物，两人艰难地站起。他们体会过尸虫丹的厉害，绝对不想再尝试第二遍。希望能在发作前兑换缓解药物，不然的话，不被他们杀死，也要死在尸虫丹的折磨之下。尸虫丹的发作真是生死不如。此刻，他们反而希望易华池能立马将他们斩杀，不必经受这般折磨。他们自己动手又没有这个勇气。陈子墨听到易华池的话，内心中有着喜色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说不定有着机会。可是。 陈子墨也知道开采梅花钢必定是极其艰难，跟着易华池而去，拿着这只储物袋去吧。只见前方有着二十多道身影正在艰难地开采着梅花钢，其中有一道身影，陈子墨差点忍不住叫出声，正是陈周清。只是此时的陈周清哪里还是之前的样子，佝偻着身体，仿佛苍老了几十岁。陈子墨心痛不已，父亲陈周清必定是经受失重丹难以想象的折磨啊！正在此时。 一个修士突然倒地，翻滚在地上，惨叫出声。其他人浑身一颤，看都不敢看，更加卖力的开采。他们不想也再次经历那是非人一般的折磨，太过痛苦，恐怕地狱也不过如此了吧。易道友，给给我解药。翻滚在地，惨叫出声的修士见到易华池的刹那，露出了渴求的眼神。哼，那你可有开采出一百斤梅花缸？没有，就给我闭嘴，这里不养闲人。去吧。 如果在发作前没有开采足够的梅花缸，可就要如他一般。你们可要想清楚。说完，望向了陈子墨，说道：“虽然你意志强大，可是接下来尸虫丹会越来越猛烈，别以为能承受下来，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。”说完，易华池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爹，在易华池走远后，陈子墨再也忍不住叫出声。那道佝偻的身影浑身一颤，猛然转头：“子墨，你怎么也到了此处？” 陈周青的脸上露出震惊无比的神色，同时更加的绝望。他死在这里无所谓，可为何老天如此对他们一家？陈周青内心中不断的质问上苍：为何要这样？所有的苦难全部交给我一人承受就好，为何？为何？陈周青绝望到极点，来到这里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。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如他一般惨死在这里，不想看到他的孩子如他一般被尸虫丹折磨的生不如死。 众人望向两人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居然是陈周青的孩子。第三十三章天生神力，有着同情，可很快他们就不再关心。那惨叫声时刻萦绕在他们耳旁，让他们没有精力再去关注其他。如果不能在发作前有着足够的梅花缸，下一个翻滚在地上惨嚎着的就是他们。和陈子墨一同进来的两人看着翻滚在地上惨嚎的修士，心颤不已。他们刚刚可是经历过是什么滋味，不敢再耽误，找到一处岩壁。 急迫开凿起来，只是修为被封，虽然肉身之力经过灵气的滋养，凡人肯定是不能相比。可想要将岩壁中的梅花钢开采，极其艰难。岩壁极其坚硬，每次开凿对其像是没有一丝的影响。陈周青将陈子墨拉到一旁，问道：“子墨，你也是被他们诱骗来此？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爹，当时孩儿在天阴山脉内寻找机缘，正巧遇到那个苏庆生。糊涂啊，你怎么和为父一样糊涂？” 陈周清内心的疼痛已经超过那尸虫丹带来的折磨，一家三口孤零零的留下了白兰一人，叫他怎么活下去？陈子墨没有和陈周清说实话，如果告诉他实情，恐怕陈周清都无法原谅自己，让本就脆弱的意志更加崩溃。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摧残成如此模样，陈子墨发誓一定要那几人血债血偿。此刻只能忍住，等待机会的出现。只是看到地上还在惨嚎的那个修士，陈子墨担忧不已，问道：“爹。” 你尸虫丹发作还有多久？陈周青这时才清醒不少，急忙说道：“子墨，快开采梅花缸，微父开采了一些，在尸虫丹发作前应该能化解。”陈周青的话当然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在关心着陈子墨。他经历过很多次，当然知道尸虫丹发作的滋味，不想陈子墨也承受。就算无法逃出生机，至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死前无需经历那般折磨。至于此刻了结生机，陈周青从未想过，只要还未死，就还有着希望，虽然极其渺茫。 万一希望出现了呢？他们依然能回到家族，回到苦苦等待的白兰身边。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绝不能放弃。陈周青佝偻着身躯，急忙走向岩壁，准备开始开采。陈子墨实在不忍心，说道：“爹，你先歇着，交给孩儿。”说着，阻止了陈周青举起手中的开采器具，凿击在岩壁上。咔嚓！岩壁被陈子墨凿击出一大块，掉落在地。陈周青愣住了，其他的修士也纷纷望向陈子墨的方向。 不可置信的神色，惊讶的望着地上的那块凿落下来的岩石，岩壁极其坚硬，想要开凿困难无比。就算是解除修为封印，想要开凿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可在陈子墨的手中却是如此轻而易举，怎么可能？不少人眼神中露出喜色，纷纷围了上来，说道：“周青道友，这是你孩儿。”陈周青逐渐恢复过来，眼神中有着警惕之色。这些人打着什么主意，他再清楚不过。如果能从陈子墨那里得到梅花缸。 他们就能得到失虫丹的缓解丹药。陈周青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没错，正是犬子。周青道友，没有想到贵公子天生神力，看来你有福了。周青道友，我们也相处了不短的时间，如果有多余的梅花缸，可否送一些给我们？你也知道，每次失虫丹发作前，已经很难再开采出足够的梅花缸，那种非人一般的折磨，实在是受够了。希望周青道友能够看在一同受难的份上，帮帮我们。对啊，周青道友，望出手相救。” 众人开始各种求情，但是没有一个向陈子墨开口。他们也知道，只要陈周青答应，陈子墨必然会同意。陈周青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在下也明白各位的难处，可是你们也要理解我们的困难。犬子可不是什么天生神力，可能只是凑巧，刚好开凿在一块脆弱岩石上，可能让你们失望了。”陈周青可不会同意，虽然他也希望这些年不受尸虫丹的折磨，可是让陈子墨成为众人的矿奴，怎么可能？周青道友，别开玩笑了。 你看贵公子浑身气势十足，必然是天生神力。周清道友，如果你让我们不好受的话，你觉得我们会如何？此刻突然有人开始威胁起来，众人都封印了修为，他们人数众多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马超，你陈周清极其愤怒。爹，此处可否杀人？陈子墨缓缓的说道。陈周清心中一惊，陈子墨居然动了杀念。 就算你修为练气五层，可是马超也是同样的修为，更何况此刻众修修为都被封印。陈子墨此刻开口，无疑是在激怒他们。此处绝对禁止杀人，一旦违背，将经历比尸虫丹还要十倍不止的折磨，甚至直接处死。将他们诱骗至此，绝不会希望在完成梅花缸开采前，任何一人死亡。哼，居然对我们产生杀念，你真是好大的胆！看来我们还是太过仁慈。又是马超开口，可陈子墨的视线一直在望着陈周清。 等待他的答复，陈周清急忙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犬子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”爹，可否杀人？陈子墨再一次开口。陈周清心中那个急啊，说道：“子墨，此处禁止杀戮，你不要乱来。”他不是担心陈子墨将马超斩杀，而是担心一旦陈子墨出手，其他人可就有了理由，到时陈子墨可就要受到他们的折磨，皮肉之苦肯定是免不了。此处不禁止杀戮，其他没有要求，诸位道友。 看来不给他一点教训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说完了？陈子墨面无表情地看着那马超，眼神中散发着嗜血之光，找死！说着，马超就要动手。啊！可就在此刻，一道惨叫声传来，与翻滚在地的修士哀嚎声混杂在一起。在马超准备动手之时，第三十四章冷血无比。只见马超横躺在地上哀嚎，痛苦不已，嘴角不断有鲜血流出。 陈子墨冷冷地望着马超，再敢惹我死！你以为我会真的不敢杀你？在此地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能为他们开采更多梅花缸的人，不要认为自己有多重要。一旦你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一文不值。如果我能开采大量的梅花缸，就算将你斩杀，你认为他们会为你做主？马超惊恐的眼神不敢与陈子墨对视，闪躲不已。陈子墨的出手让他感到了惊恐，封印修为，肉身比他要强大很多，恐怕这里所有的修士。 加起来都不够他杀，居然主动得罪此人，后悔不已。你们可还想我为你们开采梅花缸？不不不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们这就走。站住！众人浑身一颤，望向陈子墨，胆战心惊，忐忑不已。他们不知小陈子墨要做什么，但估计不是什么好事。此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陈子墨不仅实力强大，性格与陈周青完全不同，绝对是杀伐果决的主。将你们身上的两成梅花缸交出来。陈子墨的脸色。 依旧极度冷漠，没有丝毫的色彩。众人不敢反对，但如果交出梅花缸，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梅花缸兑换失虫丹的缓解药物。听到依旧在地上翻滚哀嚎着的那个修士，内心的惊惧更甚，急忙望向陈周青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。想要向陈子墨求饶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周青道友，求求你，行行好，求贵公子放我们一马，不然我们真的坚持不到下一次失虫丹发作。陈周青的眼神中有着不忍，可是想到之前他们的所作所为。 想要伤害他的孩子，现在放过他们，等于是为虎作伥。任何想要伤害陈子墨的修士，他绝对不会同情。陈周青的眼神很快变得坚定起来。还好子墨的实力强大，不然此刻躺在地上、一身是血的人就是他孩子。现在求饶，晚了。陈子墨听到陈周青的话，内心很是高兴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在这里想要保命，就必须狠下心。听到陈周青的话，众人心生绝望。可他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如果不交给陈子墨梅花缸的话， 恐怕接下来就要遭受皮肉之苦，一旦肉身伤势不轻的话，对接下来开采梅花钢有着很大的影响，更凑不齐足够的梅花钢。准备拿出梅花钢，眼神中极其心痛。陈子墨冷冷的说道：“如果我开口后，立马交出二成梅花钢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可是你们还想利用我爹的同情心，接下来每开采一百斤梅花钢都要缴纳两成给到我。如果敢违抗，我会让你们知道其下场。”你，怎么还想我再增加条件？众人惊怒不已，可是不敢再出声。 此刻示威，还真怕陈子墨再提出新的要求，到时可就真的没有任何活路。不甘心的拿出了两成梅花钢给到陈子墨后，急忙跑向了岩壁，开始开凿岩壁。此刻他们更加急迫，在和尸虫丹发作赛跑，希望能在下次发作前得到足够多的梅花钢。现在的处境，除了陈子墨两人外，其他人变得更加的艰难。陈周青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，一切来得太过突然。这短暂的功夫，陈子墨已经收集到超过两百斤梅花钢，已经可以兑换尸虫丹的缓解药物。 接下来更是不必为了尸虫丹担忧，他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，以为是在做梦。可他又不希望梦境为真，不希望他的孩儿来到了暗无天日的矿洞。爹，接下来你不必再开采梅花缸，盘坐在那恢复就可。陈周青摇摇头说道：“子墨，为父知晓你是为我着想，可是尸虫丹发作太过恐怖，我们必须未雨绸缪。就算能得到梅花缸，可还是要继续开采，这样就算到时有变，也不至于束手无策。” 只要身上有足够的梅花缸，就能兑换失虫丹的缓解药物。陈周清不敢休息，必须时刻不断的开采。只有手握足够多的梅花缸，心中才有底。陈子墨说道：“爹，你放心吧，有孩儿在此，不会再经受失虫丹的折磨。”说着，陈子墨问道：“爹，你身上可还有失虫丹缓解药物？”陈周清摇摇头：“此处的每个修士，想要维持下一次发作前开采出足够的梅花缸都极其困难，怎么可能还有多余？”陈子墨点了点头，说道。 爹，你就听孩儿的，盘坐下来，先恢复便可。说完，陈子墨开始开凿起来。虽然能从他人的身上得到不少梅花缸，可陈子墨还有着自己的打算。此处梅花缸是他唯一的自救途径。何况他没有中毒的事情，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解药，到时他们肯定会有所怀疑。一旦露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至于收那些人的梅花缸，陈子墨也是想获得更多的尸虫丹缓解药物，被那粒种子吸收。不过，陈子墨也没有逼迫太狠，需要给他们一点希望。 绝不能涸泽而渔，焚林而猎。陈周清没有再坚持，听从了陈子墨的话，盘坐在地恢复自身。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的亏空，都极其严重。再加上尸虫丹的折磨，此刻的陈周清几乎是没有多少血色。陈子墨的开采速度是其他人的几倍有余，这还是在陈子墨特意控制下，不然的话将更加恐怖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不错，不错，又可以兑换武力，缓解尸虫丹的解药。易华池笑容满面。 开采的梅花钢越多，他越是开心。至于矿洞中发生的事情，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而是乐得其成。陈子墨的压迫让他们更加卖力，开采出更多的梅花钢。自从陈子墨来到矿洞后，他几乎是每天笑容满面、合不拢嘴，对陈子墨是越来越满意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还多亏了一管事的照顾，能遇到一管事是我三生有幸。<laughs> ”哈哈。第三十五章老寿星上吊嫌命长。见到陈子墨如此，易华池更为高兴。 把这些修士当畜生使唤，给一点甜头，还要对他感恩戴德，继续保持，易某不会亏待你的。去吧，易管事，在下告退。陈子墨转身，眼神中的杀意都快抑制不住，不过他现在只能忍。来到矿洞，已经过去了半年之久。半年时间，兑换了不少尸虫丹缓解药物，除了给父亲陈周清留下足够的缓解药物外，其他都被吞服一干二净。不断服用尸虫丹的解药，被那粒种子充分吸收，虽然修为被封印。 可陈子墨的修为却是在不断的增长。尸虫丹的解药蕴含着丰富的能量，通过那粒种子的吸收，转化为灵气，释放在丹田中。可是想要突破瓶颈，突破修为封印，还有着很长的距离。希望时间还来得及。五粒缓解药物留下了一粒，其他四粒，陈子墨在快到矿洞深处时吞服了下去。来到矿洞最深处，此刻又来了一些新的面孔，不过也有一些面孔消失不见。 有几人实在受不了尸虫丹的折磨，最终不堪折磨自杀而死。对于那些死亡的修士，没有哪个有着同情，反而是羡慕，不用再经受那种生不如死般的折磨。看到陈子墨来到，众人像是见到了瘟神，就是此人让他们原本艰难的处境变得更加绝望。此人就是吸血鬼，不断从他们身上一点一点的蚕食，直到将他们吸干抹净为止。但没有一个人敢反抗。这半年的时间，不是没有人反抗，可是最终的下场。 他们想到那个场面，身体都忍不住颤抖。爹，陈子墨来到陈周清身旁。此刻，陈周清精神状态好了很多，通过半年的恢复，肉身已无大碍，只不过精神上时刻想念着还在等待着他们父子回归的白兰。子墨也不知道这座梅花钢矿洞还能开采多久，一旦开采完，恐怕就是我们的末日。这些话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，反正要面对现实。一旦开采完，他们就没有了利用的价值，必然会被残杀。 他多希望陈子墨能逃出升天，他也能死而无憾了。可是暗无天日的矿洞只有绝望。陈子墨说道：“爹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一定能离开。娘亲还在等着我们回去呢。”陈舟轻点点头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此刻矿洞已经纵横交错，形成一条条隧洞，这都是开采梅花钢时形成的隧道。诸位道友，难道我们就这样被那陈子墨压迫下去？有一个修士开口，此人进来矿洞没有多久。 一直想要联合其他的修士一起反抗陈子墨的行径，可没有一个修士敢吭声。如果这话传到了陈子墨的耳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可不想再得罪陈子墨，承受不必要的折磨。此时的他们，哀莫大于心死，只有苟且的活着。诸位道友，我们只有推翻他，才有可能拥有足够的梅花缸，不用再经受尸虫丹发作带来的痛苦折磨。马道友，你说呢？此修望向了马超，他也听说了马超的事情，是被陈子墨第一个教训的修士。马超说道。 求寻没有实力前，还是闭嘴吧，不要连累到我。就算被尸虫丹折磨，就算被陈子墨压迫，马超也没有寻死的念头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只有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至于反抗陈子墨，那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。求寻失望的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如果大家都是如此心态，怪不得你们会被其压迫剥削，罪有应得。”就在此时，有脚步声正向着他们的方向而来。众人笑着对着求寻说道：“求寻，他要来了。”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。求寻心中一惊，说道：“我可什么都没说，你们可不要冤枉我。如果只是他一人，哪里敢反抗陈子墨？除非是众多的修士联合一起，才有这个可能。”很快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，此人正是陈子墨。众人都不敢与陈子墨对视，卖力的开凿着岩壁。陈子墨面无表情，看起来极其冷血，说道：“上交梅花缸。众人身体一颤，又到了绝望的日子。他们好不容易开采出的梅花缸。 又要被搜刮一遍，可他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开始拿出梅花缸，他们的视线望向了裘寻，可裘寻的眼神在四处闪躲，可不敢让他们暴露之前说的话。主动将梅花缸拿到陈子墨手中，极其谄媚。有一个修士犹豫不决，最后小心翼翼的说道：“陈道友，可否宽限一些日子？在下尸虫丹发作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不能兑换尸虫丹解药，恐怕渡不过这次。”少废话，陈大人的规矩不容有二，快点交出！ 不然的话，就算陈大人不动手，可不要怪我不客气。陈子墨还没有开口，此刻裘寻跳了出来。裘寻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刚刚你说的话，大家可是都听得一清二楚，现在还敢在这里蹦的，看来你是想我将那时揭发你！你别乱污蔑！裘寻脸色一变，看来不给你教训，你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说着就要动手，住手！裘寻浑身一颤，转身说道：“是陈大人，他刚刚说了什么？”陈子墨望向那个修士。 陈大人，你千万不要听他们污蔑，在下什么都没有说，反而是在教训他们，不要对陈大人你有任何不轨之心。我问了你吗？陈子墨冷漠出声，裘寻是更加心颤不已。陈大人，在下知罪，再也不敢了。陈道友，他刚刚煽动矿洞中的修士想要谋害你，胡言乱语，好大的胆子！看来留你不得。此刻，裘寻动了杀心，准备动手。陈子墨冷冷地望向了裘寻，再多说半个字，死。 将你知道的事情一字不落说出来，陈道友是这样。子修将之前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的讲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陈道友，在场的其他人都可以作证。”第三十六章，十恶不赦大魔头。求寻的眼神直视着其他修士，咄咄逼人。如果有人敢开口，一旦陈子墨离去，就是他报复的时刻。他的实力可以说，在这座洞府内，除了陈子墨以外，属他最强。他煽动众修反抗陈子墨。 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为了他自己。一旦将陈子墨除去，他就能坐上陈子墨的位置，陈子墨享受到的一切都将归他拥有，再也不用为开采足够的梅花钢发愁。陈子墨面无表情的说道：“他的话可谓真。”可是众人望向求寻的眼神，没有一个人敢开口。就算他们不开口，陈子墨也不会拿他们如何。反正到时也是处罚那修。一旦他们证实，就算陈子墨处罚求寻，可又不能处死他们，接下来的日子可就不好受了。 不仅要面对尸虫丹的折磨，还要来自陈子墨的剥削，又增添一位仇寻，他们还能再坚持吗？地狱恐怕也无法与之比拟吧。你们，此修面露惊恐，他们没有想到，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。陈大人，此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故意编造谎言，想要煽动大家一起反抗，再留此人乃是大患。陈子墨转身望向求寻，面无表情的说道：“你说完了？”求寻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，下意识后退两步，说道：“陈大人。” 可就在此时，陈子墨的身影动了，一拳而出。你此刻，求寻惊恐不已。不过到了这份上，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。既然陈子墨要动手，正好可以掂量掂量他的实力。如果能将他战胜，趁此机会取代他的位置，接下来躺着也有源源不断的梅花缸。就算败于陈子墨之手，也不过是受一些皮肉之苦罢了，算得了什么？恢复也用不了多少时间。至于将他斩杀，他陈子墨可没有这个胆。不退反进。 瞬间出手，砰！两人的拳头瞬间碰撞在一起，裘寻脸色一变，身体后退数十步才堪堪停止。而陈子墨却是纹丝未动。陈子墨脸色不变，不过心中对裘寻的肉身实力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，确实非常了得。如果再强一些的话，说不定能抵挡他的攻击。不过，如果仅是这些实力，那、啊……只见陈子墨的身影再一次迅猛而出，攻击向了裘寻。其他修士。 见到这一幕，终于见识到了裘寻的实力，比他们强大很多。当然，如果解除修为封印，那时的实力高低可就说不定了。但是此刻的裘寻在他们心目中上升到很高的高度。在矿洞中，除了陈子墨以外，恐怕就属他的实力最强。他们也渐渐明白，为何裘寻要推翻陈子墨，估计就是想霸占陈子墨的位置。唉，这有什么区别呢？说不定到时裘寻更甚。众人心中叹气，不管如何，反正都是。 他们受难。砰砰砰！几个回合交手下来，裘寻已经坚持不住。陈子墨攻击的力道是大力沉，裘寻的手臂已经在抖动不已，一阵阵剧痛传来。陈大人，小的认输。裘寻知道当前不可能是陈子墨的对手，还不如主动示弱，免得造成严重的伤势。可是陈子墨脸庞已经面无表情，更没有停止出手的举动，再一次攻击而来。你！裘寻惊怒不已，只能被迫还击。咔嚓！啊！ 一声惨叫声传来，只见裘寻的一条手臂应声而断，在陈子墨一拳之下直接震断。裘寻惊恐不已，在这里手臂断裂的后果极其惨重，在修为没有恢复的情况下，想要恢复基本是不可能。再想开凿梅花缸变得无比艰难。正常来说，以他的实力，想要得到足够的梅花缸还是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想到尸虫丹的折磨，浑身一颤。见到陈子墨没有停手的意思，扑通。 忍着剧痛，求寻跪倒在地。陈大人，小的知错，求你放小的一马，以后小的的小命全凭大人处置。此刻，求寻哪还会考虑尊严？可是陈子墨会放过他吗？在求寻的话刚落之际，啊！又一声惨叫声传来，另外一条手臂也在此刻应声而断。失去双臂的求寻此刻惊惧、绝望到极点。众人见此，一个个心颤不已。不过，没有任何一人同情求寻，手臂被废。 接下来只有等死的份。陈子墨一脚而出，砰！球寻抛飞出去，重重的砸落在地上，溅起一阵烟尘。噗噗噗！倒地的球寻是吐血不止，他是真的后悔，为何要去招惹陈子墨？为何不能再忍耐一些时日？为何不再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，再鼓动重修反抗陈子墨？那个想要推迟一些时日缴纳梅花钢的修士，此刻哪里还敢有半点犹豫？在陈子墨即将转身望向他的时候，他急忙将其交给了陈子墨。 一旦陈子墨发怒，将他手臂废除的话，要么现在自杀，要么就是忍受尸虫丹发作带来的一次次痛苦的折磨。陈子墨面无表情的离开，众人见到陈子墨离开的背影，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此人太可怕了，是他们一生中不可磨灭的阴影。此处发生的事情很快在各个隧洞中传播开来，接下来更没有一个修士敢有一丁点小心思，就算是有的话，也不敢表现出来。陈周青脸色有着担忧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可千万不要泯灭了人性。” 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爹，你放心吧，孩儿还是那个人，只不过身处在这样的环境。如果我们稍微仁慈一点，我们的下场将极其凄惨。”陈周青点点头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，但也不希望陈子墨出现任何一点闪失。时间继续一天天的过去，每天都是重复、重复再重复。在陈氏家族领地，此刻一个妇人是一天天憔悴，她正是白兰。终于不再等待，走出了洞府，来到了绿桃峰。第三十七章。 家族深入天阴山脉，什么？你说周青和子墨在一年半前消失了？陈德松震惊不已。逼不得已，白兰求见族长，希望族长能想办法派人前往天阴山脉寻找自己的夫君和孩子。白兰声泪俱下说道：“族长，求你救救我夫君和孩儿！你你为何不早将此事告知给家族？”此刻，陈德松心中有着怒火。如果是普通族人出事，他虽然感到惋惜，可过去也就过去了。仙途中死伤难免。 可是陈子墨不一样，他可是知道陈子墨的真实情况。第四代族人中，第一位突破练气六层的族人，说不定有着机会突破练气七层。突然失踪了，这还了得？陈德松急忙拿出了传音符，传音给各大长老。很快，陈德松洞府内几个身影出现，他们正是家族几大实权的长老。见到泪眼连连的白兰，很是意外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需要将他们召集过来。陈德松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周青和子墨两人。” 在一年半前失踪，族长可能是他们外出寻找机缘，一时半会没有返回家族吧。三长老不是的，白兰急忙解释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的讲述一遍，其中的某些事情白兰隐瞒了一些，比如陈子墨的修为。陈德松说道：“接下来安排族人前往天阴山脉寻找周清父子的下落，由各大长老带队前往。”族长，这虽然每个族人对家族来说都非常重要。 可是为了两个中品灵根的族人，如此大动干戈，值得吗？目前家族的情况，族长又不是不了解，更不能兴师动众。陈德松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子墨对家族非常重要，不能出现丝毫闪失。以后你们会明白。”陈德松知道，如果不透露一点，恐怕这些长老不会同意此事。就算同意，也只是做做样子，不会全力寻找。族长子墨只是一个中品灵根族人，说到重要性，难道还比得过子晴？在一年前。 陈子晴终于突破修为，晋升练气六层。在陈子晴突破修为的消息公布后，族人士气大增，给死气沉沉的家族带来了一丝生机，至少看到了一点希望。唉，陈德松心中一叹，看来不透露一些实情是不可能了。说道：“其实，家族第四代族人最先突破练气六层的族人来自子墨。”轰！陈德松的话将在场的修士震惊的无以复加，目瞪口呆的望着陈德松，不敢相信听到的话。族长。 此话当真？陈德松眼神肯定的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你认为老夫会说谎？其实子墨在返回家族不久就突破练气六层，只不过一直隐藏修为，这也是老夫的要求。不管能否找到子墨，子墨修为的事情，诸位长老自己知道就可，不要泄露出去。不然的话，我族突然出现两位练气六层的修士，某些势力恐怕要蠢蠢欲动了。”他们郑重的点点头。动身吧！此刻，众人终于不再有任何意见。练气六层的陈子墨。 家族不可能放弃，陈氏家族的动静自然引起了天阴山脉中修士的注意。不久就得知为何陈氏家族兴师动众来此。几日后，族长子午两人在天阴山脉见过子墨。什么？找到子墨了？来人摇摇头说道：“族长，那是发生在一年半前，当时他们遇到危机，子墨出现，将大日焰银狗斩杀，送他们回到天阴山脉边缘后，子墨再一次进入了天阴山脉，从此后就没有了消息。” 陈德松一阵的失望，一定要尽全力将子墨找到。在一座洞府内，两道人影正是袁文德与苏庆生。苏庆生说道：“老大，最近陈氏家族几乎是举足深入天阴山脉寻找陈子墨和陈周清，恐怕这些日子我们不能再引诱修士。”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袁文德依旧盘坐在那，闭着双眼，像是与他无关。是老大。等等，这座矿脉还需多久完全开采？老大，看情况。 估计还要不短的时间。嗯，见袁文德没有其他的反应，苏庆生退了下去，进入矿洞中。易华池见苏庆生来到，说道：“苏庆生，难道又增添新矿奴？”苏庆生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最近风声紧，暂时无法离开，刚好可以和你作伴。”“怎么回事？”啊？最近易华池的日子过得不错，十分舒坦。苏庆生将事情的经过与易华池大致说了一遍。易华池说道：“不用担心，他们很快就会退去。” 到时又能抓不少矿奴。对于此事，易华池不关心，他只在乎那些矿奴赶紧开采梅花钢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脚步声正在向着他们的方向而来。见到两人，那修急忙来到，说道：“拜见易管事，苏管事，陈子墨，你可知道，因为你的事情，我无法抓到新矿奴。”陈子墨一惊，现在可不能发生任何变故，正要开口，一旁的易华池说道：“苏庆生，这里乃是矿洞，和你无关。陈子墨乃是我的手下。” 他的事情只有我能管。易华池毫不客气。本来他们两人就分管不同的职责，自从陈子墨来到后，就从来没有在袁文德身上感受到冷漠。这一切都是陈子墨带来的改变。在矿脉开采完前，陈子墨可不能有丝毫的闪失，更不能让苏庆生拿陈子墨来撒气。易华池，我又不做什么，你急什么？陈子墨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说道：“苏管事，如果小的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”易华池说道：“陈子墨。” 不必有太多顾虑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，其他的事情和你无关。这次过来是兑换梅花缸吧？陈子墨点点头，拿出了储物袋，递给了易华池，不再询问到底出了何事。不过，陈子墨心中隐隐有些猜测。不错，易华池拿出了一只药瓶，给到了陈子墨。苏庆生望着陈子墨，说道：“第三十八章，为了活，只有更疯狂。你日子倒是过得比我舒坦，不用理会。” 你下去吧，陈子墨庆幸不已，急忙退去。他可不想再待在苏庆生的眼前晃荡，给了他机会。也幸好在易华池眼中，他还有利用价值，不然易华池怎么可能会维护他？在陈子墨走后，苏庆生也没有久留，很快离去。陈子墨回到矿脉深处，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，更不想让父亲陈周清看出端倪。药瓶中的解药全部被陈子墨吞入腹中，经过一年半，此时的丹田灵气充沛，陈子墨估摸着。 如果解除封印的话，恐怕现在的修为应该来到了炼气六层巅峰。如果能寻到一处灵脉之地，相信有着很大的希望能突破修为瓶颈，晋升炼气七层。陈子墨也在等待，希望能得到足够多的解药，用来积攒灵气，到时突破修为。一年半的时间足够长了，陈子墨不敢再继续等下去，以防有变。更何况这座矿脉还不知何时会结束，一旦开采完，他的末日就要到了，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在其他人极其不满。 又无可奈何的眼神中，陈子墨再一次加大的收割重修梅花缸的分量。时间年轮不断滚动，又过去了半年，梅花缸的数量是越来越少，再想得到足够的梅花缸已经是极其困难。不断有修饰，无法忍受尸虫丹的折磨，选择了自杀。陈子墨望着储物袋中的大大小小药瓶，这是半年的成果。在那次吞服之后，接下来陈子墨将所有药瓶中的解药都积攒下来，就是为了等待某天的到来。陈子墨拿着储物袋来到了易华池面前。 易华池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，不再是之前那般。易华池接过储物袋，脸色不好看，说道：“怎么越来越少？”陈子墨惶恐的说道：“一管事，不是小的松懈，实在是矿洞中的梅花缸越来越少。你放心，我会催促他们加快速度，保证提升目前的水平。”易华池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拿出了药瓶，说道：“你也别压迫的太狠，给他们一点活路，不然的话，他们都被折磨而死，到时谁给你去开凿梅花缸？难道你想亲自动手？”“是是是。” 小的明白，去吧。易华池不满写在了脸上，不过不是因为那些修士身死，而是梅花钢越来越少。陈子墨回到矿脉深处，不仅没有减缓，反而再一次增加了征收的份额。那些修士已经麻木了，如果不是没有自杀的勇气，恐怕早已自杀而死。陈周清都有点看不过去，想要说什么，可无法开口。之前就有多次的交流，但没有任何效果，每次都被陈子墨以各种理由搪塞回来。 陈周青真的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，到时就算身死，恐怕也要偿还这段因果。陈周青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死了还要进入地狱，受尽无尽的磨难。可陈周青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，子墨是不可能听从他的话。唉，陈周青的心情极其复杂。陈子墨来到一处隧洞中，拿出了一柄器具，开始开凿起来。这两年间，他几乎没有怎么动手，可此刻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。 身上的解药积攒还不够，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更多的解药，希望奋力一搏，突破修为，冲破封印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两年的准备，两年的卧薪尝胆，不想功亏一篑，必须带着父亲陈周清平安的回到娘亲白兰身边。陈子墨的信念始终没有丝毫动摇，必须自己亲自动手了。这条隧洞没有哪个修士敢进来，独属于陈子墨一人，每个人都清楚，陈子墨这个煞星，这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，他们躲都来不及。 哪里还敢去触及他的眉头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易华池脸上又绽放出笑容。每次陈子墨提交梅花缸时，总会给他惊喜，数量是越来越多，他的日子自然是好受了起来。脚步声来到，易华池的笑容更甚。他知道来人正是陈子墨。陈子墨来此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转交梅花缸。子墨，这次带来了多少？陈子墨满脸笑色，急忙加快了脚步，将手中的储物袋递上，说道：“一管事，梅花缸都在储物袋内。” 请你过目，易华池急忙接过，见到储物袋中的梅花缸数量，笑容更甚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又有了进步。”说着，拿出了药瓶递给陈子墨，想了想，又拿出了一支药瓶给到陈子墨，说道：“为了奖励你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，这瓶解药奖励给你。”陈子墨急忙接过，说道：“多谢易管事，小的一定加倍努力，不辜负易管事的栽培。”好，去吧。易管事看着陈子墨离开的背影，心中冷冷一笑。 留这么多解药在身上，准备带到地狱去。超过两年半的时间，陈子墨从他这里连他都不记得已经兑换了多少。可是尸虫丹发作，就算是两人，这分量已经可以支撑几十年了。他们还以为能一直在此开挖不成，能一直活下去不成？对于矿脉中的境况，他非常了解。梅花缸的数量已经所剩无几，梅花缸开采完时，就是他们命丧之日。最近，苏庆生已经不再引诱矿奴，矿脉深处的矿奴。 也在日渐减少之中。陈子墨回到了那条隧道内，此处已经被他开挖的一点不剩，再无一滴梅花缸。其他的位置虽然还有，可也所剩无几。接下来再想得到大量的梅花缸，已经是不可能了。此时的陈子墨更加的疯狂，征收的力度更大。如果有任何人敢松懈，将面对他极致的惩罚。陈子墨没有办法，危机就在眼前，必须如此，才能赢得一丝生机，才能带着父亲安全离开矿洞。望着储物袋中的药瓶。 陈子墨在计算着是否足够，是不是立刻开始全部炼化，冲击炼气七层的修为，冲破身上的封印。第三十九章突破修为，意外来临。陈子墨最终还是没有炼化，此时的积攒还是可能有着风险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。梅花钢矿脉，陈子墨估计还能再坚持两个月左右开挖，希望在这段时间内能再积累一些，这样才保险。陈子墨来到其他的隧道，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开凿起来。 众人十分不解，大魔头身上有如此多解药，难道想要提前找死不成？每个修士心中都明镜似的，梅花刚开凿完的那一刻，就是他们生死之时。他们实在不明白，此刻不应该是尽量减缓速度，尽量拖延，还能在这世上再多停留一会吗？你既然这么想找死，为何进来后不立马自尽？为何还要折磨他们？众人对陈子墨的恨远远超过了那个骗他们进来的苏庆生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恨不得食其肉，饮其血。 方能解心头之恨，可陈子墨的实力让他们只有绝望。陈子墨的眼神望来，众修颤抖不已，哪里还敢停留？急忙开凿起来。陈子墨再一次动手，他也在争分夺秒，必须快速开凿出尽可能多的梅花缸兑换解药。族长派往天鹰山脉的族人依然没有任何线索，找了半年了，他们生还的希望极其渺茫。而我们家族这些年是越来越艰难，刘氏那边恐怕是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就算没有。 也要将矛头指向我族。那三间仙宝商铺已经难以为继，特别是族中有些族人莫名其妙失踪，我猜测恐怕是刘氏家族所为。离提出改变家族困境的几项举措，已经过去快三年时间，不仅没有效果不说，处境反而越发艰难。半年前，白氏家族派人过来通知陈氏族长，今后两族不再联姻，唯一的一个联姻的家族也在此刻中断。至于从凡人中寻找资质优良的女子，也没有任何进展。二长老也在慢慢放弃。 至于大长老，自从离开后，再也没有返回家族，一直在寻找灵脉的路上。前段时间更是失去了联系，到现在都无法联系上。他们心中有着不好的预感。陈德松越来越苍老，越来越颓丧，寿元剩下最后两年，两年时间内必须重新再立族长之人选。可到此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家族第三代没有哪个族人能当此大任，第四代更是只有陈子晴一人冒头，其他人都困在了炼气五层，将族长之位。 交给陈子晴，从来不是陈德松的第一人选。可是，三长老再寻找一些日子，就将族人召集回来吧。到时老夫有事宣布。接下来，家族的所有资源向陈子晴倾斜，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其突破炼气七层。是族长。三长老离开后，陈德松颓然地坐在石椅上，两眼无光。矿洞深处，此刻陈子墨将梅花缸全部兑换。不错，虽然越来越少，但你这段时间的努力，我看在眼里，会记住你的表现。 去吧，再接再厉。多谢易管事。陈子墨拿着药瓶转身离开。易华池深邃的看了陈子墨一眼，离开了矿洞，来到洞府内。老大，这是这些日子开凿出来的梅花缸。易华池来到袁文德身旁，将储物袋递上。还能开采多久？老大，新发现的那处位置很快也要开采完，估计最多半个月。嗯，记住，一旦开采完，就将他们全部斩杀。在此处如此之久。 我们也该换位置了。是老大。陈子墨来到隧道内，盘坐下来。储物袋中有着密密麻麻的药瓶，这些都是这些年得到的解药。三年了，本来两年半时已经快要开采完毕，后来又发现了一处新的位置，还有不少梅花缸，延迟了半年之久。陈子墨当时在见到时，内心欣喜不已。这是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，让他有着更充足的准备。这一次，陈子墨知道不能再等了。矿脉中矿奴已经所剩无几。 一支支药瓶被陈子墨拿出，一枚枚解药不断吞服，被那粒种子吸收。时间流逝，丹田中的灵气急剧增加，开始剧烈翻涌。可陈子墨脸色苍白无比，无法运转功法，想要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继续炼化的话，不仅不可能突破，甚至丹田中的灵气无法运转的情况下，丹田要被冲爆。不用易华池等人出手，以丹田自爆而亡。陈子墨陷入绝望，上苍难道不给他一丁点机会？ 准备三年，难道就是这个结果？他不甘心啊！轰！就在此时，丹田中的那粒种子引导着灵气运转开来。陈子墨脸色一喜，终于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最终的希望还在那粒种子身上。如果没有那粒种子，他的命运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陈子墨急忙拿出药瓶，继续吞服丹药。这一次没有任何顾忌，大量的吞服。丹田中的灵气越来越多，快要达到某个极限。储物袋中的药瓶。 是越来越少，陈子墨又一次焦急起来。如果炼化所有的解药依然无法成功的话，又有何用？陈子墨祈祷着，千万不要出现变故，必须成功。拿出药瓶，准备继续炼化。可就在此时，陈子墨感应到有修士正在往着他的方向而来。这处隧道除了他以外，不可能有任何修士敢进入。他父亲陈周清也不会来到这处隧道。而且陈子墨对陈周清极为熟悉，知道来人不可能是他父亲。很快，他就知道了是谁。 易华池，陈子墨绝望不已。现在是突破修为的关键时刻，如果被易华池打扰中断，再无半点希望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陈子墨越来越着急。此刻，陈子墨是多么希望易华池的速度再慢一些，再慢一些。如果能转移方向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可是脚步声却是始终未变，越来越近。陈子墨一狠心，第四十章炼气七层极致折磨。陈子墨将所有的解毒丹。 一股脑的吞入腹中，希望有奇迹出现，加快突破的速度。此刻是在和死神赛跑，如果不能在易华池到来之前突破成功，此生就此结束。中断突破带来的后果，已无可能再冲破封印的束缚，无法恢复修为，拿什么来抵抗？咚咚咚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陈子墨焦急的脸上冷汗直流，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：再快一些，再快一些！可很不幸，直到易华池出现在陈子墨的视线中，依然还没有突破。 但陈子墨感觉已经很近了，再给他一点点时间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易华池见到盘坐在地、微闭着眼的陈子墨，面色一冷，说道：“陈子墨，以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，毕竟那个时候每次都能带给我大量的梅花缸，可是现在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每次带给我多少？还在这里偷懒，看来太过放纵你，已经不知天高地厚。赶紧给我滚过来！”易华池的声音冷漠到极点，可是陈子墨一动不动。 彻底激怒了易华池，怒火升腾，快步来到陈子墨身旁。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你以为自己还是陈氏家族弟子，在我面前连一条狗都不如，敢无视我的命令，今日就要你好看！说着，易华池手中浮现一根皮鞭，皮鞭上到处是倒刺，一旦抽打在身上，可想而知，意志力不坚定者恐怕直接崩溃。见到陈子墨依然无动于衷，此刻易华池脸色阴沉到了极点。 眼神冒出的怒火，快要将这片空间焚塌。呼，扬起皮鞭，重重落下。皮鞭快要落在陈子墨身上时，突然从陈子墨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至极的威势，将要落在他肉身上的皮鞭直接冲飞。啊！一声惨叫声传来。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易华池根本反应不过来，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冲飞的皮鞭此刻不受他的控制，直接抽打在他的脸庞上。极致的疼痛让他无法忍住，惨叫不已。 此刻的易华池脸庞鲜血直流，唰<刷>！更恐怖的是皮鞭没有停止，刺啦划过易华池脸庞，血肉模糊。啊！极致疼痛让易华池的惨叫声甚是恐怖，血肉狰狞的脸庞，眼神中恐惧万分。此刻忍住疼痛，终于反应过来，眼神中有着不可置信之色，居然突破了！在如此环境下，居然还能突破，这还是人吗？陈子墨突破了他的想象，修为被封印，修炼资源被收缴。 此地灵气稀薄，他是怎么办到的？更恐怖的是，陈子墨身上散发的气息让他心悸不已。炼气七层，居然是炼气七层，恐怖万分！易华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逃，只有逃出矿洞深处，回到洞府之中才有生机。可是他刚要动身，只见陈子墨身上爆发的气息更加强大，强大的威势直接将易华池轰飞出去。也就在此刻，微闭双眸的陈子墨双眸睁开。 两道金光一闪而逝，呼、哦，陈子墨呼出一口气，庆幸在最后一刻终于突破修为，晋升炼气七层。在突破修为的刹那间，身上的封印直接被冲破。陈子墨慢慢收敛散发的气息，起身站起，一步步朝着易华池而去。易华池嘴角鲜血直流，恐慌的眼神望着陈子墨，肉身在忍不住颤抖。陈子墨在路过皮鞭时，伸手一抓，掉落在地的皮鞭瞬间出现在陈子墨的手中。 眼神冷漠的，一步步继续朝着易华池而去。易华池忍住剧痛，扑通，应声跪地求饶道：“陈子墨，不，陈前辈，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前辈。前辈看在这三年小的没有为难你的份上，求前辈放小的一马。”易华池的话刚说完，陈子墨的身影也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。呼！可陈子墨无动于衷，扬起皮鞭，重重落下，啪！倒刺皮鞭噼啪声在易华池的肉身上响起。 啊！刷。可陈子墨并没有结束，抽拉皮鞭，皮鞭上的倒刺将易华池身上的血肉一块块带起。啊呀！此刻的易华池不仅是面无血肉狰狞，肉身撕裂的伤口更是恐怖万分，极致的疼痛差点让其昏迷过去。以为就此终止，想得美！啪啪啪啪，惨叫声不断。此刻的易华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希望赶紧了结，不要再遭受这般非人的折磨。陈子墨始终面色冷漠。 眼神中无丝毫的波动，就是这些人奴役他的父亲施崇丹，更是将陈周清折磨得不成人样。还好他及时赶到，不然的话，能不能再坚持都很难说。就是这些人将这里的修士当做畜生一样对待，不比畜生还不如。就是这些人让他困在此地三年，暗无天日。如果不是有那粒种子，他也要受尽施重丹的折磨，最后无法幸免，必将被这些人杀害。积累三年的怨恨，能轻饶这些人？ 不可能！啪啪啪，陈子墨一边又一边落下，但是绝不会让他轻易昏迷，更不会让他快速死去。想要轻轻松松死去，哪有这么便宜？砰！啊！不！陈子墨一脚踢在了易华池的丹田上，丹田直接被踢爆。易华池炼气五层的修为气息在瞬间散去，成为废人。陈子墨将他身上的储物袋拿起，拿出一支药瓶，看着手中的丹药，正是食虫丹。此刻，易华池绝望的眼神。 更是恐惧万分，想要移动身体逃离，可此刻就是肉身也不受他的控制，修为被废，肉身伤势极其极其严重，已经是奄奄一息，想要逃离无疑是在做梦。陈子墨蹲下：“你不是很喜欢给人喂食尸虫丹吗？给你也尝尝。”易华池想要移动肉身，脑袋拼命的摇头，口齿不清的说道：“第四十一章，出手吧，让我瞧瞧是否有资格。”前前前辈刺，小的一死。此刻。 易华池只想快点结束他的性命，不想再遭受如此折磨。这些年，他又不是没有听说过陈子墨如何在矿洞中行事。此人乃是恶魔，栽在他手中，如果能直接被杀，算是极其幸运了。只是陈子墨的眼神依旧是冷漠无比。易华池的嘴巴不受控制张开，易华池拼命的摇头，只可惜徒劳无功。在他恐惧万分的眼神中，尸虫丹进入他的腹中，啊！<laughs> 一声声惨叫声不断传来。 甚是凄厉，在这寂静至极的洞府中，显得极为恐怖。啊呀啊！易华池的声音越来越弱。一炷香后，易华池的声音停止，在他的眼神中有着解脱，有着幸福。此时的易华池已经再无半点气息，在无尽折磨下，从此离开这世间。在其他隧洞，易华池的惨叫声，他们也一样听到了。刚开始不可思议，可越到后面，他们像是想到了什么。众修士随着易华池的惨叫。 跟着一起惊惧不已，那个恶魔居然将易华池给收拾了，已经是无法无天，疯了，一定是疯了。可是他怎么可能是易华池的对手？易华池可是有着炼气五层的修为，而陈子墨修为被封印。可很快，他们就明白了什么。陈子墨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，此刻的陈子墨带给他们沉重的的压力。他居然解除了封印，这是众修心中同时升起的一个念头。见到陈子墨来到，众人下意识退后一步。 子墨，后方一道声音响起。陈子墨回头，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爹，我们可以离开了，孩儿这就带你回到娘亲身边。”来人正是陈周清，在矿洞也只有陈周清能让陈子墨露出笑容。陈周清不可置信的望着陈子墨，陈子墨一次次突破他的想象。子墨，你你解除了封印？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爹，没错，孩儿已经恢复了修为，可以带你离开了。”可，陈周清担忧不已。 袁文德的修为强大至极，就算恢复修为又能如何呢？陈子墨说道：“爹，别担心，孩儿不仅恢复修为，还突破了修为。走，孩儿这就带你离去。”陈周清点点头，见到陈子墨就要离去，他们像是看到了生的曙光。如果陈子墨真的斩杀了袁文德，他们不就有救了吗？可是下一刻，一道法器飞奔来，一道道惨叫声响起，很快所有的修士都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子墨，你。 陈周青见到陈子墨出手，将此地仅剩的一点修士全部斩杀，一时无法接受。陈子墨说道：“爹，此处的事情不能暴露，他们必须死。现在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，走吧。”手中的法器自然是来自易华池的储物袋，而且还是流云刀。没有想到流云刀居然送给了易华池，陈子墨极其兴奋。有了流云刀，对他的实力又是一次加成，对付袁文德将更有把握。来到出口处，陈子墨说道。 你暂时待在这，等孩儿解决袁文德后，再请你出来。”陈周清摇头说道：“子墨，为父虽然实力一般，但至少可以帮上一点忙。”此时，陈周清的修为恢复，陈子墨将其封印破解。陈子墨说道：“爹，你放心，孩儿现在的实力不会有任何危险。”陈周清迟疑问道：“子墨，你现在到底什么修为？”炼气七层。轰！炼气七层四个字在陈周清的耳旁炸响，以为是听错了。 陈周青不可置信的重问道：“子墨，你是说你晋升到炼气七层？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肯定的回答：“爹，你没听错，孩儿确实在不久前突破炼气七层。也正是因为修为突破，冲破了封印，不然的话，孩儿也没有任何办法。炼气七层啊，自己的孩儿居然依靠中品灵根资质，如此年纪就已经突破炼气七层。中品灵根想要突破到炼气后期的希望，不能说没有，可也是微乎其微。更何况……” 矿洞中的环境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也能突破。他是越来越看不懂自己的孩子了，好像自从回到家族后，陈子墨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。陈子墨不敢再耽误时间，以防有变，必须尽快的解决，离开此地。三年了，该回去了。再不会回去，真的怕娘亲白兰出现闪失。按动机关，打开石门，陈子墨走了出去，急忙关上了石门，并毁去了机关。就算机关毁去，修为到了炼气七层。 只要将洞府中的人斩杀，也能将其轰破，释放父亲陈周清出来。一是为了防止父亲陈周清担心于他打开石门出来出现变故；二是为了在对战的时候，其他人进入控制父亲陈周清，以他做要挟，到时恐怕不妙了。你此刻，苏庆生一脸的震惊，不可置信的望着来人陈子墨，居然从矿洞中离开。那只有一种可能，矿洞出事了。可是流云刀划过一道强大的威能，横劈向苏庆生。 苏庆生惊恐不已，这道威能绝对不是他所能抵挡。老大，救命、啊！可他的话刚说完，流云刀发出的威能直接从他的肉身横劈而过，肉身成两截。砰砰，两道落地声响在洞府中响起。盘坐着的袁文德终于睁开双眸，望向苏庆生，再望向陈子墨。没有想到，我居然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这是袁文德说出的第一句话。不过虽然有点吃惊，可没有丝毫的慌张，极其镇定。 本来陈子墨可不想这么便宜了苏庆生，只不过等下要与袁文德交战，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只能先快速解决苏庆生。陈子墨以为袁文德会出手抵挡，可是没有想到无动于衷，对于苏庆生的死亡丝毫没有心绪波动。看来苏庆生等人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他随手可以丢弃的垃圾罢了。陈子墨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别高看自己，你看走眼的时候多了去了，不然这些年为何苟且偷生？” 不直接冲上曹家，袁文德对于陈子墨的话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看来此人的意志力强大至极，不会因为几句话产生动摇之心。出手吧，让我看看是否有这个资格。第四十二章逆鳞不可触。虽然修为突破，可陈子墨依然不敢有丝毫的轻视之心。袁文德为了报仇隐忍二十多年，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炼气六层，难道没有丝毫进步？怎么可能呢？仅凭得到的梅花缸就能兑换大量资源？ 何况他还是一位毒师，有如此多的修炼资源，想要停滞不前都不可能。陈子墨冷冷地说道：“还是你出手吧，我怕出手后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”陈子墨没有率先动手的打算，在没有摸清对方实力前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先发制人，那也是在某种情况下，此处不适用。哈哈！袁文德猖狂大笑，脸色突然变得极其阴冷，说道：“那我成全你，等杀你后。” 再杀你爹，接着前往陈氏家族，不仅要杀你娘，更是要将陈氏家族杀个片甲不留，让你们在阴曹地府团聚，算是对得起你了。死！此刻，陈子墨冷血到极点，袁文德的话彻底激怒了他。父母永远是陈子墨的逆鳞，家族永远是他最后的底线。如果有人敢触犯，杀！强大的威势猛然间中从肉身爆发而出，炼气七层的修为在此刻肆无忌惮猛烈爆发，威势漫天。 弥漫在洞府中，一阵阵强大的波动冲击向岩壁，发出了声声巨响。袁文德见到陈子墨爆发的修为，此刻脸色终于变了。他以为陈子墨就算修为再高，最多不会超过炼气六层，他有着绝对的把握将陈子墨斩杀。可无论如何，没有想到居然是炼气七层，已经是炼气后期的修为。剑气气息不仅没有半点虚浮，反而极为厚重。难道突破炼气后期已经很长时间不成？那为何还甘愿被封印修为？ 沉浮在矿洞三年，袁文德想不通，此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到了生死决战的时刻，轰！气息也从袁文德的肉身彻底爆发。此刻，陈子墨终于知晓了袁文德的修为，炼气七层，而且已经来到了巅峰。流云刀横劈而过，沧浪刀诀第一式波动汹涌，犹如阵阵巨浪，向着袁文德轰击而去。只见袁文德手中出现一尊炉鼎，巴掌大的炉鼎，瞬间有一人大小，横挡在身前。 砰砰砰！一阵阵巨浪般的威能轰击在炉顶上，爆发剧烈的威势。砰！当最后一声响起时，只见袁文德丝毫未动。可是从袁文德的脸上可没有这么轻松，一阵青一阵白。他还是小瞧了陈子墨这道攻击，强大至极。如果不是有炉顶抵挡的话，恐怕很难全部接下来。就算是如此，他也不好受。如果再来几次的话，恐怕不妙。不过他在等，在等机会出现。 陈子墨的怒火没有得到宣泄，必须将袁文德彻底斩杀，才能彻底释放。又是一刀横劈而出，直奔袁文德而去。砰砰砰！五击过后，袁文德终于承受不住，一口鲜血喷在颅顶上，脸色极其苍白。虽然有着练气七层巅峰的修为，可是他并不擅长斗法。可是袁文德的脸上并没有慌张的神色。在袁文德吐血的瞬间，陈子墨施展青云步，快速近身，想要斩杀袁文德。 可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炉鼎进一步放大，横挡在他们两人中间，让陈子墨只能通过轰击炉鼎重创袁文德。砰砰砰！洞府中剧烈的响声不断的响起，爆发的威能是越来越恐怖，洞府都在轻轻的摇晃，并且有越来越剧烈的趋势。再这样下去，可能会崩塌，到时深埋在此。不过陈子墨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些，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将袁文德斩杀在此，绝不能放他逃离，不然的话。 陈氏家族的弟子以后恐怕要面对袁文德无尽的暗杀。陈氏家族可比不上曹氏，应该说远远比不上。曹氏是筑基家族，曹氏族长有着筑基初期的修为。时间越往后，袁文德眼神中越是惊恐。此刻终于不复沉静，因为他发现他期望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。陈子墨一边攻击一边冷冷的说道：“袁文德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这座洞府是不是被你布置了毒气？我爆发的越强。” 吸入的越快，到时发作的越快。你，袁文德不可置信的望着陈子墨，没有想打他的算计，早已在陈子墨的预料之中。此刻终于感受到了死亡危机，袁文德暗道：不行，必须离开，不然的话，此处恐怕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。杀！可陈子墨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？攻击更为猛烈，轰轰轰！一道道强大至极的攻击轰击在炉顶上，袁文德必须全力的控制炉顶，炉顶爆发的威能。 一阵阵传递在其肉身上，噗噗噗！终于，袁文德控制不住，颅顶抛飞出去，一道强大的威能轰击向袁文德。没有了颅顶的抵挡，此刻袁文德的情况，想要完全承受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不过，袁文德并没有放弃，此刻将修为爆发到极致，苍白的脸色，眼神异常坚定。他要活着，活着离开，不能死在此地。轰！一道强大的攻击轰击向陈子墨爆发而来的攻击，砰！ 两道攻击碰撞在一起，一道身影抛飞而出，砰，重重的砸落在洞府岩壁上。在外界，突然出现一道身影，白衣如雪，如九天仙女降临，眼神凝望着面前的山峰。他听到了轻微的响动，好像是从山峰内部散发。眼神迟疑，不过还是在一步步接近，直到来到某处位置，一道道微弱的威能从一处隐秘的位置不断喷发出来。突然，山峰入口呈现在他眼前，威能将掩盖之物冲飞。 他眼神中有着迟疑，要不要潜入其中探查究竟？袁文德眼神中只有绝望，他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可能，陈子墨是不可能放过他。此刻，袁文德陷入疯狂，既然你想我死，我也要让你就算活着，内心也要遭受无尽的折磨。第四十三章意外巧合，陈子墨心中一惊，为了以防有变，急忙出手就要将袁文德彻底斩杀。可也就在此时，袁文德手中出现一物，是一枚丹药。 人的意志像是在渐渐被其所控，无法抵抗。陈子墨也是如此，他知道必须将其斩杀，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已经知道了此物是何物，出手的动作更加迅速。此丹本来是准备给那曹氏贱人，现在便宜你了。一旦散发，没有任何修饰能抵挡。洞府就两人，看你如何抵挡！哈哈。陈子墨的攻击已到，一刀横劈而下。可此刻袁文德手中的丹药爆裂开来，迅速在洞府中弥漫。 砰！在爆裂开来的瞬间，袁文德被一刀劈下，气息断绝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袁文德的眼中有着戏谑，也有着不甘。陈子墨急忙紧闭六十，可根本无用，意志迅速被影响，画面出现恍惚，眼前幻象不断，意志逐渐被影响，无法抵挡。可心中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自己：绝不能，绝不能！想要解决，只有自杀一条路。可就是这唯一的执念，也很快消散。 幻象还在继续，越来越严重。突然浮现一道美丽的倩影，绝美的容颜，如雪的肌肤，一身白衣，如九天仙子，飘落在眼前。这道身影，陈子墨永远无法忘记。罗子轩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两人几乎是同时醒来。啊！一声惊叫声在洞府中响起，快要击穿陈子墨的耳膜。你你，你罗子轩扯着衣物，紧紧的裹住身躯，泪水止不住往下流，绝望到极点。这次来到天鹰山脉。 因为众多传言，天阴山脉中有众多宝物。几年过去，他依然没有突破修为，困在了炼气六层。三年前遇到一个修士在碧云城算命运，他由于好奇向其请教，那修士告诉他，想要突破瓶颈，机缘在三年后的天阴山脉。那个时候，罗子轩不以为意，纯属当做一个笑话。可是前段时间突然流传出天阴山脉中有宝物出现，不少修士从天阴山脉内得到了宝物。 想着那遥遥无期的炼气七层瓶颈，罗子轩突然想到了那个修士的话，此时真的有点相信他的机缘可能真的在天鹰山脉。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偷偷离开碧云城，来到了天鹰山脉，却没有想到却是成为他的噩梦。不过那个修士的话倒是真的，他已经突破瓶颈，修为晋升炼气七层。可罗子轩高兴不起来，如果早知道需要付出如此代价，他宁愿终生不突破。突然闯入洞府，意志就被影响，醒来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。 已经不是纯洁的自己，罗子轩越想越绝望，一股屈辱感渐渐充斥他的脑海，占据他的内心。心中只有一股念头：杀死眼前人，再自尽。陈子墨明显感受到罗子轩的心境波动，那还了得？罗仙子，那不是陈某的本意，都是袁文德的欲情丹才造成。不过，我陈子墨在此发誓，绝对对此事负责，对你负责。虽然陈氏家族此刻无法与碧云城相比，可是我陈子墨发誓，等陈氏超过碧云城时。 一定会奉上厚礼，让天下皆知，明媒正娶，迎娶你入尘世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如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罗子轩抬起头，美艳的脸庞极其冷漠，说道：“就凭你尘世，拿什么超过碧云城？”陈子墨修为散发，眼神坚定，说道：“就凭我中品灵根，在没有修炼资源的情况下，在此年纪依然突破到炼气七层。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必然能突破筑基期，甚至将来突破金丹期。”罗子轩眼神终于发生变化。 此刻才发现，陈子墨的修为居然已经是炼气七层。对于陈子墨，他当然了解，对于他的灵根也有听说。罗子轩的脸上还挂着泪痕，看起来楚楚可怜，我见犹怜。没有回应，罗子轩准备整理衣物。陈子墨急忙扭头。罗子轩穿戴好衣物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最终还是没有动手。罗子轩也知道，就算想出手，也不可能是陈子墨的对手。我陈子墨的承诺，终生有效。罗子轩。 你等着我！身处在山缝中的罗子轩听到这话，脚步突然停止，可很快加快了速度，消失在山缝中。陈子墨没有阻止，他也知道阻止不了。不过他的誓言，绝望半点掺假，此生绝不辜负，更不会让他再受到任何伤害。陈子墨穿戴好，将袁文德两人的储物袋拿起，并收起了那尊炉鼎，来到石门处，气势轰然爆发，轰击在石门上，石门瞬间爆裂开来。子墨，你怎么样了？ 陈周青十分着急，见到陈子墨无恙，算是放心下来，不过还是非常担心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爹，孩儿无事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”突然，陈子墨想到了什么，急忙拿出袁文德的储物袋，寻找着什么。很快，一粒丹药出现在陈子墨的手中，递给陈周青，说道：“爹，此乃失虫丹的解药，你赶紧服下，以后再也不用服用缓解药物。”陈周青急忙接过，一桩心事了结。不然的话，如果失虫丹缓解药物耗尽， 他可不想见到白兰，因为他尸虫丹发作痛苦的场面。陈周青当场服下，没有多久，身体内的尸虫丹毒性彻底清除，浑身舒坦。爹，在石门后方可听到洞府中的动静？陈子墨随意问道。陈周青摇摇头，说道：“石门完全隔绝，不过有着轻微的晃动，我知道你们肯定在交手。”陈子墨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爹，我们回去吧，三年了，也不知道娘亲如何了。”陈周青点点头。 脸上有着喜色，他从未想过还有重见天日那一天，还能再见到妻子白兰。爹，你等等。说着，陈子墨拿出火焰符，将袁文德两人的尸体化为飞灰，再进入矿洞深处一并处理完毕。两人迅速离开了洞府，从山缝中离开。第四十四章，族长人选。刺眼的光线却是如此美好。子墨，将这处山缝毁了吧。可陈子墨摇摇,摇头，里面可是，重新将其掩盖。 无任何痕迹后，两人直奔家族而去。虽然陈周清不理解，不过也没有多说。两人在天阴山脉中穿梭，可让陈子墨两人惊奇的是，居然多出了不少修士的身影。不过两人没有去追寻缘由，只要他们不来招惹，就不会去理会。此刻的两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急迫想要回到家族。族长，天阴山脉越来越乱，恐怕就此下去，说不定有着危机。越来越多的修士涌入天阴山脉，很有可能激怒天阴山脉中妖兽。 一旦激起妖兽的反击，他们陈氏家族将首当其冲，以目前的阵法很难抵挡。陈德松是越来越苍老，一股腐朽的气息在身上散发。本来还能坚持一年，可现在来看，再坚持半年都已经非常艰难。可到目前为止，依然没有明确下一任族长的人选，脸色颓然。陈德松说道：“三长老，可有大长老的消息？大长老陈周延失去联系，已经很长时间，家族之人对其十分担忧。” 可是不知该从何处寻找，家族本来就不多的炼气后期修士，恐怕要损失一人。何况他走了之后，如果大长老还在的话，至少还有一个顶梁柱，能稳住族中的修士。陈周生摇摇头，脸色黯然，说道：“族长，家族已经派人前往大长老最后联系时出现的区域，可依然没有任何线索。甚至最近派出的族人也失去了联系。我猜测，肯定是有人在暗处谋划。大长老等族长，恐怕都遭到了对方的毒手。” 就是最近天阴山脉突然出现宝物的传言，恐怕也是出自暗中人之手，而最大的可能就是一直对我族虎视眈眈的刘氏家族。听说刘氏二长老刘屯前不久突破炼气九层，而刘氏族长两年前也消失在众人视线中，应该是在闭关为突破筑基做准备。陈德松叹了一口气，久久没有出声。族长已经不能再等了，下一任族长人选要开始物色了。陈德松正要说话，洞府外有声音响起，走进来几人，正是其他几位长老。 族长，众人叫道。陈德松说道：“你们来的正好，三长老刚刚提到新任族长的问题，你们心目中的人选是谁？”二长老陈周立说道：“族长，三代族人中，我们极其惭愧，无一人堪当大任。五代族人年纪尚幼，只能从四代族人入选。而四代族人中，资质最好的几个族人，我选择子人。不管是天赋，还是从平时的表现，应该能胜任此位。”三长老摇头说道：“二长老，子人确实不错。” 可是还差一些，子瑜那孩子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可是其他的长老依然是不同意。六长老说道：“其实最合适的还是子晴，虽然她是女儿身，可是谁说就不能担任族长，带领家族走出困境？这几年你们也看到，子晴一直在全身心修炼，不断提升修为，也是目前唯二突破练气六层的族人，更是在为突破练气七层而努力。我们应该放下成见，选择子晴，没有错。”见众长老都没有提子晴的名字，陈周九没有选择随大流。 家族目前的处境，选择那几个练气五层的弟子作为未来的族长，而且很快就要接任此位，家族更没有希望。六长老，你说的倒是没有问题，可不是我们不同意，而是子晴的性格太过柔软，不适合成为族长，带领族人走出困境。子晴倒是可以担任长老，如果大长老真的不幸遇难，这个位置就交给子晴吧。其他长老也是差不多的意见，算是一种权衡。陈周九内心一叹，看来他们还是没有放下成见。家族都到了这份上。 还考虑什么男女？这不是在自找死路吗？陈周九也不再多说，在场的修士，不管是修为还是身份地位，都在他之上，他的话自然没有多少分量。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族长陈德松。陈周九望向陈德松，其他长老也在此刻纷纷望着族长：“你心目中的人选是哪个？”陈德松想到了一个身影，可是那个身影已经没有任何音讯。陈德松正要开口，洞府外传来了焦急叫喊声，石门打开。 一道人影匆匆而来，二长老皱眉说道：“子仁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”他本来还推荐陈子仁担任下一任族长，可是如此表现，实在是让他的脸面无光。子仁说道：“二长老，侄儿知罪，侄儿有要事禀报。”望向陈德松，急忙说道：“族长，周青表叔父和子墨表弟返回了家族。”陈德松蹭的站起，脸露狂喜，没有想到那个不可能再回来的身影，居然在最关键的时刻。 回到了家族，急忙说道：“快将子墨请来，不是叫来，而是使用了请字。”子仁眼神犹豫，说道：“族长，此刻请子墨表弟过来，恐怕有点难。子墨表弟已经去他娘亲洞府了。白兰的事情，家族之人都知晓，此刻母子俩团聚，实在有点不合适。”二长老怒道：“族长有请，这乃是家族最重要的大事，其他事情还有这重要？啰嗦什么？赶紧去！”陈德松这才反应过来，说道：“二长老。” 不必了，子仁，你去通知子墨，明日来老夫洞府一趟。是，族长，侄孙告退。陈子仁胆战心惊，二长老今日是怎么了？对他横眉冷对，左右都不是，之前可不是这样，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他都快不认识了。见到陈子仁逃窜般离开洞府，二长老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说道：“我收回刚才的话，子仁确实不适合担任族长大位。”刚走出洞府的陈子仁正好听到此话，一个踉跄。原来如此。 组长，你心目中的人选是？此刻的陈德松再无之前的颓废，说道：“组长人选之事，老夫还没有想好，过几日再商议。第45章”第四十五章收获巨大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过也不好再多说。见到陈子墨两人的白兰泪眼婆娑，泣不成声。陈子墨见到娘亲，三年间居然苍老如此之快，心痛不已。他知道，都是因为担忧思念他和父亲陈周清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娘。” 以后孩儿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。白兰拉着陈子墨的手，始终没有放开。眼前像是一场梦，希望这场梦永远不要醒。白兰说道：“孩子，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”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娘，孩儿过得很好，不信你问爹。”白兰怀疑的眼神。一旁的陈周青看着白兰和陈子墨。陈子墨来到矿洞后，虽然失去了自由之身，可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，反而是那些修士因为陈子墨的到来受尽折磨。 陈周青说道：“娘子，子墨没有说谎，他确实过得比较好。娘，你听到了吧？你也了解爹，他可不是一个会说谎之人。”三人久别重逢，有着说不完的话，直到陈子墨离去，白兰依然感觉像是一场梦。夫君，这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三人重逢都没有提及三年间发生的事。陈子墨走后，白兰才出声询问。其实也没什么，过去就让他过去吧。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就好。其实还有一件事。 没有告诉你，子墨他已经突破炼气七层，成为炼气后期修士。白兰张大着嘴巴，陷入呆滞。炼气七层，在他眼中不可想象的事情，居然从自己的夫君口中说出。夫君，你不是为了安慰我，故意这么说吧？陈周青笑着说道：“娘子，难道你对我还不了解？子墨的确突破炼气七层。”直到此刻，白兰才相信陈周青的话，眼泪又要忍不住流下。不过这是幸福的泪水，这是他的孩子。 也能成为炼气后期修士。子墨表弟，你来的正好。本来我要去找你，族长通知，明日前往族长洞府，族长有事找你。在返回洞府的路上，刚好遇到了陈子仁。陈子墨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子仁表兄，正好我也有事要找族长，不知道族长现在可有时间？”陈子墨本来是打算今日调整一番，明日再前往。此刻正好遇见族长也要找他，顺道就去吧。陈子仁迟疑，本来族长的意思就是让陈子墨立刻前去。 只不过因为刚回到家族，要与白兰相见，才改在明日。可是，陈子墨说道：“是不是有不便？那我明日再前往。”陈子仁说道：“子墨表弟本来是没有问题，可是今日不巧，家族几位长老正在族长洞府商议下一任族长之事，所以。”陈子墨说道：“不要紧，那我明日再前往。”子仁表兄，要不要去我洞府聚一会？陈子仁有点意愿，不过还是说道：“子墨表弟，你刚返回家族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” 何况你也知道，我还要守卫绿桃峰，改日再聚。陈子墨点点头，两人分开。陈子墨回到洞府中，盘坐下来，先是梳理自身修为，突破炼气七层后，还没有好好的感受。那是丹田，那粒种子好像又大了一些。更明显的变化是，突破炼气后期后，丹田明显大了一圈，能容纳的灵气自然增加很多。突破炼气七层，终于有了一些自保实力，不是随便哪个修士都能欺负了。陈子墨握了握拳头，浑身充满强大的力量。 眼眸中更加的自信，这是实力带来的改变。不过想到脑海中的那道身影，实力还不够，必须尽快突破筑基期，将那道身影迎入尘世。陈子墨拿出了几只储物袋，都是从那洞府中获得。对袁文德的储物袋，之前寻找解药时看了一眼，极其兴奋。袁文德的储物袋乃是一只高阶储物袋，内部空间巨大。陈子墨的储物袋与之相比，内部空间至少小了十倍。有了这只储物袋，以后很多事情。 就方便很多。储物袋中，陈子墨大致估算了一下，大概有五万枚左右的灵石，都是袁文德这些年的积累，恐怕大部分是出自那座矿洞之中，通过梅花缸兑换得来。现在都便宜了陈子墨。除了灵石外，还有各种灵药，当然毒药更多。身为毒师的袁文德身上有着众多的毒药，不足为奇。当然，毒师与炼丹,丹师其实没有多少区别，只不过在修士的眼中，两者的地位却是天差万别。 毒师可谓是人人喊打，希望他们不得好死。还有一部分梅花缸，估计是还未拿出去兑换，也便宜了陈子墨。陈子墨的视线一向一物，出现在手中一顶炉顶，仔细感应，居然是一顶下品灵器。陈子墨脸露狂喜，下品灵器啊！在陈氏家族内，陈子墨都没有听说过家族还有下品灵器。在陈氏老祖在世时，听说是有一件，不过早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现在他手中有着一件灵器，还是炉顶。 价值连城，此件炉鼎，陈子墨有着自己的打算，不会将其交给家族。陈子墨灵根四种属性，以木属性为主，火次之，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希望能成为一名炼丹师。可是家族资源有限，从未涉足。现在身上有着资源，而且随着实力的提升，相信资源会越来越多。更关键是，丹药在修士的修炼道路上不可或缺。如果能成为炼丹师的话，对自身的修为也是极其有益。再加上丹田中的那粒种子。 丹药对其效果更佳，让陈子墨更是下定决心尝试炼丹。在袁文德的储物袋中，还有一些功法，其他杂七杂八之物，陈子墨一一整理，足足花费了两个时辰之久，终于整理完毕。灵石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三枚，望着这些灵石，家族目前的困境应该能得到些许的缓解，至少能喘口气。其他储物袋没有多少像样的宝物。不知不觉，第二日到来。第四十六章催婚。陈子墨一大早。 来到了父母洞府，将一只储物袋交给陈周青，说道：“爹娘，储物袋内有一些修炼资源，今后你们什么都别再去管，全身心修炼。虽然他们两人已经很难再提升，可陈子墨还是希望父母能尽可能突破，提供足够的修炼资源，希望有一日说不定突破到筑基期，延长寿元。虽然希望极其极其渺茫，但这也是陈子墨唯一能做的。寿元永远是修士仙途中最大的拦路虎，没有之一。” 不断突破修为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。陈周青摇摇头说道：“子墨，为父知道是你的一片孝心，可我和你娘都十分清楚，此生不可能再突破。家族目前困境应该交给更需要的人。”白兰也说道：“孩子，收起来吧，你比我们更需要。在接下来的日子，为娘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你平平安安就好。还有，你也到了适婚的年龄，该考虑自己的道理了。”第四代族人已经有一些族人有了后代，白兰也期盼着。 陈子墨结婚生子，他也能颐养天年。陈子墨将储物袋直接塞入陈周青的手中，说道：“爹，这些灵石你们拿着便是。这点资源对家族来说杯水车薪，根本无法解决任何事情。这些资源属于孩儿的，孩儿有权去处理。何况绝大部分资源我都会兑换给家族，你们放心拿着。你们也要相信孩儿，这些资源绝对不是终点。这”这陈周青不知该怎么办。陈子墨望向白兰，说道：“娘，婚姻大事。” 孩儿已经在考虑，不用为孩儿担心。在陈子墨的脑海中，一直有着一道身影。等到他筑基的那一天，就是迎娶他入尘世之日。白兰知道陈子墨在安慰他，试探着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的灵根不佳，也怪为娘和夫君，是我们的原因造成。”陈子墨摇摇头，想要开口，白兰接着出声说道：“不过如今你是家族第一位突破炼气七层的族人，修炼天赋不差任何人，甚至他们远不及你。子晴的修炼天赋也不差。” 而且子晴不可能外嫁。子墨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三年间不知道有多少个家族踏破我们尘世门槛，想要迎娶子晴，但被族长拒绝。而子墨，你的修炼天赋与子晴最为搭配，如果向族长开口，相信族长有很大的几率同意此事。只要族长同意，子晴也必须认同。孩子，如果你不好意思开口的话，由我们向族长提出此事。孩子，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啊！这是绝好的机会。子晴可是一个好孩子。 不仅修炼天赋高，而且善解人意、温柔贤惠。要是在以前，我们想都不敢想。夫君，你说是不是？陈舟轻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昨晚他们俩一直在商议此事，希望能迎娶陈子晴入门。只要族长点头，此事绝对成型。一旦族长知晓陈子墨突破炼气后期的消息，在寿元为数不多的日子里，不可能不答应，反而会乐得其见。陈子墨苦笑不已，爹娘居然在打陈子晴的主意。虽然陈子晴表面上对他笑脸相迎。 客客气气，可陈子墨知道陈子琴骨子里高傲的很，一般人绝对入不了他的眼，对他更是不会有任何兴趣。陈子墨说道：“爹娘，婚姻之事对孩儿来说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，突破筑基期才是头等大事，这样也能将困境中的家族带出泥潭。孩儿答应你们，孩儿的道侣一定不会比子琴表姐差。一旦孩儿突破筑基，到时还难吗？爹娘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白兰没有被说动，劝解道：“孩子，虽然你突破练气后期，” 可是筑基之难，可能你有所不知，咱们还是把握好当下，才是最终正确的决定。子晴那孩子，为娘看着长大，绝对是最好的道侣之选。陈子墨知道，想要说服娘亲白兰是没有可能。不过，陈子墨也理解，娘亲想要提升修为，几率微乎其微。接下来的岁月，恐怕也只有这一个心愿了。以后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上面。陈子墨内心愁苦不已，恐怕每次来到爹娘洞府，都要唠叨此事。更关键是，搞不好爹娘。 真的会前往绿桃峰向族长提及此事。陈子墨对于父亲陈周青倒是不怎么担心，应该不会拉下这个脸。可是娘亲白兰可就说不定了。就算父亲不愿意，也会被娘亲白兰软磨硬泡，架不住会答应。陈子墨不想再探讨此事，说道：“娘亲，今日族长通知孩儿前往他洞府，孩儿先过去了。”陈子墨离开后，陈周青说道：“娘子，我就说了，子墨不可能会答应。他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修炼上，怎么可能会结婚生子？” 白兰确实很满意，说道：“夫君，只要咱们多劝说几回，孩子就会松动。难道你不希望子晴成为咱家儿媳？”陈周青摇摇头，说道：“陈氏家族哪位族人不希望子晴？要是能成为咱家儿媳，那是我们这一脉烧了高香。”白兰兴致很高，说道：“所以啊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这是改变我们这一脉灵根最好的机会。子晴能成为咱们这一脉的儿媳，之前我是连做梦都不敢想。现在机会出现，如果不能把握的话，” 以后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孩子现在不理解，你可不能跟着一起犯糊涂，绝对要坚定和我站在一起。过些日子，如果孩子还没有松口的话，你必须去族长那里一趟。陈周青点了点头。可是陈周青知道，想要改变陈子墨太难太难。矿洞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没有与白兰提及，如果他知道的话，恐怕要改变现在的看法。不过对于陈子晴非常满意，如果能成功，自然极好。什么练气七层第四十七章。 陈氏第四任族长陈子墨来到陈德松洞府后，将他突破炼气七层修为之事直接相告。此刻，炼气七层的修为在陈德松面前展露无遗。陈德松一脸的震惊，不可置信。这几年，陈子墨次次突破他的想象。消失三年再相见，已经是炼气后期的修为。在陈氏家族，除了他以外，陈子墨的修为已经与那几位长老平起平坐了。而且，以陈子墨的年纪，炼气七层绝不是他的终点。 陈德松久久无法平静。子墨，你突破修为的事情还有哪些人知晓？陈子墨如实回答：“族长，还有侄孙的爹娘。其实还有一人，陈子墨没有告知碧云城罗子轩。洞府发生的事情，不想告知给任何人。就算以后将罗子轩迎娶入陈氏，发生在洞府的事情永远是两人间的秘密。”陈德松松了一口气。如果陈子墨的修为被众人知晓的话，被有些势力得知，恐怕要不太平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。” 突破炼气七层的事情，暂时不要再和其他人提及。不过，再封印炼气四层的修为已经有点不合适，以后将修为封印在炼气六层吧，这样也显得不那么突兀。何况，你修为炼气六层的事情，老夫在之前已经告知了几位长老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侄孙听从族长吩咐。”说着，陈子墨拿出了几只储物袋，说道：“族长，储物袋中有些资源是侄孙这三年所得，转交给家族，希望能给家族一点帮助。” 陈德松没有立刻接过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上次你就已经拿出一大笔修炼资源，这一次家族怎么可能再接下？何况你现在比任何人都需要修炼资源，直接留在身上便可。只有你快速突破修为，才能给家族带来更大的帮助。”陈子墨坚持将储物袋递给陈德松，说道：“族长，你放心，侄孙还有一些修炼资源，不用担心。现在是家族最困难的时刻，侄孙也想为家族分担一些。相信其他族人也是一样，如果有多余的修炼资源。” 也会交给家族，让家族走出困境。家族强大，也能为自己提供强大的帮助。陈德松越看陈子墨越是满意，如此心性的族人，绝对是家族的栋梁，更是家族的幸事。陈德松没有再推脱，接过储物袋，望向储物袋中的宝物，一脸的呆滞，实在不可置信。储物袋中的修炼资源震撼至极，说道：“子墨，这些资源依然兑换成贡献点，虽然现在家族无法兑现，不过以后家族走出了困境，还是要偿还。”族长。 陈德松阻止了陈子墨出声，说道：“子墨，老夫知晓你的意思，可是你也要清楚，虽然家族目前处于困境，可有些规矩不能改。家族每个族人除了每月规定领取的修炼资源外，想要获得资源，就要靠自己去获取，族人才不会懈怠，养成张手就来的习惯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族长这话确实有道理。一个家族只知道索取而不付出的话，家族必然会出现问题。子墨，如果有一天将族长之位交给你，你有没有信心？ 带领家族走出困境，甚至恢复往日盛景。陈氏老祖在世时是何等的风光，那个时候一顺百顺。陈德松做梦都想恢复到那段岁月，他是无法实现了，反而是越来越糟糕。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后辈族人身上，而唯一让他看到希望的人就是眼前的陈子墨。陈子墨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有点不知所措，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成为家族族长。不过，族长如果需要的话，为家族侄孙赴汤蹈火。 在所不惜。好，陈德松就等着陈子墨这句话，拿出传音符。很快，几位家族长老来到了族长洞府。除了大长老外，其他五位长老悉数到场。不过，除了族长还有五位长老外，还有两人，陈子墨与陈子晴。陈子晴见到陈子墨时也有些意外，陈子墨回来的消息他并没有关注，所以并不知晓。不过见到陈子墨平安无事，很是欣喜。陈德松说道：“诸位长老。” 昨日商讨下一任族长之事，没有讨论出结果。今日咱们再议。老夫昨日没有给意见，昨晚思虑良久，觉得子墨和子晴也是人选之一，所以今日把他们也叫来，听听你们的意见时，也问询他们的建议。五位长老知晓，虽然族长没有否定其他几位四代族人，可是陈子墨和陈子晴出现在此，已经表明了态度。今日来此商议，不过是从这两人中选择一位作为陈氏家族第四任族长。既然知晓了族长的心思，五位长老也没有唱反调。 二长老说道：“族长，我昨晚也一直在考虑，最后觉得还是子晴合适。一是子晴的修炼天赋最高，二是他也是第四代族人中修为最高的族人。虽然他知晓陈子墨也突破练气六层，可陈子墨的灵根，就算给他三年时间，相信增长不了多少。可陈子晴已经快要练气六层巅峰，只要家族的修炼资源继续向着陈子晴倾斜，相信不用多久就能积累到练气六层巅峰，冲击练气七层。”陈子晴脸色如常。 仿佛没有任何心绪波动。别看他对族长之位好像没有任何企图，可是家族之人都明白，虽然陈子晴是一位女子，可第四任族长之位非她莫属。陈子晴仿佛已经早已适应，只是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。陈子晴恭敬的说道：“多谢二长老，可是子晴惶恐，怕辜负了家族的信任。”二长老笑着说道：“子晴不用有任何负担，刚开始可能有点不适应，不过不是还有我们这帮老家伙协助吗？等过了这段时间，很快就会顺手。” 二长老望向陈德松，说道：“族长，我推荐子晴作为家族第四任族长。第48章”第四十八章炼气七层带来的震撼。陈德松只是点点头，表示知晓，没有做其他回应。望向另外四人，三长老说道：“族长虽……不过看了一眼陈子晴，说道：我也认为子晴合适成为下一任族长。”四长老陈周武没有其他意见，也随波逐流。现在已经有三位实权长老同意，除去杳无音信的大长老。 其实已经过了半数，陈子晴成为族长，就算他们心中不同意，可已经成为定局，何必再去得罪呢？虽然家族相对团结，可还是有着自身的利益。五长老陈周却也没有表示其他的意见，认同了陈子晴。陈子晴的脸色始终无丝毫变化，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家族的困境也只有他才能实现逆转，带着家族走出困境，甚至重现荣光。陈子墨在一旁静静的听着他们的意见，对此没有发表任何看法。 轮到最后一位长老陈周九说道：“族长，昨日我就已经表达了意见，家族交给子晴是唯一的选择。”陈周立几人对于陈周九的话有点不喜，不过都没有表现在脸上。陈德松最后望向了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是什么意见？”陈子墨恭敬地说道：“侄孙一切听从族长的决定。”陈德松点点头，望向陈子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你呢？”陈子晴说道：“族长。” 如果家族有合适的人选，子晴绝对不会相争。可是家族如今的境况已经迫在眉睫，必须需要一位族人带领家族走出逆境。如果子晴能成为下一任族长，子晴就算是赴汤蹈火，也会竭尽所能为家族、为族人争取希望。对于陈子晴的话，不管是五位长老还是陈德松都非常满意。看来他们之前还是小看了陈子晴，虽然是女子，可也有着一副男子都没有的气魄。如果不是陈子墨的横空出世，陈德松不会有任何犹豫。 说道：“其实家族除了子晴以外，还有一人可以供大家参考。”陈德松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那人便是子墨。”几位长老都比较意外。虽然陈子墨也突破到练气六层，可他的灵根资质摆在那，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。一位连练气后期都无法突破的族人，何德何能能成为家族下一任族长？恐怕族人也不会信服他。一位无法服众的族长，可想而知，对家族来说是多么大的灾难。虽然每个族人都不应该被歧视。 都有机会成为族长人选，可族长之位不是儿戏，他关乎着一个家族的兴衰，必须极其慎重。陈德松的话让他们出乎意料。二长老陈周立说道：“族长，族长之位可要慎重啊！子墨能成为第四代族人中第一个突破炼气六层的族人，确实极其优秀。可子墨毕竟是中品灵根，突破炼气后期的希望微乎其微。族长之位，关于家族生死，不能草率。”望向陈子墨说道：“子墨。” 老夫并不是针对你，而是为了家族，你不要有误解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二长老，子墨明白，不用解释。”陈周立对陈子墨的反应还是比较欣慰，他确实没有贬低或者针对陈子墨的意思，而是为了家族考虑。他不想看到家族分崩离析，最后被他族蚕食的命运。其他几人的看法也是如此。陈子晴望着陈子墨处变不惊的眼神，让他有点疑惑，不过没有多说。 陈子晴在猜测，族长将陈子墨叫到此处参加此次商议族长大事，是因为他突破炼气六层，给他一次机会，让陈子墨释怀，没有芥蒂，以后更能帮助家族辅佐于他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其实你们说的这些问题，老夫何尝不知道，可根本不是问题。”望向陈子墨说道：“子墨，解开封印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运转无声无息诀，封印解开，炼气七层的气息从身上轰然爆发开来。 陈周立等人不可置信的望着陈子墨，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陈子墨是炼气七层的修为，那之前所有的推辞不复存在，除了震惊还是震惊。炼气七层带给他们的震撼，将他们所有的信念摧毁。中品灵根的资质突破了他们固有的观念，仅仅只是三年时间，陈子墨就突破一道巨大的瓶颈。要知道，炼气六层与炼气七层之间虽然只是一层修为，可是却是天差地别，拦住了多少修士。 子墨从炼气四层开始，家族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资源，完全依靠自己将修为提升到炼气七层。反而是子墨在这些年里为家族带来了大量的资源。你们看，说着，陈德松将几只储物袋拿出，递给了陈周立几人。陈周立看过后，久久沉默不语。上次陈子墨将不少资源兑换给家族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知晓。这一次储物袋中的资源给他们带来的冲击更具震撼。对啊，除了前期。 后面提升修为，除了灵池外，就算是灵池，也是陈子墨付出所得，没有依靠家族任何修炼资源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依然突破炼气七层，难道还要将他排除在外？众长老心中暗道，他们已经无法看清陈子墨，接下来还会不会给他们带来惊喜？就算是现在，除了长辈的身份，修为已经与他们相当了。从其散发的气息来看，比他们还要浑厚。陈子晴呆滞的望着陈子墨，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表弟，炼气五层以后，每次都压他一头。 现在更是将他甩开了一段距离，更关键是，他可是一直耗费家族的资源在提升修为，到目前为止还未给家族带来任何帮助。就是家族的一些限制条件，对他来说也是敞开方便之门，没有任何约束。好像从修炼开始，还没有接过一件家族任务。陈子晴已经在自我怀疑。第四十九章，成为少族长可意外措手不及。陈德松望向子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在老夫眼中，你很优秀。” 四代族人灵根资质，无一人与你相比。可族长之位，并不是单纯比拼灵根。目前的困局，需要一位族人带领家族走出困境。老夫心目中的人选，除了你之外，子墨也是其中一位。在知晓子墨突破炼气七层后，在老夫为数不多的日子里，今日将此事确认下来。子墨成为族长唯一候选者，没有之一。子清，希望你不要有芥蒂。陈子晴眼神突然黯淡，已经不可改变的事情急转直变，换做任何人都不可能镇定自若。 不过，陈子晴很快恢复，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族长，你放心，子晴不会有芥蒂，更不会对家族生怀怨恨之心。”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恭喜子晴一定全力护持你成为族长，希望少族长能带领家族走出困境，恢复荣光。”多谢子晴表姐，我一定会尽自己所能，绝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陈子墨没有推让，如果真的选择他，他会义不容辞。父母、家族就是他的全部。 他希望家族强大，更希望带领家族走向强大。好，陈德松笑容满面。家族虽然日渐式微，可是族人却是让他看到希望。族人团结比什么都重要，这也是陈德松在族长位置这些年唯一值得欣慰之事。也没有询问五位长老的意见，说道：“从今日起，子墨成为少族长。等老夫先逝后，接任族长之位，成为我陈氏家族第四任族长。”少族长，在场几人异口同声地叫道。 陈子墨感觉像是在做梦。对于族长之位，他是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能成为族长，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之事，也是极其荣耀之事。可是，更多的是责任，是担当。对陈子墨来说，族长两字只是一种称谓，如何带领家族走出困境，走向强盛，才是他接下来思考的事情。一时之间，陈子墨的头脑很乱，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。当然，陈子墨知道，想要带领家族走出困境。 必须要强大的修为，修为才是重中之重。但族长不单单是自己提升，族人强大才是真的强大。如果有一天他寿元大限来到，或者出现意外，不就又回到现在的处境吗？陈子墨当然不希望这一幕的出现，不过现在想这些还为时尚早，还是如何提升自身修为，如何一点点改变家族的现状要紧。陈子墨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我陈子墨在此发誓，绝不辜负家族的期望，为家族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。” 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一步一步来。家族想要走出困境，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需要族人共同努力，需要带带族人逐步完成。再过一两年，子墨你也快三十了，何况最多不超过半年，你就要成为家族族长，不可能再是一个人，需要一位道侣成为你坚实的后盾。今日趁此，正好双喜临门，将你的婚事确定下来。你和子晴在家族来说绝对是天作之合，老夫在此许婚，你与子晴在三月后结成连理，成为道侣。 陈子墨呆滞在那，此事组长没有与他有任何的商议，突然提出此事，让他如何答复？难道拒绝？可组长的命令在陈氏家族一言九鼎，不可能违抗。但他心目中已经有了人选，而他已经发下重誓，绝对不能辜负。两者之间，陈子墨很是为难。陈子晴也对突如其来的组长决定一时蒙圈，可是组长已经开口，他也只能顺从，不可改变。没有想到，没有成为组长，反而成为组长道侣。 望向陈子墨，此前他从未想过这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族表弟会成为他的夫君。不过现在的陈子墨，不管是身份还是修为，完全配得上他。陈子晴的意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好，好，族长赐婚，真乃双喜临门。少族长和子晴绝对是天作之合，相信两人的后代绝对是我族未来的希望。陈子晴灵根在陈氏家族最好，陈子墨虽然灵根不佳，可是修炼天赋却是没有受到多少影响。 说不定两人的结合诞生的后代修炼资质极佳，他们已经在期待了。陈子晴脸上露出一抹红晕。陈子墨见到陈子晴的样子，暗道：糟糕，看来陈子晴已经认同了族长的话。如果陈子晴反对的话，可能还有一丝的转机。可现在他该怎么办？陈子墨苦恼不已。罗子轩的事情，他暂时还不想告知于众人。就算说出，他们也不可能会相信。陈氏家族与碧云城的实力相差太过巨大。 就算是罗子轩真的对陈子墨有意，碧云城城主也绝不会同意。可能答应族长吗？陈子墨绝对不能辜负罗子轩。看着陈子晴，如果开口，恐怕会对他有着不轻的伤害。家族第四代族人中，哪位族人不想将陈子晴娶进门，成为自己的道侣？可又不能不说。渐渐，众人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。陈子晴期望的眼神开始显得暗淡。难道子墨看不上自己？陈子晴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。” 你倒是说一句话。陈子墨眼神最终变得坚定，说道：“族长，子墨心中有意中人。”轰！几位长老不可置信的望着陈子墨。陈子晴容貌出众，可谓是倾国倾城，修炼天赋绝佳，如此绝佳的道侣，他居然放弃。陈德松面色不变，说道：“子墨，娶子晴过门后，又不是不让你不再娶，多多繁衍后代，家族也正需要。子晴，你没有意见吧？”族长，我……陈子晴当然不同意。 他希望自己的道侣忠于他一人，他也是一样，不希望有其他人与他一起共享。可族长不容置疑的眼神。第五十章：家族强盛路从此项开始。陈子晴忍住泪水流下，十分委屈，说道：“族长，子晴不敢有意见。”族长，子墨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此事就此决定。接下来商议最近天阴山脉发生的事。陈德松怕陈子墨不知晓天阴山脉的事情，将事情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，说道。 如果进入天阴山脉的修士越来越多的话，恐怕真的会引起妖兽暴动，我族将首当其冲。我们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，防范未然。陈子墨暂时忘记刚才的事，只要还没有成型，就还有着机会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难道真的是刘氏家族在推动？”陈德松摇摇头说道：“老夫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过刘氏家族想要推动，哪有这个能力？但他们推波助澜，肯定是没有问题。不管是谁在暗中谋划，对我们家族来说都是无能为力。”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是，如果真的出现受潮，家族必然会被覆灭。可是家族的领地在此，如果选择移迁，又能去哪呢？大长老至今杳无音信，没有找到新的灵脉，家族只能在此。其他几位长老也是忧心忡忡。除非是进入那些城池，可是家族如此多族人涌入城池内，那些城主府可不会同意。那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绝对不会让其他人染指。场中众人陷入到寂静之中。 家族下一任族长是确定了，可家族的危机却是越来越强烈。陈子墨静静思索，突然脑海中生出一股念头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诸位长老，子墨倒是有一计。”陈德松几人两眼放出光芒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有何计策？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我才从天阴山脉出来，对于天阴山脉中的一些事情还算有些了解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受潮暂时不会形成。进入天阴山脉的修士越来越多。” 对我们来说，何尝不是一个机会？天阴山脉从边缘算起，离最近的城池也有着将近一个月的路程，十分不便。天涯山脉中有着大量的修炼资源，很多修士得到资源需要兑换或者交易，前往城池耗费大量时间不说，还有着不可预知的危险。如果我们能再次建立一座方士的话，家族的修炼资源以后将会源源不断。不管背后之人是否是在谋划，对我族来说，利大于弊。如果陈氏家族真的能建立一座方士， 那就是一座金山啊！就算是平时，天阴山脉中的修士也是不少，完全能够支撑。现在这个时期，更是能加快速度，扩大其影响力，更是解决家族困境的最佳方式。陈德松几人眼神是精彩连连，可是很快暗淡下去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你的法子确实很好，可是建立一座方式谈何容易？一是在天阴山脉建立方式本来就极其困难，危险极大。” 如果遇到受潮冲击，家族也要随着负葬。二是建立方式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撑，可是我族目前的情况，哪里拿得出如此大量的资源去建立一座方式？三是，这也是最关键，建立方式需要一条灵脉，可哪里有灵脉呢？没有灵脉支撑，阵法运转耗费的灵石将会极其巨大，家族不可能承受。到时就算方式建立起来，也是一个无底洞，源源不断侵蚀家族资源，加速家族毁灭。方式。 最重要是安全，才能让修士信任。安全需要阵法防护，就算是没有受潮，也是必须。只有足够安全，修士才会前来。可是赚取到的资源，能维持大阵运转的消耗？还有最后一点，财帛动人心，相信你明白这个道理。就算到十方世建立起来，源源不断为家族提供修炼资源，可是其他势力会让你如愿？他们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中分一杯羹。不，如果我族还是这个实力的话，可不是分一杯羹这么简单，甚至有灭族之祸。 最后为他人做嫁衣，一切的前提还是实力啊！陈子墨内心暗叹，看来这些年家族日渐式微，不仅仅是家族实力弱的原因，还是来自族人本身畏首畏尾。如何能走出困境？如何能走向复兴？如何能走向强盛？二叔陈周克是如此，族长是如此，这几位长老的眼神也是如此。其实陈子琴的眼神也反映了一切，自己将自身束缚了，思想已经固守在一处，无法跳脱出来。这样下去。 家族没有任何希望，想要改变，必须大刀阔斧的改变现状。遇到机会，必须抓住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诸位长老，子墨明白你们的顾虑。不过，如果我族不尝试的话，就失去了一次机会，并不是立马就建立一座超级方式，可以慢慢来，从小开始，一点点提升。这个过程，我族也得到一些喘息，逐渐提升实力，跟上脚步。等我族发展壮大时，那些势力再想窥视的话，那时也只能望而却步。” 建立一座小方市，虽然会耗费家族很多资源，可并不是完全不能负担。我交给族长的资源就能解决大部分，其他的事情我们暂时先放下。如果资源还不够的话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陈子墨极力说服，这次的机会必须抓住，就算是小方式也能为家族带来一定收益。虽然现在可能会更加困难，但只要再忍一忍，相信不久后就能得到缓解。陈德松望向陈子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你作为子墨未过门的道侣，你是什么态度？” 陈子墨那个无语啊，怎么又回到此事上，没完没了了。陈子晴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族长，子晴支持夫子墨表弟的建议。诸位长老意见好吗？这么快就夫唱妇随了。”陈子墨对陈子晴也表示感激。最后，陈德松不再犹豫，说道：“第五十一章，方氏选址。”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开设方式的建议，家族应该全力支持，并且要坚持到底，绝不能与之前一样商议出来的结果。” 最后浪费大量的资源不说，还一事无成。希望最大的族人子瑜也没有资源的支撑，最后功亏一篑，未能成为炼器师。说着，陈德松将几只储物袋递给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储物袋中的资源不用再上交给家族，接下来开设方式，反正要用到就留在你身上。”陈子墨摇摇头，并没有接过，说道：“族长，一码归一码，开设方式，如果需要资源的话，可以向家族宫保殿申请，这样可以做到资源使用清晰明了。” 对家族也是有益。陈德松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可以。”说着，将储物袋交给了宫保店长老陈周武，说道：“四长老，这是子墨兑换给家族的资源，到时整理出来，给到子墨对应的贡献点。”陈周武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族长，你放心，我会办好。”此事完毕，陈德松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既然决定开设方式，那你认为应该选择哪处区域合适？”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族长。” 我暂时还没有头绪，需要去探查一番，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决定。当然，族长或诸位长老有合适的建议的话，也可以提出。众人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建议，他们认为反正是在天阴山脉的边缘开设方式，位置都差不多。如果有灵脉，当然更好。可是想要在天阴山脉边缘再寻一处灵脉，极其困难。目前家族灵脉还是一位族人来到天阴山脉时无意中发现，在大荒域如他们尘世一般，将家族领地。 安置在天阴山脉边缘的家族不超过五个，每个家族相隔的距离都非常遥远。天阴山脉的范围实在太过广袤，从外围环绕一圈，如陈子墨这般炼气后期的修士，恐怕都需要一年之久。这还是在全力施展身法的情况下，可想而知，外围的范围这个概念极大。将家族领地安置在天阴山脉的外围，不足一手之数，屈指可数。可想而知，外围想要寻找到新的灵脉极其艰难。没有灵脉，在他们看来，开设在哪？ 有什么关系？但陈子墨没有立刻答应，需要实际探查。开设方式可不是儿戏，如果因此失误，不仅是浪费资源那么简单，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，族人的自信将严重受挫。更关键是，方式由陈子墨提出。等这次商议结束后，家族就会宣布他成为少族长之事。族长陈德松寿元最多还剩下半年，如果方式能够成功，族人将更加认同他族长的身份，提升他的威信，以后的决策也更容易实施。实力能改变很多东西，但不是全部。 只有带领他们走向更好，带领家族走向强盛，才能彻底让族人信服。快要完毕时，陈德松说道：“接下来除了子墨前往寻找合适的方式开设区域，其他族人也派一些族人前往，共同寻找，这样能加快进程。趁着大量的修士前往天阴山脉结束前，将方式建立起来。是”是族长。快要离开时，陈德松望向陈子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接下来也先别闭关修炼了，你陪同子墨一起共同寻找。何况三月后。” 就是你们的大婚之日，陈子晴脸色微红，她当然明白族长的用意。这段时间陪同陈子墨，正好培养感情。在此前，虽然生活在一个家族下，可是了解不多，见面也仅限于简单打个招呼而已，从没有多交流几句。子晴听从族长安排，好，散了吧。陈子墨没有多说，与众人一起离开了族长的洞府。唉，陈德松在众人离开后叹气出声：开设方式哪有这么容易？一旦方式开设失败。 家族更加雪上加霜，可是他不能打击陈子墨的积极性。以后家族要交到陈子墨的手中，就算失败了，也能让陈子墨看清某些事情。如果能成功的话，那就更好，陈子墨也能彻底坐稳族长之位。说到底，陈德松对陈子墨还是没有多少信心。毕竟陈子墨的年龄，对于修士来说算是很小很小了。族中百岁族人都有多位，更不用说那些三代族人都是陈子墨的长辈。陈德松也知道，将族长之位交给陈子墨。 在如此短时间内，确实有点难为他，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其他族人，他更是指望不上。陈子墨离开族长洞府后，直奔洞府而去。可是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道人影——陈子晴。陈子晴见陈子墨没有理会，脸色有些黯然，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。族长的吩咐，他还是要照做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不，应该是今后的岁月，眼前的背影将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这已经是不容更改的事实。 突然，前方的陈子墨突然停了下来。陈子晴心中有事，没有反应及时，一头撞了上去。夫子墨表弟，对不起！陈子晴赶紧道歉。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子晴表姐，不用道歉，是我的问题。走吧，我们也需要好好的聊聊。”陈子晴眼神中露出了笑色，点了点头。在陈子墨显露出炼气七层的修为前，陈子晴在家族内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是从这以后， 特别是族长宣布将他许配给陈子墨，成为道侣后，陈子晴在陈子墨面前开始不自信起来。如果当时陈子墨没有拒绝，他不会生出此种心理。可是陈子墨却是用一个搪塞的理由将他拒绝，至少在陈子晴心中是这样，让他突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原来他并不是所想所见到的一样，原来他也会被人看不上。陈子墨主动邀请他前往洞府，陈子晴很是欣喜。陈子墨也是没有办法，事情已经发生，逃避没有用，需要在洞府中。 开诚布公，坦诚相待，仔细的交流一次。第五十二章晴天霹雳。来到陈子墨洞府前，这还是陈子晴第一次来到陈子墨的洞府，内心有些许紧张。在前来的过程中，不少的族人都已经看到，不过他们倒是没有什么想法，但很多族人却是带着羡慕的眼神望着陈子墨。能与家族女神独处，是多少族人的梦想啊！进入洞府后，两人坐在石椅上，陷入寂静，谁也没有率先开口。最终。 还是陈子墨打破了平静，望着眼前容貌娇美、眼神清澈的陈子晴。陈子晴脸色一红，不敢对视，下意识低下头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表姐，族长赐婚之事，你真实的想法是？”陈子晴慢慢抬起头，鼓起勇气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族长既然已经赐婚，子晴没有其他想法，今后跟随夫君。”陈子墨一口老血差点喷出，看来想要改变陈子晴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，而族长那边更是不可能违背。 陈子墨内心极其烦躁，难道真的要按照族长的意愿，三月之后与眼前之人成为道侣？可罗子轩怎么办？在洞府中，他可是许下誓言，一定会迎娶罗子轩进入尘世，誓言不能违背。他也绝对不是一个不负责之人。陈子琴看着陈子墨的脸色，说道：“夫君，难道你不同意？”陈子琴想知道陈子墨的真实想法，毕竟他们以后要生活在一起，他们的婚姻不可能改变。 试着了解陈子墨，才能更好为了以后的生活。陈子墨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子晴表姐，族长的赐婚，我们自然无法违背。可是有一事，我确实没有撒谎。当时在族长洞府时，我说有意中人，并不是搪塞的理由，而是真有其事。”陈子晴的脸色变得极度暗淡无光。如果娶了自己，心中却是装着其他人，他能接受的了吗？陈子晴的内心不断在反问自己。洞府中又陷入了寂静。一炷香。 直到半个时辰，两人都没有再开口。陈子墨两人都在思考，也是在给对方时间，更是在说服自己的理由。陈子晴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坚定，说道：“子墨表弟，你成为我夫君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，我成为你的道侣，也是必然之事。今后家族重担要落在夫君的身上，我作为你的道侣，也会全力支持你，帮助你。不管你心中是否有意中人，我都是你的道侣。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夫君你会渐渐接纳。”陈子墨想要开口。 陈子晴接着说道：“意中人之事都是过往，是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不会介意。”陈子墨见到看到陈子晴是铁了心。其实陈子墨也知道，就算陈子晴反对又能如何？在家族之中，很多的事情都身不由己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有一事我必须和你讲明白。”陈子晴见到陈子墨对他的称呼有了变化，不再喊他表姐，内心有着些许的波动。看来陈子墨并不是一块无法无暖的冰冷石块。 更加坚信陈子墨的全部身心迟早属于他。陈子晴望着陈子墨，等着他把话讲完。陈子墨眼神中还是有着犹豫，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接下来的话。唉，心中一叹，陈子墨说道：“我与那女子有了肌肤之亲，而且我已经发誓，必将她明媒正娶，迎入尘世。”陈子晴浑身一颤，像是要天塌了一般。这个消息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。明媒正娶，那他算什么？ 陈子晴像是要停止呼吸，喘不过气来。他一直在想，也许他们只是情投意合。家族多少子弟情投意合的还少吗？可最终还不都是听从家族的安排，选择了尊重家族的意愿进行通婚？可陈子墨不一样，他不仅即将要成为族长，更是发下重誓，誓言不可违。不然作为一族之长，对家族来说也是灾难。洞府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而在洞府外却是闹翻了天。家族已经宣布下一任族长之选。 正是陈子墨。不仅如此，还宣布三月后将是陈子墨和陈子晴的大婚之日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着实震惊了陈氏族人，无任何征兆，所有族人都认为下一任族长之选极大的几率将落在陈子晴的身上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一个最不可能的人选居然发生在陈子墨身上，并且将陈子晴许配给了陈子墨。陈子墨何德何能，好事占尽啊！除了极少数的几人外，几乎是清一色不理解、反对此决议。 所以才闹翻了天，将家族的命运交给了一个中品灵根的族人，实在是太过荒唐。族长这是怎么了？疾病乱投医，这是众多族人心中的想法。可他们想要反对，根本无用。很快，一道命令宣布下来：族长人选不可更改，这是族长和众长老的决议。族人露出了绝望的神情，天像是要塌了一般，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。家族会在陈子墨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向毁灭，哀莫大于心死。此刻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写照。 不少仰慕陈子晴的族人更是气愤不已，他们认为陈子晴肯定是被胁迫，陈子墨利用少族长的威势逼迫陈子晴下嫁于他，此乃家族之耻。没有想到陈子墨居然有着如此狼子野心，在以前他们可是从来没有发现，可为时已晚，有着族长与几位长老的支持，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。陈子晴的命运很惨，他们的命运何尝不是呢？一股极其绝望的氛围笼罩在陈氏领地上空。 听说家族又有一批新的资源，好像是那贼子陈子墨兑换给的家族。他能坐上少族长的位置，不会和这有关吧？哼，就算以后没有半点资源，我也不会去兑换这肮脏无比的恶心东西。对我也一样。今日是家族之耻日，可很快，家族一则消息传出：陈子墨的修为突破炼气七层。这条消息像是炸开了窝，众人目瞪口呆，久久无法言语。第五十三章：碧云城城主之女罗子轩。 陈子墨居然晋升炼气七层，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到的事情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因为陈子墨晋升炼气七层，才将族长之位交到了他的手中。此刻族人的怨言几乎散去。陈子墨就算是中品灵根，又能如何？他突破炼气七层的修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家族除了族长一人外，其他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炼气七层啊。第四代族人中，更是只有陈子墨一人突破炼气七层。怪不得，怪不得！ 他们还有什么怨言？陈子墨是用自身的实力得到族长之位，还有什么好埋怨？陈德松等人也是没有想到，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大，如果不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，族人恐怕离心离散，家族将会分崩离析。陈德松不得不决定将陈子墨真实修为的事情公布于众，同时下令不可将陈子墨修为之事宣扬到外界。而在这之前，还发生了一件事。此刻，有两人正在族长陈德松的洞府中，族长。 子晴怎么能嫁给子墨？求族长收回赐婚。两人正是陈子晴的爹娘，陈周贤和万红。陈周贤乃是陈氏第三代族人，但与陈周清不是同一脉。万红乃是一位散修。陈周贤在外出游历时遇见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结成道侣。陈周贤的修为在陈氏家族来说已经算是不错，练气六层。万红也有着练气五层的修为。在听到他们的女儿将下嫁给陈子墨之时，陈周贤两人哪里忍得住，绝对不同意。 直接来到了绿桃峰求见族长，想要陈德松收回赐婚。在此前，他们心中一直在梦想着陈子晴成为族长，他们也能脸上有光。而且陈子晴成为族长的几率很大很大。有些族人对他们的称谓也发了改变，虽然他们极力的阻止，可是内心非常享受。可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太过出乎意料。陈德松最后逼得没有办法，只好说出了实情。陈周贤两人沉默不语，离开了族长洞府，还能怎么样？ 算是默认了此事。回到洞府内，万红说道：“夫君，子墨成为族长之事已成定局。子晴能成为子墨的道侣，其实对子晴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。你觉得呢？”陈周贤叹气道：“夫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咱们的女儿虽然看起来柔弱，可是骨子里倔强的很。我是怕子晴她心中不愿，可族长之命不可违，被迫为之，今后不幸福啊。”万红却是说道：“夫君，看来你还是不了解咱们的女儿。子晴对于未来的道侣，最看重的是什么？” 是修炼天赋是要强于他之人。子墨虽然只有中品灵根，却是处处压子晴一头。灵根已经不能反映出子墨的修炼资质。子晴对子墨虽然目前没有培养感情，但应该不会不满意。感情之事，等成婚之后可以慢慢培养。陈周贤不再开口，突然问道：“夫人，这么长时间过去，怎么没见到子晴？按理说，如此重大的事情，他们的女儿绝对会第一时间来到他们的洞府与他们相商才是。”急忙拿出了传音符。 陈周贤怕陈子晴想不开，到时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可是没有回音，离开洞府寻找，才了解到有族人见他倒与陈子墨待在一起。万红笑着说道：“夫君，你看我说的如何？”陈周贤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看来还是夫人了解子晴，平时我对子晴的关注还不够。不过子晴满意就好，开心就好，我没有其他意见。”在陈周清洞府，两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喜出望外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今日一大早时，他们就在商议此事。 没有想到，不用他们寻找族长开口就已成真。更关键是，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为少族长。今日可谓是白兰最开心的日子。在洞府中等待着陈子墨的到来，他们相信陈子墨一定会来到他们的洞府分享这份喜讯。可是左等右等不见陈子墨的身影，白兰两人再也坐立不住，主动前往陈子墨的洞府。他他是谁？陈子晴打破死寂，碧云城城主之女罗子轩。陈子墨没有隐瞒。 主动相告，陈子晴差点坐立不住。此事再无挽回的余地。碧云城城主之女如果敢违背，陈氏家族覆灭不远。之前陈子墨已经说过，他们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肯定不是开玩笑。他不可能以玷污罗子轩的清誉来做挡箭牌。事实已经坐立，如果是其他人还有可能改变，此事改变没有半点可能。就算是其他人，陈子晴也不希望自己未来的夫君是一位负心之人。陈子晴的世界一片灰暗。咚咚咚。 突然，洞府外传来了声响，不仅有敲击声，更有叫声传来。还是陈子墨两人赶紧起身，陈子晴也恢复了平静的脸色，跟着陈子墨来到了洞府口前，打开了石门。爹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在等你。可视线看到身后的陈子晴，没有再继续往下说。此刻，白兰的视线都在陈子晴身上，是越看越满意。真不知道哪个先祖烧了高香，子墨能娶到如此绝佳的道侣。白兰笑着说道：“子墨。” 以后可要好好对待子晴，可别让子晴受委屈，不然为娘可饶不了你。见到娘亲，白兰想要继续开口，陈子墨急忙阻止，说道：“爹娘，你们先进来吧。”白兰急忙说道：“不了，我与你爹没啥事。第54章”第五十四章成就族长位，抱得美人归。可就在他们想要离开时，又有两道身影而来。爹娘，只见陈周贤夫妇两人正在向着陈子墨的洞府而来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。万红表嫂，以后我们可就是亲家了。 白兰急忙上前拉住万红，万红眉笑颜开，说道：“白兰弟妹，我也是早盼着这一天，今日终于成真。”陈子墨看着这一幕，心情越发的沉重，几乎已经是不可能改变。看来家族已经将他们的婚事公布，一旦他弃婚，不管是对陈子晴还是对两家之人，都是巨大的伤害。周贤表伯父，万红表伯母，请先入洞府。陈子墨及时出声，要将陈周贤夫妇迎入洞府，在洞府外实在有失礼节。 白兰却是瞪了陈子墨一眼，说道：“子墨都这样了，还不改口？”周贤表兄，你们别介意，不会不会。子墨与子晴毕竟还没有真正成婚，改口之事，成婚之后也不迟。白兰还在使唤着眼色，可陈子墨像是没有看见，急忙将陈周贤夫妇迎入洞府。白兰那个气啊，真是不懂事。如果早知道陈周贤夫妇会过来，绝对事先交代了。几人进入洞府后，陈子墨两人几乎没有插上嘴。 全部都是他们的父母在商讨，特别是他们两人的婚事。可是两人的内心都心事重重。没有多久，两人的父母同时离开。他们也知道陈子墨两人的婚事，他们说了不算，肯定是家族操办。三月之期看似很长，其实很短很短。接下来有太多的事情要做。他们离开也是去找家族之人商量如何操办。陈子晴并没有离开，被两家父母留下来。他们也希望看到这一幕，让两人有更多的时间相处，增进了解。 洞府中又陷入到寂静。陈子晴低着头，陈子墨知道此事暂时无解，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接下来我要动身前往天阴山脉边缘寻找方式开设之地，不能再浪费时间，开设方式迫在眉睫。”陈子晴没有吭声，陈子墨只好说道：“子晴，那你先在洞府中休息一会，我先离开了。”说着，陈子墨站起身，向着洞府外走去。可也在此时，陈子晴也站了起来。 跟在了陈子墨身后。子晴，你……陈子晴眼神坚定，望着陈子墨说道：“我已经是你未来的道侣，已经无法改变。除非你向家族提出结婚，提出结婚。可陈子墨能提吗？族人已经全部知晓，一旦提出结婚，陈子晴将成为了家族中的笑柄。以后陈子晴如何在家族立足？陈子晴的父母也再无颜面。何况他很快就要成为一族之长，一言一行关乎着陈氏家族。陈子墨十分后悔。” 在族长洞府中时，应该及时反对，将事情的影响力降到最低。此刻也很心疼陈子晴，事情都是他在承担。陈子墨伸出手，试着握住陈子晴，陈子晴并没有闪躲，眼神一直在直视着陈子墨。陈子墨拉着陈子晴的手，说道：“子晴，我们的婚姻已经注定，可罗子轩那边，我也不可能不会负责，必会履行誓言。你介意吗？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。目前介意，我明白了。” 我们走吧。说着，拉着陈子晴走出洞府，直奔天阴山脉的边缘而去。在家族领地的路程中，少族长、少族长见到陈子墨，族人纷纷行礼。此刻，陈子墨的身份在陈氏家族，除了族长，没有人在其之上。而且不会过多久，少族长前面那个字也会摘除。看着陈子墨离去的背影，再看到陈子墨手中牵着的那道倩影，露出羡慕的眼神。成就族长位，抱得美人归。两人没有停顿。 直奔向天阴山脉，没有多久，来到天阴山脉的外围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对于天阴山脉周边的地形，你可了解？”陈子晴摇摇头说道：“夫君，你对我的情况应该有些了解。家族之人为了防止我发生意外，已经很多年未离开家族领地，更不用说来到天阴山脉了。我也想帮到夫君，可不知从何下手。不过，夫君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便是。”陈子墨站在原地静默沉思，陈子晴也没有打扰。 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看来我们出来太过仓促。虽然我对天阴山脉有些许的了解，可天阴山脉范围极广，目前所知晓的情况无法对选址有多少帮助。不过，我心中已有一计。”陈子墨向陈子晴说出。陈子晴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。他常年待在家族内，很难想到。回到家族后，来到传宫殿，少族长三长老陈周生见到来人，急忙行礼。三长老不必多礼，你是长辈，以后无需多礼。三长老。 此次我和子晴过来，需要兑换一部功法。陈子墨将想要兑换的功法告知陈周生。很快，陈子墨拿到功法，两人离开了传功殿，回到了陈子墨的洞府。陈子墨拿出了一枚玉简，说道：“子晴，接下来我们修炼此部功法。”陈子晴点点头。陈子墨看向玉简，记在脑海中后交给了陈子晴。在陈子晴浏览功法口诀时，陈子墨已经在参悟。他们修炼的功法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之法。 只是一步易容法诀，不过想要修炼成功也不是很简单一件事。易容变换诀，时间一点点流逝，两人都在参悟之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见陈子墨的身形在一点点改变，并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。想要改变身形，最主要是改变骨骼，骨骼改变，身形自然发生变化。但改变骨骼对一个修士来说极其痛苦。只见陈子墨的脸庞泛出汗水，有着痛苦之色。不过在他的承受范围。 并没有显露出痛苦之声，很快骨骼咔咔声散去，接着看到陈子墨的皮肉也在一点点改变。嗯，第五十五章，方氏选址有了最佳据地。陈子墨修炼的过程，除了经历第一次带来的痛，其他倒是比较顺利。此时有熟悉之人站在他的面前，如果陈子墨不如实相告的话，无法再认出他是谁。嗯，一声痛吟声响起，陈子墨睁开双眸。 只见陈子晴好像已经参悟，在改变骨骼，只不过陈子晴无法做到陈子墨那般，忍受下来，忍不住痛吟出声。陈子墨不好打扰，此刻是修炼的关键时刻，忍耐一下就过去了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根据记载，不会有那种痛苦。陈子晴的额头上渐渐渗出汗珠，身体内传出了噼噼啪啪,啪的响声。虽然极其痛苦，可陈子晴没有选择放弃，他的身形正在一点点发生改变。终于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 骨骼已经修炼成功，接下来改变皮肉，这相对于骨骼来说就轻松很多。没有多久，陈子晴也终于修炼成功，此刻已经换了一个人，可额头上的汗珠依然在不断冒出，一滴滴滑落下来。陈子墨拿出了手帕，来到陈子晴身前替其擦拭。陈子晴睁开清澈的眼眸，望着陈子墨，一动不动。陈子墨擦拭完后说道：“子晴，你觉得现在如何？”陈子晴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修炼成功。”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。陈子墨本来是想修炼成功后立刻出发，可见到陈子晴修炼易容变幻诀后脸色有点疲惫，实在不忍心，还是再等等吧。陈子晴站起身说道：“夫君，咱们可以出发了。”陈子墨对于陈子晴的称呼像是已经适应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要不你再恢复一些，等下再出发也不迟。”陈子晴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夫君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着想，可是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，不能再继续耗费。” 你刚成为少族长，说不定族长也是在对你进行考验。其他的族人也在望着你行动。如果第一次就以失败结束的话，对你来说没有好处。陈子墨十分感动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一直为他考虑。陈子墨点点头，也不再说一些矫情的话，说道：“嗯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”两人离开家族领地后，再一次直奔天阴山脉而去。这一次快要到天阴山脉时，他们先进入一处隐蔽位置，在出现时，两道完全不一样的身影出现。 陈子墨为了接下来行事方便，准备换一个身份，这样有利于接下来的行动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快速的向着天音山脉而去。墨子道友，红鸾道友，咱们后会有期，有缘再见。齐道友，金道友，为何不继续在天音山脉内寻宝？有着四人，其中三男一女，两人眼神中有着犹豫之色，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。只见金姓修士眼神逐渐变得坚定，说道：“墨子道友，我们需要赶回天望城，你也知道。” 我们从天望城出发，已经有了不短的时间，需要回天望城进行调整。其实，就算他没有明说，可什么都已经说了。那个姓莫的修士点点头，说道：“那就祝两位道友一路顺畅。等哪天我夫妇两人前往天望城时，再联系二位。”哈哈，那我们恭贺两位道友大驾光临。不过，我们还会再来天阴山脉。如果那个时候两位道友还在天阴山脉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传音。好，之后金信两人快速离开。 夫君，我们已经在天阴山脉内探寻了半月之久，可有眉目？两人正是陈子墨和陈子晴，改变了身形，化名墨子和红鸾，两人道侣身份。半个月以来，他们两人一直在天阴山脉中与各修士交流，但并没有透露方式之事。之前的一幕，在这半个月内一直在不断重复上演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经过半个月，算是有了一些眉目。”说着，陈子墨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张地图。 指着地图说道：“子清，你看，这是碧云城，此处是天望城、岩石城和禁兽城，你可看出些什么？”陈子清看着地图，仔细沉思，突然抬起头，欣喜地说道：“夫君，你是说在这个位置最合适？”陈子墨笑着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没错，此处位置是前往四大城池的必经之路，离天阴山脉很近，离四大城池很远，两千里范围内，除了我族以外，没有任何势力。” 我们将此地定为方氏据地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之前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不仅是我们家族之人也是一样，认为只有将方氏建立在天阴山脉的边缘处才是最佳的选择。实则不然，建立在边缘确实能吸引附近的修士，可是天阴山脉极其广袤，边缘更是极大，在其他位置的修士可能宁愿前往城池交易，也不会来此。而这个位置却是众多修士的选择地，也能避免妖兽率先冲击，安全来说有了很大的缓冲余地。 陈子晴看向陈子墨的眼神越来越爱慕。这段时间和陈子墨相处下来，渐渐明白了和陈子墨的差距，不仅是修为上，陈子墨头脑极其变通，总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而且方法行之有效，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想到。此次更是提出了将此地列为据地之一，更是让陈子晴对陈子墨更加仰慕。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还是你有办法。那我们现在是前往那里探查，还是继续在天阴山脉调查？” 在天阴山脉调查的这段时间，除了这个收获外，还有很多惊喜会一一的呈现出来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半月时间已经不短，不能再耽误，我们还是直接前往那处位置。”陈子晴点点头。可他们正要离开时，好一声妖兽的怒吼声响起，威势极强。陈子晴脸色一变，妖兽的威压居然给他带来了威胁。这头妖兽的实力可不弱。好，很快。第五十六章：飞霜千里驹不怀好意啊。 很快，陈子墨两人见到来物，露出欣喜的神色。可很快，脸色在变。只见一只飞霜千里驹出现在两人的视线中。这种妖兽乃是修士坐骑良选。一旦拥有一只飞霜千里驹的话，以后再赶路，不仅速度要快上很多倍，同时出现危险时，也能在一旁协助。虽然飞霜千里驹在同境界的妖兽中实力处在最末尾之一，但它的速度快啊！这只出现在视线中的飞霜千里驹眼神中惊慌失措，见到陈子墨两人，眼神滴溜溜乱撞。 很快，飞霜千里驹的身影直奔两人的方向而来。好、oh，正在此时，又一道怒吼声传来，虎啸山林，一只巨大的白色雷峰虎闪电般追击上来。雷峰虎的目标正是那只飞霜千里驹，眼神死死地盯着，怒火极盛。陈子墨两人露出喜色，乃是见到飞霜千里驹时给了他们意外的惊喜。如果能控制这只飞霜千里驹的话，绝对是大机缘、大收获。可是出现的雷峰虎让他们的脸色极其凝重。 陈子墨两人心中想法极其一致，赶紧逃离。可是飞霜千里驹已经闪电般来到了陈子墨两人身前，很快躲入两人身后，不过没有太过接近陈子墨两人，眼神中有着警惕。可是对雷峰虎的恐慌远远超过陈子墨他们。雷峰虎已经到来，好！雷峰虎见到陈子墨两人，怒吼声咆哮不断。这可是他的猎物，这个小小的人类修士居然敢和他争抢，没有第一时间对飞霜千里驹动手。 直接冲向了陈子墨两人。陈子墨手中浮现一柄法器，流云刀。子清，快退后！这头畜生不是你能对付。雷峰虎身上爆发的气息，相对于人类修士的炼气七层修为，妖兽的实力在同阶来说本来就强大至极。这头雷峰虎不仅修为强大，肉身爆发的气势震慑心魂。陈子墨对自己极其自信，可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战胜这只妖兽，更没有把握将这头雷峰虎斩杀。陈子晴修为不弱。 可相对雷峰虎的修为，可就要弱很多。炼气六层与炼气七层只有一小阶修为差距，可实际却是千差万别。炼气六层说到底依然是炼气中期的修为，可炼气七层不一样，已经来到了炼气后期。炼气中期至炼气后期，一字之差，拦住了多少修士？陈子晴也知道他们之间的差距，如果也一同对战的话，不仅无法帮到陈子墨，反而会让他分心。陈子晴点点头，眼神担忧的说道：“夫君，你要小心。”嗯。 陈子墨没有多说，手中的流云刀爆发的威势到了极盛之时，一刀而出，沧浪刀诀第一式，波涛汹涌，阵阵巨浪向着奔袭而来的雷锋虎翻滚而去。好，雷锋虎却是有着一种要将陈子墨两人瞬间拍成肉泥的势头，不想在两个人类蚂蚁上多浪费时间。雷锋虎肉身爆发的威势达到了极点，面对奔袭而来的威势，一掌拍出，轰，两道强大的气势碰撞在一起，顿时爆发巨大的威能。 辐射开来，尘土飞扬，巨树倾泻，花草化为了虚无。一阵阵向远处扫过，对于花草树木而言，此处成为了灾难之地。哦，oh! 吼吼吼！雷风虎一声哀嚎声响起，紧接着咆哮声更甚。这只该死的人类蚂蚁居然伤及了他的前掌。面对攻击而来的威势，他以为轻易就能化解，并且这一掌继续奔袭过去，要将陈子墨怕成肉泥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道威能出乎他的预料，强大至极，一个不慎。 被伤及，如果不是麻痹大意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。陈子晴见到雷峰虎被陈子墨的攻击伤到，而且还是第一波攻击，本来担忧的脸色露出了喜色，看来不会有任何意外。以陈子墨的实力，必将雷峰虎斩于刀下。可欣喜的脸色紧接着凝重担忧起来。只见雷峰虎身上爆发的威势更甚，实力明显提升一截。陈子墨脸色凝重，他当然不会认为这只雷峰虎轻易就能被他斩杀。虽然在此前从未见过雷峰虎。 可也听说过雷峰虎的一些描述，雷峰虎就算是在妖兽中同阶的实力处在前列。虽然陈子墨的实力在同阶之中强大至极，可想要轻易将一只雷峰虎斩杀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轰！陈子墨也知道雷峰虎已经暴怒，接下来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的麻痹大意、轻视之心，肯定会全力出手。陈子墨将修为运转到极点，身上爆发的威势也在一点点增强，手中的流云刀此刻都在抖动。 流云刀刀身上爆发的刀势也在一点点增强，可是见流云刀的势头，如果继续增强的话，很有可能承受不住这种威能，自身就会爆裂，化为残片。说到底，流云刀只是中品法器，此刻的陈子墨却是炼气后期的修为，无法将陈子墨的实力真正全部承载下来。陈子墨暗道，看来需要重新寻找一件刀器，流云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。念头瞬间闪过，此刻正是生死搏杀之中，不能再有任何的分心。威能还在继续增强。 就算此次后流云刀报废，陈子墨也不在意。轰！终于爆发到极点。而另一边，雷锋虎也是一样，成功型，猛然窜起，前掌拍出，并张开了血盆大口，露出深深獠牙，獠牙如银雪的镰刀，锋利至极，在阳光下发出了血色寒芒。意志不坚定着，见到此幕，恐怕直接要崩溃。面对必杀一击，凶残至极的雷锋虎，陈子墨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主动出击。 手中的流云刀也爆发至极点，轰！一刀划过，威能所过之处，像是要将这处空间划开两半。伴随着巨浪滔天，划开的空间也要跟着一起震荡不休。当然，以陈子墨目前的实力是不可能做到，只是有那种感觉而已。威能向着奔袭而来的雷锋虎倾泻而去，嗷吼、啊！哦、第五十七章：雷锋虎全身是宝。面对陈子墨强大的攻击，雷锋虎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怒吼声更甚。 砰！一掌拍出，奔袭而来的那道攻击上爆发的威能更加猛烈。可这一次，雷峰虎并没有如第一波攻击那般被伤及肉身，好，直接将陈子墨看似强大至极的攻击直接化解，并继续朝着陈子墨一掌拍下。夫君，小心！陈子晴见到此幕，心急不已，眼神中有着慌张，手中出现一柄法器，想要上去协助陈子墨。别过来！陈子墨出声阻止。以陈子晴的实力，可能一招都走不过。 见到雷峰虎继续攻击而来，陈子墨没有停留，并没有与雷峰虎正面交手的打算，施展青云步闪身离开原地。在离开的瞬间，砰！好，雷峰虎的攻击已到，一掌拍下，轰击在陈子墨的原地，将地面轰击成一道深深的凹槽。雷峰虎见到第二击依然没有将陈子墨拍碎，震怒不已，怒吼声接二连三，宣泄着心中的怒火，继续朝着陈子墨杀去，并没有去管那飞霜千里驹。 陈子墨在交手的过程中，不断在思考，雷峰虎的肉身强大，想要将他击退或者斩杀，很难很难。如果无法破开他的肉身，这样消耗下去，接下来的局面极其不利。想要解决，就必须破开雷峰虎的肉身防御。陈子晴是越来越焦急，他当然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。突然，陈子晴焦急的说道：“夫君，雷峰虎的背脊是他最脆弱的部位，你可以攻击此处位置试试。”陈子墨口头上来不及回应。 不过却用实际行动回应了陈子晴的提醒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强大的攻击直奔雷锋虎的脊背而去。此刻的陈子墨已经处于下风，如果刘云刀的品阶再提升一些的话，说不定不是这个结果。雷锋虎的攻击已经有点戏谑之势，他已经看出了什么，不再急于斩杀陈子墨，反而是一点点将他耗死，让这个该死的人类蚂蚁在绝望中死去。可是此刻的雷锋虎眼神中突然露出惊慌，轰！想要逃离躲避，可已经来不及。 砰！强大至极的刀势猛然间划过雷锋虎的脊背，顿时腰血直流。哦！这一次雷锋虎真是痛了，哀嚎不已。陈子墨见势有效，哪里会给雷锋虎机会？刘云刀猛然挥舞，一道道强大的攻击直奔雷锋虎而去。雷锋虎忍着剧痛，急忙闪躲，可是脊背受伤，对他的速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只躲过了几道攻击，其他的攻击都落在他的脊背上。砰砰砰！嗷嗷嗷！砰！ 一道巨大的声响响起，只见雷锋虎巨大的身躯快要断裂成两截，再也无法支撑住，轰然倒地。巨大的威能划过，砰！强大的刀势轰击在雷锋虎脊背上，摧毁了他最后的生机。咔嚓！一道咔嚓声响起，陈子墨手中的流云刀在此刻断裂成三节，彻底报废。呼！陈子墨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并没有为流云刀的报废感到惋惜。如果能斩杀这只雷锋虎的话，不仅解除了危机。 这只雷峰虎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，将这只雷峰虎拿去兑换灵石的话，极其可观。流云刀的价值可是无法与之相比。夫君，你怎么样了？陈子墨摇摇头，笑着说道：“子晴，别担心，我没事。”说着，拿出一只储物袋，直接将雷峰虎巨大的身躯收入到储物袋中。还好得到了袁文德的储物袋，不然的话，一只储物袋根本无法承载，需要将雷峰虎分成几节。但这样做的话， 雷峰虎的价值将大大降低。同时，陈子墨拿出了一枚封印符箓，封印住雷峰虎，避免雷峰虎身上的妖血继续流出。这可是宝贝。雷峰虎的肉身，在绝大数多修士眼中，全身都是宝贝，珍贵极致，可能浪费了。陈子墨的视线望向飞霜千里驹，眼神异动。飞霜千里驹并没有离开，眼珠滴溜溜直转，打量着陈子墨，眼神依然有着警惕。陈子晴之前的心思全在陈子墨的安危上。 此刻才想起来了，飞霜千里驹，小声的说道：“夫君，如果能控制这只飞霜千里驹的话，对我们对家族都是有着极大的帮助。”可话音刚落，飞霜千里驹闪身消失，快要离开他们的视线范围，速度快到了极致。可就在此时，飞霜千里驹停了下来，望向陈子墨两人。陈子墨摇头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想要追上飞霜千里驹的速度，无任何可能，更别提将其控制了。陈子墨也看出。 这只飞霜千里驹已经是一阶上品妖兽，修为来到了炼气七层。在同阶之中，飞霜千里驹的实力虽然很弱很弱，可他的速度几乎没有对手，依靠速度逃亡的本事几乎是无人能及。陈子晴很是不忿，说道：“怎么说？夫君救了你性命，如果你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，难道就这样忘恩负义离开，不准备报答夫君的救命之恩？”飞霜千里驹的眼神中有着犹豫，陈子晴见状，内心中露出欣喜，不过却没有表现出来。 反而是一副鄙夷的神色。飞霜千里驹犹豫的眼神终于变得坚定，闪身来到了两人的不远处。陈子晴露出喜色，看来飞霜千里驹是要主动臣服他们。可下一刻，两人同时愣住，来到他们不远处的飞霜千里驹居,居然直接绕过他们俩。陈子墨两人转身，飞霜千里驹并没有离开，还在他们的身后。只不过飞霜千里驹的脑袋不断朝着一个方向示意。陈子晴说道：“你想要我们跟着你走？” 飞霜千里驹眼神中露出喜色，不断点着脑袋。夫君<居>，陈子晴不敢立刻决定，望着陈子墨，谁知道飞霜千里驹有没有安好心？飞霜千里驹就算性情温顺，可毕竟是妖兽，与人类有着天生的敌对。陈子墨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子晴，要不我们跟过去看看。第58章”第五十八章护族灵兽。飞霜千里驹听到陈子墨的话，嗷嗷直叫，兴奋不已。陈子墨呆呆的望着，这哪是飞霜千里驹？ 这是跟谁学的？陈子晴点点头，他也希望跟上去看看。既然决定，就不再犹豫，跟着飞霜千里驹快速在天阴山脉中穿梭。但飞霜千里驹的速度实在太快，离开已经有很长的距离，陈子墨两人渐渐有点吃力，特别是陈子晴。陈子墨看到前方的飞霜千里驹是越来越眼馋，如果能驯服，成为他的坐骑该多好。飞霜千里驹见到两人如此，也在一点点放缓速度，不过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。 对陈子墨两人依然有着警惕，他可不想被控制，失去自由。跟着飞霜千里驹，足足奔袭了一个时辰之久，中间没有遇见任何修士，看来飞霜千里驹是特意避开了修士的范围。他的感知力也是极其敏锐。哗哗哗，跟着飞霜千里驹来到了一处湍急的河流旁，在河流对面是一座百丈山峰。飞霜千里驹飞奔而过，来到了河流对面，望着陈子墨两人，示意他们跟过来。 陈子墨两人对视一眼，虽然河流很宽，可对于他们修士来说，还是没有任何问题。身影像是腾空，稳稳的落在对岸。紧接着，飞霜千里驹带着陈子墨两人继续向着山峰而去。在山峰上，七拐八拐，来到了一处隐蔽的位置。嗷嗷嗷！哦哦、就在此时，嗷叫声不断响起。刚开始，陈子墨两人脸色一变，可很快听到这道声音，像是……只见飞霜千里驹的身影。 飞奔入隐蔽之地，出现了一处洞口。陈子墨两人也没有停留，身影消失，进入洞口内。洞口十分宽敞。嗷嗷嗷！可洞府中的嗷叫声更为急躁。夫君，雷峰虎！在他们视线中出现一只雷峰虎的身影，不过却是一只幼年雷峰虎，看样子应该是出生没有多久。此刻，陈子墨两人终于明白飞霜千里驹带他们来此的用意，想要将这只雷峰虎送给他们做报答。幼年雷峰虎的母亲。 已经被陈子墨斩杀。如果不将其带走的话，没有母虎的喂食与保护，恐怕这只雷峰虎很难存活下来。雷峰虎感受到了危机，不断的退离，想要远离陈子墨两人。只不过洞府就这么大，能退离到哪？陈子墨上前来到了雷峰虎身旁，蹲下身体。嗷嗷嗷！雷峰虎嗷叫声更为猛烈，可是没有任何作用，在陈子墨面前能有什么反抗之力？陈子墨将手抚摸在雷峰虎的头上。 此时，陈子晴也蹲坐下来，看着眼前幼小的雷峰虎，脸露喜色，说道：“夫君，它真可爱，我们将它带走吧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等将它培养成长后，可以成为家族的护宗灵兽。”说着，将幼年雷峰虎抱起，雷峰虎激烈的挣扎，可徒劳无功，渐渐的才安静下来。陈子晴在一旁忍不住说道：“夫君，要不给我抱抱？”对于这只雷峰虎，陈子晴是越看越喜爱，忍不住想要将它抱在怀中。 陈子墨顺手将雷峰虎投入到陈子晴的怀中，望着怀中的雷峰虎，陈子晴的眼神极其温柔。飞霜千里驹已经离开了洞府，陈子墨两人也不再停留。陈子墨望着飞霜千里驹说道：“要不要跟我离开？”对于飞霜千里驹，陈子墨极感兴趣，可想要将他控制，除非是飞霜千里驹自愿，不然就别想了。飞霜千里驹怒叫一声，对于陈子墨的话很是不满，身影一闪，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，很快不见了踪影。 两人虽然有着遗憾，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虽然没有得到飞霜千里驹，可有这只雷锋虎作为补偿也不错。”嗯，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我们回去吧。”两人没有停留，直接向着原路返回，直奔家族的方向而去。本来他们的计划是前往那处位置进行方式选址，只不过雷锋虎极其重要，绝不能有所闪失，还是将其送回家族要紧。身上没有灵兽袋，只能抱着。为了防止暴露。 他们将雷峰虎遮掩住，幸好，也许是雷峰虎困了累了，进入了睡眠状态，没有发生声响。一路上，陈子墨提前感知，特意避开修士的范围，直到看到家族领地。此刻，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如果雷峰虎被其他修士遇见的话，可就不妙了。特别是那些修为高深的修士，除非是将其放弃送给对方，不然不仅雷峰虎不保，他们的性命也将遭受威胁。可是，就算将雷峰虎主动相送， 那些修为高深的修士真的会放过他们？几率很小。那些人也一样，为了防止暴露，以除后患。幸好，幸好，一路相对顺利。少族长，少夫人，陈子墨倒是没什么，可陈子晴却是脸色一红。之前的时候，族人还没有如此称呼。半月过去，突然改口，哪里能适应过来？子权，以后无需如此客气。守镇族人还是陈子权。刚回到家族时，那时还称呼族弟。 可现在身份地位完全不同，天差地别。陈子墨两人没有多耽搁，陈子晴怀里抱着的雷峰虎随时可能会醒来。进入大阵后，两人的身影直奔绿桃峰而去。族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陈子晴脸色极其兴奋，揭开了覆盖在雷峰虎身上的遮盖物。雷峰虎依然在沉睡。陈德松见到雷峰虎的刹那间，脸露狂喜之色。他没有想到，居然是一只雷峰虎。雷峰虎价值不可估量，如果血脉精纯的话。 可以晋升到三阶妖兽，对应人类修士结丹期。一旦真的培养成结丹期妖兽，他们陈氏家族的地位直接比肩大荒域四大家族，如何不狂喜？对于方式，他没有报以期待。可是这只雷锋虎的出现，让他暗淡的眼神散发着惊芒。第五十九章驯服妖兽之法。不过，陈德松很快冷静下来。雷锋虎的出现给家族带来希望，可以有着极大的危机，说不定是灭族之祸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。” 你们是从何处得来？陈德松想要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能做出应对。陈子墨没有隐瞒，将事情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。陈德松急忙问道：“子墨，那可有修士发现？”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族长，你放心，子墨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，特意避过了修士。到目前为止，除了我们三人外，还未告知给任何人，也没有其他人发现雷峰虎的存在。”陈德松脸色严肃，说道：“子墨，这只妖兽……” 除了家族有限几人外，不可泄露出去，不然的话，以家族目前的实力，根本无力护持，更有可能是灭族之祸。此事不可大意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族长，子墨知晓。可这只雷锋虎怎么处理？”陈德松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目前来说，只能暗中培养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让他现身。这样吧，子墨，你也是少族长，再待在原处的洞府已经不合时宜，直接搬移到绿桃峰，在绿桃峰顶有一座洞府。” 家族除了有限的几人外，没有几人能上去，刚好可以作为你的新洞府。眼神望向陈子晴怀中抱着的雷峰虎，继续说道：“这只雷峰虎也能在绿桃峰顶培养，暴露的危险极低。事不宜迟，你直接入住。等下老夫也会宣布，除了族长和未来族长及夫人外，禁止所有人进入绿桃峰顶，除非得到允许，否则严惩不贷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看着陈德松，族长为家族操碎了心，半月不见，陈德松更加衰老。去吧。 陈子墨两人抱着雷峰虎，直奔绿桃峰顶而去。来到绿桃峰顶，景色极其美丽，微风拂过，好不畅快。更关键是绿桃峰顶的灵气极其浓郁，在此修炼事半功倍。但绿桃峰顶最显眼的景色，莫过于那几株绿桃树。此刻桃花盛开，花开绿瓣，与绿桃峰顶的景色交相辉映，极其美丽。不仅是陈子墨，就算是陈子晴，也是第一次来到绿桃峰顶，对于此处极其好奇。 来到一处洞府前，拿出了一枚族长陈德松交给他的玉符，光芒闪动，覆盖洞府的法阵关闭。陈子墨推开石门，洞府极其宽敞，数颗巨大的夜明珠散发的光芒，洞府犹如白昼。陈子墨两人满意至极。陈子墨开启阵法，洞府内的灵气急剧上升。洞府布置聚灵阵和引灵阵，源源不断将灵脉中的灵气引入洞府内，通过聚灵阵聚集，几乎不会易散分毫。此处可谓是陈氏家族。 闭关修炼首选，越看是越满意。在未得到那粒种子前，陈子墨是想都不敢想，以他的资质，不可能拥有如此洞府。是那粒种子将他的命运彻底改变。陈子墨暗暗发誓，必须抓住丹田中种子带来的大机遇，带领家族走向强盛之路。洞府中有炼丹室，有妖兽室，还有炼器室等。两人抱着雷峰虎，在洞府内四处查看，最后来到了妖兽室。 陈子晴将还在沉睡中的雷锋虎放入妖兽室内。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要培养这只雷锋虎，需要准备它所需的食物。如果再长大一些的话，可以提供妖兽肉喂食。可是现在它还在哺乳的阶段，怎么办？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没有雷锋虎乳，可以用其他妖兽代替，相信没有问题。”陈子晴点点头，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接着，两人离开了洞府，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没有时间停留。再一次来到了陈德松的洞府内。 陈子墨拿出了一只储物袋，将储物袋中的雷峰虎躯体释放而出。虽然雷峰虎已死，就算被封印，可依然有着很强的威压。陈德松不得不感叹，如果是他遇到，在炼气七层时，绝对无法抵抗雷峰虎。陈子墨不仅没有半点损伤不说，还将雷峰虎斩杀。看来陈子墨的实力在同阶之中也是极其强大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接下来我还有要事处理，这只雷峰虎就交给族长。” 通过这只雷峰虎，应该可以兑换不少资源。陈德松的眼神中却是有着另外的意思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这只雷峰虎的躯体对族人也有不小的作用，他身上的部位都是宝物，如果能利用得当的话，说不定能培养出几个族人。”可陈子墨有着不同的意见。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兑换资源，将方式建立起来，将这只雷峰虎用在族人身上。如果在平时，陈子墨绝对不会反对。可现在情况不同，就算能提升几个弟子，对家族的帮助不大。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孰轻孰重，陈子墨十分清楚。陈子墨将他的意见告知给了陈德松，陈德松心中暗叹，看来子墨还是没有放弃建立方式的想法。不过自己都快坚持不住了，只能全力支持。此事商量完毕，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家族可有受辱？”陈德松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墨不用担心，我已经传音，派人将受辱送到老夫洞府，估计不久后就会送到。”陈子墨算是安心下来，不然的话。 他还要再前往天鹰山脉一趟，解决此事。他现在的时间极其紧张，那处位置还等着他去查探呢，确立最终的方式据地。不过，当前还有一件当务之急的大事。说道：“族长，家族可有驯化妖兽之法？”对于此事，陈子墨还真的不知晓。本来是要前往传功殿，不过族长在此，自然无需再前往。只有驯服的妖兽才能成为护宗灵兽，不然的话，不仅不是喜事，反而会成为灾祸。一旦雷锋虎成长起来， 失去了控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过，陈子墨对于自身的实力还是极其自信，只要他在家族一日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他的实力绝对能压制雷锋虎。可万一哪天他不在家族呢？第六十章认主，未雨绸缪，防范未然。特别是雷锋虎当前的阶段是最佳的驯服时机，一旦这阶段驯服以后的雷锋虎彻底认同，不会再生出反叛之心。陈德松点点头说道：“确实需要将其驯服。” 最好的方式肯定是认主，但认主阶段，一是刚出生时，二是通过认主功法。可是我族并没有。不过老祖在世时得到过一部残缺功法，当时也尝试过通过那部功法控制妖兽，只是没有成功。但除了这部功法外，再无其他，只能趁雷风虎这个阶段慢慢驯化、慢慢驯服。陈子墨哪有这个时间？说道：“族长，你可有那部残缺之法？”陈德松点点头，手中出现一张兽皮，说道。 这也是上任族长传给我，反正都要传给你，现在正好合适。说着，将手中的兽皮递给了陈子墨。对于兽皮的事情，陈子墨可是一点都不知晓，急忙接过，仔细查看，确实有一部功法。可功法看起来如族长陈德松所讲，的确不完整。但陈子墨也准备尝试，万一成功了呢？可陈德松接下来的话却给陈子墨泼了一盆冷水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雷峰虎极其珍贵，对我族来说。” 太过重要，如果通过这部功法认主的话，一旦失败，认主的妖兽瞬间暴毙。陈子墨脸色一滞，这此刻的陈子墨哪里还敢轻易尝试？之后，陈子墨两人带着族人送过来的兽奶返回绿桃峰顶洞府。至于原来的洞府，反正那处洞府也没有什么可收拾，更何况他们原来的洞府依然还是属于他们俩。陈子墨两人回到洞府中盘坐下来，两人望着手中的兽皮，陈子晴说道。 夫君，如果使用这部功法认主，太过危险，我们可不能让雷锋虎出现意外。陈子晴极其喜爱雷锋虎，担心陈子墨还是想进行尝试。陈子晴及时提醒，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你放心，我会考虑清楚。”说着，仔细观察手中的兽皮，一点点将兽皮上的纹路印入脑海。兽皮上并没有什么口诀，而是一些纹路。通过这些纹路，强行让妖兽认主。将所有的纹路印入脑海中后。 陈子墨微闭着双眼，沉心参悟。陈子晴望向陈子墨，紧接着看向了陈子墨手中的兽皮，也在仔细的观察。没有多久，陈子晴也如陈子墨那般沉入参悟中。他们也知道，如果能将其参悟成功，说不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如果能认主，一劳永逸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八天后，微闭双眸的陈子墨突然睁开双眸，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。夫君怎么样了？ 在第四天的时候，陈子晴就已经醒来。他确实在参悟，可是也发现想要认主的概率微乎其微，功法的残缺无法弥补，只能等陈子墨醒来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一等就是四天过去。见到陈子墨醒来，急忙出声询问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有些眉目。”说着起身站起，走向了妖兽室。陈子晴急忙跟在身后。雷锋虎正在妖兽室玩耍，见到身后的陈子晴，奔向其而来。这几日。 都是陈子晴在喂食雷峰虎，雷峰虎对陈子晴放下了防备，十分信赖。陈子晴跟在身后，眼露担忧之色。难道夫君真要尝试？看着奔向他而来的雷峰虎，极其担心。这几天他对雷峰虎是越来越喜爱。进入妖兽室内，雷峰虎对着陈子墨还是有着警惕，直接绕过陈子墨，来到了陈子晴脚下，亲昵的磨蹭着。夫君，你不会？最终，陈子晴还是询问出声。陈子墨点点头。 说道：“子晴，我们不得不尝试。虽然此时的雷峰虎无法对家族造成任何威胁，可一旦将他培养起来，到时可就不可预知。就算雷峰虎极其重要，可绝不能有任何意外发生。只有成功认主，才能杜绝。”子晴，你放心，通过这段时间的参悟，我已经有了一些心得和把握，成功的几率不小。”说着，陈子墨蹲坐下来，将雷峰虎抱起。雷峰虎极力的挣扎，想要挣脱陈子墨的控制。 眼神哀求的望向陈子晴，发出了嗷嗷嗷的叫喊声。陈子晴不忍，想要出声，可看到陈子墨坚定的眼神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他也明白事情的重要性，希望能成功吧。陈子墨将其带出了妖兽室，来到洞府中盘坐下来，顺势将雷锋虎封印。雷锋虎也停止了挣扎，只是雷锋虎的眼神依然像是在祈求着陈子晴。陈子墨准备认主，可是还是有些担心，怕陈子晴心生不忍，说道：“子晴。” 在我认主期间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打扰，不然不仅前功尽弃不说，雷峰虎必将暴毙，我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陈子晴担忧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，说道：“夫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你。”其实，陈子晴何尝不明白这话是说给他听？可陈子晴也明白，事情的重要性在雷峰虎和陈子晴之间，他必然会首选陈子墨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。陈子墨点点头，放空自身，接来下能否成功？ 就在此一举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杂念。只见陈子墨的双手不断转动，有着丝丝缕缕的纹路在浮现。陈子琴不敢生出任何动静，内心极其紧张，一眨不眨的注视着。看到这些纹路与兽皮上的纹路极其相似，纹路越来越多。就在此时，纹路突然向着雷峰虎而去。雷峰虎想要哀嚎，可是被封印，不能动弹。可是身躯却像是在颤抖，可以看出此时的雷峰虎极其痛苦。陈子琴的心揪了起来。 渐渐的，雷峰虎的反应是越来越强烈，像是在抽搐，无法再承受，可又无法反抗。陈子晴极其担心雷峰虎暴毙，离他而去。突然，第六十一章认主成功后，确定方式巨地，只见陈子墨一口鲜血喷出，脸色泛白。就此此刻，最后一丝纹路进入雷峰虎体内。夫君，见到陈子墨发生意外，陈子晴哪里还顾得上陈子墨的嘱托，焦急出声。 可很快，陈子墨睁开双眸，脸色喜色，望向陈子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别担心，我们成功了。”说着，解开雷锋虎身上的封印。虽然雷锋虎极其疲惫，依然极力站起身，视线望向陈子墨的身上，摇摇晃晃来到陈子墨身前，在陈子墨身上轻昵的蹭了蹭，倒了下去。雷锋虎太过疲惫，再也无法坚持，昏睡过去。陈子墨泛白的脸色，脸色却是更加欣喜，已经不用多证明，必然是成功了。 雷锋虎认主成功，彻底成为了他的认主灵兽。将来某天成长起来，成为家族的护族灵兽。见到陈子墨无事，再看到雷锋虎也无异样，陈子晴惊喜交加。老祖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他的夫君完成了，对陈子墨是更加的仰慕。子晴带着雷锋虎返回妖兽室，让他休息一会。嗯。陈子晴点点头。返回后，陈子晴看着疲惫的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夫君，你也去休息一会吧。” 陈子墨没有拒绝，虽然时间对他来说极其紧迫，可也知道如果没有调整过来的话，反而适得其反。经过足足一天的时间，陈子墨才苏醒，基本恢复到最佳状态。来到妖兽室，此时陈子晴正在给雷锋虎喂食。雷锋虎见到来人，连最喜爱的兽奶都直接放弃，奔向了陈子墨，亲昵的蹭着。陈子墨蹲下抱起，很是喜欢。夫君，你休息好了？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晴。” 这段时间多亏了你，你也累了吧？赶紧去休息一会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即可。陈子晴摇摇头说道：“夫君，我不累。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该出发前往了。”陈子墨想了想说道：“子晴，接下来你就待在洞府中，不然的话，雷峰虎就没人照料。”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暂时交给族长照料。对于方式的建立，我希望能与夫君一起参与其中。相信小白在族长的照料下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” 对了，我给雷锋虎取名小白，夫君不介意吧？这只雷锋虎通体白色，小白的称谓确实非常符合。陈子墨也很喜欢，说道：“子晴怎么会呢？小白，小白，我很喜欢。”陈子晴露出喜色，她生怕陈子墨不同意，更怕陈子墨因为此事对她有意见，自作主张没有与她相商。之后，两人将雷锋虎交给了族长陈德松照料，身影离开了陈氏领地，直奔一个方向而去。夫君，就是此地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此处正是碧云城、岩石城、天望城和禁兽城的必经交汇口。在他们来到此处不久，就看到修士从此处经过，不过并没有停留。每个人都极其警惕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修士就是最危险的来源。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你说的没错，将方氏建立在此，绝对是最佳的选择。如果能建立起来，方氏都无需打响声明，来来往往的修士就会将方氏的事情传播出去。” 夫君，事不宜迟，就在此地规划一处位置，将方氏建立在此。见到此景，陈子晴恨不得立刻将方氏建立起来，为陈子墨即将接手族长之位，在族人们心中奠定根基。方氏如果成功，给家族带来资源，将会让族人对陈子墨族长的身份更加认同。他极其希望自己的夫君得到族人的认可。陈子墨没有回应，陈子晴不明何意。此事不应该是立刻开始着手吗？还在犹豫什么？陈子墨说道。 子晴，方式不能建立在此。对于陈子墨的话，陈子晴震惊不已。提出将方式建立在此的建议出自陈子墨之口，而且来此确认后确实非常合适。可为何还反对？陈子晴实在想不通。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为什么？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此处位置，如果我族建立在此的话，一旦成功，以我族的实力不可能保住，还会将我族推入深渊。难道其他势力没有看到此处位置的重要性？可为何连一座驿站都没有？” 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虽然此处来往的修士不少，可对于那些大势力来说，根本看不上。何况此处离天阴山脉如此接近，一旦发生受潮，将损失惨重。那些大势力都远离此处，为了一点点资源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看得上？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你分析的没错。可如果某天方式超乎所有人预料，该怎么办？不仅周边势力亏于，大势力恐怕也会蠢蠢欲动。目前来说，以我族的实力，不可能将方式做大。” 需要一点点提升，更何况那些来往的修士也不愿意见到有一个势力将此地拦腰截断，他们有可能会认为我们会将此地作为敛财之地，搜刮他们的修炼资源，到时恐怕他们会改道，我们在此建立方式的目的也就毫无意义。经过陈子墨的述说，陈子晴渐渐清醒了一些，认识到其中的危机。看来他还是想的过于简单。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难道我们要放弃此地？”陈子墨摇摇,摇头说道。 此地的位置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。这乃是解决我族困境的关键。虽然此地不能用，可我们可以寻找周边区域，看能否找到一处合适之地。走！说着，陈子墨带着陈子晴快速向着一处方向而去。接下来的十日，两人不断在周边探查。夫君，快看！此时，陈子墨两人来到了一处位置。再见到两人，已经过去五日之久。这期间，两人时刻不停的在寻找心仪的位置。终于，眼前的一幕。 让他们的脸色。第六十二章泉眼灵泉，两人的脸色欣喜至极，眼前的一幕，终于见到了心仪的目标。他们穿过一道狭长的沟谷，深入半里之远，发现了眼前居然是一座山谷。山谷地势平坦，面积差不多有一个陈氏领地那么大。这个面积，陈子墨建立一座小型方士绰绰有余。更重要是，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沟谷才能进入此地。布置阵法后是最佳的位置。为了找到这样一个心仪的方式聚地。 花费了陈子墨两人如此长的时间，不过非常值得。这期间，陈子墨两人几乎是对方圆百里范围内寸寸探寻。此处的位置离那处交汇口差不多有二十里的距离，对修士来说其实不算什么，很快就能达到。但在此前，此处极其荒凉，几乎是杳无人烟。本来靠近天阴山脉的地域，修士留下的痕迹就极其罕见。那些修士经过交汇口后，根本不会停留，细细的打量周围的环境。他们来此的目的。 几乎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直奔天鹰山脉那条狭长的山沟，对着的方向正是交汇口。夫君，此地位置绝佳，我们正好可以将此地设立成方氏据地。陈子墨脸色笑意融融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正有此意。但是在设立方式前，我们先将这座山谷仔细探查一遍。”两人将山谷仔仔细细查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探查。山谷地势平坦，四周环山，一眼就能望穿。夫君，此处位置。 开设方式供其交易，四周的山壁可以开凿洞府供修士栖息调整。唯一可惜的是，如果有灵脉的话，不仅可以解决阵法灵气供应问题，开设的洞府也能提供灵气支撑，租住出去也是一大笔收益。这处位置确实极佳，唯一的不足没有灵脉。陈子墨倒是看得开，灵脉的问题他一直没有当成首选。如果需要以灵脉做支撑的话，恐怕只能以陈氏领地作为方式的据地了。可那样的话， 陈氏族人必定是极其不满，几乎没有哪个会同意。这无疑是在饮鸩止渴，引狼入室。到时不仅方式无法控制，陈氏唯一的领地也要就此失去。陈子墨也不可能这么做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没有哪件事情能十全十美，我们能找到这处位置已经非常幸运了。”说着，陈子墨拿出了传音符，联系了族长，将此地的事情告知于他。望族长派族人过来，仔细的探查，规划出详细的地形图。陈德松没有其他意见。 同意了此事，夫君，我们再走走。本来陈子墨是要返回家族，虽然确认好了方式、据地，可是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规划出来地形图后，接下来方式的建立，也许详细的规划再动手。陈子墨见陈子晴兴,兴致很高，想了想，耽误一些时间没有多少关系，点头同意。两人此次沿着山谷的边缘行走，漫步在其中。夫君，快看，这处杂草中居然有一处泉眼！突然，陈子晴兴奋地叫道。 陈子墨此刻在另一处位置，见此，急忙来到陈子晴身边。果然，扒开杂草，有一处两尺宽的泉眼正在冒出泉水。再仔细看去，泉眼冒出的泉水流向了山壁，在山壁底部有一处小小的缝隙，从此处流出。陈子晴蹲下，两手合起，深入泉眼中，探出时盛满清泉。陈子晴喝上一口，赞叹道：“夫君，好清甜，你也尝尝。”说着。 再次探入泉眼中，放到了陈子墨身前。陈子墨没有拒绝，低头在陈子晴两手中喝上一口。陈子晴期待的望着陈子墨，可陈子墨喝完后，视线却是望向了泉眼，急忙蹲下，再次喝上了一口，脸上有着喜色。子晴，你可要立功了。陈子晴不明所以，开设方式确实需要水源的支撑，可是这处泉眼并不大，不可能维持，怎么说是立功了？夫君，我……陈子墨急忙打断，说道。 子晴，你有没有发现清泉中带着淡淡的灵气？此时陈子晴才回味过来，震惊的说道：“夫君，你是说在泉眼的下方可能有灵脉？”陈子墨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只是有这样一个猜测，但具体是否为真，目前还不确定。我们需要开凿此地，深入其中，将下方的情况探查个究竟。如果下方真的有灵脉的话，那此地作为方氏据点是最完美之地。就是不知道下方如果真的有灵脉。” 灵脉的品阶如何，夫君？那我们赶紧动手。陈子墨沉思半晌，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虽然此地杳无人烟，可凡事有个万一。如果突然有人到来，将此地的事情泄露出去，到时我们想要保住此地，可就有了大麻烦。你也知道，族长的寿元无多，族长一旦离世，家族修为最高的修士也只是炼气七层。那个时候，才是我族危机存亡之际。刘氏家族一直对我族虎视眈眈，他们之所以没有权利围困我族。” 一是组长还在世，二是我族祖上毕竟是筑基家族，他们也不确定我们是否有这底牌。但一旦族长离世，他们的忌惮必定减弱，步步紧逼。特别是刘氏族长，此刻在闭关突破，一旦他突破筑基期，那没有任何的顾忌。目前来说，如果下方真的有灵脉，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。下方暂时先不开凿，可以先布阵，将此地隔绝，到时我们再动手也不迟。说着，陈子墨拿出了传音符，再一次联系了组长。不过此次。 却是通知族长，暂时不需要派族人过来。陈子墨也担心，如果家族大规模出动，刘氏家族一直在虎视眈眈，说不定在监视。如果没有泉眼的发现，也没什么。可此时必须要小心谨慎。陈德松不知道陈子墨在干嘛，也没有多问。陈子墨也没有多说。夫君，我们现在怎么做？第六十三章土象阵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清，我们先返回家族。”陈子晴担忧的说道：“夫君，难道不需要一个人在此守护？” 如果我们离去，到时有人发现此地，发现这处灵泉被他人占据，怎么办？虽然几乎没有修士踏足，可凡事有个万一，一旦在他们离开的期间，真的有修士寻到了此地，将此地占据，他们又无法对抗的话，可就追悔莫及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子晴，你的担忧确实有道理，可是如果真的发生，那只能说明此地和我们有缘无分，不必担忧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哪有这么凑巧？先回家族，我们再商议对策。” 陈子晴点点头，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山谷中。在离开前，还探查了四周，除了他们以外，没有其他的修士，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两人回到家族，直奔族长的洞府而去。来到绿桃峰族长洞府，陈子墨将他的发现告知了陈德松。陈德松激动不已，说道：“子墨，如果你们真的发现了灵脉，将是家族的大功臣。陈氏领地只有一条灵脉，还是一条受损的灵脉，想要恢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” 除非是出现逆天机缘，其实有些宝物不仅能够恢复灵脉，还能提升灵脉。但这种宝物对于陈氏家族来说，无疑只有在做梦的时候能实现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，我们也是家族的一份子，家族的兴衰是每个族人的责任。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族长，当务之急乃是寻得一座防护阵，不管那处泉眼是否有灵脉，反正方氏据点会选择那里，需要建立一座防护大阵。” 现在只不过是提前布阵而已。族长，家族可还有防护大阵？对于此事，陈子墨还真的不知晓。虽然成为家族少族长不久之后，也要接任家族族长之位，可这段时间，陈子墨几乎在奔波，哪里有时间再去了解其他？陈德松脸色暗淡下来。陈子墨见到陈德松的表情，明白了结果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家族本来是有两座防护大阵，可你也知道，祖地已失，那座防护大阵离开时，他们也禁止让我们带走。” 家族目前的防护大阵是唯一的一座，这还是老祖在世时未雨绸缪，花费重金购得的一套阵旗，无需器材布置就能直接布阵。但将此座大阵拆除，移入你说的位置，那家族就无阵法守护。陈子墨当然不可能这么做，说道：“族长，看来家族在未来必须急需培养至少一位阵法师，不然的话，严重制约家族。家族的防护大阵不可能拆除，看来还需想其他办法购得一座防护大阵。”族长。 要不通知二叔他们在城池中寻找。陈德松点点头，现在只能如此，而且还不能耽搁，迫在眉睫，以防有变。陈德松拿出传音符，联系陈氏家族在外地仅剩的三间店铺管理族人。陈子墨以为接下来就是等待消息了。陈德松说道：“子墨，周克长老回音，碧云城将有一场拍卖会，到时可能会出现所需之物。但是目前的问题是，周克长老无多少灵石在身。族长，拍卖会什么时候进行？” 二十五日后，陈子墨想了想，时间十分紧急，说道：“族长，我还是前往碧云城一趟。家族派族人过去，恐怕只有几位长老的修为才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到达。夫君，我也要去。”陈子墨的话音刚落，一旁的陈子晴急忙出声：“陈子墨前往碧云城，陈子晴怎么会放心的下？再过不久就是他们的大婚之日，而碧云城内有一人，可是陈子墨千思万想之人，绝对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任何差池。” 陈子墨当然也能看出陈子晴的心思，可他能说什么呢？不过陈子墨劝解道：“子晴只有二十五日，你也知道，碧云城离我族的距离，时间非常紧迫。你目前的修为可能会错过。也幸好陈子墨的修为突破炼气七层，施展身法的速度提升了很多，丹田中的灵气更充足，这样不仅速度提升极大，也能持续很长的时间。但陈子晴相随的话，真的有可能无法赶到。”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，你放心。” 我不会拖后腿，一定会在二十五日前陪你赶到碧云城。陈德松看着陈子晴对陈子墨的感情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是越发的加深，自然是非常高兴。可是陈德松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子墨，满打满算还有两个月就是你们的大婚之日，如果你们前往碧云城的话，恐怕到时就要错过你们大婚之事，绝对不能推迟。还是派二长老去吧。”陈子晴脸色一喜，说道：“夫君，我也觉得族长说的没错。” 二长老前往碧云城也是一样的效果，可就在此时，陈德松的传音符闪动。陈德松了解其中的内容后说道：“周克长老传音，他了解到这次拍卖会有一套土象阵拍卖。”陈子墨脸露欣喜之色，土象阵的防护力绝对强大至极，更关键是土象阵是二阶下品法阵，如果能得到方式开设后，就算是筑基初期的修士也无法撼动，必须将其得到。这个念头在陈子墨心头升起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。” 我现在就出发，子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赶回来。意思已经很明显，陈子墨一定要亲自前往碧云城，同时不会同意陈子晴前往。陈德松见无法阻止，只好同意。而陈子晴闷闷不乐，没有吭声。这一次，陈子墨前往碧云城，几乎是将家族的灵石全部带上，以防万一。二阶下品法阵出现在拍卖会上，想要得到，到时需花费的灵石估计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陈子墨带上资源后，没有丝毫的停留。 急迫地离开陈氏领地，向着碧云城赶去。第六十四章再回碧云城。陈子墨站在一处位置，望着眼前的城门口，一晃就是几年过去。经过陈子墨日夜兼程，花费了二十二天时间，终于赶到了碧云城。眼前出现的城门正是碧云城。此时城门口人来人往，修士众多，比他之前在碧云城时进出碧云城的修士多出几倍有余。恐怕很多修士都是为了这场拍卖会吧。 其实前往碧云城的途中，陈子墨是相当紧张，毕竟身上携带大量的灵石，这可是陈氏家族几乎全部的灵石啊！一旦出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好，相对来说比较顺利，只是遇到两波拦路抢劫的修士。不过那些修士的修为在陈子墨面前乃是送人头，反而让陈子墨得到了一些资源。陈子墨就轻驾熟，进入碧云城，城门护卫几乎都认识他，直奔仙宝商铺而去。来到仙宝商铺门口，只见到一道身影，二叔陈周克。 对门的刘氏商铺却是门庭若市，进进出出的修士数不胜数，完全是两个极端。仙宝商铺的日子是越发的艰难。走入仙宝商铺，一道身影映入眼帘，两鬓的白发多了很多。二叔，陈子墨轻叫一声，陈周克才抬起头，急忙站起，脸露笑色，同时眼神中有着震惊，说道：“子墨，你你怎么？”陈周克还是没有说出，不过他的意思，陈子墨当然知道。 陈子墨说道：“二叔，有一事，家族可能没有告知于你。”接着小声的说道：“二叔，侄儿已经突破炼气七层。”啊！陈周克惊呼出声，不过很快镇定下来，眼神望着门口，急忙走上前，关闭了店铺大门，小声说道：“子墨，你说的是真的？”嗯，陈子墨极其肯定的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不然的话，家族怎么可能将未来族长之位交给一个中品灵根的弟子？”陈周克悲喜交加，他们这一脉。 最不可能成才的人，居然突破练气七层。本来他听到陈子墨前来碧云城，他是极力反对。他可是知道，不久之后陈子墨与陈子晴的大婚绝对不能耽误。陈子晴在家族是什么地位？哪个族人不清楚？他之前以为族长将陈子晴许配给陈子墨，是为了将来稳固陈子墨的位置，有陈子晴相助，族长之位应该比较稳固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陈子墨自身的原因，更没有想到。 居然突破炼气七层，在家族之中，除了族长外，他就是修为最高的族人之一了。陈周克说道：“子墨，虽然你突破炼气七层，可也不能自傲。将来成为族长后，还需继续努力修炼，争取再次突破修为，带领家族走出困境。”陈子墨点头，不想在此事上过多的纠缠，说道：“二叔，拍卖会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这几日来到碧云城的修士越来越多，我们想要得到土象阵，恐怕不易。其实……” 陈周克根本没有抱以希望，想要在这种拍卖会上得到土象镇以陈氏家族的资源，怎么可能呢？子墨，大婚之事乃是你当前的头等大事，绝对不能耽误。既然来到了碧云城，拍卖会还有几日，趁此机会，刚好前往各处商铺询问，如果能寻到一座不错的法阵，就不要纠结土象阵了。购得后，加紧时间赶回家族要紧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二叔，你放心，不会耽误。等下侄儿就开始寻找。”咚咚咚，就在此时。 店铺的敲门声响起，陈周克急忙打开，以为是来了顾客。看到眼前之人，震惊地说道：“子晴，怎么是你？”在陈周克眼前站着一道极其憔悴的身影，可脸上带着笑色，说道：“周克师叔，子晴还从未参加过拍卖会，不知是什么样子，也想过来瞧瞧。夫君离开后才决定下来。”夫君看向陈子墨，陈子晴轻叫一声：“哎<唉>。”陈子墨心中叹气，在见到陈子晴的刹那，陈子墨急忙上前。 拉着他走进商铺，看着陈子晴的眼神极其心疼。以陈子晴的修为，二十几日赶到碧云城，可想而知，这一路必定极其艰苦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下次可不许这样。你坚持想过来，直接跟我说便可。你这样太过危险。”夫君，你放心，这一路我没吃苦，也没有遇到任何危险。虽然不怎么离开家族，但我这一路可是利用易容变幻觉改变了样貌，不会有人对我有企图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只能如此。 说道：“子晴，这一路你也累了，先去歇息一会。”嗯，这一次陈子晴没有拒绝，她确实极其疲惫，丹田中的灵气已经耗尽，必须立刻恢复，不然真的会发生意外。一旁的陈周克之后一直没有插上嘴。陈子墨将陈子晴安排在他以前的那间房内，很快离开。陈周克笑着说道：“子墨，看来子晴对你用情很深，你可不能辜负子晴，不然二叔第一个不答应。”陈子墨点点头。 对于陈子晴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没有丝毫改变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在此前不是出现那件事的话，陈子晴绝对是他最佳的道侣。可很快，陈子墨的身影穿梭在各大商铺之中。长老，陈氏家族未来族长陈子墨刚到碧云城，进入仙宝商铺后，很快离开。刘宽两人被陈子墨斩杀后，刘氏家族又派来两人，刘台和刘飞。刘台炼气七层修为，刘飞。 也有着炼气五层的修为，为的就是防止刘宽的事情发生，同时也是为了找出凶手。他们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怀疑的对象，刘宽两人出事和仙宝商铺有关，很有可能是被陈周克杀害，必须派一位炼气七层的长老过来主持大局。一旦找到真凶证据，就是复仇之时。只是陈子墨做的事情极其隐秘，到目前为止还未探查出真正的凶手，只是怀疑的话，没有任何证据，他们也无法对陈周克怎么样。在碧云城内。 第六十五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痴心妄想。在碧云城内，乃是城主府的地盘，陈州客不出碧云城，他们就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刘台眼神一冷，说道：“给我盯着他。是”是长老。陈掌柜，这套法阵你可看得上？陈子墨来到一家商铺，店家给他拿出了一套砂石阵，一阶上品法阵。如果没有土象阵的话，这套法阵还不错，也是一套防御法阵。 能抵挡炼气九层修士的攻击，不过前往了多家商铺都没有遇到心仪的法阵。对于这套法阵，说实话，陈子墨有点心动，可是陈子墨还是忍住了，但还是问道：“万掌柜，沙石阵多少灵石？”两人都非常熟悉，可以说碧云城内众商铺的店家相互都比较熟。陈掌柜，你也是内行人，我就不和你开虚价，五千枚下品灵石，以陈子墨身上的灵石将它买下，没有一点问题。陈子墨摇摇,摇头。 说道：“万掌柜，太贵了，你和我说个实价，最低多少？”万掌柜说道：“陈掌柜，不瞒你说，在下得到这套沙石阵，足足花费四千八百枚灵石，你说价钱还能再低吗？”接着，万掌柜摇摇头说道：“在下真的没有乱开价，沙石阵作为一阶上品法阵，绝对是最低价了。如果陈掌柜降低一些要求的话，可以选择一套一阶中品法阵，只需一千枚灵石就能将其收入怀中。一阶中品法阵。” 无法抵御炼气后期修士的攻击，灵石相差巨大，很正常。陈子墨也非常了解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万掌柜，我只能出价四千枚灵石，如果你有意愿出售的话，我绝不再二话，立马拿下。”土象镇还未知，既然遇到了一座还算心仪的法阵，陈子墨觉得价钱合适的话，可以出手。至于万掌柜口中以四千八百枚灵石拿到的货，陈子墨不可能会相信，没有哪个店家会透露底价，就算再熟悉，也不会。 何况他们算是同乡呢。万掌柜急忙摇头说道：“陈掌柜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种亏本的买卖，就算咱们俩很熟，在下也无法做到。”沙石镇得到不久，已经有多位修士过来咨询，有修士正在筹集灵石准备购买。如果陈掌柜错过的话，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那行，如果万掌柜改变主意的话，可以前往仙宝商铺。这几日我都在商铺内。”说着，陈子墨离开了这家商铺，继续前往其他商铺寻找。 可都没有再找到合适的法阵。此时，陈子墨来到了碧云宝轩前，人来人往的修士比之前至少多出几倍有余。碧云城内能前往的商铺，陈子墨都已踏足，此刻就剩下碧云宝轩。本来陈子墨还有着顾虑，可没有办法，只能前来。陈子墨踏入碧云宝轩内，此时碧云宝轩的小二人手不足，陈子墨寻找小二的身影，还是希望通过碧云宝轩的小二咨询，他们对其情况更加的了解。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，极其繁忙，正要前往一处位置接待一位修士。陈子墨赶紧上前说道：“浩二，等等！”浩二见到来人，脸露笑色，说道：“陈掌柜何时回来的碧云城？就在近日。”陈子墨直截了当。浩二说道：“陈掌柜，你也看到了，小的恐怕没有时间招待你，还请见谅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小的再赔罪。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浩二，我也要购买宝物。” 咱们算是老相识了，你不会又和上次一样吧？浩二脸色一致，暗道：“哎，算了，算是还了他上次的人情。”其实现在是他最赚钱的时候，耽误片刻就是临时流失。他对陈子墨的情况还不了解，身上穷的叮当响，能购买什么宝物？浩二勉为其难的点点头，问道：“陈掌柜，你需要购买什么宝物？一套阵法，一套品阶高一点的法阵。”陈子墨没有要求前往一处清净空间，他也知道不现实。 恐怕现在早已占满，直接开口。浩二没有废话，直接拿出一枚玉简，递给陈子墨，说道：“陈掌柜，高级一点的阵法都在玉简内，你瞧瞧，需要哪套法阵？”陈子墨接过，其中不少都是一阶上品法阵，二阶法阵并没有见到。碧云宝轩果然不一样，在其他的商铺，想要见到一阶上品法阵都不容易，在此却有不少。陈子墨对其中一套阵法感兴趣，说道：“浩二，这套法阵需要多少灵石？”“八千枚灵石。” 陈子墨那个怒啊，那还不如买沙石阵呢。见到陈子墨的脸色，浩二急忙解释道：“陈掌柜，如果你能等几日的话，到时会少一些。但现在就是这个价钱，小的也无能为力。”陈子墨算是明白了，碧云宝轩在这段时间修士聚集碧云城，准备大赚一笔呢。宝物的价钱肯定比平时要贵上很多，也就没有了兴趣。陈掌柜，你是否需要？浩二当然明白，陈子墨是不可能购买，他哪里有这么多零食？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。 不用了，浩二，可否向你询问一事？浩二哪有这个功夫，想要赶紧甩开陈子墨。陈掌柜，何事？不过说好，回答后小的可不奉陪了。陈子墨小声询问出声。浩二笑道：“陈掌柜，你不会真的对大小姐有意吧？还念念不忘呢？”可是浩二的心中却是在冷笑：“就凭你，大小姐永远不可能看得上，痴心妄想。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浩二，胡说什么呢？你可知道？”浩二说道。 大小姐好像一直在闭关。陈掌柜，小的真的不能相陪了。说着，浩二根本没有等陈子墨回应，直接离开。陈子墨也没有停留，离开了碧云宝轩，向着仙宝商铺而去。子墨可有收获？陈子墨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说道：“碧云宝轩倒是有不少法阵，可是极其昂贵。不过万掌柜的店铺倒是有一套砂石阵。第66章”第六十六章拍卖会上，需要五千枚灵石，侄儿还是觉得有点贵。”陈周克说道。 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沙石镇五千枚灵石还算可以。万掌柜不算胡乱开价，土象镇毕竟还是没影的事，别到时候什么都没捞着。就算是到时成功拍到土象镇，沙石镇也有着用处，不会荒废。可没有得到呢，到时沙石镇也被人买去，难道花费更高昂的价钱从碧云宝轩购买？陈子墨说道：“二叔，侄儿明白这个道理，我是怕到时灵石不够，错过了土象镇。” 陈周克也不再多说。现在陈子墨的身份与族长无异，很多事情需要他自身拿决定。子墨，离拍卖会还有两日多，接下来准备继续寻找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反正无事，正好去碰碰运气。”那你可要当心刘氏族人，他们在你离开仙宝商铺后，鬼鬼祟祟跟随，恐怕那件事他们已经猜测到我们的嫌疑最大。而你现在是少族长的身份，刘氏家族的人肯定已经知晓，千万要谨慎一些。 陈子墨何尝不知，在他前往各处商铺的时候，有一道身影在跟随。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二叔，侄儿知晓，会小心的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子墨依然会进入一些商铺，希望得到想要之物。这一日，终于到了拍卖会的日子。天色蒙蒙亮，两道身影悄悄从仙宝商铺的后门离开，特意避开修士视线。拍卖会开始开放，修士进入时，两人的身影也随之进入到拍卖大堂中。拍卖大堂的位置范围很大。 能容纳至少上万修士，不仅有大堂，还有不少的包房，给到一些大势力修士或者缴纳昂贵灵石的修士。夫君，我们去那个位置。两道身影，一男一女，样貌极其普通，在修饰中非常不起眼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他们正是陈子墨与陈子晴两人，为了避免身份暴露，在离开仙宝商铺前特意改变身形，换了样貌来到拍卖会。至于陈周克，他也可能会到来，不过暂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 陈子墨两人是最早进来的修士之一。拍卖大堂的修士目前比较少，大堂中的位置可以随意选择，并没有强制哪个修士必须前往指定位置。陈子墨看到那个位置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娘子，那处位置不适合我们，我们前往那边。”陈子晴十分不解，可没有反对，点了点头，跟着陈子墨来到一处偏僻不显眼的位置。两人坐下来后，陈子墨说道：“娘子，你是不是不理解？你说的位置如此显眼。” 到时想要报价的话，更容易些，也更容易看清拍卖会上的宝物。你看看其他的修士有没有几个往那些位置而去？果然，进来的修士基本没有前往那处位置，都在寻找一些偏僻不显眼的位置落座。陈子墨接着说道：“修士间尔虞我诈，拍卖会上更不想引起他人注意。此刻这些进来的修士，他们很多都是想要在拍卖会上拍得自己心仪之物。一旦在那些显眼的位置，到时更容易引起修士的注意，被修士给盯上。其实。” 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避免暴露的最佳位置是在那。说着，陈子墨望向那些包房，根本看不到包房中是哪些修士。陈子晴点点头，看来是他想的太简单了。跟着陈子墨出来，有了更多的体会，以后也能避免某些危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修士进入拍卖大堂内。半个时辰后，涌入的修士已经过万。又是半个时辰，拍卖大堂已经是座无虚席，但修士还在源源不断涌入拍卖大堂中，没有座位。 他们直接站在了大堂中，他们的眼中并没有不满之色，反而是极其期待。拍卖会快要开始了。此刻的大堂自然是十分喧杂，就算是与身边人交流，可能无法听清对方在讲些什么。陈子墨两人静静的等待拍卖会开始。终于，在一炷香后，一道曼妙的身影，玲珑有致的身躯，妩媚动人的容颜，身姿款款，极具魅惑，向着拍卖台前走来。此刻喧杂的拍卖大堂突然间安静下来。 众修的视线都在这道妩媚的身影上，随着她的身躯不断的移动，有些修士眼中露出贪欲之色。那道身影一点不介意，动作反而越发的妩媚，把众修的视线紧紧的拴在她身上。来到拍卖台的中央位置，那道身影张开樱桃般的小嘴，魅惑之音传出：“小女子凤梨主持今日的拍卖会，多谢诸位道友能过来捧场，也祝愿各位道友在今日的拍卖会上得到自己心仪的宝物。”话没有什么问题。 可是声音却是魅惑至极，声声传入众修的耳中，不少修士的骨头都已酥软。希望诸位道友在拍卖会期间不要欺负小女子，谁敢欺负凤梨仙子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必打断他的腿。下方有些修士迫不及待、激动的回应，想要引起凤梨的注意。多谢诸位道友，小女子话不多说，拍卖会现在开始，有请第一件宝物。只见一名女子端着一件托盘，步伐轻盈的来到众修视线前。女子样貌普通，与凤梨相比，众修的视线。 只会停留在凤梨身上，不过这有着好处，他们的注意力将更加集中在宝物身上，再通过凤梨放大宝物的效果，让原本宝物的价值更上一层楼。众人期待的眼神望着女子手中的托盘，宝物被托盘上的黑布覆盖，无法知晓其中是何宝物。没有多少悬念，凤梨很快揭开黑布，一只药瓶显露在众修面前。凤梨洁白如玉的双手将药瓶拿在手中，说道：“想必诸位道友已经知晓，接下来要拍卖何种宝物。” 药瓶中有着十枚丹药，出自沈大师之手。第六十七章，拍卖会中，听到凤梨口中的沈大师，重修的兴致更高。沈大师名为沈望山，筑基初期修士，但他还有一个身份，炼丹师，还是二阶炼丹师，能够炼制筑基丹的存在。更关键是，沈望山还是一名散修。不少的修士想要炼制丹药的话，第一选择都会想到沈望山，毕竟那些大势力的修士不可能为他们炼制丹药。 沈望山的名声在散修眼中，甚至在一些小势力眼中，可谓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没有想到，拍卖会上的第一件宝物就如此极具吸引力。凤梨仙子，赶紧开拍！沈大师的丹药，我势在必得。去，你算老几？怎么，你想动手？下方突然有修士闹哄起来。凤梨说道：“两位道友，此处禁止动手，一旦违背，城主府要出手惩戒。也希望在场的道友，在拍卖会期间。” 不要出现此种情形，到时不要让小女子为难。两人停止下来，不敢再出声。不过两人却是怒目而视。闹腾的大堂安静下来，看着凤梨，望着凤梨手中的药瓶，凤梨说道：“药瓶中乃是十颗补灵丹，修士恢复灵气最佳的丹药之一。特别是修士斗法时，如果能拥有这瓶补灵丹的话，绝对是制胜法宝。十颗补灵丹同时拍卖，一百枚灵石起拍。我出三百枚灵石，四百。” 很快，十枚补灵丹就已经超过了一千枚灵石。补灵丹虽然是好东西，但陈子墨两人并没有任何动静。身上的灵石必须好钢用在刀刃上。此次拍卖会只有一个目标——土象阵。陈子晴倒是兴致高昂，他的视线一直在观察着拍卖大会的动静，对此十分新奇。拍卖会他是第一次参与，出现这种反应自然很正常。两千枚灵石，喊到两千枚灵石时，修士喊价的声音是越来越少。 一个修士眼神犹豫，被凤梨捕捉到魅惑的眼神投向了那个修士，让其身体一颤，咬着牙说道：“两千一百枚灵石。”他的手却是摸着储物袋的位置，有些颤抖，可想而知已经到了他的极限。本来是几乎已经放弃，凤梨让他重新燃起了欲望。此刻，此修十分紧张，生怕还有修士想要叫价。不过，大堂极其安静，修士的心跳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足足三个呼吸过去。 并没有任何修士在出声喊价。凤梨魅惑开口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补灵丹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，两千一百枚灵石，难道没有哪位道友想要再出价？再不喊价的话，这瓶补灵丹可就属于这位道友了。”场中依然安静。突然，从包房内传出一道听起来极其年轻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凤梨仙子，如果愿意与在下共同探讨一下生命真谛的话，在下愿意出价五千枚灵石。”休想！这是不少修士升起的一个念头。 不过，没有哪个修士敢出声。包房中的修士可不是普通人物，他们可惹不起。有些修士却是在看热闹，纷纷望着凤梨，看他如何回应。凤梨没有半点慌张，反而更加妩媚，说道：“严公子，可别拿小女子开玩笑。以严公子的身份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小女子？”没有给包房中修士开口的机会，凤梨继续说道：“三个呼吸后，如果还未有修士出嫁的话，这瓶补灵丹就属于这位道友。那个出嫁的修士，期待中。” 脸色是越来越紧张，很快两个呼吸过去，依然未有出价，紧张之色终于缓和下来，看来是没有人再与他争夺。身影站起，准备迎接他的宝物，可三个呼吸快要过去时，两千二百枚灵石，这道声音让那个修士呆滞在那，瘫软的坐了下去。最终，卜灵丹以二千二百灵石拍卖成功。接下来一件件宝物眼花缭乱般呈现在众修的眼前，再配合凤梨的拍卖，没有一件宝物流拍。 更是将原本宝物的价值提升了不少，这就是由凤梨来主持的效果。陈子墨两人一直没有任何动静，出现的不少宝物虽然极其心动，这些宝物如果能得到的话，对家族对自身都是有着好处。可是土象阵没有出现前，两人都按兵不动。拍卖大唐的气氛随着宝物越来越珍贵，是一浪高过一浪。夫君也不知道那套法阵何时开始拍卖。拍卖会已经过去三个时辰，可依然没有见到土象阵的影子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好奇后，陈子晴也适应下来。此刻急迫想要土象阵快点开始，陈子墨说道：“娘子，相信很快了，再等等。”诸位道友，小女子手中的储物袋里面的宝物可不是普通之物，相信对所有的道友都有着用处。听凤梨这么一说，少部分修士经过之前的拍卖，已经渐渐冷却下来，此刻再一次被吸引。就在此时，在凤梨的手中出现一块器材，什么？此乃无双石晶。在见到凤梨手中的宝物后， 大堂中的修士惊呼出声，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凤梨妩媚的笑道：“没错，正是无双石金，一位道友机缘得到，交给城主府，在这次拍卖会上拍卖。诸位道友，相信大家都明白无双石金的珍贵之处。不过，还是容小女子再简单介绍一番。无双石金炼器的绝佳宝物，如果一件法宝加入一点无双石金，将大大提升法宝的品质。更关键是，无双石金几乎能加入任何法宝内。” 小女子手中无双石金的分量如此之大，相信足以以此器材为主炼制一件非凡的法器。凤梨仙子，赶紧拍卖吧！众人的视线完全被无双石金吸引，凤梨的吸引力都无法与之相比。不想再听凤梨废话。无双石金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陈子墨两人的视线也在此刻吸引过来。夫君，我们是否参与争夺？第六十八章拍卖会下。夫君，如果能拍得这块无双石金。 你身上的那柄法器上次损毁，正好可以炼制一件刀器。陈子墨笑着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娘子，无双石金如此珍贵，争夺肯定无比激烈。这块无双石金的分量如此十足，想要拍下，最终成交的价钱恐怕极其昂贵。我们就算是有这个心思，可也无能为力。算了，我们还是专注那套法阵吧。不过，如果无双石金的争夺到时有了变化，再说。”陈子墨对无双石金当然极其心动。 如果能以无双石晶为主材炼制一柄刀器，有很大的几率炼制出灵气。有一柄灵气在手，对他的实力提升极其巨大。修士的实力以修为为主，可身外之物也不可或缺，对实力的加成有的时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陈子晴点点头，可眼神却一直盯着无双石晶。这绝对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绝佳炼器材料，就此错过无比的可惜。道友，如果灵石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共同拍下这块无双石晶。 到时我们各分一半。突然，陈子墨身旁的一位修士对着他们两人出声道。陈子墨转头望去，是一位中年修士，正用期待的眼神等着陈子墨两人回应。陈子墨笑道：“道友，实在抱歉，在下无能为力。道友可以找其他的修士合作，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”陈子墨直接拒绝。在拍卖会大堂来此的修士不少，修士都经过演示，并不是本来的样貌。更关键是他无法探出此修的修为，不知深浅。这种情况下。 怎么可能会合作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土象阵，这才是陈子墨的目标，其他的一切宝物都要为其让路。此修露出了遗憾之色，说道：“道友，打扰了。”此修并没有再次纠缠，干脆利落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转向了拍卖台。此时已经开始出价，此起彼伏的喊价声将无双石金的价钱推向一个又一个巅峰。五千灵石。此时无双石金的价钱来到了五千枚灵石大关，可叫价声。 依然没有停止，六千灵石，两万枚灵石，没有出乎修士的预料，无双十金的价钱继续一波高过一波。不过，两万枚灵石的价格已经阻拦了绝大多数修士，到此望而却步。但依然没有停止。此刻，除了拍卖大堂中，还有一位修士在竞价，剩余的修士都来自包房内。娘子，这块无双十金看来不用再想了，彻底和我们无缘。此时，无双十金的叫价已经来到了五万枚灵石。 已经大大超过了无双十金原本的价值。如果放在平常，这种分量的无双十金绝不会超过两万枚灵石。不过拍卖会这种场合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特别是很多修士叫价，将现场的气氛烘托，修士的情绪带动上来，有时会失去原本的理智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凤梨，它总会在关键的时刻刺激那些修士不断的提价。但无双十金就算再珍贵，也有着极限，五万枚灵石，少数还在叫价的几位修士也望而却步。 只是没有想到，大堂中的那位修士依然没有停止，还在继续出价。众修的视线望向这个修士，纷纷好奇此人到底是谁。可是没有一个修士知晓，他们也知道此人估计是变换了身形。但看此修的眼神，显示他好像到了出价的极点。最终，无双石金还是被包房中的修士获得，成交价五万六千枚灵石。陈子墨脸色有些凝重，无双石金都已经如此昂贵的价钱才能成功得到，土象镇。 作为一套二阶法阵，比无双石金还要贵重几分，到时不会如无双石金那般，价钱更为恐怖吧？陈子墨希望不要出现这种情形，不然的话，他身上带来的灵石根本无力支撑，除非将身上的那尊炉鼎交给碧云宝轩拍卖。那尊炉鼎可是灵器，比土象阵还要贵重，可陈子墨会舍得吗？陈子墨也知道，无双石金之所以出现如此高昂的成交价，还是来自无双石金本身，它作为炼器材料。 几乎可以加入所有的炼器之中，对法器的加成显而易见。几乎没有哪个修士能离开法器，自然争夺激烈。可土象阵不是每个修士都用得到。陈子墨在祈祷，希望到时的局面不要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无双石晶可谓将拍卖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。接下来，各种眼花缭乱的宝物依旧不断呈现在修士面前，众修大呼过瘾。其实，大多数来拍卖会的修士并不是来购买宝物。 更多还是参与这个过程，享受这个过程，能见到大量的宝物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试着参与其中。又是一个时辰过去，终于，凤梨手中的宝物紧紧的抓住了陈子墨的视线。陈子晴眼神中露出兴奋之色，同时也非常紧张。凤梨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小女子手上的这套法阵，二阶土象阵，防御型法阵，而且是二阶下品防御型法阵中最顶级的存在之一。对于各大势力、各位急需的道友，绝对是重宝。更关键是。” 土象阵还有一些攻击力，目前的防护阵都比较单一，而不少势力因为资源的问题无法维持多座法阵，土象阵绝对是最佳的选择。希望各位道友能有幸得到。起拍价一千枚灵石，二阶法阵不可能只是一千枚灵石，但越低的价钱，参与的修士越多，越能烘托氛围。在下出两千枚灵石，三千枚灵石。前期叫价的过程中，陈子墨按兵不动，一直稳坐在位置上，可他的内心并不平静。 一直在观察着那些叫价的修士。土象阵虽然珍贵，可叫价的修士并不多，只有十几个修士一直在你来我往。如果陈子墨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修士恐怕大多数来自某些势力，他们对土象阵也是极为感兴趣，或者如他一样，也是冲着土象阵而来。一万五千枚灵石。这道声音出自一道熟悉的身影。第六十九章，筑基丹线，正是来自陈子墨。可陈子墨的话音刚落，一道叫价声响起。 一万七千枚灵石，不是增加一千枚，直接加了两千，气势十足，显示着必得之心。此时，对土象阵还在叫价的修士，除了陈子墨外，还有三人，其中两人来自包房内，而跟着陈子墨出价的那道声音，正是来自包房。不等陈子墨叫价，大堂中另外一位修士喊价出声：一万八千枚灵石。陈子晴眼神露出紧张之色，下意识抓住了陈子墨的手臂。陈子墨望向大堂中的那个修士，面孔极其年轻。 看起来最多二十来岁，不过具体是多少，除非测试骨龄，不然谁人知道？娘子，此人虽然改变了外貌，可你觉不觉得此人与刘氏商铺的刘飞有点神似？陈子晴随着陈子墨的视线望向那个修士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夫君，我没有看出来，应该不是吧？哪有这么凑巧之事？”对于刘氏商铺的两人，陈子墨对其有了充分的了解，越看越觉得是刘飞。陈子墨不再多说。第一次叫价后，都是那三位修士在出价。 其他人以为他已经放弃，两万五千枚灵石。此时土象阵的价钱已经大幅度提升，出价之人还是大堂中那位看起来年轻的修士。两位六千枚灵石，陈子墨叫价出声，这是他的第二次出价，不再继续忍耐。可此价钱并没有吓退其他的修士，包房中的修士依然跟随。很快，土象阵的价钱突破三万大关，直到三万五千枚灵石时，包房中的两位还在叫价的修士退却一人。 但大堂中除了陈子墨外，另外一位修士仍然在叫价。突破四万大关时，只剩下大堂中的两位修士：陈子墨和疑似刘飞的修士。四万一千枚灵石。疑似刘飞的修士在叫价完成后，望向陈子墨的方向，笑着说道：“道友，土象阵对在下十分重要，可否割爱？在下不胜感激。”陈子墨笑着回应说道：“道友，在下对土象阵也有点兴趣，实在抱歉，让给他。想什么呢？此次。” 陈子墨就是直奔土象镇而来，但又不能将自己的意图透露出来，被他人抓住，到时出现意外，反而是一副随意的心态。能得到最好，得不到也不可惜。道友，多结交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。陈子墨脸色平静，淡淡的说道：“阁下是在威胁在下？”望向凤梨，说道：“凤梨仙子，拍卖大会可否如此？”凤梨妩媚的眼神，笑着说道：“诸位道友放心，拍卖大会上此种情形绝不允许。不过考虑到这位道友。” 乃是初犯，可能不懂得此处的规矩，此次就免了。不过下不为例，其他的道友也要引以为戒。如果再次出现这种情形，轻者直接赶出拍卖大会，重者绝不轻饶。拍卖大会已经渐渐接近尾声，后面几种宝物才是最珍贵之物。小女子也可在此提前透露，有一种宝物绝对是修士梦寐以求之物，不可错过。凤梨的话勾起了修士的好奇心。凤梨仙子，可否透露到底是何宝物？对啊，凤梨仙子。 拍卖大会的宝物不是已经提前公布，剩下的几种宝物，在场的道友与在下一样都知晓才是。凤梨笑着说道：“没错，宝物确实提前公布于众，可有一种宝物却是未提及。小女子也知道各位道友心切，在此也不隐瞒大家。此次拍卖大会，城主府为表示诚意，特意拿出三粒筑基丹拍卖。”轰！在场的修士被筑基丹的消息震惊的无以复加。筑基丹啊，炼气期修士最珍贵的宝物。 拥有一枚筑基丹，等于是通往了筑基的大门。虽然不是每个修士都能成功，可极大的提升筑基成功的几率。在场的修士，哪个修士不想得到？修士的情绪被极大的调动起来，纷纷在期待着接下来筑基丹的出现。同时，拍卖大会场地一股异样的氛围在不断升起，暗流涌动。陈子墨在听到筑基丹的消息，也是震惊不已。筑基丹对陈氏家族来说极为重要，陈氏家族。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筑基丹了，他已经是炼气七层的修为，等到突破炼气九层，也要为筑基做准备。如果能得到一枚筑基丹，陈子墨相信他有着不小的把握突破筑基期。一旦他突破筑基，陈氏家族的现状将极大的改变，也恢复到先祖的荣光。这不仅是陈子墨的梦想，也是陈氏家族每个族人的心愿。至于炼气九层的陈德松，此刻就算有着筑基丹，也不可能再突破筑基期。此时的状况无力支撑，错过了时机。 修为突破要趁早，到了一定阶段，无比的艰难。再过一些阶段，几乎彻底失去希望。陈德松已经寿元无多，不可能再有机会了。除非奇迹发生，但筑基丹无法让这种奇迹出现。不过，陈子墨希望能得到一枚筑基丹，为族长陈德松做最后的努力。只要还有一丝丝的机会，就绝不会放弃。他想要突破到炼气九层，还需不短的时间。这期间内，如果陈德松能突破筑基的话，家族立马能得以改变。不然的话。 一旦陈德松离世，家族最高修为的修士也不过是炼气七层，危机四伏。夫君，可以看出陈子晴对筑基丹的出现也极其心动。陈子墨握了握陈子晴的手，小声的说道：“娘子，我明白，但当前土象阵最为紧要。虽然筑基丹很重要，可陈子墨并没有失去理智。只有三枚筑基丹，争夺肯定是无比的激烈，他想要得到的几率几乎没有。”唉，陈子墨心中叹气，如果有足够的灵石的话。 根本不用多加考虑，还是以土象阵为主，筑基丹能得到最好，得不到也无法强求。第七十章意外出现，幸运降临。拍卖大会因为筑基丹的消息喧杂不已。凤梨仙子，赶紧拍卖，我们都在等着筑基丹呢。此刻众修士已经迫不及待，希望筑基丹赶紧出现。其他的宝物他们已经不再感兴趣。这位道友出价四万一千枚灵石，还有没有道友想要出价？凤梨没有再废话。 直接喊价出声，筑基丹出现在拍卖会确实是临时决定。之所以现在提出，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目的，让某些势力或修士有时间为接下来筑基丹的争夺能有所准备。凤梨的视线望向了陈子墨，眉目含春。陈子晴脸色一冷，不过没有说什么。四万两千枚灵石，这位道友出价四万两千枚灵石，还有没有修士出价？但在场的修士没有一个在出声，包括之前那位和陈子墨竞价的修士。 筑基丹的出现，改变了很多人的决定，必须准备足够的灵石，为争夺筑基丹做准备。土象阵虽然十分珍贵，可与筑基丹相比，还是远远不如。一枚筑基丹可以改变一个修士乃至一个势力的命运，孰轻孰重，自然十分清楚。陈子墨心中暗喜，没有想到筑基丹的出现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不然的话，他想要得到土象阵，恐怕极其艰难。目前只有他两人在争夺，可谁能确定会不会有修士在等待？ 到时给予致命一击呢？此刻纷纷打消了很多修士的心思，包括那位疑似刘飞的修士。其他的修士十分着急，希望凤梨赶紧结束。可凤梨却是不急不缓，望向疑似刘飞的修士。只不过那个修士并没有再回应，而是准备拿出传音符，正准备传音。陈子墨见此，更加的确信此人绝对不会再与他相争。凤梨并不着急，还在不断的试探，希望其他的修士继续出价。有修士实在是忍不住，说道。 凤梨仙子，赶紧宣布吧！你也知道，大家都在等着筑基丹，谁还会浪费灵石在其他上面？凤梨扭捏着身姿说道：“道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每个修士的需求不一样，说不定有修士一时的犹豫而后悔终生呢。”土象阵可是二阶法阵，对各大势力来说绝对是至宝，失去了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。凤梨还在不断的调动那些准备退却的修士。陈子墨本来放下的心又一次提了起来。 生怕再有修士被凤梨影响，继续出价与他争夺。时间不断流逝，土象镇，恭喜这位道友以四万两千枚灵石成功收入囊中。最终还是没有修士被凤梨鼓动，在修士的劝说下，有点不情愿落下帷幕。四万两千枚灵石虽然对得起土象镇的价钱，可是比他们的预期还是不足。陈子墨在落锤的刹那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能以四万两千枚灵石得到，极其幸运。他此次来到拍卖会，灵石满打满算。 五万多一点，一旦超过了一个数，到时就难办了。难道真的要舍弃那尊炉鼎？陈子墨极其不舍。之后，他已经有了目标，想要成为一位炼丹师，而炉鼎是炼丹师的关键。再想遇到一尊灵气炉鼎，极其艰难。陈子晴露出笑色，这趟来到拍卖大会算是圆满了。可另一个方向，疑似刘飞的修士望向陈子墨的方向，眼神阴狠之色一闪而逝。此刻，陈子墨有两种选择：前去交接土象阵。 到时可以离开，或者等拍卖大会结束后再去交接兑换。可筑基丹的出现让陈子墨打消了原本的计划，两人继续坐下原地未动。接下来不断有宝物出现，而且宝物越来越贵重，可对于陈子墨来说已经无力承受。其他的修士还是有不少修士参与争夺，有些修士就是专为心仪的宝物而来，自然不会因为筑基丹的出现，所有修士的决定发生改变。筑基丹只有三枚，不可能每个修士都能得到，恐怕。 三枚筑基丹流向包间的几率远远超过大唐，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，终于到了最后一项筑基丹。此时，离宣布筑基丹的消息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之久。本来按照正常时间，不可能需要一个时辰，但这期间凤梨却是不断的延缓，故意拖延。不管那些修士如何急躁，无任何改变。终于到了筑基丹，修士的情绪达到了极点。众修的视线，此刻的注意力都在筑基丹上。凤梨的吸引力，在筑基丹面前。 黯然失色，诸位道友，拍卖大会进入尾声，还剩最后一件宝物，也是诸位道友期待已久的筑基丹。小女子也知道，再多说的话，诸位道友恐怕对小女子要心生怨念。接下来，有请筑基丹上台。凤梨话音落下，只见两个修士抬着一座案台来到拍卖台前，案台上有着三只药瓶横着摆在案台上，极其显眼。众修士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案台上的三只药瓶，恨不得立刻冲上拍卖台。 将其抢夺到手，凤梨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可不要乱动，不然的话，后果自负。”凤梨见到此情形，及时出声：“如果有人妄动的话，绝对会就地格杀。”他们敢将筑基丹拿出来拍卖，就有了充足的准备，不怕修士在此闹事。凤梨的话也确实起到了效果，有些涌动的修士清醒过来，后背冷汗渗出。陈子墨也在盯着案台上的药瓶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也希望能将其中的一瓶筑基丹拍下。凤梨说道。 三枚筑基丹分别在这三只药瓶中依次拍卖，从小女子身边这瓶开始。筑基丹一百枚灵石起拍，起拍价只有一百枚灵石，几乎所有的修士都有参与的资格。调动在场的修士，将其气氛烘托到顶点，效果放大到极点。两百，三百，一万枚灵石。第七十一章：返回家族。筑基丹线，只有三枚筑基丹，每一枚都不能等待。拍卖大会有着上万修士，可想而知。 争夺有多激烈？很快，第一枚筑基丹突破五万枚灵石大关，依然没有停止，还在继续攀升。但五万枚灵石拦住了太多太多的修士，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其他修士你争我夺。陈子墨摇头叹气，看来筑基丹和彻底他无缘了。第一枚筑基丹还在争夺的时候，陈子墨发现那个疑似刘飞的修士身边多了一位修士，而且主动让位给新来的那个修士入座。他们对第一枚筑基丹的争夺没有放弃，在那个修士到来后。 本来偃旗息鼓的架势，再一次激烈争夺起来。十万，轰！筑基丹居然突破了十万枚灵石大关，恐怖至极。众修的视线纷,纷纷望向那个开口的修士，正是疑似刘飞两人。十万枚灵石啊，对绝大多数修士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数字，却在此人口中没有丝毫犹豫，坚定地喊出：“这位道友出价十万，还有没有哪位道友再出价？再不出价的话，这枚筑基丹就属于这位道友了。” 那接下来就剩下两枚筑基丹，场中一片寂静。凤梨及时出声提醒在场的修士：十一万。终于，在包房内的修士直接提升一万的价钱，十一万枚灵石。如果按照正常的价格，已经是提升了几倍有余。不过，筑基丹没有哪个势力会嫌多，就算暂时用不到，可以存储起来，到时急需之时不会被此所困。筑基丹对一个实力极其重要，就如陈子墨的家族，如果有筑基丹。 哪有现在的困境？虽然此时筑基丹的价钱远远超过平时价钱，可修士想要通过正常途径购得筑基丹十分艰难。此时出现，没有谁想要放弃。直到出价十五枚灵石时,时，第一枚筑基丹终于落下帷幕，被包间的修士获得。陈子墨摇摇,摇头，对着陈子晴说道：“子晴，我们走吧。”夫君，难道你不想再看看接下来筑基丹的归属？陈子晴也知道筑基丹的价格太过昂贵，他们是没有半点希望。 但还是对筑基丹接下来的进展有着极大的兴趣。陈子墨说道：“算了，等筑基丹结束，太过混乱，现在离开正好，反正已经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”走吧。说完，陈子墨拉着陈子晴的手，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陈子晴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点点头，随着陈子墨离开了拍卖大堂。兑换土象阵后，两人直接离开了拍卖大会场地。但陈子墨并没有直接前往仙宝商铺，而是不断带着陈子晴在碧云城内游离。 他们的身份不想暴露，在这期间也在不断的观察是否有修士跟随，好在并没有感应到有任何异常。也许筑基丹的事情让所有的修士注意力都在其上，已经无法顾及其他。其实陈子墨是在留意那个和他最后争夺的修士。两人来到一处偏僻处，又一次变换身形，依然不是真实样貌。陈子墨还是十分谨慎，继续不断探查，直到确认没有修士跟随后，再一次变换身形。两人没有同时出现。 陈子墨从仙宝商铺的店门口走入，才放心下来。在陈子墨进入仙宝商铺时，陈子晴已经先到。夫君，虽然外貌改变，可陈子晴凭着对陈子墨的了解，还是第一时间确认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子晴，要是我不是夫君怎么办？”陈子晴信心十足的说道：“夫君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一眼就能知晓，绝不会有错。”陈周克直接关闭了店铺。陈周克说道：“子墨，既然已经得到土象阵。” 事不宜迟，赶紧返回家族。陈周克也防止有变，在陈子晴回到仙宝商铺的时候，就已经将事情的结果告知给陈周克。本来陈周克也将会参加拍卖会，最后临时决定没有前往。何况你俩的大婚已经近在咫尺，不能再耽搁。陈子墨没有立刻回应，陈子晴说道：“二叔，夫君还有一点事情未处理，再待一个夜晚，明日再出发不迟。”陈子晴也知道，来到碧云城后，陈子墨一直没有与罗子轩见过一面。 有些事情无法避免，还是需要说清楚。他也明白，正好趁此机会让陈子墨把事情说清楚，不然的话，他们的大婚总有心结。陈子墨说道：“算了，我们还是如二叔所讲，此刻离开碧云城，此时也是最安全的时间点。土象镇不容有失。”陈子墨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个念头。就算他想与罗子轩见上一面，怎么去见？罗子轩已经闭关，想要见到他没有任何可能，只能等待来日解释了。夫君。 陈子晴欲言又止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走吧。陈子墨不再犹豫，陈子晴点了点头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。两人很快从仙宝商铺的后门离开。其实陈子墨这次来到碧云城，还想见一人——貂蝉。可貂蝉在突破炼气五层的修为后，已经离开了碧云城，前往其他的城池，留下了一些遗憾。两人离开城门口后，直奔一个方向而去，一路上不敢有丝毫的停留。突然，陈子墨的脸色一变。 拉着陈子晴，急忙向着一处隐秘的位置而去。此时，他们已经离开了碧云城，至少两千里之远。而在远处，突然有波动传来，像是有修士在打斗，只不过离他们的距离还有点远，陈子晴暂时没有感应到。不过很快，陈子晴就发现了后方的异状，两人的身影迅速离开原地，躲在了一处隐蔽之地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视线望向波动传来的方向。曹公，只要你将筑基丹给我，我放你一马。 绝不伤你性命，不然的话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终于有声音传来，陈子墨两人自然听得一清二楚。筑基丹，第七十二章无所顾忌，拼死一搏。已经与你们解释多次，我根本没有你们口中所说的什么筑基丹，你们可敢真面目示人？曹公气愤不已，只不过那几人的追杀，他还不清楚到底是何人。曹公，别装了，你在拍卖会上得到筑基丹的事情，能瞒过其他人，可瞒不过我们几人。 在你变换身形之时，被我们亲眼所见。呵呵，现在你只有交出筑基丹，还有一条活路。你可要想清楚，筑基丹和性命相比，哪个重要？曹公也明白，就算再如何否认，也没有丝毫的用处。这几个修士已经认定了他得到了筑基丹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一边逃离，一边应对几人的攻击。噗！突然，一道强大的攻击闪现而出，轰击在曹公的身上。曹公差一点被这道攻击轰击成重伤。 本来以这道攻击的威力，如果反应及时的话，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可措手不及，他无法及时应对。哈哈，杀！终于，曹公几人出现在陈子墨两人的视线中。此时，曹公的衣裳开始被鲜血侵染。追杀他的三人见此机会，怎么可能会错过？全力施展攻击，向着曹公攻伐而去。他们也在担忧，曹家修士过来接应。如果曹家修士出现，不仅筑基丹无法得到，他们还会因此丧命。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曹公斩杀，同时他们也不能暴露身份，不然的话，一旦被曹家知晓，他们及身后的势力恐怕要大难临头。陈子墨见到那曹公修士的修为炼气八层，实力强大至极。另外三人，其中有一人也是炼气八层，另外两人的修为同样不低，炼气七层修为，四人都是炼气后期的修士。陈子墨一人对上的话，可没有丝毫的把握。躲在隐蔽处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暴露。 不然的话，他们两人可就危险了。特别是陈子晴，他现在的修为只是练气中期而已，连逃亡的资格都没有。陈子墨还有着一丝的希望，两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眼神一眨不眨的望着四人激烈斗法。曹公的眼神突然变得极其狠辣，恶狠狠的说道：“既然你们想要筑基丹，那就拿命来拿吧！”说着，手中出现一柄法器，散发着强大的威势。轰！爆发的威势让三人的脸色一变，不过很快镇定下来，说道。 不要慌，就算他有一柄灵刀，可是他能爆发灵刀的全部威能吗？以他的修为，一旦以灵刀出手，他丹田中的灵气也支撑不了多久。我们不用跟他正面对决，消耗几次后，他就是我们的掌中之物。没有想到，此次收获不仅有助鸡丹，还有一柄灵气，我族势必崛起。那个修为炼气八层的修士不仅没有恐慌，眼神中反而兴奋至极。没有想到，曹家虽然是筑基期家族。 可是灵气对于一个筑基期家族来说，也是极其极其稀缺。可在一个炼气八层的修士身上，居然就有一件，这乃是他们的大机缘，必须得到。从此，他们家族气运直上。想要青云刀，去地狱拿吧！曹公的脸庞极其狰狞，不顾一切。青云刀刀身上爆发的威势是越来越强大。轰！一刀轰出，强大至极的威能直奔那个炼气八层的修士而去。他要一刀解决那个修士，只有如此，才有可能有一丝生还的机会。 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没有丝毫的停留，在那道攻击轰击向他之时，身法速度爆发至极点，极力的躲避这道攻击。只要躲过，接下来更有把握。他们也看到，曹公为了这道攻击，脸色已经苍白无比，对他的消耗甚是巨大。接下来的攻击只会越来越弱，最终只会是瓮中之鳖。他们随意探取。啊！一道惨叫声传来，只见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，一只臂膀直接被青云刀的攻击轰击在身上。 就算他有着逃过这道攻击的意愿，可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还是低估了青云刀爆发的威力，低估了他的速度。他刚要逃离，攻击已到，关键时刻躲过了关键部位，可还是轰击在他的臂膀上，鲜血直喷，身受重创。死！曹公根本没有考虑自身的状况，如此大好时机，不会让他们有丝毫喘息之机。第二道攻击很快来到，快挡住他！挡住他！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顾不得身上的伤势，急忙出声。 可另外两名修士在这道刀势下根本没有反抗的心思，哪里还会上去帮他挡住这道攻击？他们的修为可是比他还要弱上一筹，主动冲上去不是去找死吗？没有办法，无法依靠这两人。那个炼气八层的修士极力的闪动身体，同时唤出法器，将自身的修为实力极力爆发，猛然轰击向那道攻击。砰！爆发的威能极其强大，可依然无法挡住，再直奔他而来。 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眼神中有着绝望，只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，只有坚持住就能在曹公耗尽前活下来。攻击快要到身时，那个修士手中突然出现一枚盾牌，只不过从其散发的气息来看，只是一件中品法器。砰！攻击直接轰击在盾牌上，咔嚓！一道咔嚓声响，盾牌断裂。砰！威能穿过盾牌，轰击在那个修士的肉身上，噗噗噗噗，鲜血不要命喷出。 但那个修士眼神中却是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庆幸。虽然轰击在身，不过威能也削弱很多。再加上曹公的第二击，威能已经减弱不少，他没有被直接格杀。快，对他出手，他已经没有多少余力。虽然抵挡下曹公的攻击，可那个修士已经没有了出手之力，伤势极重。那两人也不再犹豫，此刻的曹公脸色苍白到极致，肉身本来就被伤及，伤口一直没有得到处理，全力爆发，伤口变得更为严重。 大量的鲜血不断涌出，让原本消耗甚重,重的曹公变得更为艰难。第七十三章，黄雀在后，可见到两人杀来，他能怎么办？只能继续拼死搏杀。只有将这三人杀死，才有生还的可能，才能将这枚珍贵至极的筑基丹带回家族。曹家虽然是筑基家族，可每个家族都有每个家族的难处，并不是如表面那般光鲜。杀！曹公眼神狠绝，再次全力施展修为，青云刀爆发强大的威势。 可肉身上的伤口在此情形下撕裂更加严重，鲜血不要命的流出。本来杀向曹公的两人，此刻眼神一致，明显有着犹豫之色。青云刀带来的威势震慑两人的心魂，给他们带来强烈危机。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见到此幕，知道如果他们退缩的话，他必死无疑，急忙出声说道：“不要怕，千万不能退缩。他现在只是无牙之虎，勉强的支撑。你们所见到的威势不过是徒于表面，实际没有任何威胁。” 此刻是杀死他最好的时机，快点动手！此人的声音急迫，不断的鼓动催促着两人。死！可曹公却根本没有理会，管他们会不会退缩。此刻他已经没有选择，必须将那几人斩杀。青云刀横劈而出，直奔两人而去。两人见此，此刻脸色凝重至极，将修为爆发到极致，手中的法器猛然间爆发，几乎同时出手，极力的抵挡住曹公的这道攻击。轰！轰！ 三道攻击在半空中爆发，巨大的威能猛然浮散开来，所过之处，花草树木瞬间摧毁，尘土飞扬，遮天蔽日。躲在隐蔽处的陈子墨两人脸色一紧，不过好在威能并没有辐射到他们躲藏之地，没有将他们的身形暴露。砰砰，两道声响跌落在地，正是那两个炼气七层的修士，口中吐着鲜血。他们的攻击虽然削弱了曹公攻击的威能，可还是没有全部抵挡住，轰击在他们的身上。而另一边的曹公。 他也不怎么样，嘴角流着鲜血，脸色惨白到极致，此刻是虚弱至极，肉身上的那道伤口撕裂更为严重，一丝微风像是就能将其倾倒。快，快上前杀了他！那个炼气八层的修士急促的催促，他时刻在关注着曹公的情况，见到曹公如此，知道是最好的机会。为了以防有变，必须立刻动手将其斩杀。他身受重伤，想要移动都极其艰难。可另外两人不同，他们虽然也受伤。 可还没有到他们这种地步，还有着反击之力。两人不用他说，忍着伤痛，迅速起身，手中的法器直接爆发，运转招式，对着曹公攻击而去。他们还是不敢上前，怕曹公还有反击之力，到时他们无力承受，必然死在曹公刀下。哈哈，想要我死，你们也跟着陪葬吧！曹公无所顾忌，一粒丹药出现在手中，迅速吞服，手中的青云刀已经在挥舞，刀身上的威势又一次增加。快，快，快杀了他！ 见到曹公吞服一枚恢复灵气的丹药，那炼气八层的修士心急如焚。就算无法全部恢复，只恢复一点，也能继续施展修为实力攻杀他们三人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曹公的身上有着一柄灵气法刀。本来没有丝毫意外的事情，反而让他们陷入生死之境。两人的攻击瞬间来到曹公面前，曹公也无法再继续爆发，破空而去。砰砰，又是两声巨大的声响，威能爆发。不过这次的威能明显要小很多。 两人脸色惊变，曹公的这道攻击不仅还能抵挡两人的攻击，并继续将他们的攻击破灭，直奔他们两人而来。噗噗，攻击轰击在他们的身上，让他们的伤势变得更加严重。曹公的身体剧烈摇晃，差一点站立不稳，就此倒下。杀！曹公眼神血球凝漫，杀意冲天，直奔三人而去。这一次，他的方向更多的是对准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。在他们三人交手时。 那个修士已经在服用丹药恢复，一旦他恢复一些，对曹公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。他可不想功亏一篑。虽然他此刻也是随时可能倾倒，但凭借着坚定的信念，极力的支撑，倾尽最后的力气，也要将三人斩杀。两人在此刻眼神中那种退却之色不复存在，反而是杀意沸腾。到了此等地步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坚定信念。反正他们现在的状况比曹公要好上不少，他们活下来的希望更大。 只要能将曹公斩杀，他们得到的收获也是极其巨大。杀！杀！两人直奔袭击而来的曹公而去。砰砰！又是两声剧烈的声响，只见三道身影同时倒飞而出，在半空中不断有鲜血洒落，空间血腥味弥漫。砰砰砰！三道身影重重的砸落在地面。噗噗噗！鲜血不断从口中喷出，每个人都苍白至极，可眼神依然在望着对方，杀意不减。 忍住伤势，瞬间站起，依然冲击向对方而去。两道攻击后，三人在无力为继，已经处于奄奄一息之时。哈哈！见到此幕，那个练气八层的修士突然大笑起来。终于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刻，他们终于胜利在望。噗噗噗！可激昂的情绪瞬间引动身上的伤势，根本控制不住，鲜血喷出。不过他一点没有放在心上，在努力的站起，渐渐向着曹公而去，想要亲手了结曹公的性命。 夺得他身上的宝物，特别是筑基丹和青云刀，同时也在期待曹公储物袋中还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可就在那个修士距离曹公三尺不到时，突然，曹公狰狞一笑，那个修士脸色狂变，想要退离。可此时，曹公手中的青云刀猛然击出，青云刀破空而去，直奔那个修士而来。不，那个修士绝望怒吼，可是没有丝毫的用处。他现在只是勉强支撑，根本无法抵挡来自曹公的攻击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。 曹公还有最后一丝反击之力，此地成为他的绝地，成为葬身之所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。第七十四章：富贵险中求，机遇不可失。那个修士被青云刀贯穿胸膛，向后重重倒下，不甘的眼神渐渐失去神色，气息一点点衰弱，很快气息全无，就此陨灭。你你。另外两人见到曹公亦步亦趋，摇摇晃晃来到那个被杀的修士前，拔出青云刀。 走向他们两人，两人惊恐的眼神，肉身都跟着颤抖不已。不要杀我们，不要杀我，只要放我俩，我们甘愿当牛做马。他们不想死，不想死在这。曹公的眼神冷血到极点，敢对我出手，敢涂抹我曹家的筑基丹，不仅是你们，你身后的家族必须付出血的代价。我们都是散修，不是家族势力，求求你放过我们。就在此时，两人急忙将储物袋内某些东西损毁。哼，你们能损毁自己的证据，他的呢？ 何况，就算你们变化了外貌，只要我带着你们的尸体回到家族，族长有的是办法将你们的原貌恢复。你们身后的家族就等着我族报复吧！死！说着，一刀而出了结两人的性命。曹公再也无力支撑，倒了下去。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此时，曹公瞳孔一缩，不可挡不住那道攻击，他也无力抵挡。现在的曹公连抬手都极其艰难。砰！ 攻击直接轰击在曹公的身上，肉身四分五裂，不甘葬灭。一道身影出现在曹公身旁，很快，另外一道身影出现。夫君，陈子墨没有回应，而是快速将几人的储物袋拿起，拿出火焰符，将四人的尸体焚烧成灰烬。子晴，快走！几乎是瞬间完成，在完成的刹那间，陈子墨急忙带上陈子晴，快速离开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他们已经停留不短时间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修士赶来？ 或者曹氏家族族人赶来此地接应曹公，陈子清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不管是曹氏家族还是另外一个家族之人，他们陈氏家族都不可招惹。一旦被他们发现，陈氏家族必将被他们所覆灭。虽然是三人出手将曹公逼到了绝境，可最后曹公的生死可是来自陈子墨啊！不管是筑基丹还是青云刀，对陈子墨的诱惑极其巨大，也是最好的机会。如果能得到一枚筑基丹，对陈氏家族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机缘。 虽然风险巨大，可是陈子墨没有丝毫犹豫，在见到如此巨大的机缘，瞬间出手将曹公斩杀，得到他们身上所有的资源。大荒域想要提升，哪个不冒险？安安稳稳自会自取灭亡，只有主动出击，才能赢得机会。本来声响连天、动静巨大的此处空间，此刻变得寂静无比。不过，从此地破败不堪的情景，也可以看出这里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大战。渐渐的，几道身影出现在此，大长老。 此处发生过大战，而且半空中有着曹公的气息。这里的血腥味虽然几乎散尽，可曹公的血腥味我极其熟悉，其中一道就来自曹公。看来曹公发生了意外。大长老的那个修士脸色阴沉至极，怒吼出声，全力追查，一定要查出凶手！敢对我曹族出手，必让他们血债血偿！这几人正是来自曹族，为首的那人乃是曹族大长老曹天阙，炼气九层巅峰修为，实力在曹氏家族。 仅次于曹氏族长一人，极其强大。就算他们将曹公杀害，那些贼子必然也受伤不轻，肯定没有走多远。全力追查，筑基丹不容有失。这枚筑基丹对曹氏家族极为重要，被他人所得，可想而知。此刻曹天阙几人的怒火，几人瞬间离去，追击而去。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，陈子墨两人并不知晓。此刻他们依然在迅速逃离，并且改变了原有的路线，选择极其偏僻之地，就怕发生了意外。 陈子墨也知道，曹家肯定不会罢休，绝对会全力追寻。他们不想出现在修士的眼中，到时有暴露的风险。他身上之物不容有失。好在接下来的路程虽然极其艰难，同时改变了原有的路线，让路程变得更远，返回家族的时间不可避免延长了不少。二十多天过去，中间并没有发生危险状况。两人盘坐在一处隐蔽的山洞内调整恢复。这么多天的逃离，对两人的消耗极其巨大，特别是陈子晴。 早已无力再支撑，丹田中的灵气全部耗尽。如果继续赶路的话，一旦遇到危机，极其危险。为了避免意外，两人决定先在此洞府中恢复灵气，再继续出发。就算再急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几日后，两人几乎是同时睁开双眸。夫君，陈子晴望向陈子墨，今日应该是我们大婚之日。陈子墨很是歉意说道：“子晴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”陈子晴摇摇头说道。 夫君与筑基丹相比，我们的大婚就算推迟几日，算得了什么？有了这枚筑基丹，等夫君突破炼气九层后，有着很大的几率突破筑基期。到时我族又将恢复到筑基家族，夫君的许诺也得以兑现。陈子墨摇摇,摇头说道：“子晴，这枚筑基丹我准备交给族长服用。虽然以族长目前的情况，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，可家族的处境一旦族长离世，连一位炼气八层的修士都无法找出，更别说炼气九层了。刘氏家族。” 很可能不再等待，对我族出手。夫君，可如果在此前，陈子晴当然极力赞同。可现在的身份转变，自然向着陈子墨。希望陈子墨到时自己服用筑基丹，以后再想得到筑基丹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，可能永远没有这个机会。错过这枚筑基丹，陈子墨如何突破筑基期？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晴，不用为我担心，等我突破炼气九层后，肯定有办法再得到筑基丹。包括你突破炼气九层后，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你寻来。” 陈子墨拿出传音符，已经在不断闪动。就在此刻，陈子墨脸色狂变。第七十五章驾鹤仙去。陈子墨了解传音符的内容，其实他也能猜测到，大概家族肯定心急如焚。他们大婚之日还未返回，同时这段时间他们也没有与家族传音，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告诉他们可能会晚到。可就在此时，陈子墨脸色狂变，紧接着一股悲意从陈子墨的身上散发。夫君。 怎么了？陈子晴见此，急忙询问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族长，族长，他走了。陈子晴一下呆滞在那，不知所措。消息太过突然，族长突然离世。虽然他们也知道族长已经无法坚持多久，可还有一些时日，两个月的寿元应该还能坚持。为何如此突然？陈子晴的眼眶泪水再也无法控制，止不住流下。夫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族长他老人家怎么突然离世？陈子晴不敢相信事实。 此刻，陈子墨的脑袋空空荡荡，有点不知所措，摇了摇头，静默不语，眼神低沉下去。很快，陈子墨抬起头，站起身：“子晴，我们必须赶紧赶回家族。此地离家族估计还有五六日路程，如果快一点的话，还能再缩短一些。族长驾鹤先去，需要他们快点返回家族。”陈子晴悲伤欲绝，可也知道不能再久留此地，可想要站起，却是没有一丝的力气。陈德松去世的消息。 像是抽干了陈子晴所有的力气，陈子墨急忙扶起陈子晴，慢慢的陈子晴才缓过来。两人迅速离开了洞府，以急速向着家族的方向赶去。哟，这不是陈氏少族长吗？三日后，他们依然没有赶到家族，可已经离家族领地不远了，相信再经过不到一日，能回到家族。可就在此时，有着四道身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他们在对着陈子墨戏谑嬉笑，可他们的眼神却是肆无忌惮扫视在陈子晴身上，滚开！ 哼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啊！以为成为陈氏少族长有多了不得？在我刘氏眼中，不过是蚂蚁罢了。今日遇到我们，死！陈子墨冷漠至极，心情本来就极度不佳，他们又是刘氏家族之人，根本不和他们废话。手中一柄法刀浮现，一刀而出。四人惊恐至极，他们没有想到陈子墨的修为居然练气后期。陈子墨在出手的刹那，根本没有丝毫的保留，希望在瞬间将四人击杀。刘氏四人。 其中有两人炼气六层的修为，另外两人的修为其实也不差，到了炼气五层巅峰，差一点点就能突破炼气六层。陈子晴突破炼气六层的消息，刘氏家族倒是知晓，可陈子墨的修为，就算族人知晓，也禁止透露出去。他们哪里会想到，如果早知道，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招惹陈子墨两人。更恐怖的是，陈子墨手中的法刀恐怖至极，想要逃离，可陈子墨已经一刀横劈而出，三人瞬间毙命，另外一人。 也伤势不轻，陈子墨冷漠出手，瞬间将最后一人斩杀，夺去他们身上的储物袋，焚烧成灰后，带着陈子晴瞬间离去。终于，在陈子墨两人不远处，就是陈氏领地，两人瞬间来到大阵入口。少族长，少夫人。此刻守阵弟子已经不是陈子权，更换了一名普通四代族人。陈子墨点点头，没有多说，带着陈子晴迅速进入大阵内，直奔绿桃峰而去。 陈子墨两人来到族长陈德松洞府，此刻在洞府中已经有五道人影，是二长老等人。在返回的路上，他们已经传音给他们几人，几人也知晓了陈子墨回来的时间，早早在此守候。少族长，族长他，二长老，族长的遗体在哪？虽然陈德松离世，可是他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告知族人，只有这几位长老知晓此事。少族长，请随我来。陈子墨几人跟着二长老陈周立来到陈德松的遗体前。 见到陈德松的遗体，陈子墨扑通跪下：“族长，子墨不孝，来晚了，没能送你最后一程。”陈子墨沉痛不已，也极其自责。子墨，族长肯定不愿见到你如此。族长驾鹤仙去，接下来的重担要落在你身上，必须振作起来。”二长老在一旁说道。其实他们早已经知道族长的情况，后面一个月是越来越差，很难再坚持。只是没有想到会是在大婚之日。还好陈子墨没有返回家族。 不然的话，哎！陈子墨站起身，陈子晴却依然跪在陈德松的遗体前，泪流不止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二长老，族长在离世前可有交代？”陈周立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族长告知我们，他去世的消息暂时别泄露出去，宣布他已经闭死关，不突破绝不出关。接下来家族之事交给少族长处理。三月后未出洞府，由你接任族长之位。至于少族长和子晴的婚事，回来之后继续举办，不要拖延。” 陈子墨没有想到，族长就算离世，也将事情安排妥当。他也明白族长的用意，可族长为家族操了一生，如果不给族长一个葬礼，如何对得起他？家族后辈如何心安？二长老见陈子墨的神色，开口说道：“族长已经考虑到，你肯定不会同意。他已经下了死命令，绝对不能违抗，不然无法瞑目。”陈子墨久久站在在那，一动不动，无法再开口说一个字。直到良久，陈子墨才出声道：“族长，你放心。” 子墨再次发誓，一定带领家族走向强盛，攀登巅峰。如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子墨，你二长老等人大惊失色，这种誓言怎么能轻易发誓？想要阻止时，已经来不及。太冲动，太冲动了！几人痛惜不已，没有想到陈子墨如此冲动。这种誓言不可能实现，为了一时口腹，如此不理智。子清，我可能无法兑现。第七十六章，待我筑基日，便是大婚时。子晴。 族长离世，我们两个大婚，就算族长有所嘱托，可我真的无法做到。但我承诺，待我住几日便是大婚时。陈子晴抬头，泪眼婆娑望着陈子墨，重重点头，说道：“夫君不用解释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不可能要求，也会如你一般将婚事延期。”你们，陈周丽等人此刻还能说什么？如果两人都不愿意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不过，他们也知道族长离世，尸骨未寒，他们继续成婚。 将丧事变喜事，看着不知情的族人，喜庆的氛围必定是痛心至极。陈周丽说道：“子墨，你俩婚礼之事，就算要改期，但必须想出一个说服族人的理由，不然的话，到时族人怎么看，子晴也会备受非议，对子晴的声誉有着很大的影响。不考虑自己，也要考虑子晴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就按之前我说的宣布吧，待我住几日，以便更风光将子晴迎娶。族长的尸身冰封起来。” 族长为家族操劳一生，不能偷偷摸摸安葬，必须给族长一个隆重的葬礼。其他人也没有任何意见，这本来也是他们的心愿。既然由下一任族长提出，那更好。接下来，陈子墨两人一直陪在陈德松的尸骨前，便是七日。七日后，他们走出洞府，脸色依然沉痛万分。子清，走吧，只有将家族带出困境，走向强盛，族长在另外一个世界才能得以欣慰。陈子晴点点头，跟着陈子墨离开。 在他们走出洞府后，这座洞府彻底封闭，不准有任何人接近。陈子晴暂时返回了他的洞府，陈子墨前往了父母的洞府。子墨，你你让为娘说你如何是好？竟然推迟婚期，如果到时弄丢了子晴，就等着后悔吧。事情已经向族人宣布，陈子墨的父母自然也已经知晓，他们那个心痛啊！陈子晴如此绝佳道侣，自己的孩子居然还推迟，只要还没有成为事实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可现在，他们还能怎么办呢？ 组长也同意了此事，已经不可能改变。为了他们的婚事，这三个月他们是时时刻刻在准备着，就盼望着婚期的到来，将陈子晴迎娶进门。陈子墨竟然亲手将其推了出去。陈周清在一旁没有吭声。白兰是气不打一处来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一定会将子晴迎娶入门。筑基期对孩儿来说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不可能达成之事。”白兰说道：“孩子，虽然你现在的修为已经是练气后期。” 可离筑基期还有着很远很远的距离，想要突破筑基期，以我们家族目前的困境，根本支撑不了。你这是说到这里，白兰更气恼。陈子墨没有再多做解释，说道：“娘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别放在心上，可千万不要气坏了身子。你还知道此事会气坏为娘的身子，你就不能让为娘开心一回？”算了，陈子墨不想多说。可陈子墨不说，白兰可停不住，说道：“子晴听到此消息后怎么样了？” 你还不赶紧前去安抚？陈子墨赶紧点头，正好趁此机会逃离。夫君，你哑巴了？怎么不说一句？陈子墨走了，白兰的郁闷之气无处发泄，只能拿陈周青发泄了。陈周青说道：“娘子，事已至此，还能说什么呢？现在我们想办法如何获得资源，让子墨早点筑基。”白兰脸色暗淡下来，说道：“筑基，筑基哪有这么容易？何况去哪里获得如此庞大的资源？更关键是，筑基丹才是筑基的关键。” 更是不可能，夫君，你可不许像上次那样又准备离开，别到时又发生危机。陈周清叹道：“就算我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力啊。炼气七层还有一些可能，筑基对我这个炼气五层修为的人来说，能提供什么帮助？”陈周清倒是想呢，可有着深深无力之感。两人陷入沉默。陈子墨没有回原来的洞府，而是前往了绿桃峰顶的那座，只是没有想到陈子晴也在。当时陈子墨两人分开时。 以为陈子晴会回到他原来的洞府，在陈子墨打开洞府的瞬间，一只雪白的妖兽直奔陈子墨而来，在陈子墨的身上蹭了又蹭，欢快至极。三月未见，雷峰虎长大了一些，不过还是很小。陈子墨蹲下身体，将其抱在怀中。夫君，陈子晴见到陈子墨，轻声喊道。陈子墨抱着雷峰虎来到陈子晴身旁坐下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你也要振作起来，相信族长也不希望你如此。接下来。”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不能再耽搁。陈子晴点点头，站起身说道：“夫君，我们现在出发吧。”陈子晴说做就做，其实也是想通过其他的事情分散注意力，不然的话，待在此处很难缓解过来。族长对他而言有着大恩，虽然族长可能是看在他灵根绝佳的因素上才对他关怀备至，可对他的好是做不了假。何况族长在族人心目中极其敬重，就算是普通的族人，如果知晓族长离世的消息，都会如他一般。 悲伤欲绝，痛惜难忍。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急这一时，明日再出发。何况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小白交给谁来照料？在离开前，先安排好此事。哎，要是有一只灵兽带，就方便多了。”陈子晴说道：“子墨，家族好像有灵兽带，询问四长老应该知晓这事。陈子墨还真不知晓。不过，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‘小白还太小，暂时还是不要放入灵兽袋内，将它安放在此。’” 也能更快成长起来。算了，到时将此事交给二长老处理，反正这几日也是由二长老在照料。今日先在此调整一晚。陈子晴靠在第七十七章，成功布置土象阵，万事俱备。一日后，两人离开了陈氏领地，直奔那处山谷而去。此次的目标非常明确，正式建立方式，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。两人来到山谷附近，从狭长的峡谷而入。没有多久。 山谷出现在眼前，滚出来！可就在此时，陈子墨怒吼出声，视线死死的盯着一处方向。没有想到，居然有修士的身影来到了此处。此刻，陈子墨十分担心此处位置是否已经暴露，特别是那处泉眼。如果那处位置暴露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那处泉眼，希望发现灵泉吗？虽然这处山谷比较特殊，但也可以用其他的位置代替。可在发现泉眼后，如果下方真的有灵脉， 意义完全不同。陈子晴眼神担忧至极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从一处隐蔽的草丛中探出身来：“前辈，饶命啊！小的刚来此此处，并不知晓此地被前辈占据。如果知晓，打死晚辈也不敢生出此心思。”陈子墨脸色冷漠，冷声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个修士脸色更是惶恐，紧张的说道：“前辈，小的张三，一名散修，从天望城而来，准备前往天阴山脉寻找宝物，路过来此。” 那你可有将此地的事情告知其他修士？前辈，晚辈保证绝无将此地告知任何修士，如有一句谎言，天打雷劈而死。就在此时，一柄法刀破空而去，啊！一声惨叫，那个名为张三的修士倒在了血泊之中，就此身亡。陈子墨两人松了一口气，还好，应该没有出现意外。至于张三，他是不可能放过。此地是家族的希望，不能生出任何意外。一时的仁慈。 可能将家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境，夫君，他说的话不可能全信。陈子晴还是担心，虽然发下毒誓，可是真的是事实吗？这种情况下，他没有选择发下毒誓，还有可能活命，不然的话必死无疑。只是那个张三的修士没有料到的是，不管他如何选择，只有一条死路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事情已经发生，我们再忧虑也没有任何作用。现在赶紧布置土象阵。” 到十一土象阵之力，就算是筑基初期的修士来到，也休想将此地攻破。陈子晴默默点头。陈子墨将张三的尸体焚烧后离开，拿出了土象阵。土象阵已经直接炼制，无需像阵法师那般需要使用材料一点点布置，方便很多。当然，此种成型法阵虽然十分便利，可相对原本的阵法威能要减弱不少。如果由一位阵法师亲手使用材料布置的话，威能更加强大。陈子墨两人从山谷离开。 来到四周的山峰上，观察着四周的环境。接下来要布置阵法，首先要寻找合适的位置，确认好后再布置土象阵。经过一个时辰仔细探查，陈子墨两人终于有了决定：以四周的山峰向外扩充为区域，用土象阵将山谷覆盖。布阵点也已经确认完成，两人马不停蹄开始动手。虽然是炼制成型的法阵，可想要布置还是需要耗费不少功夫。何况土象阵是二阶法阵，如果两人修炼过阵法的话，可能相对容易一些。 只是可惜，阵法一道，两人几乎没有涉猎。但好在是炼制成型的法阵，对于没有修炼阵法的修士，并不是阻碍。两人一点点摸索，不断的调整部位，到达最佳。之前确认好的布阵点，在布阵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不足，不断的调整。经过两人一日之久，终于终于布阵成功。陈子晴疲惫的脸上露出笑色：“夫君，我们成功了。”陈子墨也是欣喜至极，这是他第一次布阵。 虽然是成型的法阵，可还是十分满意。陈子墨注入灵石，开启土象阵，瞬间光芒闪动，土象阵将山谷完全覆盖不说，还向外衍生了不少距离。陈子墨一道攻击轰击在土象阵上，但对土象阵没有丝毫的影响。陈子墨满意至极，二阶法阵果然强大至极，而且土象阵主防御，防御力更是在二阶下品法阵中强大到极致。陈子晴笑意连连，疲惫之色像是一扫而尽，可看着土象阵。 说道：“夫君，土象阵虽然强大，可如果有一件强大的法器镇压的话，土象阵的威能，相信能更大程度得到挖掘。到时，土象阵的防御力比之现在还要恐怖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他想到了一件宝物，那尊炉鼎，它可是灵气，如果将它作为镇压之物的话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土象阵在现有的基础上，还能更上一层楼。陈子墨手中出现一物，说道：“子清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此时。 陈子墨已经将炉鼎炼化，一直陈放在丹田温养。他也给炉鼎取了一名青木鼎。青木鼎气息内敛，陈子晴并没有看出它是一尊灵器，说道：“夫君，这尊丹炉是。”就在此时，陈子晴微张着小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陈子墨手中的炉鼎。此刻，陈子墨将青木鼎的气息微微释放，灵气的气势展露在陈子晴面前。陈子晴哪里能想到，陈子墨手中居然有一尊灵气丹炉？灵气丹炉啊，价值连城！ 多少丹师梦寐以求之物，子晴，此乃青木鼎，品阶到达灵气，由此丹炉镇压的话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陈子晴逐渐适应过来，说道：“夫君，可青木鼎如此珍贵，如果出现问题，可就得不偿失。”陈子晴又患得患失起来。陈子墨笑着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不会有意外，何况那处灵泉，如果下方真的有灵脉的话，以后我恐怕要长居此处。有我在，青木鼎怎么可能有事？走，我们现在可以放心挖掘那处泉眼。” 让我们看看是否有奇迹出现。可就在此时，土象阵光芒暗淡下去，很快自动关闭。第七十八章探寻泉眼猛然爆发。陈子墨很是无奈，土象阵虽好，但想要一直开启，耗费的资源太过庞大。如果没有灵脉支撑，恐怕土象阵只是一个摆设罢了。到时还是要重新布置一座低阶法阵，护持山谷的安全。陈子墨重新投入灵石，两人的身影消失在阵法之外，来到了灵泉位置。 尹道友，你有没有感应到那处方位刚刚有波动产生？交汇口有着两人，刚好从此地路过，准备前往天阴山脉。但开口的那个修士突然望向一个方向，并询问姓尹的修士。姓尹的修士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秦道友，尹某也发现了异常，但我们还是继续前往天阴山脉，免得多生事端。”可秦姓修士却是对那处方位有着极大的兴趣，说道：“尹道友，我们先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是有宝物出世，刚好被我们遇到。” 如果错过，在下实在不甘啊！如果尹道友依然担心的话，我们可以远远的观察，这样也能避免暴露。最终，隐性修士还是没有经受住诱惑，两人向着那处波动的方位而去。嗯，居然是一座阵法！两人来到远处，看到一座阵法将那处位置包围，慢慢的靠近。秦道友，难道还继续？这座阵法爆发的威能来看，很是强大，里面的修士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我们能应对，我们还是走吧。 可就在此时，阵法内一位修士走出，说道：“两位道友到来，欢迎至此。不过此座方式暂时还未开建，等方式建成开放之后，欢迎两位道友再次光临。现在无法迎接二位，在下十分抱歉。”秦信两个修士对于出现的修士，先是极其警惕，后放松下来。他们没有想到，居然有势力准备在此建立方式。据他们所知，此地好像没有方式存在。如果真的能建立起来的话，对他们而言。 绝对是福音。看着眼前的法阵如此强大，给了他们很强的信心，安全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突然，隐性修士惊讶的说道：“你，你是仙宝商铺的掌柜？”现身之人正是陈子墨。陈子墨控制着土象阵，通过土象阵对外界一定范围内感知十分清楚。两人的到来瞬间被陈子墨知晓，与其让他们怀疑猜测，还不如主动现身，更是通过这次机会让两人主动传播出去，知晓方式的存在。 不管泉眼下方是否有灵脉，都会将方式建立起来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道友，上次一别已过去几年，道友可找到破金石？”没错，那个姓尹的修士正是陈子墨还在管理仙宝商铺时，那个购买破金石的修士。如此凑巧，居然在此地遇见尹道友，你们认识？姓秦的修士也非常意外，两人居然认识。尹姓修士笑着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说来凑巧，三年多前，尹某前往碧云城一趟。” 寻找破金石，认识陈掌柜，接着对着陈子墨说道：“哎，可能破金石和尹某没有福分吧，至今没有打听到其线索。”陈子墨说道：“尹道友不用着急，等方式建立起来后，说不定在我这座方式中能得到线索，甚至直接获得呢。那就借陈掌柜吉言，也希望陈掌柜的方式顺利开放。”几人交谈一会，尹信两人离开，前往了天阴山脉。自始至终，陈子墨都没有邀请两人进入阵法中。开玩笑，不管是任何人。 都不可能。陈子墨也知晓了两人姓名：尹天赐、秦方仁。两人都是来自小家族，在外遇见，相伴来此，进入天阴山脉探险，希望能遇见机缘。两人的修为都还不错，练气六层。见两人走远后，陈子墨重新回到阵法内。陈子晴一直在阵法内等待，并没有出现。他们正准备探寻泉眼，可就在此时，尹天赐两人出现，被迫中断。夫君，怎么样？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。 身处在土象镇的陈子晴，由于阻隔，并不知晓。见到陈子墨的瞬间，急忙询问。陈子墨简短将事情告知，陈子晴才放心下来。两人来到泉眼处，泉水依然在不断涌出。子晴，接下来交给我。”陈子晴说道。“子墨，要不传音给家族，让族人来此将此地挖掘，不然的话，恐怕需要不短的时间，对你来说十分辛苦。”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此地之事暂时先别暴露，以我的修为。” 无需多久就能搞定。说着，陈子墨拿出了器具，准备开挖。陈子晴也拿出了器具。陈子墨阻止，不管陈子晴如何坚持，陈子墨坚决不让。这种事情他一人便可。陈子墨怀着期待的心情开始动手。一日过去，开挖的深度下探一里，可依然还未见到灵脉的出现。但陈子墨没有放弃，反而越发的期待，因为越往下方开挖，灵气越是浓郁。陈子墨两人现在有着很大的把握。 下方出现灵脉的几率很大。渐渐的，陈子晴也下来帮忙，将陈子墨开挖的泥土与石块装入储物袋中，将其带回山谷。夫君，你说有没有一种法术，能探寻灵脉？如果每次都是如此开挖的话，想要找到灵脉太过艰难。看着辛苦开挖的陈子墨，陈子晴突然想到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应该存在，只是我们很难得到。”又经过一日，可越往下开挖的难度越大，对陈子墨的消耗也是极其巨大。 陈子墨不得不停下来恢复，再继续开挖。到此地时，灵气越发的浓郁。此时的两人脸色越发的欣喜，除了没有见到灵脉外，几乎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，其下方绝对有一条灵脉。恢复消耗，陈子墨马不停蹄继续开挖。经过十日，已经到了极深处。此地的灵气浓郁至极，在此修炼的话，绝对事半功倍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阵强大的波动猛然爆发开来，两人没有任何准备，差一点被掀飞。 第七十九章惊喜与失落。可两人并没有恐慌，反而是欣喜至极。一阵强大的波动冲破最后一层瓶颈，此时一条灵脉横沉在陈子墨两人面前。夫君，二阶灵脉！两人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一幕，没有想到竟然是二阶灵脉。自从陈氏老祖先逝后，二阶灵脉与陈氏家族就此绝缘。在此地能发现一条二阶灵脉，不管是对陈子墨还是陈氏家族极其重要。现在反而让他们困扰。 二阶灵脉的出现，再将此地作为方式据地，可他们十分担忧，一旦二阶灵脉泄露，那些筑基家族必定会来此抢夺。土象阵对付筑基初期的修士还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抢夺的修士如果是筑基中期甚至以上的修为，只能乖乖的交出，避免灭族之祸这一种选择。夫君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陈子墨说道：“别急，等我先仔细探查完这条灵脉，再来决定之后的事情。”最后一层阻碍已经被灵脉冲破，陈子墨来到灵脉的边缘。 仔细探查，灵脉散发的灵气极其浓郁，灵气质量也比家族那条灵脉要好上很多。陈子墨渐渐眉头皱起，返回到陈子晴身边：“夫君，你怎么了？”陈子墨叹气道：“我们开凿的不是时候，这条灵脉正在晋升，此刻晋升失败，并没有达到二阶灵脉的程度。不过比一阶上品灵脉要好，算是介于一阶上品灵脉至二阶灵脉之间吧。”“啊，夫君，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惊扰了灵脉晋升吧？”陈子墨摇摇头说道。 具体我也不是很了解，但我有预感，与我们或许有着关系。陈子晴心痛不已，二阶灵脉啊，这能为族人解决突破的问题，更是能加快族人的修炼速度。如果家族之人长期沐浴在二阶灵脉灵气的滋养下，资质也有可能得到不小的提升。一阶灵脉完全无法与二阶灵脉相提并论，差距太大，犹如炼气期与筑基期修士之间的差距。陈子晴还是不甘心，说道：“夫君，此条灵脉还有没有可能晋升二阶灵脉？” 陈子墨说道：“不能说没有，但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利用这灵脉。他想再次晋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除非是我们有着机缘得到灵脉晋升的灵物。以灵脉目前的品阶，可以说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提升。但灵脉晋升的灵物，想要得到，比得到筑基丹难度至少是其百倍以上。算了，我们不必去纠结。不管是二阶灵脉也好，一阶灵脉也罢，我族能重新寻得一处灵脉之地，已经是极其幸运之事。我们也不用困扰此地接下来如何利用之事。” 陈子晴还能说什么？事已至此，他祈祷着幸运降临。某一天，家族能得到灵脉晋升之物，家族也能重获二阶灵脉。陈子晴说道：“子墨，既然已经确定此地有着灵脉，接下来该通知族人在此地建立方式，开始动手开建。”陈子墨摇摇,摇头说道：“子晴，先等等，在此之前还有一些事情要完成。”说着，陈子墨来到一处位置，此处正是土象阵的中心点，最重要的一把阵旗就布置在此处。 陈子墨将其转移，移入灵脉之中。轰！顿时，土象阵的威能强大了一截，流动的光芒更为璀璨。就在此时，一尊炉鼎出现在陈子墨手中，正是青木鼎。青木鼎脱离陈子墨之手而去，在空中慢慢变大，进入灵脉内，横沉在阵旗上空。轰！青木鼎流转，土象阵的威能在一点点减弱，逐渐恢复到稳定的状态。还有着一项好处，本来不断涌出的灵气。 也被镇压而下。夫君，有了青木鼎镇压，不仅灵脉更稳定，这杆阵旗如果有修士攻击，更不可能撼动。同时，阵旗时刻沐浴在灵脉中，它也得到了滋养，说不定会发生改变，到时越来越强呢。见到此景，陈子晴露出喜色，同时又有着期待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晴，你说的没错，还有一项好处，青木鼎沉入灵脉，也能得到滋养。此时的青木鼎只是下品灵器。” 说不定能得到蜕变，成为中品灵器，到时发挥的威能更强，对阵其与灵脉都有好处。如果有一位炼丹师的话，有此鼎，家族丹药也不用再发愁。子晴，你有着木属性灵根，说不定能成为炼丹师。等方式稳定下来后，你开始尝试炼丹。陈子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夫君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家族也以为我有炼丹天赋，其实已经做了尝试，但失败了。我虽然木属性灵根为主，可炼丹天赋平平，可能与我的灵根属性有关。” 木土水，如果把水土两种灵根中的一种换成火灵根的话，说不定有着希望。但这说不定，这乃是我的一种猜测。有可能真实的原因就是我的炼丹天赋差。说到这，陈子晴差点对自己产生怀疑。他的修炼天赋，在陈子墨还未横空出世前，族人中绝对的第一。没有想到，也有他不行的时候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清，没关系，说不定你有其他的天赋还未发觉。我们先建设方式再说。”陈子晴点点头，问道：“夫君。”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陈子墨说道：“我们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接下来交给族人，在此处开辟几座洞府，到时在其上布置阵法。嗯，直接在灵脉上方开设洞府，却是在地面之下。不过也非常简单，并没有耗费很长的时间。为了不破坏这里的结构，陈子墨只是开设三座洞府就停止开凿。接着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套法阵，从曹公的储物袋中得到，正好可以用在此地。一阶上品法阵，阳云阵。” 算是一套不错的法阵，布置在灵脉的上方，没有停止。虽然有着青木鼎的镇压，可是还是有着灵气溢出。拿出了锁灵阵，继续布阵。第八十章栽跟头才能醒悟。锁灵阵布阵成功，灵脉中的灵气终于再无一点泄露。想要获得灵气的话，要么在洞府中修炼，要么需要重新布置引灵阵。不过陈子墨之前有着打算租住给来方士的修士，但此刻的陈子墨暂时打消了此念头，家族实力太过薄弱。 修为最强之人也不过是炼气七层，一旦灵脉的消息泄露，肯定会招惹某些势力霸占此地。目前还是先稳步发展，等到家族的实力提升，到时再布置引灵阵，将灵脉中的灵气引入洞府中，租用给修士得到的灵石资源将更多。一切准备妥当，陈子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陈子墨环视山谷，接下来就是方式正式开动。陈子墨拿出一枚传音符，通知二长老陈周立带领部分族人来到此地。 陈周丽虽然有着疑惑，可并没有多说。此刻的陈子墨虽然还是少族长身份，可实际已经是家族之长。陈子墨拿出了一张图纸，说道：“子晴，看来这个方案要放弃了。”在此前，对于方式如何布局，他们已经完整的规划两种方案。如果泉眼的位置下方存在灵脉，那陈子墨手中的方案作废。现在来看，确实用不到。陈子晴笑着说道：“夫君，虽然这份图纸倾注了我们不少心血，可是将它遗弃……” 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？有着这条灵脉为根基，相信方式开放后，一定会为我们家族源源不断带来丰厚的修炼资源。陈子墨点点头，并没有销毁手中的图纸，重新放入储物袋中，拿出了另外一张图纸，正是接下来族人来到后，按此来进行开工建设的方案。图纸上的规划非常详细，目前能想到的几乎都在上面。但陈子墨也知道，他们没有方式经验，肯定有着不足。不过没有关系，等方式开放后，如果出现问题， 到时再调整便是。族人还在来山谷的路上，需要一些时间。两人也没有就此停下来，而是继续动手。他们负责的区域正是灵脉附近，此地到时绝对禁止外人入内，与方式隔开。时间流逝，终于在外界有着吵闹的声音。土象镇外有着上百来人，陈氏家族全部族人加起来不超过五百，两成族人来此可谓是空前。许多族人还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。陈子墨的身影。 很快出现在土象阵外，少族长。众人见到来人，有些意外，但急忙行礼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将诸位族人带到此地，接下来有着艰巨的任务交给大家。我们先进入阵法再说。”说着，陈子墨打开阵法，将族人从峡谷中迎入山谷内。族人进入山谷，纷纷好奇。除了陈子墨两人外，他们中几乎都是第一次来此，对于此地不知少族长想要做什么。二长老在陈子墨身旁问道：“少族长。” 你确定在此地开设方式？对于陈子墨找到了一处方式据地，他们几人还是有着了解，但也没有太多的在意。想要开设方式的想法，在他们看来根本行不通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二长老，方式接下来就开设在此，阵法已经提前布置，就是我从碧云城拍卖会上得到的土象阵，有着土象阵的防御，方式的安全有了强大的支撑。接下来就是开工建设，早日将方式建立起来。”此时的族人正在山谷中游走。 陈子墨几人并没有立即宣布此事，几位长老心中叹气，“土象阵，土象阵”这几个字让他们沉默不语。还是二长老陈周立出声说道：“少族长，土象阵虽然防御强大，可是想要维持它运转，耗费的资源极其庞大。开设方式是为了缓解家族资源紧张，可现在来看，到时方式开放后，每日得到的资源恐怕连维持土象阵运转都无法支撑。”看着还在不断运转的土象阵，二长老心痛不已。 土象镇每时每刻都在耗费大量的资源，这让原本资源枯竭的家族雪上加霜。陈子墨作为族长，怎么能如此浪费？可他们能怎么办呢？强力阻止陈子墨，让其放弃。但看到陈子墨的神色，兴致高昂，他们知道不可能成功。算了，等少族长栽了一个跟头，到时他自然会醒悟，冷静下来，以后再有其他的想法，不会如现在这般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你们放心，我不是不知轻重之人。” 等下，我带你们去一地，你们自然明白。从提出建立方式以来，已经耽误很长时间，接下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方式建设，早一日开放，早一日为家族带来资源。说着，陈子墨拿出了一张图纸，说道：“这是方式规划图纸，接下来按照此图纸进行开建。”陈子墨将其交到陈周丽手中，他看过后，再转移到其他长老手上，每个人都仔细的浏览一遍。这期间，陈子墨没有出声，静静等待。陈周丽说道。 这份规划图算是比较完整，我没有其他意见。其他四位长老也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陈子墨见此，也就不再废话，说道：“二长老，接下来你负责这片区域。”陈子墨指定人选，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，这样的话能更高效行动，加快方式建立。众人点点头。此刻，陈子墨将游走在山谷中的族人全部聚集在一起，说道：“相信诸位族人，有不少已经听说家族要开设方式。” 没错，家族确实有此项计划，此地就是方氏据点。接下来，方氏将开设在此。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，具体怎么做，几位长老会安排，我就不在此多说。希望诸位族人齐心协力，早日将方氏建立。陈子墨简短的讲了几句，不再多言，接下来交给了二长老他们几人，下面的事情由他们来处理。一日过去，第八十一章，人不都是圣人，付出需要回报，在渐渐步入正轨，此刻。 陈氏族人正在有条不紊的建设中，他们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做过此事，可没有人有着怨言，勤勤恳恳完成自己的任务。但从第一日的情况来看，虽然每个人任劳任怨建设着方式，可是兴致不高。陈子墨见到此情形，这还是第一日，方式想要完成建设需要的时间可不短，到时说不定会生出一些问题。第二日，为了激励族人，陈子墨宣布了一项举措：来此建立方式的族人完成布置的任务，可以得到贡献点。 尽快完成交接任务后，领取新的任务可以继续获取贡献点，没有限制。同时，陈子墨承诺，所有的贡献点一定会兑现，必定能兑换修炼资源，效果立竿见影。族人的兴致很快高昂起来。通过此事，陈子墨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不是每个人付出不求回报。虽然方式建立未来可能给家族带来资源，对每个族人都有好处，可是建立这座方式，当前在他们看来绝对是赔本的买卖，怎么可能会有回报呢？既然如此。 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心中的不满就会渐渐升起。有付出需要看到回报，虽然这回报可能拿不到，至少有着希望才会有着动力，这是天性使然。凡人如此，修士何尝不是呢？不管建设方式的结果如何，至少陈子墨作为少组长承诺过，贡献点一定能兑换资源。作为未来组长，如果第一次开口就不能兑现的话，以后的话在他们眼中没有任何信服力。他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陈子墨难道是傻子，敢随意开口？ 他们不怕陈子墨不兑现。通过几日观察，陈子墨想起了族长的话：每个族人不能不劳而获，不然的话，渐渐会成为习惯。如果一个家族成为如此，那这个家族离毁灭也就不远了。陈子墨心中暗暗决定：家族不管接下来怎么样，每个族人想要获得修炼资源，就必须拿出对应的贡献点前来兑换。一是激励族人不懈怠，同时也是让他们明白，想要得到资源不易，让他们更加珍惜。当然，如果家族越来越强盛的话， 家族每个月发放的资源肯定会逐步提升，也是为了让族人同步提升。但想要更多资源，就需要依靠自身。五日后，终于几位长老可以腾出手来。这几日，他们几乎是没日没夜操劳着方式建设的事情，一刻也无法停歇。陈子墨将五位长老召集在一起，陈子墨说道：“这几日，诸位长老辛苦至极，子墨代表族人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。”陈周立几人摇头说道：“少族长，这是我们分内之事，何须见外？反而是少族长你。” 为了方氏，已经操劳了数月之久，我们几乎是没有出一点力，心中有愧。哈哈，二长老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就不说这些。接下来带你们去一个地方。陈子墨见此，急忙中断继续下去，这种话实在有点生分。陈子墨带着几人来到了一座阵法外，其实他们早已经知晓了此处的阵法，可是没有一个开口过。相信陈子墨布置一座阵法在此，有着自己的用意，而且他们也看过方式规划图纸。 这一片区域都将与方式隔开。此地，他们心中有着猜测，估计是将此作为陈氏家族活动的区域，外人不准进入。不远处乃是山壁，陈子墨打开阵法，将几位长老迎入其内。很快，有一道身影出现，正是陈子晴少夫人。见到陈子晴，几位长老行礼。这几日，陈子晴一直在洞府中闭关修炼，并没有出现。陈子晴也希望能在此洞府中突破炼气七层。感应到有几道气息进来。 陈子晴直接中断闭关，他也知道肯定是夫君带着几位族人来此，等见过他们，了解了此地后，再继续闭关不迟。接下来的事情，反正也无需他操心，刚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，在方式开放前尽力突破炼气七层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可有感觉此地有何不同？”陈子墨没有直接相告，而是问向了几人。陈周立说道：“此处的灵气很是浓郁，子墨，难道你将灵石全部投入其中，维持土象阵运转？” 这里的灵气也是临时溢出。陈子墨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望向了其他四位长老。此时几人的脸色有点暗淡，心中暗叹：“哎，作孽啊！”几人没有出声。陈子墨见此，笑着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如果是如此的话，我会带你们来吗？请随我来。”说着，陈子墨从一处洞口而入。陈子晴看着几位长老愁眉苦脸的脸色，笑着说道：“长老放心，你们见过后肯定会大吃一惊。”说完。 陈子晴也重新进入洞口，随着陈子墨而去。五人不明所以，面面相觑，不过还是跟着进入。随着深入，灵气是越来越浓郁，渐渐的发现了几座洞府。灵气！四长老陈周武惊呼出声，他们看见一只巨鼎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，散发着淡淡的灵气之威。少族长，你在此地发现了这件灵气？还是陈周武出生，他以为青木鼎本身就在此处，被陈子墨两人发现。其他几人也是狂喜不已。 一件灵器，他们当然明白它的价值。看样子还是一件丹炉，更是价值连城。如果将此鼎兑换成灵石的话，家族资源枯竭的问题能暂时得到解决。可他们也知道，不可能涸泽而渔、焚灵而猎，将灵气售卖出去。有此鼎在手，如果能培养一位炼丹师的话，家族资源的问题也能得到些许的缓解。凭此一步步稳健发展，说不定能解决家族的困境。见到此鼎，让他们燃起了希望。陈子墨还未开口。 陈子晴说道：“四长老，你们所见难道仅仅只是青木鼎？至于青木鼎，它可不是出自此余处，而是来自夫君。第82章”第八十二章梳理自身，检验收获，在青木鼎下方才是真正的惊喜所在。说着，此时的陈子墨移开了青木鼎的镇压。陈周立几人不可置信的望着眼前一幕，惊呼出声：“二阶灵脉，二阶灵脉，天佑我族，天佑我族啊！”陈周立几人激动不已，只要有此条二阶灵脉。 相信家族一定能走出困境，迎来辉煌。陈周立几人急忙转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我们心中有愧，这几日一直在误解着你。”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长老，这不怪你们，大家也是为了家族着想。如果一味的阿谀奉承，反而会让我失望。不过，此条灵脉并不是二阶灵脉，而是介于一阶灵脉与二阶灵脉之间，还未达到。”几人兴奋的脸色变得错愕，他们感知到的气息明明就是二阶灵脉。 难道还有物几人急忙仔细查看，顿时失落不已。正如陈子墨所说，此条灵脉没有达到二阶。不过很快恢复过来。就算不是二阶灵脉，但这条灵脉的品阶远超家族那条灵脉，对家族来说已经是极其幸运。还有什么可失落的？陈子墨重新将青木鼎恢复原位，镇压在其上方。三长老陈周生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此地的灵脉刚好可以将家族领地移入此地，再用此作为方式据地，恐怕得不偿失。” 其他几人，他们的想法也差不多。有了一条品阶极佳的灵脉，肯定是先用以家族使用。家族那条灵脉几年前受损，跌落品阶，让本就难以为继的家族变得雪上加霜。这条灵脉正好可以改变这一现状。陈子墨摇摇,摇头，说道：“家族领地暂时不可动，此地的灵脉，未来家族优秀的族人也可以来此闭关突破，不会受到多少影响。”诸位长老也看到了那三座洞府，到时可以再开设一些。还有灵脉上的那面石壁，不会对外人开放。 到时也可以开凿出多座洞府，将灵脉的灵气牵引入洞府内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说到底，这只是一条一阶灵脉，解决不了家族的困境。方式开设是家族的一次尝试，不管能不能成功，势在必行。不然家族继续如此下去，只会越来越弱，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，烟消云散。相信诸位长老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幕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办法，也可以提出。对任何能帮助家族的建议，我必定全力支持。 建立方式在陈子墨心中无可动摇，必定坚持到底，不管任何人有多少理由，不会改变。陈周立几人见此，也不再多言。陈周立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方式开放后，人多嘴杂，灵脉的事情，我觉得还是暂时不要公布，等家族的实力逐渐提升后，再公布不迟。至于族人需要来此闭关，也必须发下重视，绝不能泄露半字。”陈氏家族目前修为最强之人，除了陈周克在外，还有杳无音信的大长老陈周岩以外。 都在此处，他们也不过是练气七层。陈德松已经离世，灵脉的事情一旦泄露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这倒是和他的想法一致，说道：“二长老言之有理，目前来说确实不能将灵脉的事情泄露。不过我们也要充分利用灵脉的优势，绝不能因为怕泄露而固守固围，不然的话，灵脉在此也等于是一条废灵脉。”接下来，他们一起商讨接下来如何利用灵脉。 接下来的时间，几位长老兴致高昂起来，时刻在监督着方氏的进展。陈子墨两人终于空闲下来，陈子晴已经闭关，陈子墨也没有耽误，选择另一处洞府短暂闭关。自从离开矿洞后，几个月以来，陈子墨一直处在奔波之中，没有时间修炼。陈子墨知道，家族想要进步，他必须提升修为。就算到十方世获得巨大成功，家族因此受益，可没有实力的话，仅凭土象阵不可能保住成果，反而会因此陷入危机。刚好。 接下来的事情无需他过多操心，只要按照既定的规划一步步进行的话，就不会出现什么差错。他也可以利用方式建设这段时间，梳理自身，提升修为。陈子墨身处在一处洞府内，他没有立马开始闭关，而是拿出了几只储物袋，正是来自曹公四人。之前只是稍微看了一眼，并没有仔细探查。不过那枚筑基丹，陈子墨两人在此前倒是迫不及待从曹公的储物袋中拿出，仔细的观摩一次。此时。 陈子墨手中一只药瓶出现，解开药瓶上的封印，倒出一枚丹药。他的脸色依然兴奋至极，手心中的丹药正是筑基丹。拍卖会上可望不可及的筑基丹，没有想到阴差阳错到了他的手中。有了这枚筑基丹，只要他突破炼气九层的修为，不必再为突破筑基七十、为筑基丹发愁。现在的陈子墨只有一个心愿：尽快突破炼气九层，筑基成功，才能真正帮到家族。方氏成功后，也无需过多担忧。方氏就算再成功。 必定范围有限，对那些大势力根本看不上，但某些筑基家族可就眼馋。修炼资源对每个势力来说都是极为重要。陈子墨很快将筑基丹重新放入药瓶内，封印起来，生怕药效流失。以后尽可能少将筑基丹暴露在外。曹公的储物袋中，除了这枚筑基丹以外，最珍贵的莫属于青云刀。之前他们都以为青云刀是一柄灵器，可等到陈子墨拿到手上后，才发现青云刀还没有真正到灵器的品阶。 只不过是有了一丝灵气的气息，无限接近灵气罢了，可称为伪灵气。曹家作为筑基势力，家族虽然有筑基修士，可灵气对他们来说，应该也是极其稀有。曹公作为一位炼气八层的修士，想要在家族中获得一件灵气，想想也不可能，除非是曹公机缘得到。除了筑基丹、青云刀外，曹公的储物袋。第八十三章，方式开放前吸引修士。曹公的储物袋没有几件像样的宝物，灵石更是一枚都没有。 估计是兑换筑基丹时全部耗尽，恐怕灵石不够，把其他的宝物一起跟着兑换了。接着拿出另外三人的储物袋，来自李氏家族。陈子墨在拿到他们的储物袋后，逃离的途中就已经知晓。对于李氏家族，陈子墨了解不多，但实力相对陈氏家族来说，可要强大很多。他们家族中有了多位炼气九层的修士，筑基期修士倒是没有听说。对于筑基丹，他们家族肯定极其渴望。李氏家族三人为了能得到筑基丹，连筑基家族也敢下手。 可想而知，他们对筑基丹已经极尽疯狂。很多家族有着炼气九层的修士，可始终无法踏破那层门槛，成为筑基势力，就是因为缺少了最关键的一样宝物——筑基丹，将他们生生的横挡在门外，一个个寿元耗劲儿死。从几人的储物袋中收获颇丰，加起来有着一万多枚灵石，对于几个炼气期修士来说已经很多了。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宝物加起来，如果兑换灵石的话，也有不少。陈子墨大致估算了一番。 除去筑基丹与青云刀，从四人的储物袋中，此番收获大概是一万五千枚灵石左右。等这次闭关结束，回到家族后，准备将这些资源交给宫宝殿兑换贡献点。至于拍卖土象阵，花费的灵石都算作是家族的开销。开设方式本来就是为了家族，这不用多说。整理完毕后，陈子墨收起储物袋，屏气凝神，开始闭关，运转青木诀。洞府中浓郁至极的灵气快速进入陈子墨肉身内。时间流逝。 不知不觉中，一个月过去。突然，洞府外有着声音响起。陈子墨从中醒来，停止运转青木诀，睁开双眸。一个月闭关，收获不小，但想要突破炼气八层，还需一些时日。起身打开石门，少族长、二长老就站在石门外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二长老，这段时间辛苦了，进来再说。”陈子墨将二长老迎入洞府中，两人盘坐下来。二长老说道：“少族长，经过族人一个月日夜努力。” 方氏基本完成建设，还有一点点收尾，大概两到三日便能结束。此次过来打扰少族长闭关，是有事情商议。方氏建成以后何时开放？陈子墨说道。二长老，最近可有良辰吉日？二长老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经过我们几人查询，再过五日，天星高照，吉日来到，那天正式开放，相信能给我们带来鸿运。”好，陈子墨直接开口说道：“那就将方氏正式开放的日子定在那一日。不过。” 在开放方式前，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做。这处方式虽然建立在药道交汇口，可必定离这有些距离。修士都是匆匆忙忙前往天阴山脉或者返回那些城池，很难发现此地。接下来，我们重中之重就是将方式开放的事情传播给在天阴山脉内的修士，让来往的修士也要清楚看到。我的想法是，族人乔装打扮进入天阴山脉内，将方式开放的事情透露出去，再经过修士口口相传，不断在修士中传播，这是其一。其二。 我们要利用那交汇口的优势，可以在那处位置设立一处显眼的标识，让来往的修士知晓此处有一座方氏。不知二长老可有其他的建议？陈子墨的话让二长老对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，看来陈子墨早已将很多的事情面面俱到，对于陈子墨将成为家族族长更为认可。沉思半晌，二长老说道：“少族长，你基本把事情考虑到了全面细致，我没有其他的话，不过具体如何进行，我说下自己的看法。前往天音山脉宣传，但要将我们方式的优势。” 尽可能放大。修士来此，首要就是安全。土象阵是我们一个传播点，可仅仅只是土象阵，我觉得可能还不够，需要其他的吸引力将修士吸引过来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二长老不必担心，我早已准备了遗物。”说着，陈子墨拿出了一只储物袋，递给了陈周立。陈周立看过后，不可置信地望着陈子墨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这只雷锋虎是你斩杀？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嗯，在几个月以前。” 当时在天阴山脉时，正好遇见，斩杀了此妖。我准备将雷峰虎的肉身在方氏开放日拿出来拍卖。雷峰虎的肉身，全身是宝，相信对不少的修士有着极强的兴趣。只要有修士过来，见到我们方氏的场景后，相信他们有着自己的判断。再通过他们之口将方氏宣扬出去，相信会有修士不断前来。雷峰虎的肉身一直在陈子墨身上，没有兑换给家族。家族中也只有三人知晓，其中一个还包括了陈子墨。陈周立对陈子墨。 是更为幸福。”陈周立说道，“少族长，对方氏的事情我无法发挥多少作用，但接下来宣扬之事全部交给我，我一定将此事办好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二长老，那接下来就辛苦你了。这一个月，方氏建设可有遇到难处？”事情商议完成，陈子墨随意聊着。陈周立说道：“一切都非常顺利，不过也有遇到一些波折。族人对于获取贡献点热情高昂，可是还是有族人为了尽快接领任务。” 完成任务，滥竽充数，以次充好。还好每次完成任务交接时都会仔细探查，没有让那几人得逞，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陈子墨脸色一沉，没有想到族人在这个关头还有人做这种事。不过他也无需出面，事情已经解决，暂时让其过去吧。一切以方式开放为主。只听陈周立继续说道：“那几个族人，我们也做出了惩罚，不仅之前的贡献点全部收回，同时修炼资源减半。如果再次犯错，没收修炼资源。” 以后再根据表现重新定夺。陈子墨点点头。一个家族必须要有严格的规矩，不然的话还不乱套，其他的族人也会不满。两人离开洞府，陈子墨见到第八十四章：犯错不可怕，就怕不回头。陈子墨两人来到了山谷，只不过此刻的山谷已经大变样，一栋栋楼宇整整齐齐伫立在山谷内，道路宽敞，街铺林立在两旁。山壁上一座座洞府也已经完成了开凿，只是未进行布置。 陈氏族人们还在紧张的忙碌，完成最后一点工序。接下来就是迎接修士来到。陈子墨在规划时参考了碧云城的布置，但他也知晓碧云城何其之大，这座方式完全不能相比，做出了很多调整。他将方式分门别类进行了规划，主要是三大类：交易区、食宿区，还有地摊区、家族管理区域。陈子墨没有算作一大类。交易区主要是店铺，这些店铺也有着规划，比如丹药。 灵药等是一个区域，法器等规划在一处区域，等等，让来到方式的修士想要得到某种宝物时，能集中在某处位置更方便。如果在交易区无法找到的话，可以前往地摊区，这是临时为那些短暂需要的修士准备，他们无需租用店铺，也能在地摊区短暂的租用交易自己的所得。至于食宿区，炼器修士虽然无需每日进食，可还是无法做到辟谷，食宿区必然不可或缺。有些修士需要在此停留，自然也需住店。至于那些洞府，陈子墨的规划。 是为了那些长期闭关的修士准备，只不过目前来说，暂时无法引入灵脉中的灵气，想要吸引修士比较困难。但等到他的实力提升后，肯定会利用上。说不定就算没有引入灵气前，也有修士租用洞府闭关呢。陈子墨跟着陈周立在方式中行走，每个角落几乎游历一遍。陈子墨对其十分满意，几乎是按照规划的图纸将方式建设完成。之后，陈周立带着一些族人匆匆离去。两日后。 方式正式建立完成，就差修士到来了。所有的族人此刻都聚集在一起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这段时间，诸位族人极其辛苦，我代表家族感谢你们的付出。如果方式获得成功，离不开你们的一份贡献。接下来可能还要辛苦一段时间。方式建成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再过几日就是方式开放的日子，需要人员管理。管理方式的人员必须是来自家族之人，你们自然成为首选。当然，你们的付出必定有着收获。” 同样会有贡献点获取，这些到时交给五长老负责，由你列出详细的任务清单，根据任务的难易给到相应的贡献点。当然，不是每位族人都能随意接取任务，要发挥自己所长，不然的话，到时方式开放又不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，将极大影响着方式的发展。此项任务交给三长老负责，由你来发掘诸位族人的优势。三长老面色愁云，这项任务对他来说极其艰巨，不过并没有拒绝，点了点头。陈子墨接着说道。 第三开放方式还有三日，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完成。来此的通道需要建立，虽然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依然有着不便。接下来需要派一些族人继续劳累几日，此事交给四长老负责。陈子墨将所有的事情交代完成，事情总算理顺清晰，接下来只要按照计划进行便可。但陈子墨也知道，说起来容易，有些事情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，却是无比的艰难，特别是三长老陈周生的任务极其艰巨。 但又事关重大。众人散去后，三长老来到陈子墨身边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交给我身上的重担，我一定会尽全力。可我也知晓自身的能力，恐怕很难完美完成。”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三长老不必有压力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十全十美。何况我们本就没有经验，可以一点点摸索，吸取经验，及时纠正。犯错不可怕，就怕不回头。三长老，如果遇到任何问题，也可以找我相商，或者找其他的族人。”陈周生点点头。 又聊了几句后，没有停留在山谷中，而是返回了家族。二长老，陈氏家族最近动静很大，听说他们要建立一座方士。有消息传来，方士已经建成，就在三日后开放。之前在拍卖会时出现一套土象阵，被一位修士得到，而他们的防御方式的法阵正是土象阵。看来那个拍卖土象阵的修士正是来自陈氏族人。二长老，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轻轻松松将方式建立起来？两人正是来自刘氏家族之人，修士口中的二长老。 正是刘氏二长老刘屯，炼气九层的修为。刘屯说道：“刘荣长老在天阴山脉外围建立方式，他们是在自取灭亡，哪有这么容易？不过，他们想要顺顺当当、安安心心开放方式，也不能让他们如意。”这样，刘屯将他的想法告知给刘荣。刘荣说道：“二长老，这事交给我去办。”接着说道：“二长老，按理说陈德松的大限已到，可为何没有半点风声传出，反而是宣布闭关？这其中会不会有猫腻？” 如果陈德松已死，正是我族的大好时机，可以一举将陈氏歼灭。他们的领地、他们的商铺，都将成为我刘氏之物。刘屯摇摇头说道：“族长与大长老都已闭关，当前以稳定为主，不可发生意外。等族长两人出关后，交给族长决定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主要稳定家族为主，你可千万不要乱来。”刘屯郑重警告刘荣。刘荣点点头说道：“二长老，你放心，我会以大局为重，不会不知轻重。”陈子墨返回洞府。 还未进入洞府时，突然看见灵气出现波动，急速的向着一座洞府而去。陈子墨脸露喜色，期待的望着那座洞府，涌入的灵气越来越多。突然，灵气猛然陡增，很快恢复了平静。陈子墨怀着激动的心情继续等待着。一个时辰后，洞府石门打开，一道倾国倾城的身影出现在陈子墨面前。夫君，陈子墨快速走到陈子晴身前，激动的问道：“子晴，你突破炼气七层？” 第八十五章，仙宝方式开始。陈子晴脸色欣喜，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夫君，在最后一刻，我侥幸有所领悟，突破境界。幸好有这处灵脉，不然的话，就算有所领悟，恐怕也要就此错过。”陈子墨开心至极，陈子晴能突破，比他自己突破炼气七层还要兴奋。陈子晴不愧是上品灵根，家族最强的修炼天赋。他是靠着那粒种子才将修为提升炼气七层，可陈子晴完全是靠自身的天赋啊。 可想而知，两人的天赋差距。只要资源足够的话，陈子晴绝对能快速突破，说不定比他还要先筑基。哈哈，好，家族又增添了一位练气后期的族人。子晴，以你的修炼天赋，相信很快就能突破到练气九层。那枚筑基丹也可以利用上了，咱们家族很快迎来筑基修士。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修炼，其他的事情不用操心。陈子晴摇摇头说道：“夫君，那枚筑基丹只能由你服用。至于我的话……” 突破炼气七层后，还需很长时间积累，再想提升恐怕有些困难。夫君，方式如何了？陈子墨说道：“已经完成建立，现在就等着方式开放。方式开放的日子也已经确定。”陈子墨将事情简单的告知给了陈子晴。陈子晴听后十分高兴。随着陈子墨进入洞府之中，二叔，事情如何了？陈子墨通过传音符了解事情进展，不太好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未有修士给我回应。 在一个月前，陈子墨传音给三家店铺的管理族人，将方氏的事情宣扬出去，邀请城中的掌柜来到方氏开设商铺。听到他们的回答后，陈子墨就算有所心理准备，也不免有些低落。为了能吸引他们前来，陈子墨可谓是提供最好的优惠：租用商铺前半年免租金，之后就算收取租金，依然是有着优惠。可还是无人来到。陈子晴说道：“夫君不必伤心，等我们方氏成功后，让他们后悔去吧。” 陈子晴见到陈子墨，心情低落，安慰地说道：“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‘不错，必须让方氏成功。明日就是方氏开放的日子，希望一切顺利。今晚休息，调整状态，迎接明日的到来。’第二日很快到来，山谷中一股喜庆的氛围蔓延，到处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今日陈氏家族很多的族人都来到了方氏，分享这份喜悦，同时也是过来帮忙。方氏开放日，如果有众多修士前来的话。” 恐怕原有的人手有点不足，就算足够，由于缺乏经验，恐怕也会手忙脚乱。有了这些族人到来，自然是增添了一份信心。在那处交汇口，有着一块巨大的牌匾，牌匾上龙飞凤舞、刚劲有力四个大字“仙宝方式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处极为明显的指引，说明方式的方位。沿着此道指引，一路上一直有牌匾悬挂，指引着修士顺利来到方式当然，牌匾上有些细节将方式的构造。 清晰显示在上面，也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番方式，让过往的修士多一分了解。已经有陈氏族人做好了准备，来到此处迎接修士来到。陈子墨一大早就来到了峡谷入口，在此等候，迎接第一位来此的修士。众人的脸上有着期盼。为了建立这座方式，掏空了家族的资源，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希望。时间流逝，可是一个时辰过去，除了陈氏家族族人外，再无一个修士来到。热情高涨的族人脸色一点点愁苦起来。这几日。 他们也知道族人在天阴山脉内乔装打扮，尽力的宣扬。不少修士应该已经听到方式开放的消息，今日更是有雷峰虎拍卖，他们应该极为感兴趣才是。怎么未见到一个修士的身影？难道他们耗费家族资源建立起来的方式就这样夭折？他们无法接受，心中还在期盼，希望修士到来。陈子墨倒是没有心急，今日就算没有修士前来，他也不会气馁，也不会放弃，到时再想办法便是。修士来到天阴山脉，肯定有着这种需求。 只要有需求，就不怕方式无人问津。又过去一个时辰，终于一道不属于陈氏家族的身影从远处而来。陈子墨一看这道身影极为熟悉，立马迎接上去：“貂蝉，你从何处而来？”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道胖乎乎的身影。陈子墨在碧云城内最信任之人，貂蝉。如果没有貂蝉的话，他的命运不可能改变。对于貂蝉，陈子墨极为感激。貂蝉笑着说道：“陈师兄。” 上次传音，听到你开设方氏的消息，就马不停蹄前来。再来前没有通知你，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貂蝉，你能来此，我十分高兴。今日我方氏开放，你是第一个来到的修士。如果你有意愿在此开设商铺做买卖的话，永久提供一间上好的商铺给你，今后无需缴纳任何费用。”貂蝉作为一名散修，想要获得资源极为不易，每次获取资源几乎是冒着性命之危。有了一间店铺，如果方式成功的话。 也能为他带来一定的资源，更是陈子墨对貂蝉的一种感激。可陈氏族人听到此话，心中不喜。一个外人无任何贡献，就能轻易得到一间店铺，他们当然有意见。要知道，陈氏族人想要得到商铺，陈子墨明令禁止，任何族人都不得将商铺占为己有，一旦发现，严惩不贷。可一个外人，陈子墨却是轻易送出，他们不服。虽然陈氏族人没有开口，可貂蝉感受到了他们的心境，说道：“陈师兄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不过。” 你也知道我不是那块料，就不浪费一间上好的店铺了。陈子墨没有坚持，他确实有点考虑不周，等于是带头违反规定。不过他会想其他的办法，将一间店铺交到刁蝉的手中。第八十六章商铺出租。陈子墨将一旁的陈子晴向刁蝉介绍，说道：“刁蝉，我与你提及过，这便是子晴兄嫂。”陈子晴热情回应，转头对着陈子墨说道：“夫君，也别在这站着。” 先将雕师弟迎入方室内，陈子墨几人带着雕蝉来到方室内，雕蝉惊喜连连，这座方室出乎他的意料，本来他还以为方氏只是随便布置一番，看来陈子墨对方氏极其重视，费了很大的心思。看到吴修士前来，他也跟着担忧起来。时间流逝，两个时辰过去，除了雕蝉以外，依然见不到其他修士的身影。可就在此时，数十道身影笑声从远处传来，很快出现在陈氏族人的视线中。 少族长有三十多个修士来到了方氏，陈子墨已经没有在方氏入口迎接，而是坐在仙宝殿内。仙宝殿正是方氏的管理阁楼，阁楼恢宏大气，从入口的位置一眼就能见到，十分醒目，让每个修士都知晓在哪可以办理方氏的各种事宜。陈氏族人以后都将在此地处理各种事务。仙宝商铺也在仙宝殿中，也是陈氏家族唯一开设的店铺。此刻。 陈子仁匆匆来到，露出兴奋的神色，告知陈子墨。陈子墨脸色虽然平静，可内心中还是有着忧愁，不希望今日就这样过去。听到此话，蹭的站起身，急忙离开了仙宝殿，前往了方氏入口。陈子墨从很远处就见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，正是尹天赐和秦方人。易道友，秦道友，欢迎来到仙宝方氏。陈子墨赶忙迎步上前，迎接他们的到来。哈哈，陈道友，之前我们就说过，方氏开放时。 我们一定会光临，不会嫌我们有点晚吧？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怎么会？诸位道友能赏脸来此，在下欢迎之至。走，我带诸位道友参观一番仙宝方士。大致走访了一遍，修士中不少露出兴趣之色。”尹天赐说道：“陈道友，你这座方士，我相信一定会获得巨大成功。在我看来，几乎是完美无瑕，面面俱到。我可有机会在方式内购买一间商铺？”陈子墨说道：“尹道友。” 先宝商铺暂时不对外出售，但可以出租。对于今日有意愿的道友，前三个月将提供免租金的优惠，接下来一年内还有着六折优惠。如果继续租用，接下来一直享受着租金的九折优惠。如果是明日租用，接下来优惠的幅度会越来越小。当然，租用商铺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其建立开放，不然的话我们会将其收回。陈子墨补充说道：“最开始的话，他也没有把话说死。如果以后的租金提升，也是以当时的租金优惠。”尹天赐沉思半晌，说道。 好，尹某代表家族租用一间商铺，现在就去办理。正好看上了一间，别到时被人抢去了。哈哈，好，今日尹道友的决定绝对无比的正确，今后肯定能为贵族带来不菲的收益。子仁带着尹道友前去办理。是，少族长。族人们见到有商铺租出去，虽然前三个月免收，可还是非常兴奋，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其他人还在犹豫，秦方人说道：“陈道友，虽然我族暂时用不到，可为了支持你一番。” 在下也预订一间店铺，陈子墨说道：“秦道友，你能支持在下，在下十分感激。可如果真的用不到的话，也不必强求，造成浪费。”陈子墨可不想承接此情，虽然他很想将店铺租出去，可一间店铺目前带来的资源极为有限。可一份情却是不同，秦方人的这点心思，他如何看不出？一码归一码，哈哈，看来陈道友误会了秦某。秦某这就前往仙宝殿预订一间，说不定能给家族带来大财呢。 而秦某也会因为这间店铺的选择，在家族的地位发生极大的改变。就算没有成功，也损失不了什么。确实，对他来说确实没有其他的损失。反正前三个月是免租金，如果到时方式无人问津，再退回便是。只是损失了一些装扮店铺的费用，无关紧要。秦道友，请陈子墨既然敢将店铺在今日预定三个月免租，就不怕他们到时离开。目前唯一怕的就是没有人将店铺租下，闲置在那。只有将店铺开设起来。 店铺中有宝物，修士才会来临，不然修士来此参观，谁会有这个闲工夫？接着又有几个修士心动，前往了仙宝殿，其中一位还是散修，其他修士身后都有着势力，那些势力在城池中都有着商铺，如果他们真的运作起来的话，很快就能完成。陈子墨也想在方氏开放日的时候，所有的商铺都已经是宝物琳琅满目，目不暇接，那些城池中的商铺，没人愿意来啊。接下来又有三三两两的修士来到了方氏。 不过，对于方氏而言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但至少比没有要好。一道身影匆匆而来，正是离去多日的陈周丽。陈周丽脸色有点难看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有人在天阴山脉内捣乱，散布假消息，污蔑仙宝房事，更是将仙宝房事开放的日子往后推迟了多日，岂有此理！”陈周丽越想越气愤。陈子墨脸色一沉，他还是第一次知晓此消息，沉声说道：“二长老，可有找出是何人所为？”陈周丽摇摇头。 说道：“暂时还未发现，不过已经在探查。一旦让我们知晓，绝不轻饶。现在怎么办？”陈子墨说道：“二长老不必担心，就算他们谣言将开市的日子推迟，何尝不是让更多的修士知晓仙宝方式的存在？至于其他谣言，来到方式后自然不攻自破。相信还是有很多的修士知晓方式开放的确切日子，至少这几天来往的修士都已经清楚的了解，他们也会一并传入其他的修士耳中。有些修士虽然在犹豫。” 不过应该也会过来了解真实情况，毕竟雷峰虎对不少修士而言吸引力巨大。陈周立正要开口，就在此时，传音符闪动，高兴的说道：“第八十七章斩雷虎帮。”陈周立欣喜的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有着很多道身影正在向着我们方式赶来。”没有想到山前水路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些修士快要到达交汇口，好，赶紧前去迎接。陈子墨也露出兴奋之色。 有着不少修士前来，说不定接下来修士越来越多。很快见到一百多道身影正朝着峡谷而来，喧杂声一片。陈子墨等人热情迎接。这些身影中，修为最高的修士炼气九层，很是强大。众人也是以他为首。逐渐的，陈子墨了解到，他们居然是来自同一个势力——雷虎帮，像是准备前往天阴山脉寻找宝物，可谓是倾巢出动。对于这个势力，陈子墨几乎没有听说过。大荒域大大小小的势力。 极其众多，很是正常。陈少族长，我们帮主对此地极为满意，看上这片区域以后就交给我们了。陈子墨脸色不变，说道：“先宝方式的商铺，每个势力只能租用一间，很是抱歉。”哼，你个小小家族，敢与我们雷锋帮作对？陈子墨依然十分沉稳，说道：“如果你们来此参加先宝方式开始，我们陈氏家族欢迎之至。可如果你们过来捣乱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客气。”哦，怎么个不客气法？那个炼气九层的修士。 第一次开口，他正是雷虎帮帮主雷严。此处发生的事情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陈周立几人赶忙过来，脸色凝重。这些人的实力，如果他们动手的话，可无法应对。尹天赐等人并没有上前，在远处观察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你们如果动手的话，自然就会知晓。希望你们不要自误。我陈氏敢在此地开设方式，就不怕有人过来捣乱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哈哈，现在我们不仅仅看上这块区域。 整座方氏我们也看上了，今日你不交也得交，不然的话，你们陈氏从此消失吧。就在这时，从峡谷中又有很多道修士前来，陈氏族人极为担心，生怕这些人也是雷虎帮之修。可很快打消了疑虑，他们并不是雷虎帮之人，而是通过消息知晓仙宝方士开市，来到此处。刚来到仙宝方士，就见到此景，对他们而言极为感兴趣。如果连这些人都无法处理的话，这座方氏的安全，他们怎么可能得以信任？陈子墨在此人画壁后。 脸色渐渐阴沉下来，这些人竟然想灭他尘世。轰，仙宝方式的法阵轰然运转开来，爆发强大的威势。土象阵的威能在此刻彻底的爆发开来。虽然土象阵主防御，但并不是没有杀伐之能。作为二阶法阵，就算杀伐威力与防御力不能相比，可也不是这些人能应对。杀！陈子墨的眼神阴冷无比，口中吐出一字，漫天的威势倾泻而下。雷虎帮的修士在土象阵威势爆发的瞬间。 脸色狂变，雷虎帮帮主雷言急忙说道：“陈少主，请听我说，来此并不是我们的本意，是有人让我们来此捣乱。我们现在就离开，绝不妨碍你们方式开放。”面对死亡危机，他就算有着炼气九层的修为，也无法抵挡二阶法阵的杀法。他可不想死在此地，他辛苦建立的雷虎帮就这样烟消云散。说是谁？陈子墨控制土象阵威能没有落下，冷冷的开口。 眼神中一副如果不将事情和盘托出，必将他们灭杀在此。这雷言有着犹豫，背后之人他也不敢说出，不然的话，就算是陈子墨放过他们，他们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死！既然他不说，陈子墨十分果决，准备将其灭杀。陈少主是刘氏家族，是他们让我们过来捣乱。本来他们来此并没有谋夺仙宝方式的意思，可见到方式的瞬间，立马改变了念头。 如果能将方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，绝对能获得巨大的资源。他们也是得了刘氏家族的好处，再加上刘氏家族流传出来，刘氏族长突破筑基期的几率不小。一旦刘氏成为筑基家族，他们在此时提前赢得他们的好感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场机缘。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反正陈氏家族在他们眼中没有半点威胁。陈子墨已经明白，看来那些谣言都是出自刘氏之手。这笔账他记下了。轰！漫天的威势倾斜。 啊、哎、呀！一道道惨叫声响起，几个呼吸间，上百道身影倒在了血泊之中，还有一人在苦苦的抵挡，可是身上伤势越来越严重。陈少主，饶命啊！只要饶了在下，以后我都听你差遣，绝不敢有二话，更不会有二心。可是陈子墨丝毫不为所动，脸色冷漠至极，不断控制着土象阵降下杀伐。灵脉为土象阵的运转提供了充足的灵气供应，土象阵的威能还在不断的增强。陈氏族人兴奋不已。 他们以为今日有着大难，没有想到转瞬间，雷虎帮的修士只剩下雷炎一人。他很快也要坚持不住，要被就地格杀。其他修士眼中没有半分同情，罪有应得。通过土象阵的威能，他们终于看明白，在此地，就算是筑基初期的修士来此，恐怕也讨不到半点便宜吧。而这座方士毕竟不大，对筑基修士的吸引力几乎没有，可以说极为安全。尹道友，看来你们的判断极为准确。天阴山脉附近就一座方士。 此处位置也极佳，相信有着很大的可能能运转开来。我也决定不再犹豫，立马预定一间店铺，不然的话恐怕就要晚了。尹天赐说道：“要预定的话，赶紧行动！刚刚我在仙宝店了解到，只有前二十间店铺才有此优惠。看来陈道有没有完全透露。”啊！此人一惊，急忙向着仙宝店而去。不，此时雷言无以为继，土象阵一道杀伐，将他斩杀在血泊之中。雷虎帮就此覆灭。 第八十八章，扩大影响力，利益最大化。众人本以为仙宝方式会有很大的麻烦，可没有升起一点波澜。火焰符浮,浮现，将雷虎帮修士的尸体化为了灰烬。土象阵的杀伐也在此刻退去，恢复了平静。陈子墨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来我陈氏仙宝方式交易，陈某代表族人欢迎之至。可如果有人来此闹事的话，绝不轻饶。雷虎帮就是下场。诸位道友，你们也见到了土象阵的威能，在仙宝方氏交易。” 绝对安全，你们可以放心来此。仙宝房市不仅有宝物交易，也有美味提供，劳累之余鱼也可以放松。我们提供洞府与客栈，不管是短暂停留，还是准备长期闭关，都没有任何问题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向诸位道友宣布。轰！突然，半空中一具庞大的尸体浮现。什么？真有雷峰虎？来到仙宝方式的修士震惊的望着半空中的那具妖兽尸体，虽然已死，可散发的威压依然很是强大，达到炼气后期。 来此的修士，除了雷虎帮的几个修士外，还未见到任何一位练气后期的修士来到。对于雷锋虎，很多的修士都只是听说过，但没有真正见到过。此刻横尘在他们眼前极其震撼。要知道，雷锋虎全身是宝，雷锋虎的妖血有着很大的用处，特别是对那些炼体的修士极为有用。其虎皮符文师对此绝对是极其想要得到。雷锋虎的妖兽肉，那更不必多说了，妖兽肉中蕴含着丰富的灵气。 对修士的肉身也有着极大的好处，雷峰虎的筋骨更是修士梦寐以求、希望得到的宝物。其实陈氏家族的族人绝大多数也是目瞪口呆，虽然来自陈氏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。哈哈，看来我们来对了。要是能得到雷峰虎，绝不虚此行。整只雷峰虎你就别想了，陈氏家族也不可能完整售卖。不过，就算得到其中一块妖兽肉，我也心满意足。希望到时能成功拍到吧。只听陈子墨继续说道。 今日有时在仙宝坊市的地摊区区域拍卖雷峰虎，希望诸位道友大驾光临。陈道友，我们绝对会参与争夺，希望你们要言而有信，别到时候反悔才是。对于陈氏家族的境况，不少修士还是比较了解，生怕到时陈氏反悔，留给族人使用雷峰虎就与他们无缘了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放心，陈某说过的话绝无虚言，必将履行诺言。有事开拍，准点开始。”好，陈道友不愧是爽快人。 见到众修士热情高涨，陈子墨闪过一抹喜色。他就是想要达到这种效果。雷虎帮过来闹事，不仅不是危机，反而是一次机会。但如果此时除了陈氏族人外没有其他修士的话，也没有半点作用。正好在这些修士面前，将炼气九层的修士也一并斩杀，让他们对仙宝房室的安全有着足够的信心。更关键是，通过他们之口将仙宝房室的事情传播出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相信不久之后就能打开仙宝房室的瓶颈。修士络绎不绝来到。 通过陈氏族人宣传，修士必定不会信任。哪个族人不是往好的那一方面宣扬？他们只是听一乐而已。至于选择在此时将雷峰虎呈现在他们眼前，更是将其效果扩大，让他们的热情更为高涨。陈子墨选择有时开拍，也是有着讲究：一是此处发生的事情，通过此地的修士传播出去需要一些时间；他们之口都是一些熟悉的修士，如果他们从天阴山脉赶到此处，有些修士还是有着可能。二是有时已经天色渐晚。 等雷峰虎拍卖完成，修士选择离开的话非常危险，他们必定需要在仙宝方式停留，选择洞府或酒楼。只要让修士留下来，仙宝方式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陈子墨继续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地摊区在那个位置，在有时来临前免费开放给诸位道友交易。”陈子墨又一项举措施行，赢得众修士大为赞赏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不断有修士来到，方氏一点点热闹起来。陈氏族人的脸色在不复之前的低沉，喜笑颜开。 虽然今日几乎是没有任何资源进账，可是只要有修士来到仙宝方市，只要将修士留下，或者他们到时继续来此交易的话，就不怕没有获取资源的机会。听说了吗？陈氏家族的仙宝房市好像真的是在今日开放。在下有一位熟知的道友给我传音，仙宝房市不仅有土象阵这种二阶法阵防御，今日有时更是拍卖雷峰虎。哎，当时有修士传出仙宝方市将开卖雷峰虎，在下还以为是一个笑话，没有想到是真的。现在想要过去的话， 恐怕为时已晚。没错，我也听说了。要不我们去试试？说不定能在开卖前赶到仙宝坊市。根据我推测，如果急速赶路的话，还是有着些许的可能。就算没有赶到，也能去仙宝坊市热闹热闹。说不定今日开设，能得到机缘呢。有修士眼神犹豫不决，可有的修士却是十分坚定，很快做出了决定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在我们那片区域叱咤风云的雷虎帮，前往仙宝坊市闹事，瞬间被灭。雷虎帮帮主可是炼气九层的修为啊，在他看来。 雷严的实力强大至极，没有想到在土象阵面前却是如此不堪一击。道友，你确信？有些修士对雷虎帮有所耳闻，听到此消息，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在下可以作证，雷虎帮确实被灭。此刻，在天阴山脉，关于仙宝方式发生的事情，在众多修士的耳中不断传播开来。这其中有得知消息的修士在传播，但更多的是伪装的陈氏族人接到消息后，疯狂的宣扬。越来越多的修士知晓。 不少修士暂时放弃，继续在天阴山脉探寻宝物，纷纷赶往了仙宝方士。第八十九章，白花花的灵石损失，心痛不已。二长老雷虎帮帮主雷岩被那陈子墨斩杀。嗯，在一处洞府中，刘荣来到刘屯的洞府，将仙宝方士发生的事情告知刘屯。刘荣脸色难看，继续说道：“雷虎帮不仅没有破坏仙宝房市开市，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本来前期我们的努力，让众多的修士没有此意愿。” 现在纷纷在赶往仙宝房市的路上，恐怕真有可能让仙宝房市获得巨大成功。到时有着源源不断的资源进账，让濒临瓦解的陈氏家族起死回生。刘屯脸色反而是逐渐舒缓开来，说道：“怕什么？我倒是希望他们将仙宝房市运作的越繁荣越好。到时我们取而代之，仙宝房市不就成为我刘氏的摇钱树了吗？不过也不能趁了他们的意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继续给我制造麻烦。是”是二长老。此时，陈子墨游走在仙宝房市中。 见到络绎不绝来此的修士，郁闷的脸色终于阴云散去。此时来此的修士不一定全部会再次来到仙宝商铺，但肯定有修士会再次来到，这就是机会。商铺区域越来越多的修士有着意愿，不断有商铺租赁出去，酒楼与客栈更是成为了很多修士的首选。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。对于酒楼与客栈，陈子墨并没有以家族的方式去运作，只是收取租金的方式。当然，等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改变运作模式。但商铺区域毕竟没有宝物。 前往的修士只是过去瞧一瞧，就急忙转向了另一处区域——地摊区。此时的地摊区域热闹非凡，十分喧杂，众多的修士纷纷占据有利的摊位，选择将宝物售卖。陈子墨来到此后，脸上的笑容更甚，终于得见曙光。以后要是能维持住此等情景，何愁仙宝方式无法发展起来？家族的资源也无需再发愁。没有停留多久，陈子墨向着仙宝店去。尹道友，你你。 之前你说什么前二十间店铺根本无此规定，今日没有任何限制。尹天赐笑着说道：“我还不是为了你着想，怕你犹豫耽误了时机，到时再想预定的话，恐怕就没了机会。”越来越多的修士来到，你又不是没有见到，不断有商铺被租赁。再过一会，说不定商铺都被其他修士占据了。你应该感谢我才是。此事只不过是让他有危机感，让他不再犹豫。其实尹天赐也有着其他的心思，他已经预定了一间店铺，希望有其他的修士。 陪着他一起，那样的话，就算失败，心里也有个伴。陈子墨来到仙宝殿前，此时不断有修士进进出出，死气沉沉的仙宝殿多了一丝生机。少族长，店铺不断租出去，可是前三月全部免费的话，我们……此时，二长老陈周立与四长老陈周武虽然笑容满面，可是眼神中又心痛不已。如果从今日开始收租的话，将会有一大笔临时进账就这样白白流逝了，换做谁，谁不心痛？ 今日得到的灵石能为家族带来极大的利益，何况家族的状况因为建立仙宝方式完全掏空，需要尽快得到资源弥补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两位长老，仙宝方式我们是准备长期开设，还是收获一笔然后废弃？”陈周立说道：“如果以后都如今日的话，仙宝方市自然是家族未来根基，必须将大部分资源和精力都投放到仙宝方市上来，怎么可能废弃呢？”陈周武也是差不多的意见，仙宝方式 肉眼可见，绝对是一棵摇钱树，是他们陈氏家族以后摆脱困境最佳的途径，自然不会自废武功将其推入深渊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既然两位长老都想将方氏长期运转，我们就需要长远的眼光，不能只看短期的利益。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吸引给商家入住仙宝方氏，将他们留下来。只要有利可图，他们就会将租来的店铺装饰，将宝物带来，这将花费他们不少资源。到时他们还会放弃。同样，来到仙宝方氏的修士。” 方式内有宝物，他们才愿意前来，相辅相成。我们虽然失去了短期的利益，可从长远来看，绝对有着大回报。如果此时就收取费用的话，会挡住很多的修饰，毕竟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准备。接下来几个月内，基本没有任何资源进账，每日的租金资源却是不断流逝。那些酒楼与客栈更是如此，此时空空荡荡，他们还需一段时间的准备才能开放入住。陈周立两人心痛之色渐渐散去，通过陈子墨的话。 也明白了他的良心用苦，对于陈子墨是越来越满意。幸好老族长选择了陈子墨，家族才迎来了生机，不然的话，将家族交给其他的修士，恐怕家族以后的境遇会越来越差。至于交给他们几人，他们可没有那个自信能带着家族走出困境。如果能的话，早就摆脱了。少族长，那些洞府我们是否可以开放一些？有几座洞府不是已经布置了聚灵阵与引灵阵，这样也可以宣传。至于洞府中的灵气来源。 一是巨灵阵的功劳，二是我们可以编制出一个理由，到时也能解释得通。因为陈周立听到有修士打探洞府的情况，其他区域无法收取到灵石，但洞府不一样，都是由他们自己运作，只要有修士租用洞府，就能得到不少的灵石，补充目前家族亏空。陈子墨摇摇,摇头说道：“如果此时编出理由，不要说修士不会信，就算相信，迟早要戳破，损害仙宝方式的信誉。目前好像也就五座洞府布置了阵法。” 其他的洞府以家族的资源不可能再购买阵法布置。第九十章，抢手、稀缺的氛围，以后得到资源后，越来越多的洞府得以完善。难道继续开放？修士闭关需要灵气，可如果不从灵脉内引入的话，耗费灵石供应，这需要多少灵石？就算我们与修士讲明目前优惠价格在一个合理的区间，可他们也不会相信。谁会傻到浪费如此巨量的灵石，只为收到一点点灵石进账？而且，只是五座洞府的话。 虽然困难，但还能为继。以后越来越多的洞府到时怎么办？难道继续以此理由？傻子都知道其中必有猫腻。此时我们对于洞府的话，暂时无需太多的关注。将条件讲明，有些苦修士还是有可能选择洞府闭关，毕竟仙宝方式能给他们带来相对安全的修炼环境。至于何时公布灵脉的消息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时机。其实所有人都明白，灵脉绝对不能泄露，除非是家族诞生筑基修士，到时没有任何关系。 陈周立两人点点头，陈子墨见到两人依然是郁闷之色，说道：“两位长老，还有一个好消息未向你们公布，子晴他已经突破炼气后期，相信以子晴的修炼天赋，筑基期绝对不会太远。等子晴突破筑基时，就是灵脉公布之日，那些洞府到时就能利用上了。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了准备，洞府到时肯定全部布置完毕，一旦开放，源源不断的灵石必将流入我族口袋。”陈子晴突破修为的消息，陈子墨两人并没有公布。 陈子晴也是简单的参加完方式开幕后，就很快返回了洞府，继续闭关稳固修为。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！这乃是我族大兴之兆。听到陈子晴突破炼气后期，两人兴奋不已。这可是绝对的好消息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仙宝方式开市，陈子晴突破，一件喜事接着一件到来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疲惫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眼前。此人正是陈周生。三长老，这几日辛苦你了。这几日。 陈周生的任务最为艰巨，为了今日，更是为了以后仙宝方式顺利运转，没日没夜操劳。陈周生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我的能力还是不足，没有很好的完成这一次你交代的任务。家族的人手不够。”他说的这个不够，陈子墨几人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并不是人数不够，而是管理方式、才能的族人不够，问题不断冒出。陈子墨安慰的说道：“三长老，你已经做得很好，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会。仙宝房事才刚开设，需要慢慢的发展。” 而我们的族人也是一样，在先保房室发展的过程中，他们也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。这个过程虽然可能有着波折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可只要族人努力，相信逐步会跟上脚步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在发现问题时需要不断的纠正，同时我们也要时刻关注着族人，慢慢挖掘他们的才能，到时将他们替换到合适的位置上，尽最大可能发挥他们自身的优势。三长老点点头，他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刚刚我听你们说子晴突破了。 陈周丽笑着说道：“三长老，没错，子晴已经晋升炼气七层修为，家族又添了一位炼气后期的修士。少族长，大长老的位置空缺，而子晴的修为已经合适，是否需要将大长老之位交给子晴？”陈子墨几乎没有思考，摇摇头说道：“只要没有得到大长老的确切消息，大长老之位永远都是陈周炎。此事无需再商议，而且寻找大长老的事情，家族不能停止。陈子墨不可能这么做，他相信陈子晴也理解。” 更何况，他已经是族长之位、大长老之位，再交给子晴、陈子墨不想这么做。一是避免以后家族形成一个坏习惯，将大权独揽；二是陈子晴成为大长老后，肯定有着很多事情需要操劳，从而耽误修炼，得不偿失。三人点点头，没有在此事上再有多言。时间流逝，越来越多的修士来到仙宝方士，仙宝方士内部的场景对不少修士极具冲击力，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，对仙宝方式的想法。 渐渐得以改变。修士来到仙宝方式后，在商铺区匆匆,匆浏览一遍后，急忙涌向了地摊区。地摊区是越来越热闹，人头攒动，几乎是没有落脚之地。当然，没有这么夸张了。陈子墨也来到地摊区几次，其他的时间都待在了仙宝殿，听从族人汇报仙宝方式的进展。此时刚进入申时，少族长，目前来到方氏的修士超过了两千人，还有修士在源源不断赶来，预计雷峰虎拍卖前超过三千修士，应该没有问题。 站在陈子墨身前的修士，四代族人陈子仁。陈子墨点点头，在未开放前，陈子墨预估超过一千位修士，他就非常满意了。现在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期，还真要感谢那雷虎帮，不然的话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。陈子仁继续说道：“目前商铺已经有三分之一被预定，以此推测的话，今日商铺预定四成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四成已经是极其可喜的数字。”可陈子墨低头沉思，说道：“子仁，替我传话给二长老。” 将部分族人伪装，营造商铺及其抢手、稀缺的氛围，让那些犹豫不定的修士更快的下定决心。当然，标准不能放松。今日借此时机，尽量将商铺的五成出租出去，四成还不够。陈子墨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制造紧张的氛围，让那些修士跟风。是少族长，陈子仁匆匆而去。半个时辰后，陈子仁兴冲冲来到仙宝殿内，少族长突破五成了。陈子仁极其兴奋，没有想到。 陈子墨的办法效果极佳，很多修士纷纷选择跟风预定了商铺。陈子墨点点头，几乎是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少族长，虽然那些犹豫的修士都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但以此速度，今日商铺的六成肯定能租用出去。还有一事，离开卖还有半个时辰，是否？第九十一章底线不可丢。还有半个时辰拍卖，是否需要清理出地摊区域？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清理出来吧。”对于此事。 确实需要进行了，还有半个时辰为开麦做准备，时间比较紧张。陈子仁匆匆领命而去。可没有多久，陈子仁脸色慌张的来到少族长，出事了！地摊区的修士依然在霸占，不准备挪移位置。陈子墨脸色一冷，看来之前的杀伐还是没有让那些修士起到足够的震慑之力。站起身，走出仙宝殿，向着地摊区走去。此时，二长老已经在苦口婆心劝说，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你们也知道，有时道。” 将开始拍卖雷峰虎，需要用到地摊区域，诸位暂时先停止交易，等雷峰虎拍卖完后，我们会腾出此地。今日继续给你们免费交易。二长老，请再宽限一些时间，可以再推迟一会，我们马上就交易完成，绝不会耽误你们拍卖雷峰虎。对啊，二长老，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处摊位，一旦离开，等下可就没有如此好运了。二长老，我们保证，以后绝对会支持仙宝方式，尽力宣扬仙宝房式。 这些修士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目的，有些人占据了绝佳的位置，又是免费，一旦失去，想要得到难度极大。等过了今日后，可是要花费临时租用摊位。有些人本来是想腾出，可是见到有修士出生，陈氏族人为了能留在修士在仙宝方市，说不定会退让，他们就能继续开卖。还有一些人恐怕有着其他的心思，交易完宝物后，趁着天色未暗，赶紧离开，也能省去一笔临时消耗。陈子墨来到不远处，依然有修士不断在求情。 而且有几个修士叫得最为欢时，在那推波助澜。少族长，你看。陈周立见到陈子墨来到，他已经束手无策。他拍卖雷峰虎的事情，生怕得罪众多的修士。雷峰虎的事情，在他看来，其实并没有多么重要，拍不拍卖都无所谓，反而可以将雷峰虎用在族人身上。陈子墨点点头，示意接下来交给他。那些修士见到陈子墨来到，知道陈子墨才是决定之人，纷纷望向陈子墨，说道：“陈少族长。” 麻烦宽限一些时间，我们保证不耽误。”陈子墨笑着说道，“诸位道友，你们的心情在下也理解，可你们也要理解我们，理解远道而来的其他道友。来此的不少道友都是冲着雷峰虎而来。陈某之前的承诺，如果不履行的话，可不就失了信誉？不仅是在下注重信誉，我陈氏所有族人都一样。如果我们是不守信之人，你们还相信仙宝方事吗？”很多修士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对于雷峰虎，他们十分期待。雷峰虎拍卖用不了多长时间。 接下来依然可以继续再次交易。对啊，你们不要再磨蹭了，我们都还等着雷锋虎开卖呢。在陈子墨说完后，有修士喊道，很多修士纷纷附和。其实这些修士中也有着自己的目的，如果他们不腾出摊位的话，他们就没有一点机会。有些修士本来还十分坚定，见此也不敢再坚持，怕到时惹怒了陈子墨。虽然他们有的人没有见过陈子墨斩杀雷虎帮的场景，可也听说过，如果继续的话。 这等于就是在闹事了，很有可能惹怒陈子墨。别看此刻的陈子墨一脸的笑色，可很多人都明白，他们必定极其愤怒。继续刺激，真的有可能将他们斩杀在此。为了一点资源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可还是有几个修士依然不依不饶，说道：“陈少族长，其实可以再推迟一个时辰，到时还在有时内，不算违背信誉，麻烦通融通融。”陈子墨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抱歉，在下无法同意，诸位道友。” 麻烦大家暂时移开地摊区域，可以前往其他的区域浏览。半个时辰后，欢迎回到此处迎接雷峰虎开拍。陈子墨不再理会那几人，直接做出了决定。好，那我们恭候雷峰虎开麦到来。众修士纷纷离开了地摊区，前往了方氏的其他区域。那几人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相互对视一眼，跟着人群离去。少族长，还好有你在，不然的话恐怕不好收场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二长老，这种事情有些可以退让，但有的必须坚持。” 特别是其中有几人明显不怀好意，他们恐怕想要破坏我们仙宝方氏的信誉，到时大肆宣扬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还有，就算那几人没有图谋，我们也绝不能没有原则，这是底线，不能因为害怕得罪、害怕失去，所有的事情都能谦让。现在虽然可能会获得一些利益，可有了此开端后，方氏的未来只有一条路：自毁。陈周丽点点头，眼神逐渐变得坚定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我明白，之后我会知道怎么做。”陈子墨说道。 二长老，有些事情还是要变通，不能所有的事情一成不变，那也是不行。你先在此处理开拍前的事情，我先离开一会。陈子墨向着一处方位而去，渐渐走出了峡谷，望着一个方向，眼神突然变得阴冷，身影快速消失，来到一处无人之地后，变换身形，继续向着一处方向而去。没有想到，依然没有破坏他们的行动。没事，不是还有雷峰虎拍卖吗？到时我们依然有着机会。对，这一次。 绝对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，这恐怕是我们今日最后的一次机会，必须抓住。你们还想有机会？谁？几人脸色一变，纷纷望向一处方向，正是声音的来源。渐渐的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，阴沉的眼神有点渗人。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一道极度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对于此人没有半点印象。第九十二章，成功拍卖，给你们一个辩解的机会，为何要破坏仙宝方式？ 眼神之人并没有回答他们的话。仙宝方式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也没有退让。对于此人，虽然不清楚他的修为，可想要对付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既然如此，死！说着，一柄法刀出现在手中，一刀横劈而出。你，在那道身影动手之时爆发的威能，让几人惊恐不已，强大至极，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承受。等等，有话。可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攻击已经来到他们身前。 砰砰砰！几道身影直接倒飞而出，砰砰砰！重重的砸落在地，一大口一大口鲜血喷出。可攻击没有停止，继续直奔他们袭来。他们想要抵挡，可哪里有抵挡之力？很快，只有一个修士还尚存微弱的气息，其他的修士都被斩杀在血泊中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自哪？不知道是何人在背后捣鬼？刘氏家族此事不会这么轻易了结，你们就等着我报复吧！一刀而下。 在此人惊恐的眼神中，最后一丝气息也在此时断绝。那道陌生的身影自然是陈子墨，他的注意力一直在关注着这几人，他们正是那几个捣乱、推波助澜的修士。没有想到，还真是有图谋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几人出自刘氏家族，或者刘氏家族怂恿而来的修士。陈子墨拿起他们的储物袋，火焰符将他们的尸体焚烧成灰烬。陈子墨没有停留，快速朝着仙宝方式而去。对于这些捣乱的修士，绝对不会有任何留情。 也不会等隔夜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必定是立马将其斩杀，泄去心头闷气。仙宝方士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，也是他带领家族走向强盛的希望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破坏。回到仙宝方士，此事没有告知任何人。半个时辰很快过去，地摊区域也已经搭建好，修士纷纷围了上来，等待着雷峰虎开拍。此次开拍由陈子墨亲自主持，走上搭建好的开拍台，说道：“再次欢迎各位道友，今日是仙宝方氏开市的日子。” 在开卖雷峰虎前，容我一些时间将仙宝房事简单的介绍一番。虽然很多的修士十分心急，可还是耐心的听着陈子墨的介绍。说是简单的介绍一番，可陈子墨说的内容却是极其极其详细，将仙宝房事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呈现出来。陈子墨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全面宣传仙宝房事，让在场的众人有着更多的了解，也希望通过他们之口将仙宝房事的声名更广泛的传播到修士的耳中。如此绝佳的机会。 陈子墨怎么可能不会利用？通过陈某的介绍，相信诸位道友对仙宝房事有了些许的了解。在下再次承诺，只要身处仙宝房事，安全绝对有保障。而我们仙宝房事最注重的就是信誉，之前我所说的话绝不会违背。此时当着诸位道友的面是这么说，将来也是这么做。好，哈哈，以后来到天阴山脉，终于有了一个去处，再也不用奔波几个月来返，可以快速兑换资源，也能有了歇脚之地。陈少族长。 那些洞府什么时候能提供给我们闭关修炼？他们所说的闭关，当然是要达到闭关的要求。介绍仙宝方式时，陈子墨也将洞府的事情详细做了说明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不用心急，等到了一定时候，肯定会让诸位道友知晓。如果有苦修士不介意洞府的修炼环境的话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当然，选择全在你们。目前只有五座洞府可以开放给诸位修士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前往仙宝殿。” 随时等候诸位道友大驾光临。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开始拍卖。在雷峰虎拍卖前，陈子墨已经分割出来，此刻呈现在众修士眼前，热切的眼神恨不得立刻将雷峰虎收入怀中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在开拍前，在下还有一事。雷峰虎毕竟有限，借此机会，如果诸位道友身上的宝物需要出售的话，可以前往仙宝殿交给我们来拍卖。拍卖交易所得的灵石，今日我们只收取百分之五。至于你们将宝物交给我们拍卖，绝对会保密。” 不会泄露半点信息，这一点诸位道友不必有顾虑。收取的费用可以说极低了，正常来说不会低于一成。碧云城的那场拍卖会，据陈子墨所知，好像达到了两成，但依然有着众多的修士纷纷将宝物交给他们拍卖，因为利用这样的场合可以将宝物的价值最大化。雷锋虎拍卖结束，我们就将停止接受拍卖的宝物，希望诸位道友抓紧时间。现在开始雷锋虎拍卖，妖学每视频拍卖，起拍价一百枚灵石。 我出两百枚灵石，三百枚灵石，灵石的数量不断攀升。雷峰虎拍卖如火如荼，高潮一波接着一波，修士的热情不断的被调动，纷纷参与进来。陈子墨没有想到的是，本来以为就算他不断拖延，雷峰虎的拍卖最多半个时辰就有可能结束，可没有想到的是，居然足足一个时辰，在这期间根本没有任何拖延。此时的天色已经暗淡下去，但仙宝坊室内却是灯火通明，热闹非凡。 几乎没有几个修士选择离开。陈子墨见到此情景，当然十分高兴，一步步在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。只要再过一些时间，今晚这些修士离开的可能是越来越低。为了将这些修士留下，陈子墨安排了族人紧急安置好了酒楼与客栈，可以暂时提供这些修士品尝美味的同时提供歇脚之地。雷峰虎的开卖渐渐到了尾声，可并不是结束，有不少修士将自身的宝物寄托给仙宝殿，来到了拍卖台继续开拍。 但已经不是陈子墨在主持。第九十三章四代族人成功凸显。此时的陈子墨身处在仙宝殿内，不仅只有陈子墨，还有多位族人，几位长老都在。四代几个族人也到场，几人的脸色喜笑颜开。少族长没有想到，仅是方氏拍卖这一项，就为家族带来了差不多五万枚灵石。当然，雷峰虎拍卖所得乃是少族长所有，但除了这以外，依然有着三万多枚灵石。酒楼与客栈更是给了我们惊喜。 足足收获了接近三千枚灵石，如果每天都是如此的话，扣去成本，每个月都有大几万灵石入账。至于那五座洞府，更是没有想到，居然全部出租，每间洞府都是租期一年，算下来收获一千五百枚灵石。如果全部租用的话，以目前开凿完毕的洞府，一年起码接近十万枚灵石进账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全部租出去，目前的洞府相对比较简陋，灵气不足，每间洞府不管情况如何，都是以三百枚灵石一年。 等以后全部布置完成，再引入灵气后，肯定会提升，同时也会分等级。如果全部租用，收获的灵石可不是这一点。他们极其憧憬，可他们也知晓，这必定极其困难。大几百个修士租用洞府闭关，哪有这么容易？陈子墨说道：“洞府的事情暂时推后，等我们家族资源一点点积累后，慢慢完善其他的洞府，再一点点开放。至于雷峰虎的资源，就兑换给家族，到时给到我对应的贡献点就可。家族为了建立方式，资源耗尽。” 其实陈子墨身上的资源也消耗严重，没有剩下多少。可之前陈子墨承诺过族人，为了建立方式给到了对应的贡献点，不仅可以兑换资源，随时都可以兑换。建设方式时，没有哪个族人会提出兑换资源，他们都清楚家族此刻处于困境，建设方式必定要消耗极大的资源，等以后家族有资源时再去兑换。可陈子墨不会如此，今日收获到了一些资源，先补充家族亏空，让族人可以兑换一些资源用于修炼，当然也有着控制。 先宝方式刚刚起步，还需要不少资源。陈子墨的愿望是，先宝方式前进时，家族也跟着一起进步，一起成长，这样才能让方式变得越来越好。少族长，你给到家族的资源已经……陈子墨摆,摆摆手，阻止陈周立继续说下去，说道：“家族每个族人都在尽力，我作为少族长，更要身先士卒。等家族慢慢改善后，又不是不能兑换回来。相信其他族人，如果身上有资源的话，也会如我这般。”接着。 陈子墨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说道：“先保房事开市，今日是一个好的开端。可我们也明白，以后想要如今日这般很困难，必须有心理准备。先保房事还需慢慢的发展，别到时见到来方式的修士大减，自身出现慌乱。”此时，陈子墨及时将他们的热情降下来的同时，对未来也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。今日能有如此盛况，多方面的因素叠加而成。几人点点头。四长老说道：“少族长，酒楼与客栈，在此前我们没有预料到。” 有如此大的收益，这还是我们准备不足的情况下。一旦全部开放的话，今后的收益恐怕不可想象。我们是否需要将酒楼与客栈交给家族来管理？三长老也跟着说道：“少族长，四长老说的没错。如果都租给外人的话，我们的收益将大减。如此肥肉交给其他的修士赚取，实在有点心痛。”建立方式时，陈子墨要求除仙宝殿外，所有的商铺区全部租出去，家族不能占有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，必须改变才是。几位长老的意见。 几乎一致。陈子墨一看就知晓，他们几人再来此时就已经有了商议。陈子墨没有立刻回答，望向陈子仁几人，说道：“子仁，你们是什么意见？他们作为家族四代族人中修炼资质最优秀的弟子，不久之后要成为家族的中流砥柱，必须要让他们也参与进来。一旦仙宝房氏成长起来，需要越来越多的族人，不然的话，到时仙宝房氏成长，族人根本上会严重制约仙宝房氏继续发展。”陈子仁说道：“少族长。” 我认为之前的决定没有问题。”陈子墨笑着说道。“哦，怎么说？”陈子仁望向陈周武，说道：“四长老前往酒楼的修士，他们的评价如何？”陈周武本来不屑一顾，在他们面前，陈子仁还没有说话的资格。可陈子墨在此，他不得不回答：“还算尚可。”陈子仁继续问道：“那客栈呢？”也是如此。陈周武言简意赅，没有多余的废话。陈子仁却说道：“四长老，可侄儿所见却不是如此。” 虽然不少修士前往酒楼与客栈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他们对酒楼的口味有着不少怨言，客栈更是有着很多声音。陈周武却是反驳说道：“那是因为我们准备不足，等我们走上了正轨，肯定可以跟上来。”陈子仁摇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家族根本没有开设过酒楼与客栈，对此根本不了解。就算以后有着一些改善，可是来到仙宝坊市的修士，在这期间恐怕意见很大，严重流失。虽然仙宝方式开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众修士兑换宝物。” 可客栈与酒楼也是很重要的一环，我们绝不能就这样让修士流失。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，所以侄儿才说少族长之前的决定没有错。陈周武的脸色涨红。好，陈子墨叫好。没有想到陈子仁观察如此敏锐，家族也不是没有可用之人，只要再培养，绝对能胜任大局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子仁分析的很好。之所以租用给其他的修士，一是他们更专业、更有经验，留住来此的修士；二是第九十四章。” 未来光明，伴随重重危机。二是他们来此开设商铺，必定会想办法招来更多的修士，他们才能赚取资源。以我们一族之力，必定是有限，需要将他们捆绑在一起，这样仙宝方式才能更快速稳定下来。短暂的蝇头小利，绝不是我们的期望。将仙宝方式发展壮大，才是我族未来应该做的事情。陈子墨望向众人，继续说道：“这段时间，族人绝不能有丝毫的懈怠，更不能出现违规的事情。” 一旦发现，严惩不贷。先保方式是家族能否摆脱困境的希望。相信每个族人都不希望因为修炼资源的原因耽误了最佳的突破时机。众人点点头。二长老说道：“少族长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督促每个族人，同时自身接受族人的监督，绝不违规。”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思维还是太过僵化。家族到如今这般境地，何尝和他们没有很大的关系？就在此时，大殿外有声音传来，一道身影出现，陈子瑜急匆匆走入。 说道：“少族长，那些预定酒楼与客栈的修士询问还做不做数，他们十分担忧，不断的询问。本来弟子不便打扰，可实在没有办法。”陈子墨看向三长老陈周生，说道：“三长老，这是交给你去处理。”陈周岩点点头，之前刚好说到此事，虽然陈子墨没有明说该怎么做，可已经知晓了结果，按照之前的话照做就行。陈周岩向外走去，陈子瑜没有再多说，也要跟着出去。子瑜，你先等等。 少族长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？陈子瑜急忙停住脚步，等待陈子墨吩咐。陈周生也急忙停步，只不过很快接到了陈子墨的示意，他可以先前去处理那件事。陈子墨望向陈子瑜，说道：“子瑜，如果家族全力培养，你可有信心成为炼器师？”陈子瑜眼露惊喜之色，以先宝方式今日的收成，每个族人都看在眼里。接下来都是如此的话，或者越来越好的话，家族在今后不会缺少修炼资源。家族一旦全力倾斜资源。 支撑他练器，他的梦想将不会再中断。上一次家族也宣布培养家族弟子，可是最终功亏一篑，他也没有了资源的支撑，没有实现心愿。可陈子瑜并没有怨言，他也明白家族的情况，花费如此多的资源在他们的身上，却无一人成功，他们反而有着自责，浪费家族资源不说，没有给家族带来一丁点帮助。陈子瑜眼神坚定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我离成功炼制出法器已经不远，可我也知道，看似很近。” 但想要真正跨过那一步，也许就在下一刻，也许远隔天涯。但我不会放弃，成为练气师是我一直的愿望。此生一定会为成为练气师不断努力与坚持，直到成功炼制出法器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子瑜，你的练气天赋在家族来说处于第一列，家族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练气师。对于你不放弃练气的决定，我十分赞同。目前家族的处境暂时无法支持，不过你放心，一旦家族得以改善，会继续支持你练器。” 这期间，你也不能松懈。”陈子瑜脸露喜色，说道：“多谢少族长，子瑜一定会加倍努力，绝不辜负你和族人的期待。”“嗯，你去吧。”陈子墨也希望家族能诞生一位炼气师。虽然有着方式可以通过方式购买到法器，可是总是受制于人。如果家族有一位炼气师，很多的事情也可以得到解决。家族不仅需要炼气师、炼丹师、炼符师，这些都是家族所需。只不过，陈子墨心中的规划需要一步步实行。 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，到时只会将自身撑死。与几人商讨一些事情后，众人都纷纷离去。今夜注定不平静，这是仙宝房事之始。仙宝房事整夜热闹非凡，大多数修士都没有离开，选择留下。陈子墨的内心激情澎湃，仙宝方事是他的心血，开始第一日比他预想要好很多，祈祷接下来一帆风顺，让陈氏这个日薄西山的老人重新焕发生机。陈子墨离开了仙宝殿，来到仙宝方室内游历。 心中不由生出期望，不过陈子墨的心中也有着很强的危机。今日雷虎帮来此闹事，在仙宝方室内，只要不是筑基修士来到，几乎稳如泰山。可是，一旦有筑基修士呢？以土象阵的防御能力，能抵挡筑基初期修士的攻击。可如果进入仙宝方室内，想要以土象阵的杀伐将筑基初期修士斩杀，没有半点可能。土象阵的攻击力相对于防御能力要弱上很多。仙宝房室不是家族领地，几乎没有外族之人来到。 可仙宝房室是要打开大门，欢迎所有的修士来此。这样一来，只要是有筑基修士来此，对仙宝房室有着企图的话，他们必将无法控制，甚至家族也要因此遭受大灾难。陈子墨一边走在仙宝房室内，一边在静静的思索。最终，想要解决，陈子墨只想到了两种方式：一是提升自身的修为。如果他修为强大，就算无需任何手段，任何有不轨之心的修士，只要敢表露，必将之斩杀于萌芽。看来，必须要尽快突破修为，将修为提升上来。 这是当前最急迫之事。二是仙宝房室在土象阵的基础上，再寻得一座杀法法阵，到时两者相辅相成，仙宝房室必能固若金汤。可是想要得到一座二阶攻击法阵，何其困难！陈子墨拿出传音符，传音给三间店铺的管理族人，让他们留意，一旦有这种法阵出现，及时购买或者通知于他。未来充满期待，可想要通往未来，却是危机重重。陈子墨的眼神坚定，在老族长陈德松遗体前，他就发誓。 必将带领族人走向兴盛，这是他不变的信念，也是他唯一的执念。第九十五章：限制势力，鸠占鹊巢。大长老，那座方式开设，将很多修士引出了天阴山脉，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很不利，需不需要出手？在幽暗的天阴山脉中，站在多道人影，其中两人为首，他们来自孙氏家族，乃是筑基家族，在大荒域的势力中很是强大。孙氏家族大长老名为孙阳天，孙阳天面无表情说道。 暂不可妄动，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家族耽误我族未来大计。这是我族最好的机会，绝不能有丝毫的闪失。何况时机未到，我们并不急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方氏的开设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个机会，不仅无需扼杀，我们反而要推波助澜，让更多的修士知晓方氏的存在，然后来到天阴山脉。雨石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，你可要知道事情的轻重。是，大长老，此事雨石一定办好。一夜过去，昨日来到仙宝房室的修士。 经过一夜的调整，很多修士一大早就不见了踪影，离开了仙宝房室。绝大多数前往了天阴山脉，也有着一些修士继续之前计划的行程。陈子墨睁开双眸，从方士离开后，他直接回到了洞府，利用这短暂一夜打坐修炼。站起身，来到了仙宝方士，此时不复昨日的盛景，只见到稀稀落落的几人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是方士能否成功的关键。陈子墨不敢放松。陈子墨希望昨日的修士留下来，可又希望他们离开，通过他们之口。 将仙宝方士宣扬出去，让更多的修士知晓，在天阴山脉边缘有一座方式建立在此。他们来到天阴山脉后，可以选择在此地交易资源，可以有一个落脚之地。仙宝方室内虽然修士不多，可是陈氏族人却是忙碌起来。经过昨日，他们更有信心，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一批修士到来。陈子墨在仙宝方室内走访一圈后，来到仙宝殿内，召集了众长老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今日依然很关键，绝不能出现丝毫懈怠。二长老，你继续督促族人。” 在天阴山脉中宣传，尽可能让更多的修士知晓仙宝方式。陈周立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你放心，此事我一定尽全力做好。”陈子墨点头，望向陈周生，说道：“三长老，你需要再辛苦一段时间，你身上的担子很重。我们都知道，今日如同昨日一般，继续做好方式内的事情，同时根据昨日的经验教训，及时调整。更关键是一点，那些预定商铺的修士，需要提醒他们及时到位，只有一个月期限。” 如果错过商铺使用权，我们就要收回。以后再想租用，我们也会考虑之前的信誉。陈子墨不断交代，真是操碎了心。他不得不如此，可以犯错，但不能犯错后没有收获，更不能犯致命性的错误。商议完毕后，众人各司其职，纷纷离去。陈子墨站在大殿内，静静思索，半个时辰才离开。陈少主，陈子墨走在仙宝坊室内，身后声音响起。陈子墨转身望向来人，说道：“引道友。” 称呼在下陈道友即可，不知有何事？”尹天赐说道。“陈道友，再次恭贺仙宝方士在昨日取得巨大成功。”陈子墨脸露笑色说道：“多谢。”陈子墨知道尹天赐特意找到他，肯定不是过来说一些恭维之话，没有再继续开口，等待他出声。尹天赐说道：“陈道友，今日在下要离开仙宝房室，返回家族。不过，在下已经传音给家族，我族之人今日就会动身前来仙宝房室，一月之内必将那间预定的商铺。” 开设起来，陈子墨说道：“尹道友，为何不多待几个时日？如此匆匆离去，难道是我们仙宝方士招待不周？如果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向我族提出，我族一定会认真听取和对待每一位道友的意见。”尹天赐说道：“陈道友和仙宝方士无关，是尹某自身的原因。不瞒陈道友，尹某此次回族准备闭关突破，希望下次还能再见。”陈子墨没有再多言，说道：“祝尹道友顺利突破修为，也祝道友一路顺利返回家族。” 多谢陈道友。尹天赐没有动，眼神中还有话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尹道友，我们也不算是陌生人，有话直说无妨。”尹天赐说道：“陈道友是这样，族人传音给在下，希望能再租用几间店铺，不知是否方便？”陈子墨遗憾的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尹道友，不是在下不答应，而是家族在开设方式前就有着规定，每个势力只能租用一间店铺，还望谅解。不过，尹道友放心，如果家族规定有变的话。” 第一时间通知你，陈子墨自然不可能同意。现在陈氏家族的实力太过弱小，必须限制进来的势力，将其鸠占鹊巢。尹氏家族的实力可不弱，一旦他们有着准备，就算是有着土象阵，也很有可能出现问题。何况，如果他开了这个口，其他的势力见到此情形，他们有着同样的要求，怎么办？与尹天赐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个份上，在此前，他们也只是一面之缘而已。雷虎帮闹事之时，尹天赐的眼神。 他可是看在眼里，不能说幸灾乐祸，但至少是事不关己。尹天赐通过陈子墨的话，也知道了陈子墨的态度，以家族的规定推脱。但通过昨日的观察，陈氏家族几乎是陈子墨一个人说了算，只要他点头，必定成型。尹天赐说道：“陈道友，是在下冒失了，不过在下也期待等待道友的好消息。那在下就不多打扰，告辞。”陈子墨将尹天赐送出了峡谷后，返回了仙宝坊室内。时间流逝。 渐渐的开始有修士来到仙宝方士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来到的修士越来越多。这是陈子墨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。本来第九十六章，财帛动人心，族人起心思。一波高峰后出现低潮的可能性很大，陈子墨也有了心理预期。没有想到却是给了他惊喜。毕竟第一日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加成，一是仙宝房市第一日开市就是一大吸引力。天阴山脉到目前为止，据陈子墨所知，除了仙宝房市外， 还没有其他的方式。二是斩杀雷虎帮，让修士见到了仙宝方式的安全性，让他们更有信心。三是雷峰虎的拍卖吸引了很大一部修士来到。最后一点，商铺给了很大的优惠，从今日开始将逐渐递减，几日后将不再享有。陈子墨猜测，之所以又引来高峰的原因，可能是与昨日的修士有关。他们的离开将仙宝方式发生的事情传播到其他修士耳中，让那些修士纷纷有了前来一探的兴趣。末时时分，来到了顶峰。 陈子墨估计，今日来到仙宝方士的修士比昨日还要高出两成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。陈子墨的脸上带着喜色，陈氏族人更是喜笑颜开。他们已经见到家族很快将走出困境，他们也会因此受益，拥有大量的资源支撑他们修炼。第二日悄然而去，第三日淡然而来。第三日虽然没有第二日那般盛景，可依然达到了第一日的水平。包括陈子墨在内的陈氏族人已经非常满意了。但从第四日开始，每日来到仙宝方士的修士。 逐渐递增，到第十日时，身处仙宝方式的修士已经进入万人之境，这是巨大的突破。万人的规模不算是小方式了，但也没有达到中等方式的水准。但唯一遗憾的是，只有地摊区比较繁荣，其他的区域冷冷清清。那些商铺有些还未开始铺设，有着正在紧张的装饰之中。不过都需要时间，不仅是陈氏族人着急，预定商铺的修士更是心急如焚。如果无法趁着这波势头大赚一笔的话， 今后可能再也无法拥有，他们当然希望是长期，可未来的事情谁能预料呢？只有抓住当下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。第十一天，终于有第一家商铺完成了装饰，是一家酒楼，正式开放，可谓是热闹非凡。一整日几乎是座无虚席。大殿内几人还是有着心痛，此时酒楼开放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，连租金都无法得到。不过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。陈子墨笑着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我们需要将眼光放长远来看。” 何况这对我族而言，何尝不是好事？目前来说，修士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，每日通过地摊区出租，已经能收获接近两千枚灵石。以后再加上商铺租金，商铺的年收益，目前来看，有可能超过三十万枚灵石。如果洞府也全部开放的话，一年下来，不包括仙宝殿的收益，打底百万枚灵石。如此巨量的灵石，有心之人必定能够发现，大荒域最缺的是什么？修炼资源。以我族目前的实力，只会是灾难。但现在不一样。 将那些商铺只收取租金，如果他们有着不菲的收益的话，他们的注意力将分散开来。虽然我们也不可避免被关注，可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，肯定会和我们紧紧捆绑在一起。如果有势力攻击的话，必定会全力支持我们，因为他们也不确定，一旦先保方氏一主，那些商铺他们还能不能再维系。虽然此前不断的阐述，但依然没有半点厌烦之色。陈子墨始终在开解几位长老，困境中的陈氏家族大量临时进入，受到的冲击。 必然是巨大，谁能避免？陈子墨非常理解，所以才会不断的根据形势发展，说服几位长老，再通过几位长老之口去说服家族之人。毕竟陈子墨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需要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团结族人。陈周立说道：“少族长，你的用心良苦我们也知晓，可是目前来说，我们是有着运气，地摊区几乎是日日爆满，可以后想要达到这种状态很难很难。地摊区等到恢复正常后，每日有千枚临时进账，算是不错了。” 而其他的区域，暂时只有仙宝殿还能出售一些宝物，给家族带来收益。错过如此时机的话，恐怕……陈子墨内心一叹，这些老顽固，看来他之前的话几乎是没有半点作用，恐怕只是当时起了作用，眼红后很快就会忘记。看来必须果决，无需和他们再废话。说道：“此事无需在意，以后也不许在意，除非出现重大变化，不然的话严惩不贷。”少族长，你二长老怎么想要带头触犯？ 陈子墨望向陈周丽的眼神极具震慑力，陈周丽内心一颤，他从未见过陈子墨如此眼神，看来对陈子墨还是有着很多不了解，急忙说道：“少族长不敢。”陈子墨说道：“每个人各司其职，管好自身的事务，不要再去插手其他的事情，一旦让我知晓，严肃处理。你身后的那一脉也要受到影响。”陈子墨觉得还不够，目前重要的权力都在这五人手中，一旦他们有任何的私心。 对刚起步的仙宝方式将是致命的打击。虽然陈子墨也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在团结的家族，财帛动人心，对每个人都适用。在家族没有资源时，大家可能还不会太多的关注；一旦拥有大量的资源，心思不免开始浮动起来。陈子墨真的不希望族人怕他，让他与族人产生一层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但当前时期，陈子墨不得不这么做。家族想要步入正轨，走向强盛，需要严格的执行力。是少族长。 众人不敢再出声，低头静默不语。陈子墨说道：“几位长老，你们也无需多想，仙宝房事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，家族更是不能因为仙宝房事出现危机。你们想想，预定商铺的修士都是一些什么势力？如果我们此刻收回仙宝方士的信誉，必然是荡然无存。更关键是，第九十七章碧云城主对方事有意。更关键是，我们将得罪多少势力？不等其他势力窥视，就他们联合起来，我族就已经危急存亡。” 陈周立几人更是不敢抬头，最终还是陈周生说道：“少族长，看来我们还是被利欲蒙蔽了心眼，也幸好有少族长你，不然的话，家族恐怕要毁在我们的手中，成为家族罪人。”陈子墨摇摇,摇头说道：“不受利欲，那恐怕只有圣人。我们虽然是修士，可也都是凡夫俗子，不可避免。几位长老，你们也不要放在心上，接下来还要继续辛苦你们。家族因为方式有了重生的希望，希望这个机会我们要紧紧的抓住，不要白白浪费。” 少族长，你放心，今后我们再不会提及此事，必定会全力约束自身，也会替少族长约束族人。陈子墨终于是放心下来，应该有了奏效。在第十五日时，方氏迎来一个低谷，此日来到仙宝方氏的修士只有寥寥一千多人，与此前相比相差巨大。不过只是三日，再次迎来高峰，又一次突破万人。但接下来几日又跌倒了谷底，不断在高峰和低谷间反复横跳，牵动着众多的修士。 其中陈氏族人不断在这大起大落间，欣喜与忧愁伴随；还有那些预定商铺的修士，其中不少已经装饰完毕，正式开放了。他们也有着忐忑。直到一个月后，仙宝方式终于趋于稳定，每日仙宝房市的修士维持在二千至四千之间。陈子墨对此算是非常满意了。此时，陈子墨与家族几位长老再一次聚集在大殿内。陈周生说道：“少族长，经过一个月，第一日预定的商铺。” 还剩下五间店铺没有完成开放，但他们并没有放弃，还在装饰之中。是否需要延期继续租用给他们？陈子墨说道。他们都是什么势力？本来按照规定，一个月内必须将店铺开设起来，可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。规定是规定，也需要变通。陈周生说道。从登记的信息来看，其中一个身后有着势力，其他四人都是散修。那四个散修估计是见到无需任何费用，想要先占有再说。本来刚开始没有动工的打算。 但见到越来越多的修士来到方氏，起了心思。可是以他们的资源，又很难办到，所以才出现未能按时开放的原因。至于那个身后势力的修士，他们对店铺的意愿看起来兴趣不大，一个月时间磨磨蹭蹭，根本不想开放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按规定执行，收回商铺使用权。”陈子墨没有丝毫犹豫，对于这些修士绝不能惯着，不然的话，后面有优惠租用，但有着限定条件的修士见到，他们可能就会效仿。 方氏之所以能稳定下来，与商铺开放有很大的原因。当然，预定商铺的修饰，也是见到方氏越来越繁荣，想要分一杯羹，才快速建立起来，可谓是相辅相成。接下来还有不少商铺在陆陆续续装饰完成。陈周生点点头，没有多说，他其实也是这个意思。陈子墨问道：“三长老，酒楼与客栈是什么情况？”陈周生说道：“酒楼与客栈，根据少族长你的要求，基本是严格筛选，其中有两家开放后未达到要求。” 要求整改，但仍然有一家无法胜任，已将其剔除。其他的都符合要求，他们算是先保方式在这段时间内最大的受益者。但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未告知少族长。来福客栈的掌柜贿赂族人，族人也接受了贿赂，不过被我们发现，严肃处理。陈子墨脸色一冷，说道：“当时怎么不告知于我？”陈周生一颤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我认为是一件小事，你如此繁忙，就……”陈子墨却是阻止，说道。 三长老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不仅族人要处理，还要公布出来，让族人都知晓此事。还有来福客栈，也要对其进行处理。是，少族长，以后再发生此种事情，一定第一时间给你汇报。”陈子墨说道。“三长老，这事我不是怪你，但这是原则问题，族人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开端，不然的话，后面会一发不可收拾。至于来福客栈，不必将其赶出去，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其得到惩罚。”陈周生点点头。陈子墨望向陈周却。 说道：“五长老，目前方式收成如何？”陈周却说道：“洞府依然不变，还是五座洞府。第一日就已经被修士租用。地摊区的话，现在稳定下来，每日大概是进账一千五百枚灵石。商铺区不好统计，还需一些日子。至于仙宝店，家族宝物不多，但最近家族有了一些资源，从修士手中购得一些宝物，也在陆陆续,续续好转起来。扣去成本，大概有大几百枚灵石进账。”陈子墨点点头，这样算下来的话，其实很不错了。 等商铺全面租金启动，将得到很大的增幅。而且商铺的租金与地摊不同，很稳定。这一次主要的目的还是对之前一个月进行总结，同时对一些发生的问题共同探讨，及时的纠正。渐渐的，三个月过去，仙宝方式算是真正进入了正轨。城主，仙宝方式的发展势头目前来看还不错。我们需不需要进入？或者我们也在天鹰山脉附近开设一座方市？在一座大殿内，一道身影坐着，一人站在那。 坐着的那道身影十分熟悉，正是碧云城城主罗碧云。罗碧云说道：“乔栋，将详细情况与我说说。是”是城主乔栋将他所知晓的事情一字不落告知了罗碧云。罗碧云也是惊叹：“有着三四千人的方式确实不错，不过相对于碧云城而言，小巫见大巫。碧云城内可是有着十万以上的修士规模。”罗碧云说道：“暂时无需理会，如果有新情况再告知于我。”虽然有点心动。 可罗碧云对这点资源还看不上。大小姐，第九十八章闭关。大小姐，碧云城内讨论最多的声音，乃是天阴山脉外围建立了一座方氏，叫仙宝房室。在一处闺房内，有着两道身影，其中一道容颜极美，倾国倾城。可她的脸色清冷无比，她正是罗子轩。返回碧云城后，就一直处在闭关状态，今日才出关。罗子轩听到“仙宝”两个字，脑海中又想起洞府中发生的那件事。 仙宝方士属于哪个势力？大小姐是一个小家族。哦，对了，就是咱们碧云城内那个仙宝商铺身后的家族建立的方式。听说那个仙宝方式十分热闹。大小姐，你出关后需要不需要去那里走走？罗子轩身边的女子是他的侍女红儿，跟随在他身边很多年。从罗子轩返回城主府后，红儿就感觉罗子轩状态不对。没有想到闭关结束后依然没有丝毫改变。她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正好仙宝方士的事情可以让罗子轩换一个心情。不去。 罗子轩清冷的回答像是没有丝毫的兴趣，不过罗子轩的内心却与他的脸色不一样。那个小小家族居然建立了一座方氏。红儿说道：“大小姐，你是不知道，之前管理仙宝商铺的那个陈掌柜，现在可是陈氏家族的少族长，听说马上要继任族长，而仙宝方氏正是出自他之手。没有看出来，陈掌柜居然有着如此能耐。唯一可惜的是，林根资质太差。从红儿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对陈子墨是相当的赞赏。” 不过，也为他感到惋惜。红儿，怎么？你看上了他？那你去啊！红儿呆立在那，急忙说道：“大小姐，红儿绝不会离开你。对陈掌柜更是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何况红儿只是一介婢女，哪里能配得上？”红儿实在不明白，大小姐到底怎么了？以前可不是这样，不仅不会把她当做婢女看待，反而什么话都会与她倾诉。罗子轩面色依旧清冷，说道：“他一个小小的族长，我的婢女许配给他，是他的荣幸。” 红儿眼神慌张，这越说越乱。大小姐，红儿我我。罗子轩自顾自地说道：“假如有一天我与他成为道侣，你是不是就能称心如意，天天能见到你的意中人？”红儿不知所措，大小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种话也能说出？和陈子墨成为道侣怎么可能？虽然陈子墨成为了一族之长，可与大小姐罗子轩的身份地位相差太远，两人没有任何可能。可怎么会突然冒出此话？红儿急忙说道：“大小姐，红儿去请城主过来。” 罗子轩性情的变化，经过他的交代，红儿并没有告知任何人。可是此时的情况，他不能隐瞒了，这是要出大事啊！赞住，如果将我的事情告知给了我爹，你就从我身边消失吧。扑通一声，红儿眼泪直流，说道：“大小姐，别赶红儿走，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，绝不乱说半个字。”罗子轩心中一颤，暗自自责，他这是怎么了？红儿是什么人？是他最亲近的人之一。听到那个人的消息，让他方寸大乱。 罗子轩急忙走到红儿身前，将她扶起，说道：“红儿，是我的不是，不该冲着你来。”红儿终于止住了眼泪，这才是她熟悉的那个大小姐。大小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罗子轩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无事，不用担心。你说的那个仙宝方士，我也有着兴趣，正好要去天阴山脉一趟。红儿，你也跟着我一起过去，瞧瞧那仙宝方士。”红儿说道：“大小姐，要不要将此事通知给城主？”“算了，我们离开碧云城后。” 我再传音给爹便是。两人悄悄的离开了城主府，往着一个方向而去。仙宝殿内，几道身影焦急万分。二长老，要不你前去洞府将少族长唤醒？族长继位大典已经推迟了一个月之久，不能再延后。本来一个月前，三月期限已到，陈子墨将继任族长之位。可是那个时候，陈子墨已经闭关修炼。在闭关前，陈子墨有过交代，如果不是遇到危机，不可打扰。族长继位大典本来是家族的头等大事，他们在陈子墨闭,闭关之后。 以为闭关时间会很短暂，陈子墨也知晓事情的重要性，不会生出变故。可是没有想到，随着继任大典越来越近，陈子墨却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但家族该布置的事项却没有停止。也许陈子墨到了闭关的关键时刻，在最后一刻会结束闭关，继任族长之位。但事与愿违，最终陈子墨没有出现，他们也不敢去打扰陈子墨的交代，只是说家族出现危机，可没有其他的事情。族长继任大典虽然重要，但可以往后再推延几日。 只是没有想到，又是一个月过去，依然没有丝毫的动静。陈周丽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既然都推迟一个月了，我们再等一些日子也无妨。少族长都闭关三个月，说不定此刻正是关键之时。一旦被打扰，前功尽弃不说，还有可能发生意外。我们还是耐心等着少族长出关吧。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少族长闭关之时，管理好仙宝方式，别出现意外。可二长老，家族不能一直让族长之位悬空着。族长已离世四月。” 而且族长的遗言，我们也要完成他的心愿，不能让族长的尸骨心寒啊！要说你们去说，反正我是不去。我们大殿中陷入寂静，在一座洞府内盘坐着一道身影，周身灵气浓郁，正是陈子墨。此时的陈子墨进入闭关，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个月，几乎是又过去了一个月。只是这道身影一动不动，双眸紧闭，周身的灵气缓缓涌入体内。突然，灵气剧烈波动，快速的向着陈子墨的肉身涌去。 第九十九章子墨商铺。轰！陈子墨气势大增，猛然从体内爆发开来。此刻的灵气涌入陈子墨肉身内的速度急速增强，洞府中的灵气像是无法供应，要被抽空一般。轰！从陈子墨肉身爆发的威势更为强势，威势冲击着洞府空间，剧烈震荡。很快，陈子墨的气息平稳下来，洞府中的灵气也在此刻不再涌入陈子墨体内。不过， 此时洞府中灵气极其稀薄，但引灵阵正在急速从灵脉内重新引入灵气，进入洞府内正在快速恢复。陈子墨睁开双眸，两道眸光一闪而逝。呼、哦，陈子墨长吁一口气，突破炼气八层。过程虽然看似波澜不惊，可体内的情况却是很是惊险，差一点灵气供应不上，造成突破失败。陈子墨吸取了这次的教训，以后在突破时，在洞府闭关的基础上，一定要准备一些突破的丹药，这样在紧急的时刻才能做到万无一失。 其实这次突破还是有点心急，如果能再积累一段时间，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可是陈子墨也明白，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。作为一族之长，很难与普通修士一般，有着充裕的时间闭关修炼。成为族长有着好处，也有着弊端。好处是自身修炼资源无需发愁，弊端也显而易见，家族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占据太多的时间。修士唯一公平的一件事，恐怕就是时间了。每个人。 一天之中只有十二个时辰，在一件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多出一点，其他事情必然是很难再弥补。很快，陈子墨露出喜色，突破修为自然是一件极其高兴的事情。炼气八层的修为，炼气七阶段还剩下最后一小层，就将冲刺筑基期。但又很快，陈子墨脸露愁容，想要突破筑基期，一是需要筑基丹，他已经完全具备，不会成为他的阻碍；二是需要筑基功法，目前他修炼的心法青木诀只是一部炼气七功法。 如果无法得到一部筑基功法的话，将成为他很难逾越的鸿沟。看来这次出关后，这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。家族唯一的筑基功法，他的灵根不适用。家族想要强大，还有很多方面的事情要做呀、啊。突破修为，陈子墨没有立刻起身结束闭关，需要稳固修为，这急不得。陈子墨紧闭双眸，重新入定。时间如流水，永不停歇地流淌着。半个月，一晃过。轰！洞府中，一道强大的气息外放。 很快，气息逐渐收回了体内。只见到洞府中的那道人影，从肉身散发的气息再不断下降，从炼气八层下沉到炼气七层，到此时就此终止。唰，两道金光一闪而逝，盘坐的那道身影睁开双眸，起身站起，正是陈子墨。此时的修为完全稳固，运转无声无息诀，将修为封印。此次闭关过去了四个半月，对于修士来说算是比较短暂了。炼气期修士。 动则几年在洞府中闭关是很常见的事情。陈子墨打开洞府，望向一座洞府的石门，依然是紧闭着。看来陈子晴依然处在闭关之中。陈子墨也希望陈子晴能尽快提升修为，反正家族之中的事情无需他操心。以陈子晴的修炼资质，练气八层的修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也很快了吧。陈子墨没有停留，向着上方而去。大小姐，你真的要在此久留吗？在一间店铺内，有着两道身影。 正是罗子轩与侍女红儿，在十天前，两人来到仙宝房市后，出乎红儿预料的是，大小姐罗子轩居然心血来潮，租用了一间店铺，见其架势，准备在仙宝房市长留在此。这可急坏了红儿，城主要是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罗子轩笑着说道：“红儿，难道你不希望留在仙宝房市？”此时的两人外貌已经改变，就算是熟悉之人，也无法知晓他们真实的身份。如果使用真实的身份在仙宝房市租用商铺的话， 陈氏族人恐怕寝食难安了，红儿说道：“大小姐，我们此次出来只是散散心，如果长久不回的话，城主会担忧着你。”罗子轩看着店铺门口说道：“红儿，别担心，爹那边我会应付。红儿，要不你去学着其他店铺的小二到门口叫唤，不然没有一个修士来到咱们店铺。咱们紫墨商铺第一日开张，可别一个顾客都没有。”没错，罗子轩将店铺的名称取名紫墨商铺。红儿听到罗子轩提及店铺名。 一阵的头疼，取什么名字不好？子墨商铺，这不是与仙宝方式的主人不仔细说明的话都重名了。不知晓真实实情的修士还以为大小姐想要占陈子墨的便宜，这还不要紧。红儿担心有些修士会以为店铺中的店家明显是对陈子墨有意，想要吸引陈子墨的注意力，是想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大小姐是什么身份？一旦身份暴露，到时大小姐的声誉受损，城主必将雷霆大怒。红儿也劝解过，可是罗子轩一意孤行。 根本不听他的劝说。今日开张前，将牌匾悬挂在店铺上，极其显眼。不过，唯一让红儿安心的是，这间店铺的位置在仙宝坊市极其偏僻，很少有修士来往。如果不是如此的话，他们想要得到一间店铺，正常手段是不可能的事。仙宝坊市的商铺乃是抢手货，只要出现空缺，几乎瞬间就会被修士抢夺。除了这间店铺外，红儿说道：“大小姐，咱们又不缺那点零食，何况这处位置哪会有修士来往？” 就不必了吧。罗子轩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算了，反正我是换不动你了，我自己去。”红儿大急，这还了得？说道：“大小姐，红儿这就前去。”说着，急忙拦住准备走向店铺门口的罗子轩。红儿来到门口，张着小嘴，想要开口，可怎么也说不出来，眼巴巴地望着罗子轩。第一百章，天阴山脉，暗流涌动。大小姐，红儿真的不会。罗子轩说道：“那你去其他的店铺瞧瞧。” 看一下他们的店小二是如何叫卖。红儿脸色通红，说道：“大小姐，不要了吧。”哎，看来是越来越不听我的话，还是我去吧。红儿没辙，只能乖乖的前往。陈子墨走出洞府后，没有立刻前往仙宝殿，来到仙宝方室内走访。此时大概是午时，但方室内的修士并不是很多。陈子墨走访了一圈，约莫估计两千修士左右，算下来的话，少了很多的修士，不知小其中发生了何事。很快，几道身影匆匆而来。 少族长，陈周立几人喊道：“见到陈子墨的身上散发的气息，乃是炼气七层，不用想也能猜到，陈子墨必定是突破了修为，不然的话，以陈子墨的谨慎，不可能将真实的修为暴露在外。但没有完全确定，还不能百分百肯定。可众人眼中流露出的那份喜悦是无法掩藏，这份喜悦包含着陈子墨终于结束闭关，可以继任族长大典了。陈周立几人也是听到族人汇报，见到陈子墨在方室内出现，通报给了他们。” 他们才匆匆来到此处。陈子墨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诸位长老，这段时间辛苦了你们，一切可还顺利？”陈周立说道：“少族长，你闭关快五个月，但族长继任大典早在几月前本来就要举行，不得不推延。少族长，族长继位大典不能再拖延，必须立马赶回家族，明日举行。”此时有一些修士听到，纷纷望向了他们的方向，对着陈子墨说道：“陈少主，恭喜恭喜！不，应该是陈族长。” 恭喜，恭喜！不断有修士祝贺陈子墨，微笑点头，一一回应，表示感谢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咱们回仙宝殿商议。”很快，陈子墨几人返回仙宝殿。陈子墨说道：“族长继位大典，我看就免了，直接宣布就行，不必铺张浪费。”少族长，这……陈子墨说道：“二长老，就这么办。其实举不举行大典，无足轻重，不必花费这些时间在这个上面。接下来，陈子墨还有很多的事情。” 要去处理，哪有这个功夫？本来就是一道口谕的事情，何必这么麻烦？陈周立见陈子墨态度坚决，可依然说道：“少族长，一切可以从简，但是族长继任大典是家族最重大的事情，不可直接省略，这是老祖定下的规矩。继任族长大典，其中有几项必须举行，这一次少族长一定要听从我们的安排。”接着，陈周立将继任族长大典时需要的流程详细与陈子墨说了一遍，其中最关键的几项重点做了介绍。 不得马虎，更不得省略。陈周生也劝解说道：“少族长，祖上的规定不能破呀。”其他几人也是极力的劝说。陈子墨无奈，只能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明日可是良到吉日。”陈周立几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虽然明日是一个不错的日子，但最佳的时日在十日后，那时才是良到吉日。好，那就定在那一日。”见陈子墨没有再反对，陈周立几人终于放心下来。家族因陈氏老祖开创。 如果连老祖的规矩也无法遵守的话，一个家族很多的事情将被摧毁。”陈子墨说道，“我在方室内走访了一遍，可为何修士越来越少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？”对于族长继位大典的事情，陈子墨不会去关心，中间的准备过程他们都会去处理，先保方氏才是他最关心之事。”陈周立说道，“少族长，半月前其实仙宝方式的修士还算比较稳定，每日有着大概四千修士左右。可是之后有一则消息传出，天阴山脉有大机缘现世。” 陈子墨面色一凝，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之所以建立方式，就是因为见到越来越多的修士来到天阴山脉，而那时就有传言，天阴山脉有大量的机缘。此时又有传言传出。陈周丽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具体的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有修士得到一株五百年的龙参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。那个得到龙参的修士，他传出那里还有着大机缘，只是他的实力有限，无法对付那些妖兽。这几日不断有消息传出。” 天阴山脉不少修士葬身在妖兽之口。说到这时，陈周立脸上有着担忧之色，说道：“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很可能会激怒妖兽，将妖兽引出天阴山脉，发生兽潮。到时，不管是我们陈氏领地，还是这仙宝方式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危机。”陈子墨脸色凝重起来，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。天阴山脉有记载中，还真的出现过兽潮，就是因为修士过分侵入，激起他们的反击，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。 记载中有几座城池直接被摧毁，大量的修士死在了兽潮下，当然也激起了修士全力反击，妖兽也受到了重创。记载中未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最后妖兽退回了天阴山脉。陈子墨猜测，可能与妖兽大量死伤有关。近几百年内相安无事，没有出现过兽潮。经过那一役，前往天阴山脉的修士都比较克制。这么多年，那些修士恐怕已经忘了那次兽潮带来的伤痛。陈子墨极其紧迫。 想要前往天阴山脉了解具体的情况，及时做出应对。先保方式才步入稳定，以后是家族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资源来源，不能在此刻出事。一座方士想要复制，哪有这么容易？天时地利与人和不可或缺。何况先保方士的灵脉绝对不能出事。陈子墨说道：“今日我准备前往天阴山脉，在族长继位大典前，一定会赶回家族。”陈周立脸露担忧，说道：“少族长，现在天阴山脉很乱。” 为了防止意外，还是待在仙宝坊室内比较好。就在这时，陈周立传音符闪动，了解传音符内容后，脸色大喜。